而这些亡灵在扩散开来之后，直接就冲入到了一个个巨大的球形穹顶之中，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丁，恭喜你击杀一,一头普通野怪，获得积分一万。丁，恭喜你击杀一,一头精英怪，获得积分一百万。丁，恭喜你击杀一亿头头领怪，获得积分一亿。丁，恭喜你击杀一亿头普通野怪，获得积分一万。一时间，无数声提示音也是在这个时候传到了林年的脑海之中。同一时间，林年的积分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暴涨。叮，恭喜您，积分首位突破一万亿。 获得奖励，玄色装备一件。而就在此时，一个提示音却是在这个时候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一经的积分需要击杀圣王级 BOSS 足足一百次才能获得。然而，现如今林岩仅仅只是不到几秒的时间就达到了几万亿的积分。而且，随着林岩的亡灵越来越多，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林岩获得积分的速度也是越发的恐怖。不仅如此，每一个亡灵击杀了一些野怪之后，林岩还能获得大量的残魂。这些残魂下一刻就会变成新的，而且更加强大数十倍的超级亡灵。此消彼长之下。 林岩的积分提升速度疯狂暴涨。丁，恭喜您成功首杀尊王级 BOSS，获得积分一百万亿，奖励装备玄色装备一件。然而就在此时，又是一个提示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这提示让林岩冷了一下，随后他就通过亡灵的意识看到了数千万光年之外一个暗红色的秘境被林岩的一尊冰火恶魔至尊硬生生打穿了，连同整个秘境都是被毁了。看到这里，林岩暗自咂舌，这东西还真的是有够猛的、啊。 当然了，林岩可不认为自己能第一个首杀尊王级 BOSS，是因为自己的实力最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林岩的 BOSS 数量多啊，而且还有虚空湮灭号这种机械族亡灵。要知道，虚空湮灭号可是有一个技能可以直接搜索方圆百万光年内一切生灵。想要找到高等级的副本和秘境，比那些宇宙国的超级天才可是简单多了。只可惜的是，这送的两件玄色装备虽然属性让林岩有些震惊，但是因为不是一套的，所以即使集齐了四件套，也不会有任何套装属性。对林岩来说，用处不大，唯一的用处。 估计就是分解之后，将其中的玄色精粹拿来强化自己的装备。可是林岩现在的强化被动等级太低，连暗红色都无法强化到，更不用说是这玄色装备了。想到这里，林岩也是没有使用，将两件装备丢入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中压箱底。都来到这里了，估计自己也不会缺少玄色装备了吧？尊皇级 BOSS，只要杀一个就能爆到一整套具有套装属性的装备。丁提示：有玩家拿下本赛区尊皇级 BOSS 首杀，获得奖励玄色装备一套。果然。 就在此时，一个提示音却是瞬间将整个赛区的所有天才震撼了。这一刻，即使是林岩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我了个操！这些人这么猛的吗？林岩有些懵了。现在才不到几分钟，居然就有人找到了尊皇级 BOSS，并且能将之杀了。这绝对是宇宙国的顶级天才，即使是林岩，估计都没有这等实力。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兴奋。这么强大的天才，这要是杀了，自己一下子能复制多少等级的被动？最低最低都得是 LV 幺二零以上吧？只是。 第一轮自己想要遇到任何一个 R、SS、S S S 及以上天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要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赛区，但是其中的人数之恐怖，那绝对是数不胜数的。即使是林岩将方圆数百万光年内的所有选手全部杀光，其中能找到一个 R S S S 级的天才，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不过好在这是五阶的赛区，所以人数已经少了不少了。毕竟能进入到五阶赛区的天才，职业等级最低都得是达到 S 级以上才行。而且只要等到第三轮的话，林岩估计自己就能真的遇到那些顶尖的天才了。而且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遇到。既然如此。 那第一轮就不管这些所谓的天才了，还是尽快看看如何刷新一下记录吧。想到这里的林岩直接闭上双眼，开始沟通那些实力等级达到了尊皇境界的冰火魔尊邪灵。可惜的是，这些邪灵的等级只有 LV 二百，所以对上一些 LV 二四零级的尊皇级 boss，这些邪灵并不是对手。不过，若是对上的是尊王级对手的话，其实还是能轻松击杀的。当然了，打不过不代表不找，找到之后，林岩会直接赶过去。只是尊皇级 boss 终究还是数量太少，林岩足足找了十分钟都没有找到一头。 足以见得之前的那个天才不仅仅实力强大，而且就连运气也是极为恐怖。等等，运气！突然，林岩抓住了这个灵感。运气，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自己高？想到这里，他没有犹豫，直接在背包之中拿出一柄长剑，找一下距离我最近的尊皇级副本或者秘境。林岩说完，直接就将手中的长剑旋转着丢了起来。嗡、哦！而就在长剑丢起来的瞬间，林岩的气运轮盘开始快速的转动。砰！下一刻，随着长剑落在地上，剑尖瞬间指向了一个方向。 看到这里，林岩大手一挥，嗡嗡嗡！霎时间，无数的飞船就从他的地狱之门之中冲了出来，朝着那个方向疯狂的跃迁而去。足足一千亿艘飞船，按照这个方向，每跃迁一亿公里就落地一艘。一时间，这个方向足足一百万光年的距离内都被这飞船所笼罩。果然，就在探索到了两千五百四十光年之外的时候，一个庞大无比的秘境穹顶出现在了附近飞船雷达范围之内。这个秘境的直径足足三亿光年。看到这里，林岩顿时就忍不住笑了。这个大小的秘境，绝对是一个玄色秘境。果然。 自己的运气就是恐怖，去看看。林岩直接一步跨出，周围空间瞬间一闪，林岩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一。一再次出现的他，身形已经来到了两千五百四十一光年之外。而林岩的下方正是那一个巨大的秘境屏障。同时，林岩也是发现，在秘境的周围已经围了足足数百万一个选手。很明显，这些选手都是周围看到这个副本所以赶过来的人。这个秘境太过庞大，直径有三亿公里，也就意味着高度也有一点五亿公里。而这么庞大的高度，即使是在方圆数百亿公里内都能看到。 这里的人实力都达到了 L V 二百，而且大多数都拥有飞船。数百亿公里的距离，依靠飞船飞行的话，很快就能赶到。还好这里是位于宇宙强者战的战场，若是在外界的话，这么多人围着灵岩就用不着等了。因为任何一个秘境都可以进入足足一百个队伍，而每一个队伍十个人，也就是一次性一千个人。同时，一个秘境有一万个平行秘境，也就是说，同时能容纳一千万个人攻略。这里足足数百万一个人，全部算下来，估计得上千轮才能轮到灵岩。当然，灵岩也可以将他们全部灭了。 可是，一个玄色秘境在没有超级强者的情况之下攻略下来，最少都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因此，能第一轮进入的人，几乎第一轮结束之前都不会出来了。不过好在，因为这里是宇宙强者战的战场，所以这里的秘境有且只有一个，同时也没有进入限制，只要你想进去都能进去。也就是说，这里的数百万亿个选手，若是想要进去的话，能全部进入。不过，这可是玄色副本啊！玄色副本的所有怪都是头领级，若是在外界敢进入的天才等级，至少都得是 R S S 级以上。 而且这个等级也就只敢对圣王级以下的怪，连尊王级都不敢动。毕竟动了一个，其他的全部都来了。更不用说尊王级之上还有终极尊皇级 BOSS。而这里的选手数量虽然足足数百万亿之多，但是按照五阶选手的等级计算的话，头领级怪的战斗力相当于同级别的 SS 职业者。而这里能达到 SS 的职业者只有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最弱的 S 级职业者一个队全部进去，估计也就能跟一头头领级的怪打一场。若是多来两头头领级的话，怕是要全军覆没。 这就是为何副本之外围了足足数百万亿人，却是没有进入的原因。还留在外面的这些人，都是没有那个胆子进去的。至于秘境之中有多少人，估计得等灵岩进去了之后才能看到。不过可以预见，这么庞大的范围之内，选手的数量至少都得达到千万亿以上。也就是说，留在外面的反而是少数。不知道里面的小怪有没有被清空了？要是小怪都没了，那就只能对终极 boss 动手了。想到这里，灵岩直接一头冲入到了秘境屏障之中。嗡、哦！瞬间，随着一阵波动，灵岩就进入到了这个秘境之中。 下一刻，一片汪洋大海就出现在了林岩的脚下。而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上，有无数个不同种族的选手正在疯狂的对着海面之下的无数海洋巨兽攻击。这些巨兽体型都达到了数百米的大小，而样子有些类似于章鱼，只是更加狰狞。每一条触手的前端都和利刃一般的锋利。林岩已经看到了不少的人被这利刃一般的触手撕碎。林岩直接打开了其中一头章鱼的属性：野怪，深海八爪巨魔头领，等级 L V 二四零，天赋被动，水之掌控 L V 二十九。 利刃精通 LV 二十九，速度强化 LV 三九，力量强化 LV 三九，体质强化 LV 三九，血量一万亿一万亿，魔力二百亿二百亿，攻击力十五亿，速度一点五亿，防御力六十亿，技能八刃斩击 LV 十，蓝色，操控全身的八条触手同时攻击，最高可造成百分之五百的混合伤害，以及百分之十总伤害的持续性撕裂流血效果。看着这属性，林岩眉头一挑，LV 二四零已经是最高等级的秘境了。 毕竟这里的等级不能超过二百五十级，不过虽然是 L V 二四零，但是已经和 L V 二五零的头领级怪相差不了多少实力了。而且这技能也极为强大，就眼前这么一头，林岩估计龙腾星的龙腾在天赋提升之前来了，怕是也要费一些力气才能击杀。而对方可是准六阶强者啊。这是一个海洋世界，很多人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看样子这个秘境的野怪最多也就清理了十分之一的样子，来的不算晚。林岩想到这里也是微微一笑。不过这里的人太多了，得清理一下。林岩看着下方的人，眉头微微一挑。 对这些人下杀手，他倒不是什么杀人狂魔，毕竟无冤无仇的。想到这里，林岩也是想起来了，自己被动之中还有一个强力技能，好久没用了，差点忘记了。这个技能现如今也能融入大量的元素，不知道能不能将之升级到玄色。若是可以的话，它的威力怕是能暴涨不少吧。想到这里，林岩直接展开双手，嗡、哦！下一刻，一股股玄妙的力量从林岩的身上爆发而出。这些力量乃是一种种不同的元素之力，林岩按照等级从高到低将之从身体之中引导了出来，十种，一百种。 二百种，越来越多的元素之力浮现在灵年的周围，随后这些元素之力开始飞速的扩散开来，而且这些元素还相互结合，产生了大量玄妙的符文。在这些符文的勾画之下，一尊高达百万公里的巨大法相渐渐成型。同时，一股至高无上的伟岸之力也是在这一刻笼罩了整个秘境空间。随着这伟岸之力的笼罩，整个秘境之中还在疯狂战斗的人都是突然感觉到背脊发寒，所有人都是下意识的朝着天空之中看去。然而，这一眼却是让他们所有人亡魂皆冒。 只见一尊庞大的光影俯瞰着整个秘境，所有拥有元素之力的人，只要是对视一眼，均是感觉自己的元素之力居然在这一瞬间直接被封禁，仿佛那一瞬间他们的所有元素之力都被抽中了一般，没有了元素之力的他们实力暴跌，仅仅瞬间就被周围暴走的八爪巨魔轰杀。不好，有顶尖天才降临了，快跑！这绝对是警告，再不跑就死定了。好恐怖！为什么同为五阶，他的实力会这么恐怖？废话，人家是什么等级，用的是什么装备？你连紫色装备都没有，还想和对方比？ 别说了，快逃命啊！其他的选手看到这一幕，全部吓得脸色惨白。此时的他们哪里还有心情继续刷？无一不是惊恐的冲天起，将自己的飞船召唤出来，就朝着秘境之外冲去。看着如同蝗虫一般从海水之中冲出来的这些选手林，林岩也是给了他们一分钟的瞬间。使用飞船的话，因为一分钟的时间绝对足够了。若是逃不走，那就怪不得林岩了。看来得尽快寻找其他的尊皇级副本和秘境，然后用我的冰火魔尊邪灵，尽快将这些副本和秘境之中的人赶出来。不然的话，每次都要我动手，浪费时间啊！林岩想到这。 也是继续拿出之前的长剑，继续丢起来寻找其他的副本和秘境。随着气运轮盘疯狂的转动，林岩一分钟的时间也是再次找到了足足十多个尊皇级的秘境，并且已经沟通地狱之门，派遣了数万亿艘飞船朝着那些地方冲去，开始搜索。这尊皇级的首杀不是我的，但是这百人斩、万人斩绝对是我的。林岩想到这里，顿时就嘴角微微上扬。丁，恭喜玩家创造玄色技能灭世法相 LV 十，使用后元素法相可最高爆发出四百倍全属性力量，并且同时使用其他的技能也有一定的加持。 而随着灵岩融入了足足四百种元素之力之后，这元素法相的等级也是彻底的升级到了玄色技能。当然了，这个加成自然是已经超越了玄色技能 L V 十级的水准。只是到现在为止，灵岩都还不知道超越了玄色的等级是什么等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等级的技能强度绝对非常的恐怖。毕竟动辄三百二十倍以上的实力加持，可不是寻常的技能所能比拟的。想到这里，灵岩也是直接意念瞬间操控整个灭世法箱，一掌狠狠地朝着下方的大地之上拍了下去。嗡、wow！ 随着巨大大手印的落下，整个秘境穹顶之内的海水都是瞬间沸腾了起来。无数的八爪巨魔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均是冲出水面，惊恐的朝着四面八方逃离。即使是那些深藏在海底的圣王级 BOSS，也是同样如此。可是作为这个秘境的野怪，这些深海八爪巨魔根本就无法离开秘境。好，好，好！然而就在此时，一声声震天动地的怒吼突然从海底深处传来，噗噗噗噗！下一刻。 一根根长达百万公里的巨大触手从海底爆射而出，直接就朝着林岩的灭世大手印撞了上去。轰轰轰轰轰！仅仅瞬间，这些巨大的触手就在一声声巨响之中和灭世大手印撞在了一起，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那巨大的灭世大手印在这数百根恐怖触手的对撞之下，也是微微抖动了起来。可是那碾压下去的威势却是没有丝毫的减弱，似乎是感受到这一掌的恐怖力量，深海之中隐藏的那些八爪巨魔尊王均是冲出海面，足足一百尊实力恐怖的尊王级 BOSS 将整个秘境都是挤得密密麻麻。 而这些尊王及八爪巨魔尊王看着碾压下来的巨大手印，却是身上瞬间涌动出无尽的黑色能量。在能量的笼罩之下，这些八爪巨魔尊王的全身开始疯狂的变黑。下一刻，所有的巨魔尊王冲天起，所有的触手直接化作一个螺旋形的巨大钻头，急速旋转着，瞬间朝着大手印撞去。旋转速度之快，让周围都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龙卷风。那黑色的巨魔之力在他们的身体周围疯狂的汇聚。轰轰轰轰轰！最终，在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之中，这些巨魔重重的撞击在了大手印之上。 仅仅瞬间，林岩凝聚出来的这一只大手印直接被撞碎，而那些八爪巨魔尊王却是依旧朝着林岩冲了上来。无奈，林岩只能瞬间凝聚出元素护天盾，将灭世法相和自己都全部笼罩在了其中。而在这些八爪巨魔尊王撞击在元素护天盾的瞬间，护天盾的能量就充满了，并且瞬间爆炸开来。轰隆隆隆！刹那间爆发而出的恐怖力量，直接就将这些庞大的八爪巨魔尊王全部都是轰得倒飞了出去。轰轰轰轰！最终，在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之中。 这些八爪巨魔尊王全部砸在了海洋之上，恐怖的了力量直接就将那海洋瞬间砸的爆开，无尽水汽直接笼罩了整个秘境。看到这一幕，即使是灵岩都是有些惊奇于这些八爪巨魔的强大。不过想想也是，足足一百尊尊王级 BOSS 的同时攻击，自己不过只是使用了一个最为平常的玄色技能而已。这要是能将他们杀了的话，这尊王级 BOSS 也太弱了。况且这些尊王级 BOSS 的等级也是 L V 二四零，比寻常的 L V 二百级的尊王级 BOSS 强大了十倍的属性，真实的战斗力确实更加强大。 毕竟被动等级这些都比 L V 二百的高了不少，不过比起之前见到的那些冰火魔尊邪灵还是弱了一些。不过即使弱了一些，最寻常的攻击还是打不死他们了，要花费一些力气了。林岩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眼眸之中闪烁出一阵感兴趣的光芒。下一刻，那庞大的灭世法箱虚空一握，嗡、哦，刹那间无尽的冰火之力开始疯狂的涌动。很快，一柄冰火魔尊邪灵之剑的超级巨化版本出现在了林岩的手中。这一柄就是林岩从那二百个准尊皇级冰火邪灵的身上爆出来的半部玄色装备。 轰！而不仅如此，所有的元素之力都灌输到了冰火魔尊邪灵之剑之中。随着足足四百种元素之力的灌输，原本冰红两色的长剑直接化作彩色。至尊毁灭斩！林岩没有犹豫，直接一剑朝着下方斩落而下。枪，这一刻，让整个天地都为之颤抖的剑气划破虚空，仅仅瞬间，所有的剑气就狠狠地撞在了下方的海面之上，剑气爆开，轰隆隆隆！霎时间，一股股毁灭一切的力量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能量仅仅刹那间就淹没了所有的八爪巨魔尊王，这携带了足足四百种元素之力的斩击爆发的力量，在接触到这些尊王及 BOSS 的同一时间，就将这些尊王直接化成虚无。下一瞬间，一个个硕大的致死黑色伤害冲天起，这一百个伤害值自然是最为庞大的，当然了，还有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无数个伤害值，而这些伤害值无一例外都是那些死去的低等级八爪巨魔的伤害值，所有的伤害值都是致死的黑色，也就是说，这一瞬间没有一尊八爪巨魔是活下来的。叮。 恭喜玩家成功击杀八爪巨魔，一金。您获得积分一金，获得经验值。丁，恭喜玩家，您成功击杀八爪巨魔之王。一声声提示音也是随着林岩将整个秘境之中的所有八爪巨魔清空而传来。这一刻，林岩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积分和经验值，同时就连被动等级都是有了巨大的提升。恭喜玩家复制被动水之掌控 LV 二十九星号三百万亿，利刃精通 LV 二十九星号三百万亿，等级提升为 LV 幺零幺十万金三十万金。 速度强化 LV 三九星号三百万亿，等级提升为 LV 幺幺二二十万3三百万斤，力量强化 LV 三九星号三百万亿，体质强化 LV 三九星号三百万亿。等级的提升算是极为不错了，至少多了一个利刃精通。而这个利刃精通灵岩也是看出来了一些门道，这东西加持在任何物品之上都能大幅度提升其锋利程度，而锋利程度提升也就意味着攻击力的上涨，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被动，至少对灵岩的整体实力还是有不少的提升的。至于水之精通的话， 早就被灵岩升级到了 L V 幺零幺之上，当然了，三大基础属性灵岩也是有了不少的提升。之前虽然也升级了，但是却只是刚刚达到了 L V 幺幺零，没有达到幺幺二，也算是小有提升。只是看着已经被自己打得连大盾都穿了的秘境空间，灵岩却是眉头一皱：这终极 boss 怎么没踪影？难不成这个秘境并不是尊皇级的？灵岩疑惑了。毕竟这个秘境进来的时候可是没有等级播报，进来之后能遇到多么强大的秘境，还是只能靠运气。可是这个大小若是不是玄色秘境的话，那还能是什么？嗡、wow.。 然而，就在此时，一阵空间波动却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下一瞬间，林岩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林岩却是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虚无空间之中。而就在他的不远处，一头被无尽能量锁链锁在虚空之中的庞大巨大肉球，安静的悬浮在虚空之中。而它的周围还有无数条密密麻麻的触手，在肉球的表面还有无数巨大的脓包，如同火山一般在疯狂的喷发。它的体型之庞大，比外面的那个秘境空间都要庞大不少，怪不得被锁在这里。 感情是因为外面的秘境空间根本就放不下他，似乎是感应到了有人存在，对方缓缓地睁开了数万亿只庞大如星球一般的眼睛，密密麻麻的眼睛看得林岩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人族没想到本尊落魄到这个程度了，连人族都能来踩上两脚了。而看到林岩之后，对方明显是感受到了莫大的讽刺，一时间差点失控的他愤怒地朝着林岩嘶吼了起来。呃，人族地位这么低的吗？还是说在其他的位面之中，人族的确是很弱？林岩看到眼前的这一幕，顿时就有些无语。 这已经不止一次他被人小看了。想到这里，林岩直接打开了眼前这一头巨兽的所有属性。野怪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尊皇级，封印状态，等级 L V 二五零，天赋被动，邪魔之力 L V 幺二零，水之力 L V 幺二零，火焰之力 L V 幺二零，大地之力 L V 幺二零，生命之力 L V 一百，力量强化 L V 幺三零，速度强化 L V 幺三零，体质强化 L V 幺三零，血量一亿金一亿金。 魔力十万斤十万斤攻击力二百万亿，速度两万亿，防御力两千万亿，技能熔岩巨魔降生 L V 五，红色，可无时无刻的生产熔岩巨魔。熔岩巨魔等级最低为头领级，最强大为圣王级。邪神之光 L V 五，暗红色，邪神之眼之中瞬间爆发无数道邪神之光，被击中主人将将会被邪魔之力所侵蚀。克苏鲁之神 L V 一，玄色，技能启动伟大的克苏鲁之神将会以全盛形态降临，代价是邪神将会陷入沉睡亿万年。 这属性不可谓不恐怖，只是令林岩最为在意的，却还是最后的一个描述：全胜形态降临。等等，这东西难道不是全胜形态不成？看到这里，林岩也是发现了对方名字后面的“封印”两个字。这一刻，他终于懂了，眼前的这东西全是被封印的状态。可是，要是对方被复苏的话，等级会达到什么程度？难道超越尊皇级？不对，之前天启意志已经说过了，第一轮的考核之中不会出现玄色以上的副本秘境，也就意味着不会出现尊皇级以上的 BOSS。有意思。 不过，不管这东西能不能变强，只要是没有超过尊皇级，那就对我没有威胁。林岩想到这里，也是嘴角微微上扬。红衣。然而，就在此时，一股无上的恐怖气息突然就从眼前的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的身上爆发而出。请报：尊皇级 BOSS 威压笼罩全场，您被威压笼罩，全属性下降百分之五十，且无法脱离秘境。而就在此时，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林岩顿时就感觉到一阵虚弱。不过好在林岩的实力足够强大，虽然没有全套的玄色装备抵挡威压。 但是却也有半部玄色装备，所以才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不然的话，正常情况下，即使是全套的暗红色装备，估计也得被压制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全属性。这威压的力量，说强吧，还有点牵强；说不强的话，似乎也还行。感受着周身的威压，林岩活动了一下手脚。而下一刻，林岩的周身瞬间涌动起无尽元素之力，这些元素之力开始疯狂的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很快，一个庞大的元素领域形成，依旧是四百多种元素形成的强大领域。 仅仅只是成型的瞬间所爆发出来的威势，就直接将那邪神所释放的尊皇威压直接轰成了虚无。而感受到了灵岩领域的强大之后，原本对灵岩极为不屑的邪神也是终于凝重了下来。这人族天赋还算不错。此刻，邪神心中对灵岩终于是有了一些重视。邪神，你是从什么位面来的？若是我没猜错的话，应该不是我所在的世界吧？灵岩看着眼前的邪神，缓缓的开口问道。说完，灵岩也是将自己这个宇宙的大致情况以讯息的方式传给了眼前的邪神。灵岩其实是想要知道一些这个宇宙之外的事情的。 虽然连这个宇宙的情况他了解的也不多，但是能和一尊所谓的邪神对话的机会可是不少啊。作为邪神，知道的东西肯定不少。然而感受着灵岩传输过来的知识，邪神却是沉默了一下。这，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弱的宇宙？长见识了。邪神悠悠的开口了，只是他的话一出，灵岩都是忍不住嘴角有些抽搐。这邪神说话也太直了吧？那想必邪神大人您出自的宇宙应该很强大吧？要不和我讲讲？灵岩笑着恭维了一下。而听到灵岩的话之后，邪神那无数双眼眸也是浮现出一丝丝追忆。 仿佛在追忆自己被封印之前的辉煌岁月。小子，你虽然天赋不错，可是终究等级还是太低。知道太多，本邪神怕打击到你。看着眼前的灵岩，邪神平静的开口了。被封印了无数年的他，倒是不介意找人聊聊天。虽然在他说话的时候，天启意志意志在影响他的思想，但是作为曾经的神，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受到天启意志的限制？那我倒是更想要听听看了。作为回报，我到时候送你一个大礼，如何？灵岩一听，却是嘴角微微上扬。他的话一出，邪神愣了一下。大礼？ 这区区 LV 二百级的小子能送什么东西？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一些事情。听到林岩的话，邪神却平静的开口了：“你口中所谓的宇宙，不过只是诸天万界之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宇宙罢了，连本源之力都只有区区一套。对了，提一句，本源之力就是你们口中的至强者所需要的本源之力，一套本源之力理论上可以诞生三千种法则，而三千种法则每一种领悟透彻之后，都能成为对应的至强者。当然了，一般宇宙之中最多也就能出现两千多种至强者。” 因为那顶尖的几种元素，想要将之本源融合，几乎是不可能。而最为神秘的时间法则，更是连领悟都没有人领悟过，更不用说是将时间本源融合了。不过两千多种不同的至强者，不代表只有两千多个至强者。宇宙越发强大的话，宇宙本源就越多。一般的宇宙，少则三五套本源之力，多则七八套、十套，甚至有一些强大宇宙有数百上千套本源之力。现在知道为何本邪神为什么说你们宇宙弱小了吧？本邪神曾经作为克苏鲁众神之一，攻略过不少的宇宙，可是还没见过你们这么弱小的宇宙。邪神那宏大的声音传来。 而听到这里，林岩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的强者是真的啦。不过邪神最后的话却是让林岩眉头微微一皱，对方居然是攻略过其他宇宙的存在，果然不愧是被称之为神的存在。难道说这尊皇级 BOSS 之上就是神的领域吗？好了，小子，这些就是我能告诉你的。再多说，天启一直就该不高兴了。你口中所谓的大理是什么？邪神此时也是闭嘴了。他能对林岩说这么多，主要还是因为林岩刚刚使用出来的领域等级，居然已经达到了玄色极限，甚至已经超越了玄色技能的地步。仅仅 LV 二百级就有这种成绩。 日后或许也能成为一尊至强者，甚至他感受到林岩身上的元素之力足足数百种，若是林岩能将其中的十种均是融合宇宙本源的话，林岩就能成为一尊不朽之神。届时，万一这小子去到其他宇宙闯荡，遇到自己本体被封印的地方，若是还念在自己的这两句讲解之恩的话，有可能救了自己。当然了，这种可能性比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刚刚出门就被宇宙飞船撞死的可能性要低太多太多了。那就多谢了，我的谢礼其实也很简单，我看你似乎已经被封印了，反正都出不来，那我就杀了你，让你的灵魂解封。 或许这样也算是变相的给你解封了吧。灵岩人畜无害的笑了。只是听着灵岩的话，邪神都是有些错愕。好家伙，你这小子比他这个邪神还要邪门。不错的计划，不过要杀本邪神，那本邪神就看看你一个区区人族的小子到底有何等实力。邪神平静的开口了。然而说完之后，他的身上瞬间爆发而出一股股恐怖的威势。轰隆隆隆！刹那间，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从邪神那庞大的身上爆发而出，无尽的火焰之力、大地之力涌入到了他的所有眼眸之中。 这一刻，他的眼眸均是绽放出赤红的光芒。轰轰轰轰！下一刻，无数激光爆射而出，数万亿道激光以无法捕捉的速度，瞬间就撞在了林年的领域之上。那强大无比的领域，在这恐怖的邪神之光之下，居然瞬间被穿透出一个个巨大的坑洞。只不过，这些激光在接触到领域的瞬间，还是因为领域的诅咒效果威力大减，最终只是穿透进来了数万米就消散了。不过，随着激光全部消散，灵年的领域也是已经千疮百孔。嗡嗡嗡嗡！嗯嗯嗯、然而，就在此时，第二轮的激光再次爆发。 噗噗噗噗！第二轮的激光降临，再次将灵岩的领域瞬间贯穿了无数的坑洞，而且还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之上。我现在的是实力将领域之力压制到极限，才能挡住对方的邪神之光。可是压缩到极致的话，领域的直径只有十万米左右。这要是再来几次的话，我的领域就要被彻底的贯穿了。感受到对方的攻击，灵岩也是忍不住感慨：宇宙之中的顶尖天才，能将眼前这东西给秒了，他还以为对方的实力比之那些尊王级的 BOSS 强大不了多少。然而真的遇上之后才知道，这东西的实力那可不是仅仅只是比尊王级强大一点啊！ 当然了，这主要还是林岩的等级太低。若是能将等级提升到 L V 二四九级的话，秒杀眼前这个尊皇级绝对算不上什么难事。不过玄色以上的 boss 已经遇不到了，我要是升级了，就无法检测到我现在真正的实力了。林岩想到这里之后，也是没有选择直接解锁等级封锁。轰！刹那间，林岩周围的元素之力开始疯狂的暴动，数百种元素瞬间化作一尊庞大的灭世法相，而灭世法相手中也是出现一柄巨大的冰火魔尊邪灵剑。来好好战斗一次吧！ 林岩看着邪神，嘴角微微上扬。下一刻，携带着庞大法相的他，直接化作一道恐怖的流光，就朝着远方的邪神瞬间冲了过去。速度之快，仅仅片刻就来到了邪神那庞大无比的身躯之前。刹那间，林岩手中的长剑疯狂的朝着下方的邪神狂暴的斩落而下。这一刻，数万道元素毁灭斩爆发而出，这每一剑都能斩杀足足数百个尊王级 BOSS 的恐怖剑气，直接就宣泄在了邪神的身躯之上。而邪神则是直接调动起来他的那无数条巨大的触手，开始疯狂的对着林岩对轰了起来。轰轰轰轰！ 这一瞬间，一声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传遍了整个天地。邪神触手和剑气对撞的瞬间，所爆发出来的恐怖威势，朝着四面八方扫荡开来。而那强大的气息，每一道若是放在太阳系的话，都能将整个太阳系直接毁灭。即使是一些寻常的九阶强者来了，面对这些强大的攻击，也绝对只有死路一条。随着对轰邪神的血量开始疯狂的被砍掉，每一件那都能爆发足足数斤的恐怖伤害。只不过对于血量极为恐怖的邪神而言，数金的血量不过只是毛毛雨而已，甚至也就比邪神的自己回血速度要快一点点而已。 按照这种打下去的话，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无法将邪神击杀的。人族小子，你的实力就这？看着林岩的攻击，邪神却也是嗤笑一声，平静的开口了。林岩虽然有点东西，但是不多。他总感觉林岩的实力很强，绝对不可能只有眼前的样子。但是若是真的只有怎么一点东西的话，他就准备将林岩灭了。而听到对方的嘲讽，林岩却也是微微一笑，随后停止了狂轰乱炸。果然，不用一点技巧，要杀你还真的不简单。林岩也是缓缓的开口了：“小子，既然你结束了。” 那就尝尝看本邪神的手段。看到林岩听了下来，邪神也是笑了。好，下一刻，一声从无尽虚空之中传来的怒吼传遍这个天地。下一瞬间，邪神那庞大的身躯之上的无数脓包突然喷发出无穷无尽的岩浆一般的东西，而这些岩浆一般的东西却是在冲上虚空的瞬间，直接化作了无数头庞大的熔岩巨魔。这些巨魔的等级最低都是头领级，数量之多，仅仅瞬间就达到了数千万亿，而且数量还在疯狂的暴涨，最终居然超越了之前秘境之中林岩见到的那一晶的野怪数量。 其中的 boss 数量比例更高，而最高等级的 boss 更是达到了圣王级。虽然没有尊王级的，但是数量却是比秘境之中的多了足足十多倍。看着这庞大数量的野怪，灵岩顿时就笑了，这简直就是来给他送经验值的呀！这些熔岩巨魔是一头头巨大的牛头恶魔，在出现的瞬间就朝着灵岩疯狂的冲了上来。只是灵岩好奇，如此弱小的东西，邪神召唤出来是拿来做什么？只是单纯的给自己送经验值不成？毕竟只是一个红色的技能，等级比刚刚的邪神之光都要弱不少。轰！ 突然，就在这些野怪冲到灵岩不远处的时候，突然一尊帝王级别的恶魔突然爆开，恐怖的冲击波直接就将灵岩淹没。灵岩大手一挥，直接就将这爆炸的火焰吹散。只是他明显感受到，这帝王级自爆的威力居然堪比圣王级的一击。轰轰轰轰！而接下来，所有的野怪都是冲到了灵岩的面前之后，直接自爆。只可惜，面对实力强大的灵岩，这些自爆的恶魔的确是除了送经验和被动之外，就没有丝毫用处了。邪神，这就是你所谓的手段？灵岩有些无语的说道。 这种手段用来实行种族灭绝或者攻略一个世界的话，绝对是极为强大的技能。毕竟数量实在是太恐怖了。此时，那些头领级怪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十五斤，而且还在快速提升。只是听到林岩的小看之语，邪神却是没有说话，那些眼睛之中透露出玩味的神色。看着这一幕，林岩也知道这些自爆的熔岩巨魔似乎主要目的不是自爆。然而，随着爆炸，林岩也是渐渐发现周围所汇聚的火焰之力没有消散，反而开始疯狂的汇聚。而随着汇聚的火焰之力越发的磅礴。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却也是越发的狂暴和汹涌，最终一尊庞大的火焰肉球虚影渐渐形成。而这一尊火焰肉球出现的瞬间，周围的空间仿佛都开始融化了一般。这肉球之上同样有无数的触手，同时通体的火焰岩浆和眼前的邪神极为相似，只是唯一的区别就是这虚影之上的气息感觉之上更加的强大，而且强大的不是一星半点。等等，这狗东西搞事情，这是玄色技能！林岩此时也是知道了，原来那召唤熔岩巨魔的技能不过只是为了最终的玄色技能克苏鲁邪神降临做准备。 而这所谓的邪神降临，估计就是将自己全盛时期的虚影召唤出来。毕竟，若是真的能解封的话，这邪神早就跑路了，怎么可能还会在意所谓的虚弱？而对于对方这一上来就放大招的无耻举动，灵岩也是没时间吐槽了。丁，终极 BOSS 使用血脉本源技能，克苏鲁邪神降临，整个空间即将崩塌，请宿主尽快躲避。此时，一个急促的提示音传来。可是，灵岩又能去哪里躲避？这虚影的大小可是比邪神本体都要强大不知道多少倍，已经将整个空间都占据了。 好，oh, 终于一声令灵岩的灵魂都是开始震颤的恐怖怒吼声，也是从邪神虚影之中爆发而出。不愧是玄色技能，这召唤出来的东西看着就强大。灵岩眼眸微微一闪，唰！突然，一条庞大无比的触手直接朝着灵岩狠狠地砸落了下来。那恐怖的力量所到之处，周围的空间就因为承受不住那么强大的力量，直接开始层层裂开。而灵岩也是没有废话，直接操控灭世法箱，一剑朝着天际斩落而去。砰！瞬息间，两道攻击对撞在了一起。然而。 那加持了灭世法相的一剑，却是在这一道攻击之下，如同铁棍砸在泡泡之上，瞬间就将巨剑直接砸得爆开。而下一瞬间，同时爆开的还有元素法相的身体以及灵岩的身体。仅仅一击，灵岩就死了。这实力之恐怖，绝对已经超过了寻常尊皇级的标准。看来是我多想了，这人族并没有多少实力。而看着灵岩消失的位置，邪神却也是悠悠一叹。他只是想要用自己全身时期的一道虚影来试试看灵岩的实力。然而，可惜的是，灵岩并没有他感知到的那么强大。亏他还和灵岩说了这么多。 这天赋，即使是拥有再多的元素，也照样不可能成为至强者，更不用说是更加强大的不朽之神了。一、哦、嗡，然而就在此时，不远处的虚空之中却是传来一阵波动，感应到的邪神那数万亿只庞大的眼睛诧异的看了过去，却见下一刻林岩的身形居然再次诡异的出现了。这一眼，即使是邪神都愣住了，林岩居然没死，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刚刚绝对不是什么傀儡亦或者投影之类的被杀，绝对是你的本尊！邪神惊奇的对着林岩问道：“这就是你说的小手段？” 连最终技能都使用出来了吧？然而林岩却是对这个上来就放大招的人有些无语。这可不是我的最终手段，当我的最终手段使用的时候，你就算是有再多的复活手段，也将必死。可惜听到林岩的话之后，邪神却是不屑的笑了。他还没有林岩想的那么弱小，这不过只是开胃菜而已。哦，那我倒要尝尝看了。不过现在就来接我一件试试。林岩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不过下一刻却是嘴角诡异一笑。轰！突然他的身上爆发而出一股比之前强大了十多倍的恐怖气息。 这恐怖的气息出现的瞬间，他的周身也是瞬间凝聚出来一尊比之前庞大了不少的灭世法相。此时灭世法相的大小已经达到了三百万公里的高度，虽然对比邪神本体都小了不少，比起克苏鲁邪神虚影更是如同蝼蚁，但是这突然暴涨了十多倍的实力，却是让邪神微微一愣。灵岩的身上并有使用任何时提升实力类的技能啊，怎么会突然只见就提升了这么多的实力？不过现在似乎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因为实力暴涨了实力之后的灵岩，直接以灭世法相的身躯直接朝着那一尊庞大的虚影冲了过去。邪神虚影瞬间警惕地看着灵岩。 唰！然而下一瞬间，足足十种元素之力爆发，林岩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来到了邪神虚影其中一只巨大的眼睛面前。轰！随着大剑斩落而下，这一枚眼睛直接爆开。好，不过虚影倒是没有说话，但是邪神本尊却是突然惨叫一声。原来这虚影是虚影，但是却是和邪神本尊共享伤害。看到这里，林岩可是就不留手了，因为断尾求生的效果，他的实力暴涨十多倍。 无数道更加恐怖的剑气就朝着邪神虚影的那些巨大眼眸疯狂的斩落而去，轰轰轰轰！刹那间，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传来。邪神虚影虽然强大，但是终究无法超越尊皇级的界限，所以其实力也就相当于比邪神本尊强大了五六倍。而这个实力已经相当于尊皇级极限的实力了，再强大就超越尊皇级了。因此，面对实力暴涨了十多倍的灵岩，一时之间也是被打得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反应过来之后，那巨大的触手也是开始疯狂的朝着灵岩轰,轰了过去。虽然被打伤了一些。 但是好在却是将灵岩压制了下来，这恐怖的实力让灵岩也是咂舌。可恶的人类小子，居然敢伤了伟大的克苏鲁邪神，你找死！而下方邪神此刻却是暴怒了，此时他本尊的眼睛已经被打瞎了数一颗，虽然不是什么重伤，但绝对是对他的侮辱。愤怒之下的他，全身直接绽放出深邃的黑光，黑光瞬间穿透空间，直接笼罩了邪神虚影。好，oh,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邪神虚影爆发出一声疯狂的怒吼，下一刻他那庞大的身躯开始瞬间膨胀。 体积本来就大的他，直接就将整个虚无空间都笼罩了，而那庞大的身躯，就连灵岩都被挤得贴在了空间壁垒的角落，无法动弹。卧槽，你想要挤死我不成？灵岩直接无语了。嗡、哦，然而下一刻，巨大的虚影却是瞬间开始疯狂的收缩，收缩速度之快，每一瞬间都会缩小数千倍。仅仅一转眼，邪神虚影那庞大的身躯就彻底收缩成为了地球大小的火球。轰隆隆隆，而下一刻，火球轰然爆炸开来，那无穷无尽的力量直接朝着四面八方宣泄开来。 首当其冲的是被封印的邪神本尊，仅仅瞬间就被淹没了。而且灵岩清楚的看到，对方在被淹没的瞬间，那封印他的铁链爆发出恐怖的力量，将之守护在了其中。好家伙，这狗东西居然还能合理的运用自己的封印！灵岩懵了，这封印之强大，即使是这恐怖的爆炸都无法摧毁。不过看着朝着自己碾压过来的能量潮汐，他却是没有时间多想，以命换命！灵岩没有废话，直接开启已经被他强化到了暗红色的强化类技能。刹那间，灵岩的血量直接清空，只剩下了最后的一点。 只不过，同时带来的却是灵岩的实力直接暴涨数十倍之多。同时，灵岩也是启动了装备的套装技能，瞬间，灵岩的灵魂点属性直接暴涨了五百亿之多，达到了恐怖的七百亿。再加上断尾求生的十多倍加持，灵岩的属性几乎暴涨到了万亿的标准。而在这恐怖的实力加持之下，元素法箱的体型和强大疯狂暴涨，巨大元素法箱直接一剑就朝着轰炸过来的能量冲击斩了过去。这一剑威力之恐怖，足以将之前被封印的邪神斩成残屑。可是，在面对这超越尊皇境强者的一击之下， 毁天灭地的一剑，居然直接就被吞没了，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波动，冲击直接撞在了灭世法箱之上，灭世法箱直接崩溃，将灵岩本尊露了出来。而下一刻被淹没的，则是直接打开了元素护天盾的灵岩。可惜，即使是拥有元素护天盾，在被爆炸的能量淹没的瞬间，护盾就因为能量充满，直接炸开了，而能量也是直接吞噬了灵岩。那恐怖的力量，即使是灵岩将自己隐藏在了无尽虚空之中，也毫无用处。那能量一瞬间，直接就将灵岩化作了虚无。不过，仅仅下一瞬间，灵岩就再次被断尾求生复活。 不过，因为周围的力量极为强大，复活的瞬间，灵岩再次被诛杀，爆炸疯狂的持续，而灵压也是在死亡和复活之中飞速的切换。完了，特么又来了！这是什么情况？这邪神特么脑子有病吧？一上来就自爆！这一刻，灵岩都是有些无语的，因为天启一直说过，邪神的实力无法超越尊皇，但是这一道爆炸绝对超过了尊皇级的界限。因为随着爆炸的扩散，周围的空间壁垒已经彻底的崩裂。轰隆隆隆！最终，在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之中，空间壁垒彻底爆开。 刹那间，周围的一切物质都是被虚空所吞噬，而虚空在吞噬到林岩的瞬间，却是感知到了林岩身上的空间之力，最终直接绕过了林岩，亦或者说是和林岩融为了一体。感受着周围真正的虚空，林岩也是眉头一皱。若不是自己拥有这么多种空间之力的话，这一次绝对是真的死了。因为他感知到，即使自己的实力再强百倍、万倍，也无法抵挡周围虚空的侵蚀。这邪神之前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下杀手？难不成是因为天启意志的影响？林岩开始疑惑了。丁，任何野怪。 boss 都是作为考核玩家的存在，因此一旦发现 boss 和野怪对玩家产生交易或者交集天启意志，就会接管其意识，以防止不公平的情况发生。不过这邪神并非被天启意志接管，而是因为您打伤了他，所以理智失衡。另外，这爆炸为尊皇极限 boss 的自爆，虽然威力已经超越了尊皇级的标准，但是的确是尊皇级 boss 能造成的伤害，所以不算是违规。面对林岩的疑惑，这天启意志却也是对林岩进行了讲解，只是这讲解的内容却是让林岩有些无语。好家伙，感情这东西情绪这么不稳定。 不就是打瞎了他几只眼睛吗？相当于把一个普通人用针扎了一下。这邪神就是邪神，精神病一个。林岩有些无语，想到。至于这爆炸的威力，林岩也是无奈。自爆的确是威力更加强大数倍，超越尊皇级 BOSS 的水准，的确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从这里，林岩也是发现了，自己现如今想要越级 LV 四零级和超越尊皇级的 BOSS 战斗，几乎是痴心妄想。这个自爆最多相当于超越尊皇级 BOSS 的随手一击，但是对林岩而言，却已经是承受极限了。不过，若是将等级提升到同等的位置， 灵岩倒是有自信和对方战斗一波，能不能杀死对方且不说，但是至少不会像是现在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当然了，距离杀死灵岩还有一段距离。想到这里，他直接从背包之中拿出东西，开始疯狂的吞噬。因为他的死亡速度虽然非常的恐怖，但是还是有一些间隙的。而这么一点间隙，足够现如今吞噬之力等级达到了一百多级的灵岩将损失的血肉彻底恢复了。而这爆炸最终持续了数分钟，而每一秒灵岩都会死亡数万次，相当于死了足足千万次之后，周围的爆炸才降低到了灵岩能承受的范围。 灵岩也是没有废话，直接施展元素护天盾。刹那间，周围弥漫的恐怖力量全部都被灵岩的元素护天盾彻底吸收。看着即将要爆开的元素护天盾，灵岩倒是没有将之散去，让其继续在身体周围覆盖。丁，恭喜玩家成功击杀 L V 二四零尊黄级 Boss 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您获得经验值十万亿金，您获得星元十万亿。一声提示音随之传来，而这足足十万亿斤的经验值，而且还是 L V 二四零级的。灵岩估算了一下，至少能让自己的等级提升到 L V 三四零了。没错，就是 L V 三四零。 这就是尊皇级 BOSS 的恐怖之处，能越级一百级提升等级。当然了，经验值对于现在的灵岩而言没有丝毫的用处，但是玄色级别的武器，还有属性果实等一些东西，却是能让灵岩的实力暴涨。现如今，灵岩已经能碾压同等级的玄色 BOSS 了。而面对之前邪神召唤出来的尊皇级极限虚影的话，却是需要使用断尾求生和以命换命才能将之抹杀。至于超越尊皇级的 BOSS，灵岩却是眉头一皱。尊皇级 BOSS 的被动等级和尊王级差距了足足三十个等级。 那是不是说尊皇级和超越尊皇级至少也是差距了 LV 三十个等级的被动，LV 三十个等级相当于八倍实力差距，而属性至少也有几十倍的差距，算下来尊皇级和超越尊皇级的 boss 最少都有百倍的实力差距，这种差距除非是灵岩将等级还有被动以及装备全部都提升上来才能抹平，到时候面对超越尊皇级的超级 boss 灵岩，估计才有一点把握将之击杀。当然了，这些都是灵岩的猜测，尊皇级之上是什么等级？ 他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尊皇级和尊皇级之上的等级差距非常的恐怖，有可能比圣王级和帝王级的差距还要恐怖。或许有可能，即使是全部都提升之后的灵岩，估计也不是超越尊皇级 BOSS 的对手。但是灵岩不急，他有的是时间，只要让他多击杀一些玄色 BOSS，那他的被动等级就能疯狂提升。只需要不久的时间，灵岩就能让自己的实力有质的飞跃。丁，恭喜玩家，气运轮盘发动，被动复制概率提升为十亿倍。恭喜您成功复制被动，邪魔之力 LV 幺二零，水之力 LV 幺二零。 火焰之力 LV 幺二零，大地之力 LV 幺二零，生命之力 LV 一百，力量强化 LV 幺三零，速度强化 LV 幺三零，体质强化 LV 幺三零。一连串的被动提示音传来，而这一刻，林岩的三大基础属性，还有足足五种元素被动的等级，都是有了巨大的提升。这就是尊皇级 Boss，除了生命之力之外的其他四种被动都提升到了一百二十级。要知道，在此之前，林岩的火焰之力虽然强大，但是却也不过只是刚刚提升到了 LV 幺幺零以上一点。 现在直接就提升了十个等级，三大基础属性更是恐怖，升级了十多个等级，相当于三大基础属性都翻了一点五倍以上。还没有提升属性，仅仅只是这些被动就已经让林岩的实力提升了不少。气运轮盘转,盘转动，爆率提升一万亿倍，获得装备 L V 二四零克苏鲁邪神套装，弱化玄色技能，熔岩巨魔降生 L V 五红色，邪神之光 L V 五暗红色，克苏鲁之神 L V 一玄色，L V 二四零玄色装备升级卷轴星号五，背包扩容一万亿格。 玄色精粹星号一亿，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残魂星号一，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转职卷轴星号一，R 二级全属性果实 LV 二四零，玄色星号十，复活卡玄色星号十，技能经验卡玄色星号十，技能等级升级卷玄色星号一，秘境终极隐藏物品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之神元三彩。随后一连串的物品也是出现在了林燕的眼前，而林燕的目光自然是一眼就看到了最后的终极隐藏物品邪神。 伊克纳格尼斯之之神元，神级能量类物品，为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神力的凝结体，在被无上强者封印的时候抽离出体内的强大物品，使用之后可拥有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之神力。具体使用方法将由您自行探索。不过注意，使用之后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可名状、不可预知的危险。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而林岩听到之后陷入了沉思。说起来，这克苏鲁邪神并没有刚刚见到的那么简单。真的邪神所使用的攻击攻击方法几乎都是类似于规则类的。 可是这一头邪神居然只会这么简单且无脑的攻击方式，难道是因为这神力被抽离的原因？而且最为恐怖的是，这一次的暴率居然提升了足足万亿倍。要知道上一次灵岩爆出来诡异之源的时候，也不过只是十亿倍的暴率就够了。也就是说，这所谓的神力远比所谓的诡异之源要恐怖太多了。而看着自己背包之中的那一团熔岩一般的光球，灵岩没有选择使用这种使用之后可能带来未知危险的东西，自己用了，万一真的出现危险，岂不是血亏？虽然可惜了灵岩的第一个神级物品。当然了，此时灵岩也知道了。 玄色以上就是神级，对应的颜色等级为三彩。不过既然有了三彩，是不是就会有七彩之类的？也就是神级之上还有不止一个等级。不过想想也是，若是神级就是最顶端的话，那未免也有点太扫兴了。岂不是说林岩现在已经达到了顶端？可是事实上，此时林岩的实力虽然强大，但是即使比起这个宇宙的顶尖天才，还是有些弱的。那些顶尖天才已经能做到直接秒杀尊皇级 BOSS 的了，估计也有了和神级 BOSS 对战的能力。还是先提升实力吧，我的实力还是不够。另外，等级也可以提升了。 天启，解锁我的经验值，将等级提升到 L V 二四九级再锁定。而此时也是眼眸一闪，既然要提升，就一次提升到五阶的巅峰。丁，接受指令，开始升级您的等级。听到林岩的话，天启意志也是没有废话，轰！刹那间，一股股恐怖的能量就涌入到了林岩的全身四肢百骸之中，同时，林岩的等级也是开始快速提升。仅仅片刻，林岩的等级就达到了 L V 二四零。当然了，林岩的全属性却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虽然不算属性果实和装备的加持，灵岩的全属性已经暴涨了十五倍之多，但是因为现如今灵岩的装备和属性果实等级都太高的原因，导致灵岩自身的属性反而很弱。不过这倒是没关系，因为马上灵岩的全属性就能暴涨上来了。灵岩直接打开了刚刚爆出来的装备属性，装备克苏鲁邪神套装，弱化等级 L V 二四零，品质玄色，属性全属性五千亿，特性火系、水系、邪魔系、生命系、大地系。 伤害加成百分之五千，被动等级 LV 十五，回魔回血五万 ES，破甲破魔效果百分之三千，附加效果邪神之凝视，使用之后，方圆十亿公里之内所有人无法脱离战斗状态，并且尊皇级以下天才 Boss 全属性负百分之九十，尊皇级负百分之四十。技能邪神领域 LV 一，吸收时间万物心中之邪恶，从而凝聚邪神之领域。领域之内，邪魔之力等级提升 LV 十五，并且可具现化一些邪物，邪物实力最高可达到寻常尊皇级 Boss 的水准，以吸收的邪恶之力为标准，吸收进度。 百分之零，这邪神的套装属性不可谓不强大。不仅全属性有大量的提升，就连五种元素之力的等级都能提升足足十五个等级。热情就连最终的装备技能也是让林岩瞳孔一缩，这特么有点超纲了、啊。不仅能提升邪魔之力的元素等级，足足 L V 十五，也就是说，加上装备的加持，直接就能让林岩的邪魔之力等级暴涨到恐怖的 L V 幺五零。这么高的等级，相当于让林岩原本 L V 幺二零级元素等级的实力提升足足三十个等级，而三十个等级相当于将全属性涨了足足八倍。 只不过属性却是比林岩想象的还要恐怖。不过想想也是，林岩之前的装备虽然是准玄色套装，但是现在不仅等级达到了真正的玄色，而且就连等级也是从 L V 二百提升到了 L V 二四零级，全属性加持从一百五十亿提升了足足三十多倍，达到了现在的五千亿，也算是正常的。若是再加上全属性玄色果实的加持，林岩的全属性估计能达到八千亿了吧？这提升是极为恐怖的，相当于将全属性提升到了原本 L V 二百级时候的足足四十倍，四十倍的属性加成，再加上八倍的被动强化。 相当于三百二十倍的实力加成，如此恐怖的实力加成，林岩估计对上神级 BOSS 怕是差不多够了。不过，这么强大的加成也有坏处，那就是林岩的其他被动等级在超越 LV 幺五零级之前，林岩的实力都不会有什么提升了。但是那又如何？即使是超越 LV 幺五零级，林岩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想到这里，林岩直接就换上了那一套如同熔岩锻造而成，还涌动着大量岩浆一般武助的装备，并且将属性果实全部使用。丁，恭喜玩家成功使用 LV 二四零全属性果实星,星号石。 全属性一千五百亿，一声提示音随之传来。此刻林岩的全属性达到了六千八百亿之多。当然了，林岩估算了一下，若是将 L V 一百到 L V 二三零的玄色果实全部吞噬的话，估计全属性能达到八千五百亿左右。也就是说，若是林岩还能再升级一个等级的话，并且换上了 L V 二五零的玄色套装和全属性果实的话，有可能将全属性推送到一万亿。仅仅一个等级的差距就是一千五百亿。果然，每个阶段的最后一个等级对实力的提升都是极为庞大的。至于爆出来的几个技能，虽然林岩都能用。 毕竟此时的灵岩有邪神之力，只是看着这几个技能，灵岩却是有些犹豫。这技能实在是太坑了，不是在自己的身上生娃，就是召唤出自己的意志投影。那邪神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他原本的实力非常强大，所有召唤出来自己的意志自然强大。可是现在的灵岩不一样啊，他自己就是最为强大的状态，即使是召唤也无法召唤出来强大的自己。当然，使用这个技能也有可能召唤出来邪神的意志。邪神这东西实力不俗啊，若是自己召唤出来，对方全盛形态的对方叛变了，那就麻烦了。 毕竟，谁说了这意志就必须听自己的？在第一轮的考核之中，有天启意志压制着召唤出来的意志实力，自己才能打得过邪神召唤出来的意志虚影。可是自己是玩家就不一样了，天启意志不压制的话，自己召唤出来的存在，其实力怕是绝对达到了神级。不过林岩还是选择了学习，万一用到也说不一定。至于邪神之光，林岩倒是学习了，这技能就是一个瞳术。虽然林岩只有两只眼睛，但是完全不会削弱他的威力。学习之后，林岩就将目光看向了转职卷轴和技能升级卡。 这两个东西绝对是所有东西之中最为重要的。转职卷轴，林岩看了一下，使用之后就能转职成为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只是到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肉球。想到那东西的丑恶，林岩直接摇头。这东西最好还是别用，它又不是抱不到更加强大的东西。不过自己也可以将这东西拿出去出售，当然了，前提是得等自己接入到了宇宙国之中才行。不然，即使是顶级星域文明，面对这种强大的东西也没有实力和资格购买。天启，将我的亡灵之海等级提升为玄色。林岩没有犹豫。 直接就对着天启意志开口了。他的很多技能都需要升级，但是最需要的还是亡灵之海。丁，接受指令，亡灵之海升级成功。亡灵之海 L V 十，暗红色技能，可最高将尊皇级 BOSS 残魂冲入到地狱之门之中，将之转化成为亡灵。帝王级以下所有野怪转化成亡灵之后，可提升实力百分之一百六十。以目前亡灵之力的等级，可达到四十六倍实力强化。圣王级 BOSS 可提升实力百分之八十，结合亡灵之力可达到二十三倍。尊王级 BOSS 可提升实力。 百分之四十，结合亡灵之力可达到十一点五倍。尊皇级 BOSS 可提升实力百分之二十，结合亡灵之力可达到五点八。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林岩没有废话，直接就将那尊皇级 BOSS 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的残魂冲入到了自己的地狱之门之中。嗡 <Wow>！刹那间，一股恐怖的波动直接就从地狱之门之中爆发而出。轰！下一刻，林岩能清楚的感受到，在自己识海之中的地狱之门开始疯狂的暴涨，从原本的上千万公里的高度，直接暴涨到了恐怖的十亿公里的高度。 而其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比之之前强大了何止数倍。嗡、oh.！就在此时，林岩的身形也是随着一阵空间波动被排挤出了这一片封印空间。而林岩离去的时候，整个封印空间之中只有那一条条的锁链而已。之前忘记说了，虽然那邪神合理的运用了封印，将几乎所有的爆炸余波都全部吸收，但是他却是忘记了自己的承受极限以及自爆可以超越尊皇级的界限。因此，即使只是被封印弱化了数倍的力量，也照样将他轰杀成为了虚无。都超越尊皇级的攻击了，还无法将之击杀的话，那玩家谁能杀了他？ 天启意志自然不可能留下这么一个 bug，所以虽然他死了，但是确切的说是自杀的。当然，人头还是算在了林岩的头上。此时，外界的秘境空间因为林岩的原因，只剩下了一个深度达到了恐怖的上百万公里的恐怖深坑。深坑因为太深，所以如同一个深渊一般，一点光芒都无法看到。接下来就是去继续击杀其他的尊皇级 boss，了，也不知道排行榜第一多少了。林岩有些好奇，随后打开了五阶赛区的积分排行榜。五阶排行榜，No 点一卡卡罗姆，积分一千三百一十七分。No 点二。 帕利策尔，积分六百一十四 No. 点三，陨天行，积分六百一十一 No. 点六，6 6, 林岩，积分一百七十五此时林岩的积分已经达到了第六名。随即他看了一眼，已经杀了一个尊皇级 BOSS 的天才数量，居然已经排到了十二名。最强的那个甚至已经杀了足足十三头尊皇级。林岩看了一眼，时间已经一个小时了。若是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这些人怕不是能完成尊皇级 BOSS 的百人斩。这个世界的天才数量比我想的要多得多啊！林岩眼眸微微一闪。 不过随后他也就释怀了。要想击杀尊皇级 BOSS 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找到那么多的尊皇级 BOSS。可是现如今整个宇宙能比自己快的人怕是没几个了吧？当然了，要是之前的话，林岩对于这些所谓的超级天才还有些忌惮。不过在越级四十个等级击杀了一头尊皇级 BOSS 之后，他发现这尊皇级 BOSS 固然强大，但是对林岩却也是无法造成致命的打击。现在实力又提升了百倍的林岩已经彻底的对尊皇级 BOSS 无感了，这东西就是蝼蚁。让我看看那些手下找到了多少的尊皇级 BOSS。 林岩嘴角微微上扬，随后直接沟通了所有的亡灵，二十五头，还算不错。先把这些解决了，然后再去寻找其他 BOSS。林岩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他没有废话，直接双手一拍，轰隆隆隆！随着一阵恐怖的气息从无尽虚空之中爆发而出，林岩的背后直接冲天起一扇通天彻地的地狱之门。好！下一刻，一个巨大的血色肉球直接就从地狱之门之中缓缓的飞了出来。这血色肉球之上，那无数的眼眸绽放出无尽的死亡光芒，无数的触手在周围的星空之中挥舞着。 此时，这一头邪神的实力已经比之前强大了五倍有余，尊皇级的五倍实力已经堪比寻常的尊皇极限了。而且，他还能召唤出实力有可能超越尊皇级别的虚影，这实力之强大难以估量。不过，看着眼前的肉球，林岩却是突然眉头一挑：“等等，差点忘记了，这邪神似乎是没有了邪神神元。我要是将神元重新给他充入的话，他的实力会不会直接暴涨到神级？”突然，林岩想到自己爆出来的终极隐藏物品，那东西。 自己使用的话，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灵岩自然是不能随便使用。万一用了，将自己变成怪物，或者意识被侵占的话，岂不是亏大了？但是这只是亡灵，大不了自己散去他的亡灵之力，让他重新归于残魂。再不济，对方若是真的成为神级并且叛变的话，那对灵岩而言或许也更好，正好灵岩找不到神级 BOSS，这 BOSS 可以让灵岩提升一下实力。想到这里，灵岩直接就从背包之中将那一团神元拿了出来。好、哦，然而当神元出现的瞬间，那一头邪神的亡灵瞬间就疯狂了。 他兴奋地低吼了起来，数万一只眼睛全部都是看向了那一团神元，眼神之中的无尽渴望，即使是灵岩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看着这一幕，灵岩嘴角一抽，好家伙，这还没有开始吃就有点要失控了，这要是吃了，岂不是得疯了？灵岩陷入了纠结，不过随后想到自己大不了可以跑路，他就笑了。没有犹豫，他直接就将手中的神元丢了出去，唰<刷>，这一枚神元划过虚空，仅仅瞬间就跨越了数千万公里的距离，直接打入到了邪神亡灵的身上，轰！ 然而，在神元和邪神接触的瞬间，一道耀眼到极致的光芒刺破天地，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也是在这一瞬间直冲天际。秘境的守护大阵在接触到这一股力量的瞬间就被轰碎成了漫天的能量。这一道光芒冲上天际数光年，随后这一股力量开始朝着四面八方疯狂的扩散。而原本还守护在秘境周围的那些玩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在秘境穹顶爆炸的瞬间被掩埋，彻底的消失于无形。同时，高达数光年的光柱开始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即使是灵岩，也只能施展虚空瞬闪，开始了疯狂的瞬移。这力量之强大，灵岩知道，即使是现在的自己，若是被笼罩的话，也需要进入疯狂死亡和重生的状态之中。很显然，神级 BOSS 的实力并没有灵岩想的那么弱。而灵岩一直倒退，直到倒退到了恐怖的时光年之外。时光年，一百万亿公里之外，这恐怖的威势让灵岩都是心中惊骇万分。这就是神级 BOSS 吗？怎么会这么强？原本以为自己实力强了足足数百倍的灵岩，还以为自己可以和神级 BOSS 对抗了。 可是现在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实力在神级 BOSS 面前似乎还是有些弱。叮，警报，警报！您的亡灵开始自行进化，请注意失控。而此时，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不仅如此，林岩眼前也是浮现出来警报的文字提示，而且还是血红色的文字提示。看着这一幕，林岩顿时知道事情有些不好办了。好、哦，突然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声从那巨大的光柱之中爆发而出，这一声怒吼直接就传遍了方圆数万光年的距离，无数人都是朝着声音的来源看了过来。 瞬间，那一道冲天而起的恐怖光柱都吸引了方圆数万光年之内所有人的注意。那是怎么回事？好庞大的光柱，难不成有什么尊皇级 BOSS 在放大招？我去，尊皇级 BOSS 这么强大的吗？不，尊皇级虽然强大，但是这只是 LV 二四零级的尊皇级，不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威势。这绝对是神级 BOSS。不过，也有可能是什么天才地宝出世了吧？一时间，无数人都是看着那冲天而起的巨大光柱，激烈的讨论着。与此同时，林岩也是发现自己灵魂深处的那气运轮盘也是开始飞速的转动了起来。 很显然，气运轮盘正在抵抵消这王灵想要叛变的意志，而转的圈数很快就达到了十三圈万亿，接下来十四圈，整个气运轮盘开始有些抖动了起来。林岩记得之前的极限是一百万亿倍，而一百万亿倍只需要十四圈，不过这一次气运轮盘在超过了十四圈之后，居然又开始转了起来。很快，第十五圈结束，十六圈开始，只是最后这一圈非常的缓慢，整个气运轮盘抖动的越发的恐怖了。最终，十六圈堪堪转完，可惜。 林岩依旧能感受到不远处的那一道恐怖气息还在暴动，也就是说，自己的气运轮盘依旧没有将对方彻底收复。完了，真的失控了！林岩嘴角一抽。丁，警报！您的气运轮盘已经达到一亿亿倍气运增幅极限，依旧无法阻挡神级 BOSS 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狂化。死亡灵将会进入短暂的狂化阶段，狂化时间为二十小时。二十小时之后，其邪神之力将会进入虚弱期，届时您可以重新收服对方。一个提示音此时也是随之传来。 而听到了这个提示音，林岩顿时眼前一亮，这是什么意思？狂化了，但是没有完全狂化的意思。果然，一亿亿倍的气运加持没有那么弱，可能是因为眼前的这邪神已经是亡灵形态，实力被我提升了五倍的原因吧。现在成为神级 BOSS，加持虽然有所减弱，但是那也是神级 BOSS 的两三倍实力，所以才脱离了我的掌控。不过好在这是暂时的。想到这里，林岩也是忍不住笑了。这邪神亡灵的实力比自己都要来的强大了，自己要想击败对方，除非依靠那气运轮盘打出致命一击，不然的话，杀死对方。 只能使用长时间消耗，而期间林岩估计要死不知道多少次才行。这一轮的考核可是没有给他那么多的时间来消耗，拜拜了您嘞！没有丝毫犹豫，林岩直接启动空间之力，嗡、哦！刹那间，他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随后再一次次的瞬移之中，林岩的身形已经来到了数万光年之外。然而就在林岩离开之后不久，那巨大光柱突然开始疯狂的收缩，最终所有的光芒全部汇聚成为一团直径达到了恐怖的百亿公里的巨大肉球，而肉球之上还有无尽的玄妙符文。 这些玄妙符文绝对是之前的邪神所没有的，因为这是亡灵才特有的符文。好，因为成为了亡灵之体，邪神变得极为暴躁，一声恐怖的怒吼声瞬间传来，同时属于神级 BOSS 的强大威压也是在这一刻朝着四面八方碾压开来，方圆一光年之内的事物这一刻都是被这恐怖的威压彻底的笼罩在了其中。当然了，方圆一光年之内已经因为之前的光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洞，自然是没有任何的事物。邪神亡灵那无数双眼眸朝着周围疯狂的寻找，似乎是想要将灵眼找出来诛杀，可是。 根本就没有灵岩的踪迹。好，瞬间，愤怒的他又是一声怒吼，无尽的邪神之力开始在他的身上涌动而起。咔嚓咔嚓咔嚓！而在邪神之力的笼罩之下，周围的空间居然开始崩裂。随后，一个巨大的虫洞出现在了邪神亡灵的前方，那巨大的身躯直接就冲了进去。叮，警报，警报！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此赛区出现神级 BOSS。此神级 BOSS 拥有脱离秘境副本并且空间跃迁的能力，请诸位玩家见到之后尽快退赛。若是有人能收服，亦或者击杀此 BOSS。 将会获得积分一百亿金。然而就在邪神冲入虫洞之中的瞬间，一声急促的警报声也是在这一刻传遍了整个赛区。所有的玩家在听到了这个提示之后，都是懵了：啥玩意？神级 BOSS 不是说这一轮的考核之中没有吗？卧槽！一百亿金杀一头尊皇级的 BOSS 都只能获得一百金的奖励啊！这相当于一头尊皇级 BOSS 的奖励，这也是正常的。尊皇级 BOSS 固然强大，但是我人族宇宙区的天才之中，每个宇宙国每年都有不止十人能将之击杀。可是这神级 BOSS 就不一样了。 即使是整个宇宙区加起来，也不知道要多久才会诞生一位能将之单杀的超级天才。嘶，这神级和尊皇级只是差了一个等级，居然这么强大的吗？废话，那可是神啊！相传能单杀神级 BOSS 的存在，日后成为 LV 两千级的至尊级强者都有极大的可能。卧槽，怪不得天启一直说第一轮的时候没有这个 BOSS，这要是有了，岂不是要死不少人？不对，现在这神级 BOSS 出事了呀！我们要怎么办？赛区这么大，别说是他一个神级 BOSS，就算是一万个，我们被找到击杀的概率低的可怜。 有这心思，还不如多刷几个怪呢。随着神级 boss 的出现，无数天才选手都是开始疯狂的讨论。当然了，对于普通人来说，神级 boss 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对于赛区的顶级天才而言，这神级 boss 似乎可以试着攻略一下。只不过，要如何才能找得到这 boss 成为了难题。距离灵岩之前召唤邪神亡灵不到三万光年之外的一个秘境之中，浑身被无尽的神圣光芒所笼罩的卡卡罗姆一剑将一头尊皇级 boss 直接斩裂成了两半，那无尽光明之力也是将尸体直接烧毁。叮，恭喜玩家！ 成功击杀尊皇级 BOSS，获得积分一百金。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到了卡卡罗姆的脑海之中。原本就是积分排行榜第一的他，积分更加的高了。啧啧啧，我这成绩要是能以赛区第一出现的话，绝对能吓死不少人吧？卡卡罗姆有些得意了。他在宇宙国这一届年轻一辈的天赋排名都只能到前三，若是在整个人族宇宙区的话，一千都进不去。没想到，因为有个副职业搜寻的天赋，可以大致查找到尊皇级 BOSS 的位置，而成为了积分排行榜第一。可以想象。 若是能第一出道，他绝对能被 LV 两千级的十五阶强者看中，那日后自己晋级十四阶强者也就有了一些希望。没错，即使是他们这等天才，要想达到十四阶，那也是一个极为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机会渺茫。毕竟 LV 两千级的强者已经是至强者之下的最强者了，一个宇宙国最多也就只有那么几百个，而他这种天才一年都能出几个？按照 LV 两千级强者能活万亿年的恐怖寿命来计算的话，他们这种天才相当于几百亿个里面才会出一个达到 LV 两千级的。 而十四阶强者虽然没有那么恐怖，但也是数万个这种超级天才之中才有可能有一个达到。至于至强者，那就要看命了。理论上来说，每一个 LV 两千级的强者都有机会成为至强者，只不过需要拥有和他们对应的宇宙元素本源。若是对应的宇宙本源已经有了至强者，那他们只能等至强者死亡。可是至强者已经和宇宙融为一体，宇宙不灭，寿命无限。而想要他们死，那除非是和其他的至强者以命换命，不然的话不可能被杀死。所以 LV 两千级。 理论上来说，就是整个宇宙玩家的极限。定警报！警报！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此赛区出现神级 BOSS。此神级 BOSS 拥有脱离秘境副本，并且空间跃迁的能力。请诸位玩家见到之后尽快退赛。若是有人能收服，亦或者击杀此 BOSS，将会获得积分一百亿金。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提示音突然传到了卡卡罗姆的脑海之中。什么？神级 BOSS？听到这个提示音的卡卡罗姆顿时脸色一变。神级 BOSS 啊！那可是他根本不敢触及的强大 BOSS。他的实力…… 其实也就堪堪能单杀这尊皇级 BOSS，并不能达到那些顶尖强者的秒杀。之所以积分最高，主要是他一直在猎杀尊皇级 BOSS 的路上，别人都要疯狂寻找，寻找几十分钟才有可能找到一头，而他几分钟就能找到一头。这神级 BOSS，即使是他们这一届的五阶天才之中最为顶尖的存在都无法抗衡，更不用说是他了。不过他倒是不在意，因为他也知道第一轮的赛区极为庞大，庞大到以一光年计算赛区的大小，这么庞大的范围之内，要想遇上神级 BOSS，几乎如同大海捞针。同样的，对方想要遇到自己也是如此。 嗡、wow！然而就在卡卡罗姆还在思索的时候，一阵空间波动却是瞬间笼罩了他所在的整个秘境。咔嚓！咔嚓！咔嚓！而下一刻，卡卡罗姆惊恐的发现，周围的空间居然开始疯狂的裂开。这是怎么回事、啊？卡卡罗姆脸色大变，不过他没有犹豫，冲天起，直接就朝着秘境之外疯狂的飞去。速度之快，仅仅瞬间就冲出了秘境。然而当他出来之后，才发现肉眼所及之处的空间全部都龟裂开来，方圆数百亿公里内的空间都即将崩碎。而他的速度虽然快， 当时却根本无法逃离这里，而不仅是他，围绕在方圆数百亿公里之内的玩家，都是在感受到这么多的空间裂缝之后，开始疯狂的逃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卡卡罗姆脸色难看的呢喃一声，全身的防御类技能全部使用。轰！可惜，下一刻整个空间轰然爆开，无尽的空间乱流朝着四面八方肆虐开来，只要被打中的人全部被轰杀。空间碎片爆碎开来，也是在接触到那些玩家之后，就将这些玩家直接被空间碎片撕裂。好，下一刻，一声极为低沉且暴躁的怒吼声从无尽虚空之中传来。 紧接着，在卡卡罗姆惊恐的目光之中，空间的深处，一团巨大的血色肉球急速冲了出来。邪神，这是邪神，而且还是神级的邪神！可恶，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看到对方的身影，卡卡罗姆不可置信的大叫一声：“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是玄色副本之中一个几乎没有人想要去攻略的副本，因为这邪神本身的实力，因为封印倒不是非常的强大，但是他的终极技能还有那一道封印却是极为恶心。终极技能召唤出来的虚影本身就是玄色 BOSS 之中顶尖的存在，甚至即将开始进化成为神级 BOSS。” 寻常的宇宙国天骄根本就不是其对手，而那封印也是如此，没有超越玄色级别的攻击，根本就无法透过封印将邪神击杀。因此，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秘境几乎是所有天骄弃之如敝的地方。然而，这东西居然出现了，而且还是神级的状态。看到这里，卡卡罗姆没有丝毫的犹豫，转身就疯狂的逃窜。可惜他的速度哪里是神级 BOSS 的对手？刷！突然，一条遮天蔽日的恐怖触手砸落而下，卡卡罗姆还没有丝毫的反应，就被这触手直接拍中。轰隆隆隆！ 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卡卡罗姆直接就被触手轰碎，成为了虚无。然而，随着这一条恐怖的触手缩回去之后，才有人发现，这触手不过只是邪神无数条触手之中微不足道的一条而已。好、哦，而接下来，邪神那恐怖的身影冲出空间裂缝，直接就朝着周围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嗡、哦，同样的，数万光年之外，已经逃得远远的灵岩也是找到了第二个玄色秘境，他也是没有废话，直接冲入到了秘境之中，召唤元素法箱。 一巴掌就将这个秘境瞬间毁灭，连同秘境之中的尊皇级 BOSS 都是在这恐怖的余波之中瞬间被拍成了虚无。此刻林岩的实力可是比之前强大了百倍不止，击杀一个尊皇级 BOSS 可以说轻轻松松。丁，恭喜玩家成功击杀尊皇级 BOSS 十二亿炽天使，获得积分一百金。恭喜您被动复制成功率提升十亿倍，获得被动光明之力 LV 幺二零，生命之力 LV 一百，火焰之力 LV 幺二零，力量强化 LV 幺三零，速度强化 LV 幺三零。 体质强化 LV 幺三零，丁恭喜您获得十二亿炽天使转职卷轴 R r 一连串提示音随之传来。看着这转职卷轴，林岩顿时眼前一亮，有了这卷轴，自己老姐和老妈至少有一个的天赋能提升到 R r 了。而 R r 的天赋是什么概念？被动等级在 LV 幺六零级以上，LV 幺六九以下，整个宇宙国的那些天骄级人物，也就是这个级别的职业等级了。可惜了，只有一份，这要甩两份该有多好。林岩有些可惜的叹了口气。丁恭喜您击杀玩家。 卡卡罗姆获得其积分七百五十四金，恭喜您，您的积分成功达到积分排行榜 No 点一，恭喜您被动复制成功率提升十亿倍，获得被动光明之力 LV 幺六九，生命之力 LV 幺四九，骑士精通 LV 幺六九，力量强化 LV 幺八零，速度强化 LV 幺八零，体质强化 LV 幺八零。丁，恭喜您获得光明神骑士转职卷轴 R r 然而，就在此时，一连串的提示音却是在这个时候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这突如其来的提示音直接就给林岩干懵了。啥玩意？卡卡罗姆被我杀了！林岩直接宕机。这人不是积分排行榜第一吗？不过下一刻他就反应过来了，对方是被邪神亡灵给杀的，而对方是自己的亡灵，杀的人头也算在了林岩的头上。果然，没有等林岩多想，叮，警报！您击杀玩家七十五万亿，您获得红名状态，方圆十万光年内的所有玩家都能看到您以及您亡灵所在的位置，还有您的积分。 请注意躲避！一个提示音，此时也是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这提示音让林岩嘴角一抽，足足七十五万亿个 LV 二四九的玩家就这么被杀了。要知道，这些人的天赋实力虽然不强，但是能达到 LV 二四九级的那职业，也都至少得是 S 级以上。足足七十五万亿，让林岩原本一千几百种的元素种类数量，直接提升到了两千三百多种。毕竟这些玩家来自于整个宇宙，所拥有的元素种类自然更多。单一种族能获得的元素种类是有限的。 甚至，即使是现在的人族宇宙区，灵岩能获得的元素种类也就两千五百多种，剩下还有一些元素却是人族没有的，比如说邪神之力、诡异之力等等这些特殊的元素之力，都是特定的种族才会有。即使是灵岩将整个宇宙的人都杀了，灵岩想要将这些元素之力全部集齐，那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有的元素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当然了，只要灵岩想要寻找的话，在那些副本秘境之中，应该能找齐所有的元素，除了最为强大的那时间之力，毕竟那东西至今没有人领悟出来过。 不过这卡卡罗姆还真是有些倒霉啊，直接就遇到了邪神亡灵。那看来他之前距离我也不远，不过现在算是便宜我了。林岩想到这里也是微微一笑，随后直接打开了聊天界面，找到了自己的姐姐和林母，将两份转职卷轴给对方发了过去。虽然是在考核之中，但是这好友聊天功能还能使用，甚至能发定位会合组队。不过除了好友功能之外，其他的功能都无法使用。不然的话，发一个付费帖子，将一些尊皇级 BOSS 的位置标注出来，岂不是赚翻了？至于红明林岩倒是不在乎。 毕竟他的红名连排行榜几万亿名都排不上，可以说杀人狂魔太多太多了。而区区十万光年的红名距离，估计就连一个 R S S 级以上的都很难见到，更不用说是能和林岩对抗的最低 R R 级以上的超级天才了。随即，林岩看向了自己的后台，这光明之力和骑士精通，因为那个卡卡罗姆的原因，居然直接升级到了恐怖的 L V 幺六九，相当于比之前的 L V 幺五零火焰之力又强化了足足 L V 二十个等级。可惜没有火焰之力，若是有火焰之力的话，加上装备的强化林岩的火焰之力，能直接达到 L V 幺九九，那就有些恐怖了。 这个等级几乎已经达到了被动等级的天花板级别，再往上就是至高领域。说白点就是，超过 LV 二百级的被动等级就有机会融合本源之力。若是低于 LV 二百级的话，即使是实力再强，等级再高，甚至本源之力就摆在你面前，也没有一丝可能融合成功。而被动等级提升了 LV 二十级，此时灵岩的最巅峰战斗力也算是翻了四倍。等等，我不是爆了一套十二亿炽天使套装吗？突然，灵岩想起来这一茬，随后他看向了自己的背包。然而，不仅仅只是这十二亿炽天使套装。 就连那卡卡罗姆都是爆出来了一套光明神骑士套装。仔细看了一眼这两套玄色的套装，林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光明神骑士套装。装备：光明神骑士套装，等级 L V 二四零，品质玄色，属性全属性五千亿，特性光明系、骑士系、生命系，伤害加成百分之五千，被动等级 L V 十五，回魔回血五万 E S，破甲破魔效果百分之三千，附加效果光明之神威。 使用之后，方圆十亿公里之内所有人无法脱离战斗状态，并且尊皇级以下天才 BOSS 全属性负百分之九十，尊皇级负百分之四十。技能：光明神之领域，吸收天地间所有人心中的光明和希望，创造出光明神之领域。领域之内，光明之力等级提升 LV 十五，并且对一切邪物造成更加强大的伤害。吸收进度百分之零。光明预言，借助光明之神的力量，调动命运之力，可算到一些细微的事情。这就是光明神骑士套装，几乎属性都是和其他的玄色套装差不多。 只不过是比之前的邪神套装多了一个技能——光明预言。这光明预言的技能，林岩估计应该就是那卡卡罗姆能迅速找到那些玄色 boss 位置的方法了。这技能有意思，还能算到一些事物。不过这命运之力可是和空间之力等同的存在，不知道我的气运之子是不是就是命运之力提升到极限的表现？林岩思索了起来，不过随后又摇头。气运之子职业绝对远超命运之力，因为这命运之力不过只是能探查到一些命运轨迹，比如拥有命运之力，林岩就能看到自己杀了一个 boss 之后爆出来什么东西。 但是气运却是能直接从根本之上提升成功率，可以直接将能爆的都爆出来。不过这也不代表这个技能就垃圾，甚至以后对于林岩而言还是有巨大用处的。林岩速记将这一套套装直接穿上，轰！刹那间，林岩身上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下一刻，十二只巨大的天使羽翼直接就出现在了林岩的背后。当然了，这羽翼只是纯纯的光明之力凝结而成的。这一刻，林岩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比之前 L V 幺六九的时候提升了足足三倍。当然了，若是等林岩施展光明领域的话。 被动等级再提升 LV 十五，达到 LV 幺九九，届时实力强化将达到八倍，相当于杀了一个卡卡罗姆，让林岩的实力直接暴涨三十二倍之多。不过，正是因为自己的实力提升了，林岩才心中有些凝重。很难想象，光明之力、骑士之力等等都已经达到了 LV 幺六九的卡卡罗姆，在穿上了这一套套装之后，被动等级已经达到了恐怖的 LV 幺九九。可是，即使如此，面对那邪神，居然还是被秒了。而林岩全属性还有技能等等，其实和现如今的卡卡罗姆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然了，这不代表林岩的实力和卡卡罗姆一样，因为林岩还有大量的被动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此时的林岩若是使用断尾秋生，还有那回光一击的时候，实力能强化至少百倍。按照这个算的话，林岩的战斗力再不计算暴击、致残伤害、致命一击这些强大暴击的情况下，是那卡卡罗姆的足足百倍有余。那就下一个位置了。林岩也是没有继续管那邪神的疯狂屠杀，而是直接脚下一点，身形就消失在了原地，再将自己的被动等级提升到了 L V 幺六九。 再加上自己穿上了光明神骑士套装，灵岩的实力迎来了巨大的强化。此时的他面对邪神亡灵，他几乎是有了十足的把握。但是不知道为何，他总感觉那东西在融合了他的神元之后，或许会有些异变。而那异变，灵岩在没有搞清楚之前，还是不准备去。毕竟那可是神级技能。在灵岩将自己的所有技能等级都提升到神级之前，他是不会去的。而离开了之前所在的位置之后，灵岩继续朝着下一个玄色秘境所在的位置瞬移而去。接下来就是灵岩疯狂的刷玄色 BOSS。然而。 另外一边，邪神王林闹的动静却是越来越大了。好，邪神王林将方圆一光年之内的千万亿玩家屠杀之后，直接仰天怒吼了起来。下一刻，他那庞大身躯之上，无数的脓包开始疯狂的喷发，大量的岩浆冲天而起，最终居然汇聚成为了无数的熔岩巨魔。这些熔岩巨魔全部都是如同熔岩组成的八爪鱼一般，全身涌动着大量的岩浆。这些熔岩巨魔在出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制造人造虫洞，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只是他们寻找的方向几乎是和灵岩同一个方向，因为。 这是邪神亡灵正在按照和灵岩的那一丝联系，疯狂的追杀灵岩。之前就说过，任何失控的亡灵都会在第一时间疯狂的追杀召唤他们的亡灵法师。此时的灵岩自然知道这些，只是他根本不理会。随着实力的提升，他的瞬移距离比之之前又暴涨了十倍有余，而且次数也多了十倍，相当于灵岩一管蓝所能瞬移的最远距离翻了足足百倍。这些熔岩巨魔虽然能制造人造虫洞，可是制造的速度慢不说，跃迁的距离并不远，而且。 拥有十种空间之力的灵岩，只要感受到对方的力量，就能直接关闭对方的虫洞。拥有空间之力的他，是彻底的掌控这些空间元素的。使用人造虫洞实现空间跃迁的任何事物，不过只是利用空间元素罢了。一在掌控者面前，谈何利用？只不过灵岩不理会，但是整个赛区的所有人却都是看着排名一直在飙升的灵岩陷入了沉默。特别是能在宇宙国排名前十的存在，哪一个不是能单挑尊皇级 BOSS 的存在？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有灵岩这么恐怖的速度。况且，他们发现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事情：原本的排行榜第一卡卡罗姆死了。 而同一时间，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名为灵岩天才，却是多了卡卡罗姆一半的积分。毫无疑问，这卡卡罗姆被灵岩给杀了。想到这里，所有人无一不是心中凝重。卡卡罗姆的实力虽然算不得顶尖，但是也是整个宇宙这一届天才之中的第一阶梯了。能将卡卡罗姆击杀，而且还能在如此迅速的情况下疯狂猎杀尊皇级 BOSS，那灵岩的实力绝对非同小可。很快，顶尖圈子之中的那些超级天才都是开始相互联系了起来。毕竟，作为整个人族宇宙区的超级强者，他们或多或少都加了好友。最终。 一个名为“全人族”的希望聊天群建立，几乎八成全人族的顶尖天才都被拉入到了群聊之中。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天才，军事天赋等级在 R 二以上的，也就是被动等级最低都是 L V 幺六零以上，人数足足达到了五千多人。卧槽，谁起的群名？我怎么感觉像是进入到了我家族聊天群？我也觉得。不过话说回来，之前不是好几次有人说要建群都不了了之吗？怎么这一次一下子就建起来了？废话，没看到出现神级 boss 了吗？我看不仅仅只是神级 boss 的原因吧。 应该是这灵岩的原因。不过话说回来，诸位听说过这人吗？没有，没有。一一千，一时间群里均是热闹了起来，而话题却是只有两个，而且都关于灵岩斯卡洛尔这神级 BOSS，难得出现一次，我想各位都有兴趣吧？虽然我等单挑可能打不过这神级 BOSS，但是若是群殴的话，区区神级 BOSS 还是很有希望的。斯卡洛尔的话一出，整个聊天群都安静了下来。斯卡洛尔，人族五阶强者排行榜第三的存在，可以说，即使是将所有隐藏的超级天才算上，他也绝对能排在前十。 而他的话一出，群里的人都是有些异动。他们早就想要挑战一次神级 BOSS 了，甚至于有的人已经挑战过，但是却是输了，因为一个队伍十个人的输出有些不够。而神级秘境虽然能一百个队同时攻略，但是从未有人能将整个人族宇宙区的天才集合在一起，最多也就两三个宇宙区的天才共同攻略。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还是三年前，斯卡洛尔带领四个宇宙国，一共一千个天才攻略，可惜最终的结果却是只剩下一丝血皮的神级 BOSS 释放了大招，差点将所有人团灭。好在斯卡洛尔使用神级技能。 绝对领域将所有人护了下来，才让所有人逃离。若是再给他们一点输出的话，那神级 boss 就能攻略下来了。而这一次，一个全新的机会摆在了斯卡洛尔的面前，他心动了。这个群里集合了整个人族几乎所有顶尖的天才，全部一起上，绝对能击杀一个神级 boss。而他斯卡洛尔作为组织者，将会永久载入史册。斯卡洛尔说的不错，我同意。虽然我们距离远，但是好在能使用飞船，只要找到那终极 boss 的位置，用不了几个小时，我们都能集齐。我也同意参加。 反正我们都能进入这神级 BOSS，若是能打下来的话，带来的好处和积分绝对远超我们去寻找那些尊皇级 BOSS。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天才都异动了。能进入这里的，都是能单杀尊皇级 BOSS 的超级天才，被称之为人族天骄的存在。尊皇级 BOSS 对于他们而言，只有顶尖的那些有挑战性，可是那些顶尖的他们组个队也能击杀。但是这神级 BOSS 却是不一样，神之所以为神，那就是不是凡人所能企及的存在。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要不要也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灵眼？我看他实力不错，若是能找到的话。 胜算绝对大涨。然而就在此时，群里一个天骄却是突然开口了。他的话一出，群里一些排行榜前一百的顶级天骄顿时就有些不乐意了。这是什么意思？说他们不如灵岩吗？这哪里来的灵岩？虽然看着实力不错，可是一看就是有一个可以快速寻找到尊皇级 BOSS 的能力，就和那卡卡罗姆一样。至于击杀卡卡罗姆，他们也能轻松做到。怎么，我们一群人还抵不过他灵岩一人？不错，不过只是运气好的家伙罢了。若是早知道第一轮的比赛内容，我也弄一个搜寻类的套装，这积分早就破万金了。好了，不说这人了。 若是有人认识他，他想要加入我们的话，我们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现在各位尽快找到这神级 boss 才是最为重要的。那些顶尖天骄一个个开始发言了。刚刚说话的那个人看到这些顶尖天骄居然全部发言，也是才回过神来，自己说的话似乎得罪了这些天骄。他不过只是排位末尾的，顿时就吓得不敢再多言了。这些顶尖天骄要么是超级家族的后人，要么就是有极为强大的师尊，他一个都得罪不起。若是提供神级 boss 的确切位置，我送一套玄色装备。而斯卡洛尔也是直接开口了。 随着他的发话，群里五千号天骄也都是没有犹豫，连忙开始在自己的好友列表之中群发消息，同时将斯卡洛尔的奖励告诉了所有人。一时间，这一条消息开始疯狂的扩散。曾经就有做过研究，只要你有六个好友，理论上就能通过这六个好友以及好友的好友认识全世界的人。而且这全世界的人口可是没有限制的，即使是拥有无数人口，也不过只是多一些时间而已。特别是这些天骄所认识的人，可不仅仅只是六个，巴结他们的和想要巴结他们的人数不胜数，其中五阶还在这个赛区的也有不少。 随着群发消息发出去，这一条消息直接朝着整个赛区疯狂的扩散。因为赛区的天才都是随机分配，因此仅仅只是第一轮消息扩散，这消息就已经遍布了整个赛区。只是这些人几乎都相隔数百万光年之远。而第二轮扩散，知道消息的人已经缩小到了每百万光年就有一个人知道。第三轮扩散，二十多万光年。第四轮，五万光年。第五轮，八千光年。第十轮，这一刻几乎整个赛区每每相隔数千万公里，就有一个人得知了消息。斯图尔特。 一个顶级星域文明的顶尖天才，其实力之强大，单杀尊王级 BOSS 都不是什么问题。只是今天却是有些尴尬，他搜寻了足足七个小时了，一个尊王级的秘境或者副本都没有遇到，如此倒霉，让他有些无语了。不过下一刻，他的好多个朋友却是全部都给他发来了一条条的消息。他点进去看了一眼，顿时就眉头一挑：寻找神级 BOSS，这赛区这么大，从哪里找啊？这些天骄也真是的。斯图尔特有些无语，不过他还是将这一条消息给所有朋友圈的人给发了，毕竟。 万一自己的好友发现了这神级 boss 的消息，自己也能收获一些好处。嗡 <Wow>！然而就在他的消息才刚刚发出去的瞬间，一阵无形的波动却是从他的四面八方传来，咔嚓咔嚓咔嚓。同时，斯图尔特突然发现周围的空间开始疯狂的裂开，这恐怖的画面让他脸色大变。没有犹豫，他全力催动自己的所有元素之力，朝着远方逃命。或许是因为他运气不错，他只是在那空间裂开的范围边缘，因此仅仅只是几秒的时间，他就已经冲出了空间裂开的庞大范围。他劫后余生，惊恐的朝着背后看去。 却是发现背后方圆至少数亿甚至数百亿公里的范围之内，空间全部裂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是某个拥有空间系元素的天才在不远处战斗不成？斯图尔特此时脑海之中疑惑万分，不过他还是朝着远方急速遁去，不敢在周围停留，因为离开了空间裂开的范围，所以他得以将自己的飞船拿了出来，坐上飞船就开启空间跃迁，朝着远方遁去。很快，他就来到了数十光年之外，而即使是来到了这么遥远的距离之外，他朝着后面看去，依旧能清楚的看到数十光年之外那空间瞬间崩碎。 当然了，之所以距离这么遥远，他还能在第一时间看到空间崩碎的画面，其实是因为实力到了一定程度，看到事物不再是依靠光线，而是传说之中的暗物质。要知道，理论上来说，数十光年的距离，依靠光速传播的话，需要足足数十年他才能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暗物质传播的速度是光线传播的无数倍，因此即使在千万光年之外，只要你实力够了，都能在延迟不到一秒的情况下看清楚千万光年之外发生的事情。据说，到了更加强大的地步，则是可以感知空间，依靠空间之力感知物体。 这样的话，视野范围更加的恐怖。就比如那些至强者，传闻甚至能观测亿万光年之内的一切事物。言归正传，好。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传来，那无尽的空间裂缝终于爆开了。随后，一团巨大的血色肉球从爆开的空间裂缝之中飞了出来，无数的触手在无尽虚空之中飘动，随手就将方圆数百亿公里之内没有逃命的那些玩家直接轰杀成了渣渣。看到这一幕的斯图尔特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想要看看对方的属性。叮，目标被神之领域笼罩。 您无法探查到他的任何信息，可惜的是，一个提示音却是传到了他的脑海之中。神之领域，神级 boss，这是神级 boss。看到这里，斯图尔特顿时就惊骇的惊呼一声。不过下一刻，他的脑海之中却是浮现出无尽的狂喜。神级 boss 啊，自己居然遇到了神级 boss！想到一整套玄色装备的他，整个人都是忍不住浑身颤抖了起来。他虽然是顶级星域文明的顶级天才，但是使用的装备只有一柄武器是玄色武器，剩下的都是暗红色的套装。 若是他能装备上一整套的玄色装备的话，可以预见他的实力将会有质的飞跃。没有犹豫，他直接就将前方的神级 BOSS 录了视频，然后和他好友列表之中天赋最高的那个天才发了过去。对方收到斯图尔特的消息，第一时间也是给自己所认识的最天才之人发了过去。随着一层接着一层的消息发送上去，仅仅几轮的时间，斯卡洛尔就收到了这一条消息。全人族的希望，斯卡洛尔，诸位，神级 BOSS 找到了，这是坐标，所有人尽快赶过去。我距离有些远，马上就到。At、全体成员，斯卡洛尔也是没有废话。 在群里发送了一条群消息之后，就拿出自己的飞船，开启远距离空间跃迁。他的位置距离足足三亿光年，感到估计得不少时间。而其他的天才在听到了他的话之后，也都是全部朝着神级 BOSS 所在的坐标快速瞬移而去。这一边的斯图尔特仅仅等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收到了来自于斯卡洛尔的好友请求。斯图尔特连忙接受了好友请求。斯卡洛尔就是你给的消息？你要什么属性的玄色套装？斯卡洛尔直接问。至于对方的消息正确性，已经有最近的天骄抵达之后确认了。对对对，就是我，斯卡洛尔大少。 我要一套水系的套装就行。斯图尔特激动的连忙回复对方，天骄级人物可不是他能接触到的，更何况斯卡洛尔的实力在天骄之中都算是顶尖的存在。斯卡洛尔好，斯卡洛尔也没有废话，随后一整套的玄色套装就被对方转了过来。不过转完了之后，斯卡洛尔直接将斯图尔特删除，这明显就是看不起斯图尔特，不想自己好友列表之中有这么一个废物的行为，却是让斯图尔特一点都不气恼。看着背包之中的玄色套装，他嘴比星际湮灭炮的炮口都难压。好。 而就在此时，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声突然再次从远方传来，这恐怖的怒吼差点让斯图尔特将手中的套装掉在了地上。不行，这神级 BOSS 实力太强，我还是跑远一点，不然万一被顺手杀了，那可是就亏大发了。斯图尔特看了一眼远方的神级 BOSS，也是忍不住浑身一颤。即使是隔着数光年的距离，他还是能感受到对方那恐怖到极致的毁灭气息。那气息若是对他动手的话，他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被秒。甚至对方都不用对自己动手，只需要从自己的身旁路过，或许自己都会被那神之气息所碾碎。 想到这里，他再次启动飞船的空间跃迁能力。这一次，他直接跃迁到了数万光年之外的一片陌生地带。然而，刚刚来到这里，他就惊奇的发现自己脚下居然有一个直径达到了上亿公里的庞大秘境。秘境被一道血红色的能量所笼罩，可以感受到其中那蕴含的邪恶气息。我去，这是玄色秘境？玄色秘境这么大的吗？斯图尔特虽然进入过玄色秘境，但是这么大的玄色秘境他还是第一次见。我现在换了一整套的玄色套装，实力增长了不少。这玄色秘境，只要我不招惹尊皇级 BOSS，绝对不会出问题。 真好，这么一个大型玄色秘境里面的尊王级 BOSS 肯定不少，多杀一些，把我的积分排名弄高一些。斯图尔特想到这里，直接就收好了飞船，换上了玄色套装，一头就扎入到了这一个血红色的庞大秘境之中。嗡、哦，斯图尔特瞬间进入到了秘境之中。然而，刚刚进入秘境的数据，他直接感觉亡魂接冒。只见无穷无尽的亡灵白骨正在疯狂的屠杀秘境之中的野怪，只不过在他进入的瞬间，全部将那空洞的朝着他扫了过来。可恶，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这么多亡灵啊？ 斯图尔特脸色大变，他下意识的点开其中最弱的一头八爪鱼亡灵的属性，只是这一眼让他整个人脸色直接煞白。野怪：深海八爪巨魔王灵头领，等级 L V 二四零，天赋被动：水之掌控 L V 二十九，利刃精通 L V 二十九，速度强化 L V 三九，力量强化 L V 三九，体质强化 L V 三九，血量四十六万亿四六万亿，魔力九千二百亿九二零零亿，攻击力九百二十亿，速度。 九十二亿，防御力四千六百亿，技能八刃斩击 L V 十，蓝色，操控全身的八条触手同时攻击，最高可造成百分之五百的混合伤害，以及百分之十总伤害的持续性撕裂流血效果。这个属性刚刚一出，斯图尔特整个人都是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卧槽，这特么是头领级！斯图尔特惊恐的尖叫一声，所有的属性都是寻常的头领级的足足四十六倍。这要是后期的超级 boss 也就算了了，四十六倍的实力提升，最多也就是从尊王达到了尊皇。若是尊皇级 boss 的话， 即使是提升了四十六倍，也远远不如神级 boss。可是现在的这是头领级啊！头领级提升四十六倍的实力，那战斗力即使是帝王级都能破防了。也就是说，只要来几十个，就能将帝王级 boss 弄死了。而现在肉眼所到之处都是这种亡灵，其中还有王级、皇级、帝王级，一直到尊王级都有。除了圣王级和尊王级之外，其他的这些野怪实力都是寻常野怪的足足四十六倍之多。而那秘境的深处，更是有十多尊尊王级的超级 boss 正在围着一尊尊皇级 boss 暴打。 终于，在被十多尊尊王级的亡灵 BOSS 使用大招疯狂的轰炸之后，那一尊庞大的尊皇级 BOSS 彻底身死。逃！看到这恐怖的一幕，斯图尔特心中惊骇万分，没有犹豫，转身就逃。好，好，好！然而下一刻，三尊尊王级的亡灵却是在一阵阵空间波动之中，直接挡在了他的面前。这三尊尊王级的亡灵无一不是拥有空间之力的存在。完了！斯图尔特看到这一幕，绝望了。下一刻，三尊尊王级的亡灵直接爆发破碎之力。 斯图尔特周围的空间开始疯狂的撕裂，仅仅瞬间，斯图尔特就带着刚刚拿到手都没有焐热的玄色套装，陨落在了空间撕裂之中。丁，恭喜玩家，您击杀玩家斯图尔特，获得经验值。恭喜您被动复制成功率提升十亿倍，获得被动水之力 Lv. 幺三九，重水之力 Lv. 幺三九，深海之力 Lv. 幺三九，力量强化 Lv. 幺五零，速度强化 Lv. 幺五零，体质强化 Lv. 幺五零。丁，恭喜您成功获得套装。 重水天尊套装 L V 二四零玄色。与此同时，距离这个地方数十万光年之外的灵岩却是脑海之中传来这么一个提示音：“嗯，又有超级天才被杀了。这个等级应该是 R S S S 的天才吧？不过这人怎么会有玄色套装？难不成是某些超级家族的富二代？”看着这个提示音，灵岩也是有些惊奇。此时他击杀的尊皇级 Boss 数量已经达到了上百，但是除了之前被杀的卡卡罗姆之外，到现在就没有遇到一个超级天才。虽然 R S S S 的天才在这个赛区可以以亿为单位来计数。 可是事实上，想要遇到一个的概率还是很低。不过这些都不是他最为在意的事情。随着他击杀的尊皇级 BOSS 越来越多，他的尊皇级亡灵此时也达到了百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此时已经不去猎杀尊皇级 BOSS 了，只是开始专注寻找。只要找到一个秘境，就会直接派遣一尊空间系的尊王级 BOSS 带着一尊尊皇级 BOSS 前去灭了那个秘境。因此，此时的林岩即使是拥有逆天气运，也是已经赶不上自己的亡灵猎杀速度了。此时的他只能加班加点的将手中的飞剑疯狂的抛起来，然后指引自己最近的玄色秘境位置。 很快，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三个小时已经过去。这个期间内，林岩已经攻略了五百个尊皇级秘境和副本，他的积分也是达到了恐怖的五万多金，比值第二名的一千多金，直接就是五十倍的差距。不过令林岩疑惑的却是，除了自己和第二名之外，之后的那些排名一直到好几百名，居然都已经三个小时没有一点积分增长了。他很好奇，这些人难道开始摆烂了不成？另外一边，距离邪神亡灵不到十光年的位置，一群少年却是集合了起来。粗略一数，足足五千多位天骄聚集在了这里。 而这些天骄的目标自然是只有一个，那就是远方正在疯狂吐出大量熔岩巨魔的神级 BOSS。因为神级 BOSS 的神之领域，这些人并不能看到这邪神亡灵的属性和实力。不过他们有自信，五千多位天骄聚集在这里，要想拿下神级 BOSS，他们有十成的把握。人都到齐了吧？斯卡洛尔看了一眼周围五千个有些眼熟，但是几乎都没见过的天骄，缓缓的开口了。在场之上，作为人族五阶天才排行榜前几的他，实力和天赋自然是最强大的。 人族五阶天才排行榜乃是整个人族宇宙区所有五阶强者的实力排行，都是依靠打出来的。比他强大的那几个，他倒是没有拉过。要是拉了，那功劳可就不是他的了。九成都到齐了，剩下没到的就不等了。是啊，没必要浪费时间。杀一个神级 BOSS 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我也觉得，这一次的荣耀可是和他们没关系了。周围的天骄都是开始讨论了起来。对于这一次击杀神级 BOSS，他们所有人和斯卡洛尔一样的自信。卧槽，那灵岩已经四万多金的积分了。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天骄突然惊呼一声。他的话一出，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连忙打开了排行榜，顿时就被灵岩恐怖的积分吓到了。而且就在他们的注视之下，灵岩的积分一直在提升，时不时又加一百金，相当于一个尊皇级 BOSS 又被灵岩给杀了。这灵岩到底是什么人？斯卡洛尔眉头紧锁。若是二三十个尊皇级 BOSS 的话，他还能说灵岩是拥有可以寻找到尊皇级 BOSS 的技能。但是这四百多个尊皇级 BOSS 就不一样了，这实力绝对能排在五阶的天骄榜前十。哼，就算你现在将积分搞到几十万， 等一下，我们将神级 BOSS 杀了之后，你的积分怕是连前五千都排不上了。不过随后斯卡洛尔却是笑了，所有人随我征战神级 BOSS！斯卡洛尔大手一挥，下一刻所有人进入一艘艘飞船之中，在一阵阵空间波动之中，所有飞船跨越十光年的距离，进入到了邪神所在的区域。还在疯狂生产大量熔岩巨魔的邪神，在察觉到了来人之后，那数万一双眼睛直接就朝着这些天骄锁定了。然而在看到这些天骄也是人类之后，他心中对灵岩的怒火瞬间就被点燃了。好！ 一声怒吼，直接就从他的口中爆发而出。嗡、wow.！下一刻，他的所有眼睛均是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些光芒开始疯狂的汇聚。定，你被邪神之眼锁定，请尽快逃离！一声冰冷的提示音，此时也是传遍了在场所有天骄的脑海。而听到了这个提示音的所有人，眉头一皱，一上来就放大招，这神级 BOSS 不按常理出牌啊！这个念头浮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之中。一般只有在技能有可能秒杀他们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尽快逃离的提示。所有防御类朝前，斯卡洛尔也是低喝一声。 瞬间，所有拥有强大防御类技能的天才全部都是朝着前面顶上，然后所有人均是释放出来一个个巨大的护盾，护盾一层叠加一层，瞬间就将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笼罩在了护盾之中。而最核心区域，那些即使主修不是防御的玩家，也是将自己的护盾套在了最核心的部位。轰轰轰轰！终于，一道道恐怖的血红色光束从邪神之眼之中爆发而出，光束像是雨点一般，密密麻麻的砸在了这些护盾之上。轰轰轰轰！而在两道能量接触的瞬间，所有的护盾就像是纸糊的一样，开始疯狂的爆开。 不过好在，足足五千多层的护盾在爆碎了四千多层之后，终于是将邪神之眼的力量彻底耗尽。这技能居然如此强大！邪神之眼也不知道是玄色技能还是神级技能，不过神级技能应该还没有达到。但是若只是玄色技能就有这么强大的威力的话，这神级 BOSS 的实力不弱呀！看到这一幕之后，在场的人无一不是心中浮现出这么一个念头：尽快解决战斗，全部全力攻击，将他的邪神领域打碎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他的属性。斯卡洛尔也是被这技能的强大所震惊到了，不过他也知道。 现如今不是说着这些的时候，他大喝一声之后，直接启动增幅类技能，轰隆隆！一瞬间，他的实力直接暴涨足足二十倍。下一刻，他直接拿起武器，就一剑朝着远方的邪神虚影斩落而下，一道长达数千万公里的恐怖剑气横扫而出。这一剑的威力恐怖无比，即使是来一群尊皇级 BOSS 被砍中，那结局也只有一个，就是被直接抹杀。这就是顶尖天骄的恐怖战斗力。而其他的那些天骄也没有废话，全部释放自己最为强大的攻击技能。 霎时间，足足五千道足以抹杀尊皇级 BOSS 的恐怖技能划破虚空。好，oh, 似乎是感受到了这五千道攻击的强大，邪神也是仰天怒吼起来。轰隆隆隆！一瞬间，他的身上也是涌动起狂暴的气息。邪神之力、亡灵之力、火焰之力、大地之力等一系列的力量全部汇聚在了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护盾。轰轰轰轰！护盾刚刚形成，那五千多道攻击就撞在了他的身上。巨大的爆炸声在这一刻响彻整个天地，恐怖的爆炸震颤着整个天地。咔嚓！ 咔嚓！护盾虽然强大，但是在一两千道攻击的加持之下，依旧是裂开了。最终，在第三千多道攻击的冲击之下，直接爆开。剩下的两千多道攻击丝毫不保留，额撞在了邪神的身上。轰轰轰轰！一声声震动天地的恐怖巨响传来，而每一道攻击都能让邪神的头顶浮现出一个个巨大的伤害值。这些伤害最低都是数十斤，甚至数万斤之多。然而，当攻击全部消散之后，邪神的总血量居然只是减少了不到千分之一。这一刻，所有人都有些傻了。等等，这不对劲！ 很不对劲，一时间所有人都是感觉到了不对劲。一个神级 boss 的血量一般是尊皇级的足足万倍，当然了，攻击力这些只是十多倍，不过加上被动这些的话，综合实力一般是百倍左右。他们打出来的伤害计算了一下，按理说最少也能打了千分之三啊，可是现在是怎么回事？连千分之一都没有掉？难道这邪神是那种顶尖的神级 boss？一个天骄突然下意识的说道。一时间，所有人脸色一变。若是真的如此的话，那他们还有多少胜算？管他是不是顶尖的神级 boss，既然我们动手了，那他必须死。 斯卡洛尔冷哼一声，这一次的机会如此难得，若是他都无法击杀神级 BOSS 的话，那一辈子都不可能了。他想要从无数天骄之中脱颖而出，只有击杀神级 BOSS 的这个战绩才行。他虽然在五阶的天骄之中排行前三，但是这是五阶的天骄，还有四阶、六阶、七阶，一直到足足十五阶。只要实力没有达到十五阶的，也就是 LV 一千级以内，那几乎都算是年轻一辈的天才。因为他们这个等级的天骄，若是想的话，可以在一年之内将等级提升到 LV 一千级。但是 LV 九百级以上的十四阶强者，却是能活百万年之久。 相当于百万年之内的所有天骄集合在一起，那竞争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天赋若是放在十四阶的战场，那估计就连前十万都难以排进去。可是，即使是在这等战场之上，有过击杀神级 BOSS 战绩的超级天才数量也不超过一百人。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在四阶、五阶，若是都无法击杀神级 BOSS 的话，等级高了之后就更加不可能了。到时候 BOSS 和玩家的实力差距自然会更加的恐怖。到了十四阶的战场的话，能击杀一个尊王级 BOSS 都能称之为顶级天骄了。所以。 他想要被那些 LV 两千级的超级大佬看中，那就只有击杀神级 boss 一图了。即使如此，他被看中的概率也不是很大，毕竟他的战绩水分肯定是很大的。当然了，若是没有击杀神级 boss 的话，他没有一丝可能性。而现在这 boss 是顶尖的神级 boss，他反而有些开心，因为这就意味着，只要自己成功将之击杀，那自己获得的好处将会更加的恐怖。而他的话一出，周围的天才思索了一下，也知道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反悔的机会了。况且他们也想要杀了这顶尖的神级 boss 度度金，上杀,杀了他。 没有一个人犹豫，随着一声暴喝，在场的所有天骄再次爆发而出恐怖的攻击。好，而邪神也是仰天怒吼一声，下一刻，无尽的力量从他的身上涌动出来，这些能量全部涌入到了他的邪神之眼之中。轰轰轰轰！下一刻，又是无数道毁灭一切的邪神之光朝着那五千多个天骄爆射而来。所有天骄再次施展强大的护盾，瞬间就将这邪神之光全部挡住。随后，大量的攻击宣泄在了邪神的身上，一时间又是大量的伤害值从他的头顶冲天起。 接下来，所有的天骄用同样的招数疯狂地攻击邪神。邪神虽然强大，但是面对这足足五千多尊强大的天骄，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很快，足足百分之七十的血量就被这些天骄打落了。小心，这神级 BOSS 从始至终使用的技能似乎都不是玄色，更不用说他还有神级技能，绝对不能大意。而就在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有些激动的时候，斯卡洛尔却是给所有人泼了冷水。他的话一出，在场的天骄均是脸色微微一变。是啊，他们忽略了这一点。既然是顶尖的神级 BOSS，那技能攻击力肯定远超寻常的神级 BOSS。 可是刚刚的技能威力虽然超越了玄色技能，但是却没有达到远超的级别。也就是说，那技能很有可能只是寻常的暗红色技能。想到这里的他们心中有些退缩了。暗红色技能就能将他们的护盾破开三千多层，若是玄色技能，岂不是能全部破开？而神级技能是不是会更加的恐怖？噗噗噗噗！然而就在他们愣神的时候，邪神亡灵突然爆发，无数道邪神之光瞬间融合为一千道巨大的光束。这些光束威力之恐怖，在接触到了那些护盾之后，势如破竹的将这些护盾轰碎。 而这一次，三千道护盾瞬间爆开，而这些光束的威力却依旧不减的轰在了剩下的一道道护盾之上。仅仅片刻，最后的两千道护盾屏障彻底崩碎。不好，他偷袭！一众天骄脸色大变。可是现在在凝聚护盾合体的已经来不及了，所有人都只能来得及打开自己的领域，然后在自己的身体周围凝聚出来一个护盾。可是这护盾的威力纵然强大，却依旧挡不住这融合了之后的邪神之光的恐怖威力。轰轰轰！随着一声声爆炸声。 一千个天骄瞬间就被邪神之光淹没，瞬间在邪神之光的恐怖威力之中化作了虚无。其他的天骄看到这一幕，全部都是吓得脸色大变，快快攻击，把他杀了，不然我们都得死。而看到了这一幕的斯卡洛尔连忙大喝一声。那些天才终于回过神来，没有犹豫，所有人全部爆发出自己最为强大的恐怖。轰轰轰轰！霎时间，四千多道攻击疯狂的轰击之下，邪神的血量疯狂的减少。不过，邪神又施展了两次融合起来的邪神光束，将足足两千多个天才彻底抹杀。 剩下的两千多名天才只能疯狂的攻击，终于，邪神的血量越来越少，很快血量就不足百分之十了。看到这一幕，所有天才均是激动，连忙加大了输出。好，随着血量达到了百分之一的时候，邪神亡灵终于癫狂的怒吼了一声，刹那间，一股股恐怖到极致的邪神之力从他那庞大的身躯之中喷涌而出，这些邪神之力开始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速度之快，周围数千万公里之内的所有天骄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瞬间笼罩。噗噗噗噗，仅仅被笼罩的瞬间。 其中一大部分的天骄直接爆开，化作漫天的血雾。可恶！无敌金身！无敌金身！无敌金身！看到这一幕的斯卡洛尔瞬间怒吼一声，神级技能无敌金身瞬间启动。刹那间，一道金色的屏障直接笼罩了他周围的十多个天骄。不是他不想多笼罩，而是其他的天才此刻已经全部死了。这 BOSS 果然有所保留。看到这一幕，斯卡洛尔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只有最后百分之一都不到的血量了。我们动手吧，斯卡洛尔！一个天骄连忙开口了。好。 我的无敌金身能坚持十秒，十秒之内杀了他。斯卡洛尔凝重的点头。他的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无一不是直接施展可以献祭自身，从而提升实力的强大技能。一瞬间，所有人的实力瞬间暴涨数倍。在无敌金身那巨大的金色屏障笼罩之下，十多尊最强大的天骄全部动手了。一道道恐怖的伤害划破虚空，轰轰轰轰！终于，这些攻击毫不保留的轰在了邪神亡灵的身上。邪神亡灵那最后的百分之一不到的血量瞬间归零。Wow. 然而还不等斯卡洛尔等人开心，邪神亡灵的尸体并没有倒下，反而直接彻底的爆开，化作了漫天的黑气。黑气瞬间就扩散到了四面八方，还没反应过来的斯卡洛尔等人直接被笼罩在了其中。下一瞬间，他们的眼前一黑，全部失去了意识。好痛，这是在哪里？随着一阵头疼欲裂，斯卡洛尔缓缓的睁开了眼睛。突然他脸色大变，连忙朝着周围看去。下一瞬间，他惊恐的发现自己突然出现在了一座繁华的城市之中，而其他的几个天才也是在自己的周围渐渐苏醒。 这城市有一座座最高只有几百米的高楼，看上去自己似乎是来到了某一个极为落后的文明。这种星球，甚至这种星球所在的太阳系，以他的实力，随手一招都能毁灭。可是现如今，他却是感受到自己的全身力量都消失了。这里是哪里？我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等等，我的力量全部被封印了，就连天启后台都无法召唤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没有觉醒职业之前一样。这难道是邪神的招数不成？剩下的十多个天骄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均是脸色有些难看。 能被拉入到这里，那就说明他们算是彻底的输了。毕竟对方能封印他们，就绝对能将他们抹杀。诸位不用着急，或许事情没有那么糟。而就在此时，一个天骄却是开口了，所有人朝着他看了过来。这种情况，我似乎听说过。刚刚的那个神级 BOSS 似乎是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好像是克苏鲁神话体系之中的一尊神明。这个神话体系主打的就是一个吓人，我们只要心中不产生恐惧，那他就无法伤害到我们。这个天骄凝重的开口了，他的话一出，周围的天骄均是眉头一挑。 克苏鲁体系的邪神，他们也曾经或多或少的听说过。这个体系的邪神几乎都是神级秘境或者副本的终极 BOSS。那我倒是要看看，这邪神到底是要如何让我产生恐惧？知道了对方的底细之后，斯卡洛尔顿时冷笑一声。作为顶尖天骄，他攻略的副本数量数不胜数，什么大恐怖没有见过？还会怕这所谓的恐吓？其他的天骄想到这里，均是认同的点了点头。所以所有人均是严阵以待的等候在原地，等待着所谓的恐惧降临。然而他们等了足足一个小时，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周围的一切依旧如同刚刚进来一般，繁华的城市街道之上人来人往。周围的人在路过的时候都是诧异的看着这一群站在广场之上一动不动的十多个天骄，只有他们傻傻的站在原地。嘿嘿，那个，我们刚站在这里是不是有些不好？终于有人尴尬的开口了。毕竟被这么多人看傻子一样的看着，饶是他们脸皮再厚也是有些遭不住了。可能我们想的有些不对劲。另外，我肚子饿了，要不先去弄点吃的？一个天骄有些无奈的开口了。他的话一出，在场的天骄均是愣住了。 不过下一刻，他们居然也感受到了饥饿。要知道，他们之前的实力，即使是不吃东西也没事，毕竟能从天地间汲取元素之力等各种力量作为补给。可是现在，那饥饿的感觉却是让他们非常的不好受。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去寻找吃的。可是等找到了一些看上去似乎是饭店的地方之后，他们才尴尬的发现自己没钱。他们作为天骄，又拉不下脸去要吃的，只能大眼瞪小眼。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饥饿感却是越来越强了。可恶啊！我每年的零花钱买下几万亿个生命星球都轻轻松松。 现在居然连一口吃的都买不到，难道这就是那邪神想要让我们恐惧的地方？是不是太小看我们了？一时间，几个天骄军是有些义愤填膺。他们五千多人击杀一个邪神，最终几乎全军覆没就算了，他们几个更惨，连口吃的都弄不到手。要不我们去抢点吃的？突然，一个天骄提议，而他的目光则是看向了不远处一个手里拿着一大包烧烤正在大快朵颐的小胖子。看着对方满嘴流油的样子，在场的人均是忍不住咽了口口水。抢了，不然我怕我们还没有找到离开的方法就饿死了。 斯卡洛尔一咬牙，直接开口了。他的话一出，其他的天骄没有犹豫，全部就朝着小胖子冲了过去。小胖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群穿的奇形怪状的少年推倒在了地上，抢走了烧烤。哇！有人抢我的吃的！小胖子瞬间就嚎啕大哭，他的哭声瞬间吸引了大量的人。卧槽！连小孩子的东西都抢，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不像话了。看他们穿的虽然奇怪了点，但是也不错啊，怎么连吃的都抢？上！别让他们跑了！一时间，周围的人都义愤填膺的大骂了起来，一些人更是准备上来对几人动手。 周围的天骄见状没有犹豫，转身就跑。而接下来几天，这些天骄过的那叫一个水深火热，不是在抢东西，就是被人追着打。仅仅七八天，几人都已经一脸憔悴，面黄肌瘦，不成人形了。终于，他们的行为惊动了警方，在一次钓鱼执法之中，一群天骄全部被抓获。因为抢劫次数过多，影响恶劣，几人都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不过，其中几人被关押期间，因为受不了拆缝纫机的苦，天天大喊大叫，说什么自己是 M 七八超级星域的大少，谁敢抓他们就是找死。 或者说自己是某某宇宙国大世家少爷，最终这些大少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在被一群精神病人折磨和被医生电击疗法伺候了一年之后，这些所谓的天骄终于忍不住，一个个相继自杀了。然而与此同时，斯卡洛尔等五个天骄却是因为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得知其他人都已经全部自杀之后，几人心中升起悲凉。此刻他们都知道自己最为恐惧的是什么了，那就是从无数文明星域最为顶尖的超级天才沦为一个普通人。这对于他们来说，比杀了他们都还难受。可是即使是认识到了自己的恐惧，他们无奈的发现。 自己依旧无法离开这个世界，没办法，几人为了活下去，为了重回巅峰，只能努力在这个世界活下来。因为一年的劳动改造，几人都熟练的掌握了踩缝纫机的技巧，所以找了一家厂子，开始没日没夜的踩缝纫机。一开始还挺好，每天朝九晚五的。可是随着年关将至，订单量暴涨，九九六那都是奢望了，每天都是七百一十五，也就是早上八点上班，一直上十五个小时，到晚上十一点，然后一周上七天，不休息。在上了一个多月之后，三个天骄终于忍受不住，直接跳楼自杀了。 另外一个天骄坚持了两个月，也是在大喊一声“打工”，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了。之后他跳楼自杀了。最后只剩下了斯卡洛尔，在一日又一日的麻木工作之中艰难度日。然而这日子似乎没有尽头，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斯卡洛尔已经放弃了离开这个世界，或许他知道自己根本离不开，所以他开始攒钱，同时将钱全部买了定期，只要自己到了退休年龄就能拿回来。甚至他都已经计划好了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终于，他苦苦熬到了五十四岁。 眼看还有一年就退休，突然政策变了，专家鼓励发挥中老年人余热，六十五岁退休。那一夜，斯卡洛尔拿着一瓶烧刀子来到了那些天骄跳楼的楼顶，纵身一跃。这操蛋的世界再也不来了。这是斯卡洛尔的遗言。时间回到现实，随着邪神亡灵的死亡，他的尸体直接爆开，化作无尽的黑雾，朝着四面八方笼罩开来。斯卡洛尔一瞬间就被笼罩，只是在笼罩了不到几秒，所有人相继死去，只有斯卡洛尔坚持了足足三十多秒，最终也突然没有了生机。 而那黑雾却是在这三十秒的时间内，已经扩张到了方圆一百光年。一百光年之内的所有玩家，无一不是被笼罩在了其中。在这名为恐惧的黑雾笼罩之下，没有一个人玩家能顺利逃离出来。只是每一个人在黑雾之中死去，都会有一股生命之力被抽取吸入到了黑雾之中。然而令人惊恐的却是，随着黑雾笼罩范围之内的所有人死去那一刻，全部黑雾突然开始疯狂的收拢。好，最终在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之中，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亡灵再次重生。虽然血量不到百分之十。 但是邪神亡灵却是真的复活了，而这一切却是没有人能看到。只是与此同时，距离战场数百万光年之外的灵岩却是看着疯狂冒出来的一声声提示音沉默了。丁，恭喜您击杀玩家斯卡洛尔，获得经验值，获得积分三千万金。恭喜您被动复制成功率提升十亿倍，获得被动雷霆之力 Lv 幺八零，180, 天罚之力 Lv 幺六零，160, 战斗精通 Lv 幺八零，180, 力量强化 Lv 幺九零，190, 速度强化 Lv 幺九零。 体质强化 LV190，丁，恭喜您获得神级技能无敌金身 LV1，丁，恭喜您获得套装雷伐灭天神使套装 LV240，准神级，丁，恭喜您击杀天骄级玩家五千四百一十四位，获得经验值，获得积分五十亿金，恭喜您成功复制 LV160 及以上的元素被动一千二百四十一种，恭喜您成功获得玄色套装五千四百零一套，准神级套装十三套，一连串的提示音直接就给林岩干懵了。 这些他天骄无一不是相当于尊皇级 boss，甚至相当于准神级 boss 的存在。其中拥有准神级套装的更是有十四个。可是现在这么多的天才居然全部死了，而且还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全部死了。一时间，林岩所获得的庞大被动，直接就让林岩的最高被动等级提升到了恐怖的 LV180 级，而且还是雷霆之力，相当于让林岩现在的最高被动等级直接提升了十一个。同时还有一套半神级的超级套装，这套装的属性可是比之前的玄色套装强大了足足四倍。 同时，这装备全套下来，对被动等级的提升足足三十四个等级。只要换上灵岩的被动，等级最高可以提升到 L V 二幺四级。不过，最为让灵岩意外的，却还是那些其他的被动。这一次，自己足足获得了一千二百四十一种被动，而且这些被动全部都是等级在 L V 幺六零以上。也就是说，这一次灵岩能一次性融合更多种类的元素了，甚至可以将这一千两百多种元素全部融合到一个技能之中。到时候，灵岩的全部技能都能直接升级为神级。至于神级以上的话，得融合了才能知晓。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天才是准备攻略神级 boss 吗？居然凑了五千多个这么强大的天才，估计这个赛区的天才这一波之后几乎都死绝了吧。林岩想到这里有些感慨，不过随即他想到了一个有些无奈的事情，那就是这个赛区的顶尖天才都死绝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被动等级想要再在一百八十级的基础之上提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甚至后面的两场考核，他似乎都没有多少好处了，这就有些蛋疼了。不过若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就可以离开这个赛区了？林岩想到这里，却是摸了摸下巴。 没好处的话，还不如升级自己的等级，这样还能获得一些好处。滴滴滴！然而就在此时，林岩的后台却是出现了一个私聊的消息。林岩有些疑惑，随后直接打开，消息是苏妙然发来的。只是消息的内容瞬间就让林岩眉头一皱，看来这一次不升等级都不行了。林岩冷然一笑，不过在此之前，得先去将邪神弄到手。随后，林岩脚下一点，直接消失在了虚空之中。嗡、哦嗯！数分钟之后，林岩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在了邪神所在的位置。 然而，灵岩才刚刚出现，复活不久的邪神就感受到了灵岩的气息。下一刻，邪神那数万亿双眼眸全部朝着灵岩看了过来。然而，在确定眼前之人就是灵岩之后，邪神王林彻底的愤怒了。对于将自己制作成亡灵的灵岩，他心中的恨意可谓是滔天。好，瞬间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声传遍整个天际，巨大的声音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仅仅瞬间就将周围的大地轰得直接塌陷下去了数万公里。轰轰轰轰，下一刻。 无数道邪神之光从那些巨大的眼眸之中爆射而出，朝着林岩轰了过来。然而，看着眼前的这些光束，林岩却是微微一笑，直接打开了自己的护盾。瞬间，所有的邪神之光全部撞在了林岩的护盾之上。嗡嗡嗡嗡！只是这些让那五千多个天骄都头疼的邪神之光，在打在林岩护盾之上的瞬间，居然全部被吸收，而那护盾只是变得更加明亮了一点罢了。也就意味着这一道攻击对于现在的林岩而言算不得什么。这威力还行，可惜还是有些弱了。林岩微微一笑。 随即，他直接打开了眼前的邪神的属性表。野怪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亡灵神级封印十分之一，等级 L V 二四零，天赋被动邪魔之力 L V 幺六零，亡灵之力 L V 幺六零，水之力 L V 幺六零，火焰之力 L V 幺六零，大地之力 L V 幺六零，生命之力 L V 幺四零，力量强化 L V 幺七零，速度强化 L V 幺七零，体质强化 L V 幺七零，血量。 一万亿金，一万亿金，星号五点八；魔力十亿金，十亿金，十亿星号五点八；攻击力五千万亿，星号五点八；速度五百万亿，星号五点八；防御力五金，星号五点八；技能熔岩巨魔降生，LV 五，玄色，可无时无刻的生产熔岩巨魔。熔岩巨魔等级最低为王级，最强大为尊皇级。邪神之光，LV 十，暗红色，邪神之眼之中瞬间爆发无数道邪神之光，被击中主人将将会被邪魔之力所侵蚀。 邪神之怒，L V 五，玄色，瞬间爆发邪神之力，对方圆一光年之内的所有人存在造成恐怖伤害。恐惧降临，L V 一，神级。当邪神陨落，恐惧领域降临，方圆一百光年内的一切都将进入恐惧领域。被笼罩之人将会经历内心最为恐惧的事物，能走出来则会承受神之一击的伤害，无法走出来将会化作生命值用来复活邪神。只有集齐了足够的生命之力才能复活。这邪神的实力让林岩眉头一挑，不得不说，这东西的属性是真的恐怖。 五点八万亿斤的血量，即使是灵岩也不可能将之秒了，除非是触发了致命一击。不仅如此，这东西的被动等级、攻击力等等都极为恐怖，怪不得那足足五千个天骄全部被杀。当然了，最令灵岩震惊的却是，即使如此，这邪神依旧不是全盛时期的实力，看样子应该只是觉醒了十分之一。不过也是，这邪神之前就说过，自己的实力可不是寻常的至强者级别。不过话说回来，天启意志，我要是杀了这邪神的话，能不能掠夺到他的被动和爆出来装备这些？ 突然，灵岩想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对方虽然强大，但是灵岩还是有把握击杀的。而且，这么一尊神级强者被自己击杀，那能获得的实力提升岂不是很恐怖？叮，此生物为您的亡灵，您将之击杀并不能爆出任何事物。可惜，面对灵岩的疑惑，天启意志却是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虽然失望，但是灵岩却也没有意外。废话，这东西可是自己的亡灵，这要是能杀了之后爆东西的话，岂不是说其他的亡灵自己也能杀了爆装备？那自己还寻找其他的 BOSS 干什么？ 直接召唤自己的亡灵疯狂屠杀，那被动岂不是蹭蹭蹭的暴涨？当然了，林岩也有可能击杀自己的亡灵，那就是自己的亡灵被天启意志选中，成为某一个秘境或者副本的主宰，这样自己下副本杀了对方，就能掠夺对方的被动和爆装备了。既然留着无用，那就直接收服了吧。林岩也是没有废话，轰！瞬息间，林岩全身突然爆出大量的血色气焰，刹那间，林岩的血量瞬间消失，只剩下了最后的一点。同时，林岩的气息也是在这一瞬间直接暴涨了恐怖的四十倍之多。 这就是升级到了玄色的以命换命，感受到灵岩的实力暴涨，邪神亡灵都是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死亡危机，仿佛眼前的灵岩能轻松击杀他一般。好、哦，邪神亡灵惊怒交加的低吼一声，轰！突然，邪神之力瞬间爆发，暗黑色的力量疯狂扩张，邪神之力很快就笼罩了方圆一光年。下一刻，无穷无尽的邪神之力开始化作一道道黑暗气流，朝着灵岩轰了过来。这一招就是之前他在死之前使用的招数，也是这一招将斯卡洛尔等人杀的只剩下了最后的十多人。 可惜，同样的招数，这一次对上的却是灵岩，没用，一点用处都没有。所有的暗黑气流在轰在灵岩护盾的瞬间，居然就被他的护盾直接吸收了。只是灵岩有急事要做，所以他没有再和邪神亡灵浪费时间，脚下猛然一踏，唰<刷>！下一刻，他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邪神亡灵所有眼睛都是猛然一缩，连忙开始寻找灵岩的踪迹。可是下一瞬间，灵岩却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头顶。元素封天，只见灵岩大手猛然按在了邪神的头顶。 这一瞬间，林岩的全身开始绽放而出无穷无尽的元素之力，这些元素之力每一种都达到了 L V 幺六零级以上，种类更是高达足足一千种。或许是因为实力提升，还有这些元素的等级都不低的原因，一千种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而如此磅礴的元素之力，直接笼罩了邪神王林的全身上下每一寸皮肤。下一刻，恐怖的封禁之力爆发，邪神王林瞬间就感觉全身的力量直接消失，甚至于他那恐怖的身躯，也是因为力量被彻底的封禁，而从天空之中开始坠落而下。轰隆隆隆！ 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天地。邪神亡灵重重地砸落在了大地之上，将方圆数百亿公里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这种程度的撞击原本是对邪神亡灵没有丝毫用处的，可是这一次他却是被封印之后摔在地上，血量足足砸的减少了数千亿斤。亡灵之力，掌控！林岩下一刻直接就将磅礴如海一般的亡灵之力灌输到了邪神亡灵的身上。好，oh, 似乎是感受到林岩要将他彻底掌控，邪神亡灵愤怒且惊恐地怒吼了起来。可惜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灵岩所爆发而出的亡灵之力磅礴无比，而随着这些亡灵之力疯狂的灌输，邪神亡灵身上的那些亡灵符文全部都是开始点亮，还在疯狂挣扎的邪神亡灵渐渐安静了下来，最终彻底没有了反抗。丁，恭喜玩家重新掌控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亡灵。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听到这里，灵岩右手虚空一抓，轰！原本笼罩在邪神亡灵全身的元素封天的能量，这一刻全部收拢，最终汇聚到了灵岩的手中，彻底的消失不见。 邪神那恐怖到极致的气息，也是在这一瞬间恢复到了全盛。只是在林岩面前，他已经不敢造次了，恭恭敬敬的趴在了林岩的脚下。看到这一幕，林岩也是微微一笑，终于算是掌控了神级的亡灵了。林岩微微感慨。对了，天启，之前我问你的时候，你说过亡灵也可以升级，那亡灵升级的条件是什么？随即林岩想起来这一茬，这邪神可是神级 BOSS，实力极为强大，短时间之内林岩可是弄不到这么强大的亡灵。可是自己等级马上就要提升了，苏妙然他们都是 LV 三百级。 现在估计都达到了 LV 三四九，自己升级自然也是要达到 LV 三四九级。LV 二百级以上升级五十个等级，提升的属性至少都是十七八倍。到了 LV 三百级以上，更是三十多倍，足足一百级的境界差距，即使只是基础属性，至少都达到了接近千倍的级别。若是邪神不升级的话，他的战斗力也就和寻常的 LV 二四零级的尊皇级 boss 差不多，对于灵爷而言没有多少的用处。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让邪神也升级。丁亡灵法师有一个技能：天灾进化。 等级最低为暗红色，拥有这个技能，所有亡灵都能跟随亡灵法师升级。不过要想神级 boss 也跟随玩家升级，需要技能等级提升为三彩。天启意志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而听到这里的灵岩顿时就眉头一皱，提升到三彩才行，这就有些难搞了呀。三彩就是玄色等级以上，要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灵岩得杀了神级 boss 才能奴役神级亡灵。那个时候灵岩的技能升级卡等级也足够将技能升级到神级了。可是这一次的邪神却是一个例外。至于这个天灾进化的话，倒是好搞。 林岩只需要使用复活卡复活一个等级在五阶左右，并且拥有天灾进化的亡灵法师天才就行了。可是林岩可以肯定，能找到一个拥有暗红色的技能的天才就已经是极限了。想要找到拥有三彩天灾进化的天才，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是有，那也不是玄色复活卡能复活的，最低也得是三彩，甚至更高等级。这让我哪里去找一个神级 boss？想到这里，林岩有些无语。叮，天灾进化的等级不够的话，亡灵也能升级，不过技能等级差一个，亡灵的等级将会差一个阶段。然而。 就在此时，天启意志却是突然提示了。这话一出，林岩顿时眉头一挑。等级差一个阶段，那不就是差五十级？也就是等自己的境界提升到了 L V 三四九，这邪神亡灵的等级最高可以升级到 L V 二九九。虽然差了五十个等级，实力比 L V 三四零的神级 Boss 弱了二三十倍，可是绝对比玄色 Boss 强大二十多倍，也不是寻常的天骄能打得过的。想到这里，林岩也是微微一笑。他倒是不在意，毕竟真的出现那种打不过的天骄也无所谓，他会出手。 先把天灾进化弄到手再说。林岩想到这里，也是没有废话，直接就将斯卡洛尔和那五千个天骄的残魂拿了出来。没错，杀玩家也能爆出来残魂。当然了，若是对方被复活的话，这个残魂做成的亡灵就相当于对方的投影，就和现如今林岩的这些亡灵一样。这些亡灵的本体那都是妥妥的超级大能，实力恐怖万分。可是现在这些存在不也照样全部成为了林岩的亡灵？他们的本体自然是不知道自己的残魂被制作成亡灵的，而这些残魂之中也有一部分本体的记忆。林岩要的就是这些记忆。 虽然只是碎片，但是五千个天骄估计也够林岩找到几个亡灵的天才了吧？想到这里，他直接就将五千多个残魂全部冲入到了地狱之门之中。轰！刹那间，一道道残缺的记忆就像是洪水一般的朝着林岩的脑海之中涌现过来。一瞬间，林岩的脑海之中就多了很多这个世界只属于顶尖强者的秘密。虽然这些信息也是残缺的，但是也是让林岩对这个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过这些林岩现在都不在意，他最在意的是这些天骄的脑海之中有没有关于他想要的亡灵法师的讯息。 他开始在这些记忆之中搜索了起来，果然，这些天骄知晓的东西就是多。很快，林岩就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寻找到了很多超级亡灵法师的记忆。另外，就是林岩还从这些天骄的脑海之中找到了三个空间系天才的记忆。之所以是三个，那是因为其他的七种空间之力，在这五千个天才死的时候，林岩就已经收集到了，而且等级都是达到了 L V 幺六零级以上。只要再将这最后的三种空间系的被动弄到手，那就意味着林岩将可以彻底融合出真正的空间之力。届时，林岩的实力将会迎来巨大的提升。 至于亡灵系的天才，林岩也是很快就寻找到了三个适合的目标。这三个都是天骄级别的天才，其中最为强大的一个更是拥有 R R S 的天赋等级，亡灵之力达到了 L V 幺二零级。没错，就是 L V 幺二零级。不过，即使只是 L V 幺二零级，这亡灵法师的亡灵等级也比林岩强大的多。毕竟此时林岩的亡灵等级连一百级都没有达到。而这个天才曾经在三千多亿年前的一次宇宙强者战之中，和林岩一般，将五阶赛区的天骄足足抹杀了三分之一。 虽然比起灵岩直接抹杀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才好了一些，但是这天才是因为找不到剩下的天才，所以才没有将剩下的杀了。只不过等待他的结果也很惨，在天才战的第三轮被五阶赛区的一个顶尖天骄抹杀。毕竟不是所有的亡灵法师都和灵岩一般本身实力那么恐怖的，而对方就拥有灵岩想要的天灾进化，而且还是玄级。因为这个天才的恶劣行径，被抹杀的那些天骄后台家族全部都放话：只要此人敢复活，将会追杀到天涯海角。而这个天才因为没有过硬的后台。 加上这种恶劣行径也被自己所在的宇宙国所抵制，因此最终还是没有人将其复活，算是彻底的陨落了。看到这里，林岩嘴角一抽，好家伙，这才杀了三分之一就被这么多的宇宙国抵制，那我这几乎全灭，岂不是要被全部宇宙国追杀？林岩看到记忆的这里，顿时就懵了。然而与他想的一般，此时此刻，整个人族宇宙区的所有人彻底的沸腾了。排行榜第一的林岩突然暴涨了五十亿斤的积分，同时那五千个天骄的排名全部在短短的几秒时间里全部消失。要知道。 这些天才都是排行榜前一万名左右，五千个消失，相当于排行榜上的人瞬间少了一半。因为聊天功能没有屏蔽，因此这里发生的一变，仅仅只是瞬间就传遍了整个人族宇宙区的所有文明。只要是星域以上的文明，就没有不知道五阶赛区发生的大事。毕竟这一次的考核，每一个文明都有人。整个人族宇宙区，甚至其他的宇宙区，都是被五阶赛区的事情弄得轰动了。这灵岩到底是谁啊？怎么会多出来五十亿斤的积分？按照各个赛区的情况直播来看，这五阶赛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神级 BOSS。 而斯卡洛尔和那五千个天骄似乎是组队了去攻略这神级 BOSS，并且成功了。因为我看到斯卡洛尔他们死之前，所有人的积分都暴涨了几百万到几千万金不等的积分。可是下一刻，这些人都全部死了，积分也全部腰斩到了林岩的手上。也就是说，这个叫林岩的趁着斯卡洛尔他们将神级 BOSS 击杀之后的虚弱期，将五千个天骄全部杀了。对，肯定是这样，这样才能解释这些积分的情况。死一个人击杀五千个天骄，即使全部都是虚弱期，那也不是一般的天骄能做到的呀。 而且斯卡洛尔他们也不可能那么弱，就被一个人随随便便就偷袭了。不错，这林岩绝对是顶尖之中的顶尖天骄。只是即使如此，他偷袭杀死了这么多的天骄，算得上是一次性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宇宙国了吧？是啊，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林岩能拜入一个 LV 两千级的大佬，亦或者至强者为师，要么就是有这种强者作为后台，不然的话，等他比赛结束，估计就是他的死期了。这人是真的狠啊！整个五届赛区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天骄都被他杀光了。一时间，林岩这个名字。 几乎被所有文明的人知晓。在莫斯特文明，莫斯特大帝看着论坛之上关于灵岩的讨论和猜测，整个人都是骂了。不是，这灵岩怎么会这么强？莫斯特大帝心中骇然到了极点。他原本以为灵岩虽然天赋强大，但是最多最多也就是一个 R S S S 的天才。然而现在事实却是啪啪啪的打他的脸。这哪里是 R S S S 啊？估计得达到 R R 了吧。若是能达到 R S S 的话，就是自身的被动等级超越了 L V 二百级，拥有了至高之姿的至高天骄。 至高天骄，即使整个人族宇宙区都已经足足数百万年没有出现一个了。而莫斯特大帝此时惊恐的却是自己的弟子好像还和林岩在一起。这要是林岩随便带他杀一些玄色 BOSS 的话，怕是也要被那些宇宙国的顶级世家盯上。到时候他小小的莫斯特文明哪里承受得住大佬的威势啊？想到这里，他有些绝望了。而林岩也是大致猜到了后果，可是这于他而言有什么关系吗？对他动手，他有重生，大不了先去其他的平行世界躲着。 等自己彻底掌控了穿梭平行世界的能力之后，回来报仇，对他人族动手，那也无所谓。人族即使死绝，他大不了将所有人全部复活。复活次数用尽，那就用更高级的复活卡复活。只不过这样一来，等待这些宇宙国的，那就只有灵岩疯狂的报复。拥有无数平行世界作为后盾的灵岩，完全可以在其他平行世界疯狂的发育。等他归来的时候，就是这些宇宙国灭亡的时候。当然了，他也相信以自己的天赋，肯定会有至强者看上。到时候莫说是他，只是杀了一个赛区的天骄。 就算是将所有赛区的天骄都杀了，照样没有人敢说什么。即使其他至强者的弟子也在其中，也一样，没有一个至强者会为了自己的弟子和其他的至强者不死不休。而现在，灵岩提升实力才是王道，因为接下来进入到七阶赛区，等待他的依旧是一场大屠杀。随即，灵岩看了一眼自己的后台玄色复活卡数量，之前死了五千个天才，每一个人爆出来了三张玄色复活卡，已经一万五千张了。这么多，足够自己复活一个 R r 的天才了。但是要想复活 R s 的天才，却是没办法了。 这个等级的天才需要的是神级复活卡，就比如斯卡洛尔这个等级的天才，虽然天赋极为强大，但是因为需要神级复活卡，因此除非是后台极为硬、拥有 LV 两千级的超级强者，不然的话这辈子都不可能复活的。天启，给我复活三千亿年前暗黑星系的卡尔萨斯。林岩平静的开口了。卡尔萨斯是一位 R 二的超级亡灵天才，亡灵之力达到了 LV 幺幺零级，虽然比不上那位 LV 幺二零级的超级天才，但是也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天才。 而且这一位也是在八千亿年前的一次宇宙强者战之中掀起了大屠杀的超级天才，可惜他运气不好，第一轮的大屠杀之中就被一位至高天骄抹杀了。丁，您是否复活？L V 二四九级玩家卡尔萨斯，复活期需要玄色复活卡星号幺零零零零。一声提示音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复活，林岩说道。嗡，下一刻，林岩背包之中的玄色复活卡直接少了一万张，这些复活卡全部化作一道道流光，朝着前方汇聚而去，耀眼的玄色光芒渐渐汇聚成型。 最终，一个形同枯狗、皮包骨的少年出现在了林岩的面前。少年缓缓地睁开双眼，那一双阴郁的眼睛朝着周围扫视了一圈，发现眼前只有一个林岩之后，最终咧嘴一笑：“居然还有人敢叫我复活？说吧，要我做什么？放心，我没有什么原则，杀人放火、毁灭文明，只要你一句话，我都会帮你做到。”卡尔萨斯阴冷地笑了。他之前得罪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准备在宇宙强者战之中寻找一个靠山。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在第一轮就遇到了一个超级天才。他的亡灵实力非常的强大，毕竟拥有玄色的亡灵技能。 同时还有 L V 幺二零的亡灵之力，他的那些亡灵实力同等级比林岩的都要强大不少。但是可惜的是，即使是在强大的亡灵，终究只是尊皇级的 boss，比起神级 boss 的差距不可谓不大。对上一般的天骄倒是能屠杀，但是若是遇上的是斯卡洛尔那种屠杀尊皇级和土狗一般的顶尖天骄，就有些困难了。而最终击杀他的那一位，更是连神级 boss 都赶上去锤的之高级天才，他的那些亡灵和纸糊的一般，对对方没有产生一点伤害，最终没有一丝一毫的还手余地就被诛杀了。 若是他能成功活下来的话，他有七成的把握，自己绝对会被人族的亡灵系 LV 两千级强者看中。他早就打听过，那一位也是一个嗜杀成性的强者，每一个弟子都是用人头堆积起来的。而且那一位在他活着的时候，从数千亿年前就开始着手吞噬宇宙的亡灵本源之力。只要成功，对方就是亡灵至强者，其实力之强大，就算是在所有的至强者之中都能排得上号。可惜，一切都随着他的死没有了下文。而现在，居然有一个不知死活的少年复活了他。他清楚。 能复活自己的，绝对是想要自己做一些不干不净的事情的人。他想要复活，也将不择手段为对方做任何的事情。你果然上道。林岩听到了对方的话，也是忍不住笑了。卡尔萨斯一听，顿时就嘴角微微上扬。既然如此，那我就请你先死一次。看着眼前的卡尔萨斯林，林岩嘴角微微上扬。这话一出，卡尔萨斯懵了，让他再死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啊？然而没有等他回过神来，林岩的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头上。轰！下一刻，无尽的雷霆爆发，雷霆瞬间就笼罩在了卡尔萨斯的全身。 剧痛瞬间席卷了卡尔萨斯全身，啊！一声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天地。在这惨叫声之中，卡尔萨斯彻底的化作了灰烬。丁，恭喜玩家击杀玩家卡尔萨斯，获得经验值。丁，被动掠夺成功率提升一百亿倍。恭喜玩家获得被动亡灵之力 LV110，力量强化 LV180，速度强化 LV180，体质强化 LV180。丁，恭喜玩家成功获得套装嗜血亡灵套装 LV240 级玄色。 获得技能天灾进化 L V 十玄色，使用之后，任何尊皇级以下的 boss 都可以跟随玩家升级等级，并且获得经验值加成一百六十倍。亡灵自爆 L V 十玄色可自爆所有品级的亡灵，尊皇级以下亡灵自爆之后可造成此亡灵权力一击的百分之一千，神级 boss 自爆可造成权力一击百分之五百的威力。随着卡尔萨斯死亡，一连串的提示音也是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听着这个提示音，林岩也是眉头一挑，这天灾进化也可以升级等级，只是这等级看来是可以提升经验值加成。 一百六十倍的经验值加成，那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所有亡灵升级起来所需要的经验值都很少。毕竟自己的亡灵大军这么多，要是升级需要的经验值都和同等级的玩家一样的话，自己想要将亡灵大军全部升级到和自己一样的等级，估计得消耗不知道多少时间。不过令林岩意外的却是，这个名为“亡灵自爆”的技能，居然连神级 BOSS 都能自爆，而且还能造成五倍的威力。这威力怕是都能将同等级的神级 BOSS 秒了吧？亡灵系果然每一个技能都是极为强大的。不过别人可是没有我这种杀一个 BOSS 就能百分之百获得其残魂的能力。 所以每一个高等级的 boss 都是极为珍贵的，一般情况下怎么可能会舍得自爆？林岩感慨，从那些天才的记忆之中，他得知了，这卡尔萨斯生前成为 LV 二四九级已经足足数百年的时间了，就是一直在叠加自己的尊皇级 boss。可是数百年的叠加，他的尊皇级 boss 却也只有区区二十多尊，而那半部神级的超级尊皇级 boss，他却是没有实力将之炼化成亡灵，因为每一次炼制亡灵失败，亡灵法师都会被失败的亡灵抽取大量的生命之力。卡尔萨斯仅仅只是尝试过一次半部神级的 boss，就把自己吸成了人干。 并且被那亡灵追杀了好多年，才好不容易将对方斩杀。要是再来一次，卡尔萨斯绝对死定了。不过即使如此，以这二十多尊实力强大的亡灵尊皇级 BOSS，他依旧能在整个五阶赛区掀起血雨腥风。而现在，林岩不过只是几个小时，就已经积攒了一千多尊尊皇级 BOSS，同时还有五千个每一个都能单杀尊皇级的超级天才亡灵。其中斯卡洛尔的实力在提升了五倍之后，林岩估计斯卡洛尔的亡灵都能单挑一般的神级 BOSS 了。不对，不是五倍。此刻随着林岩的被动等级提升到 LV 幺幺零级。 即使是尊皇级 BOSS 灵岩也能加持六点八倍了，接近七倍的实力强化，足够让斯卡洛尔的实力碾压寻常的神级 BOSS。至于爆出来的嗜血亡灵套装，灵岩看了一下，却是一套能提升亡灵之力的套装，当然没有达到寻常玄色套装 LV 三十级的提升，但是也达到了足足 LV 二十级的提升。但是灵岩的亡灵可不是他的最强实力，他的亡灵不过只是他用来刷怪用的，他真正强大的还是自身的实力。灵岩的本身实力比亡灵可是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所以。 这套装灵岩也没有必要使用。天启复活玩家，虚空宇宙国苏卡，玄冰宇宙国斯罗法尔，晴天星域秦洛皇。随后，灵岩再次对着天启意志开口了。这三位每一个都是灵岩缺少的三种空间系职业的超级天才，等级均是达到了 R 二级，一人正好需要一千张玄色复活卡，被动等级也是 L V 幺五零级以上。丁，即将开始复活。天启意志也是没有废话，直接扣出了灵岩足足三千张玄色复活卡。嗡嗡嗡！刹那间，耀眼的光芒涌动。 渐渐在林岩的前方汇聚成三个人影。这一次，林岩没有和他们废话，在他们复活的瞬间，刚刚睁开眼睛就将这三人直接抹杀。毕竟，这三人终究都要死，说多了有什么用？丁，恭喜您成功复制被动，瞬移之力 LV 幺五五，储存之力 LV 幺五九，镜像之力 LV 幺五八。丁，恭喜玩家，您成功集齐传送、瞬移、虚空、破碎、闪烁、扭曲、储存、切割、封锁、镜像十种空间之力，并且等级全部达到了 LV 一百级以上。 是否融合升级为究极元素空间之力？融合成功，您将获得被动空间之力 Lv. 幺六九。而随着十种空间之力全部被灵岩集齐，他也终于可以获得空间之力了。看着这个提示音，灵岩沉默了。之前系统说要集齐所有被动，并且达到 Lv. 一百，我还想着我短时间之内估计是不可能集齐了。没想到在这宇宙强者战之中，居然这么快就将所有的空间之力弄到手了，真是世事无常啊！灵岩心中忍不住感慨。融合，他随之下达了命令。轰！而随着他话语刚刚落下， 一股玄妙的力量突然从四面八方开始涌了过来。下一刻，在这无尽的空间包裹之下，灵岩仿佛和周围的空间融为一体。一瞬间，方圆一万光年之内的一切，他都仿佛看在了眼中。然而，就在灵岩和周围空间融合的时候，主宇宙无尽虚空深处，一座通天彻地的恐怖神塔却是突然感应到了什么。嗡嗡嗡！虚空塔开始疯狂的颤抖了起来。而在考核空间之中，虚空至强者原本正在和其他的几百个至强者密切关注着这一次的考核，但是下一刻。 他却是突然脸色大变，这是怎么回事啊？虚空至强者瞳孔一缩，连忙选择了脱离天启意志打造的这一个考核空间。而其他的那些至强者看到虚空至强者如此焦急，直接消失的样子，均是愣住了。虚空至强者是一位顶级至强者。何为顶级至强者？这就又要提起元素之力的等级了。天地间一共三千种元素，而所有的被动其实都是由这三千种元素演化或者融合而成。这个之前都说过，元素也分为等级，虚空之力就是顶级元素之一。 不仅是虚空之力，十种空间属的空间元素都是顶级元素。以这种元素成就至强者，那就被称之为顶级至强者。若是以雷霆这种高级元素成就至强者的话，就是高级至强者。以此类推，而整个人族宇宙区最为强大的就是顶级至强者，因为顶级之上的究极元素，甚至就连觉醒、领悟、掌控的人都没有几个。要知道，这些究极元素，即使是最低的 L V 一，那都是 r S 级以上的天才。而任何元素想要融合宇宙本源，都需要达到 L V 二百级。没错，即使是究极元素也是如此。 L V E 都是二十级，这 L V 二百有多恐怖，无人知晓。因此，由此也可以见得，作为仅次于究极元素的顶级至强者，想要达到 L V 二百级并且融合虚空本源有多么的困难。可是，虚空至强者做到了。因此，此时的他在整个人族宇宙区，那都是排名前五的超级天才。这一次的宇宙强者战，就是因为他的一句话而已。现在对方居然如此失态，那绝对是发生了整个宇宙都有可能动荡的大事件。可是，这些至强者，即使是其他几个顶级至强者，都追不上突然离去的虚空至强者。 看来只能等对方主动说了。而离开了考核空间的虚空至强者，也是直接跨越无数层宇宙空间，来到了宇宙空间壁垒的最深处。宇宙壁垒可以看作一个鸡蛋，宇宙有无数层壁垒，而每一层大小都和宇宙本体那么大。这些壁垒重叠在一起，越深的宇宙壁垒就越发的坚硬。寻常一些玩家，只要是掌控了空间类的异能或者空间类的技能，就能破开一两层的虚空。可是要使用纯纯的力量破开主宇宙的第一层空间，那就需要力量达到 LV 一千级强者的标准。 而现在，虚空至强者所在的宇宙最深处，即使是宇宙之中的那些顶级至强者都无法来到这里。这也是为何从未有人知道虚空至强者到底藏了什么秘密的原因。然而，来到最深处的宇宙虚空之中，一股恐怖的空间威压就朝着虚空至强者碾压了过来。猝不及防的虚空至强者直接就被这恐怖的空间之力轰中，刹那间，他的神体一阵扭曲，仿佛要被从这个世界抹除。好在虚空至强者惊骇之下，连忙使用了虚空之力将自己的身形稳住。他惊恐地朝着虚空深处看去。 却见那一尊巨大的虚空塔，此刻正在疯狂的颤抖着。传承之人出现了，还是说传承之人出了什么问题吗？为何虚空塔会出现这种异变？看着疯狂颤抖，不知道是在愤怒，是在恐惧，还是在开心的虚空塔，虚空至强者心中惊骇万分。可是他只能远远的看着，连上去的勇气都没有。他距离这么遥远，都差点被打死。若是距离近一些，再被打中，绝对活不下来。前辈，请你给我一些提示。无奈他只能恭敬的朝着远方的虚空塔行礼。可是这一次，虚空塔依旧在颤抖，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当然了，这里发生的异变，灵岩自然是不知道。此时的他，还闭着双眼，在感受着周围的空间。这就是和空间融合的感觉吗？灵岩感受着一万光年之内的所有事物，眉头微微一挑。他拥有大量的亡灵，虽然能地毯式的搜索方圆一万光年内的事物，但是事实上，一万光年内还是有几乎九十九点九九的地方，灵岩都无法探查到。一万光年啊，这可是一万光年啊！他的那些亡灵数量虽然恐怖，可是对比一万光年却是太少了。他们的亡灵，即使是全部放在一光年之内。 相互之间隔着的距离都极为如同天堑，而现在林岩却是能清楚的感知到方圆一万光年之内的一切事物。在这范围之内，林岩瞬间就寻找到了很多之前自己没有找到的玄色秘境，数量之多是林岩找到的至少十倍。丁，恭喜玩家成功获得被动空间之力 LV 幺六九，您的虚空瞬闪进化为虚空穿梭，获得技能空间感知，虚空穿梭神级，只有拥有空间之力才能使用。调动空间之力，可穿梭于本宇宙内任何地方，此技能无法提升等级。 但是可以提升品质，可升级为大虚空穿梭术，可在各个宇宙间穿梭。空间感知 LV 一神级，使用空间之力可以感知到方圆一万光年内的一切事物。随着实力提升，感知范围也可随之提升。与此同时，三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听到这些提示音，林岩眉头一挑，两个神级技能，而且虚空穿梭居然还能升级为大虚空穿梭术，可以瞬移到其他的宇宙，这就有些恐怖了。不过神级技能要想再升级，那就需要超越神级的神级卡才行。 可是现如今，林岩连神级技能升级卡都没有，自己的亡灵又不能杀，看来只能等看看后续的两轮考核之中有没有神级 BOSS。当然了，即使是没有神级 BOSS，那也有可能遇得到那种被动等级在 LV 二百级以上的至高级天才。这种天才相当于神级 BOSS，杀了之后就能获得神级技能升级卡，甚至神级装备了。算了，先不管这些，超越神级的升级卡终究还是会有的。还是提升赛区，先解决眼前的事情再说。林岩没有多想，天启学习所有技能，另外给我升级等级，升级到 LV 三四九级。 并且同步升级我的装备等级。林岩缓缓地开口了，此时的他实力大涨，的确是时候离开这个赛区了。丁，请注意，您的等级已经达到五阶极限，升级的话将会升级您所在的赛区，并且所有五阶的积分将会清零。目前第一轮考核时间只剩下十个小时，是否确认升级等级？听到林岩的话，天启意志也是做出提示，确认。林岩没有废话，清零就清零吧。于他而言，十个小时足够他将自己的积分排名提升到七阶的第一了。丁。 接受指令，开始升级您的境界。叮，您的装备雷伐灭天神使套装等级开始提升，因为是准神级套装，每提升五个等级，消耗四百张装备升级卷轴。轰！刹那间，一股恐怖的力量疯狂的涌入到了林年的全身上下。这一瞬间，无穷无尽的力量如同洪水一般的涌入到了林年的身体之中，林年的全属性也是开始随之暴涨，十倍、五十倍、一百倍、五百倍。这一次因为升级一百个等级。 再加上连装备一起升级，灵岩的全属性直接暴涨了七百多倍。若是将高等级的玄色的全属性果实都服用的话，灵岩的实力相当于直接暴涨足足一千倍。随即，灵岩打开了自己的属性表。属性表：姓名灵岩，种族人族，职业被动掠夺师，气运之子，等级 L V 三四九，二百四十五万亿金，力量两千万亿 L V 幺九零星号二百万倍，敏捷两千万亿 L V 幺九零星号二百万倍，体质两千万亿。 Lv 幺九零星号二百万倍，灵魂两千万亿，天赋被动断尾求生 Lv 六四死亡归来实力提升百分之四千二百，空间之力 Lv 幺六九星号二十四万倍，雷霆之力 Lv 幺八零三十四星号幺零四零万倍，亡灵之力 Lv 幺幺零星号三四倍至四千倍，强化精通 Lv 三七一千二百四十一万二亿，强化上限 Lv 七四，技能以命换命 Lv 十玄色八十倍，虚空穿梭 Lv 一神级无消耗。 可穿梭于宇宙之中任何地方，即一次穿梭一百万亿光年。地狱神皇塔 LV 十玄色，三百二十倍伤害，献祭所有生命值可爆发七百二十倍的持续伤害。灭世法相 LV 十三彩，七百二十倍。空间灭神斩 LV 十三彩神级，催动一千种 LV 幺六零及以上的元素之力爆发的毁灭一击，可造成七百二十倍的综合伤害。若是融合空间之力，技能威力翻倍，并且斩断空间，将敌人打入虚空乱流之中。装备。 雷伐灭天神使套装 LV 三四零准神级，雷霆系，天罚系，伤害加成百分之八千，被动等级 LV 十七，回魔回血一百万 ES，破甲破魔效果百分之五千，能量积攒百分之零。冰火邪帝之眼，红色，火焰，寒冰，同术等级 LV 五，受宠三头地狱雷龙，帝王级 LV 二百，200, 金钱六千六百三十五万金星元。灵岩此刻的属性表与之前相比，几乎是天差地别，与刚刚开始这一次的考核之前，套装的升级还有等级的提升。 让林岩的属性点正好提升了足足十万倍，毕竟等级也是提升了足足一百四十九级，即使是等级提升的属性点都是在接近万倍。叮，您的等级已经达到七阶，开始赛区传送。而就在此时，一声提示音随之传来，林岩的身形也是消失在了原地。不过林岩的消失却是让在五阶赛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因为他排行榜第一那恐怖的五十亿金积分一瞬间全部清空，而林岩的名字也是随之消失。而这样的异变自然是引起了几乎所有正在关注五阶赛区之人的注意，不仅是赛场之内，甚至是赛场之外。 乃至整个人族宇宙区都是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叮，本赛区神级 BOSS 已经驱逐出本赛区。与此同时，一个提示音也是传遍了整个五阶赛区。这一下更是沸腾了。林岩的名字怎么不见了？还有神级 BOSS 怎么被驱逐出赛区了？积分清空，名字消失，这是死了才会出现的事情啊！也有可能是提升赛区了？不可能，宇宙强者战期间就没有出现过提升自己赛区的事情。那一个五阶天才不是在五阶这个阶段苦苦挣扎了数十乃至数百年，才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了五阶之中的佼佼者？ 这要是升级赛区，那他的综合实力比起同等级的天才，绝对是大幅度减弱。没错，不说别的，就说那属性果实，要培养一个五阶的天骄，需要的属性果实极为庞大。若是贸然提升，那玄色果实肯定跟不上。即使是他早就准备好了，但是那装备等级也需要提升吧？装备等级升级卷轴价格如此昂贵，况且这灵岩实力远超斯卡洛尔，那他的装备很有可能是神级。神级的装备等级，神级卷轴一份的价格比一套神级装备都要贵，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将装备等级更上？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即使只是斯卡洛尔这样的天才，装备都是准神级，想要升级起来需要的资源如同海洋一般浩瀚。而林岩这种虽然是偷袭，但是妥妥的击杀了五千个天骄的超级强者，他的装备最低也都是准神，甚至有神级。他升级赛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蠢到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可是，难道他真的死了？五阶赛区之中，什么人能杀了他？即使是另外两位五阶赛区的超级强者，都无法将之击杀吧？卧槽，来新的消息了，斯卡洛尔被雷霆至强者的弟子雷霆至尊看上了。 并且使用神级复活卡将他复活了，并且他在临死之前公布了那神级 boss 的属性。那神级 boss 是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而且还是亡灵，而且他的终极大招居然能复活。同时，斯卡洛尔也解释了，他们全部都是被神级 boss 杀的，并不是那个什么灵岩，只是不知道为何积分会全部算在了灵岩的头上。什么？亡灵？这怎么可能？神级的亡灵？我懂了，我懂是怎么回事了。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我听说过，在我们烁金宇宙国有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的玄色副本。 这邪神是所有克苏鲁邪神之中唯一一个被封印的存在。按照击杀过他的天才曾经说过，这个秘境有可能爆出来他的神之本源。这灵岩一定是一个亡灵法师，也只有亡灵法师才能在如此快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现如今的程度。而他在击杀了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之后，爆出了对方的邪神本源。这小子肯定是想要用这邪神本源将邪神神级为神级亡灵，这样他几乎无敌呀、啊！可是谁知道邪神失控，所以之前天启一直都说过了，第一轮没有神级秘境，但是却出现了神级 BOSS。原来这神级 BOSS 是灵岩的亡灵。 怪不得之前原本就差点带着一百个队伍攻略下来寻常神级 BOSS 的斯卡洛尔居然失败，原来是因为亡灵的原因。卧槽，楼上这分析是真的严谨啊！你他妈是不是看剧本了？若是真的如此的话，真相就是林岩召唤了神级 BOSS 亡灵，可是对方实力太过强大，失控了，林岩只能跑路。之后这神级亡灵疯狂追杀他，斯卡洛尔他们不知道，还冲上去攻略，最终和这邪神亡灵同归于尽。可是这邪神的大招可以复活，因此现在的情况就是。 那林岩被复活之后的邪神找到，然后被击杀了，所以他的积分和名字才消失。至于这邪神被驱逐的原因，应该是自古击杀了主人的亡灵都可以自己存活，并且自己升级。而他击杀了那么多的天才，经验值早就够升级到 L V 二五零级以上了，所以被驱逐出赛区了。而他自身又不是玩家，所以若是我没猜错的话，现在人族宇宙区的某个地方应该是出现了一尊神级的野生 boss。那也就是说，这林岩的实力虽然强大，但是其实也就是寻常天骄级别，或者最多最多也就达到斯卡洛尔级别。 只是因为是亡灵法师，所以才刷玄色 boss 那么快。哇，又出现了这种天骄级别的亡灵法师，最无解。之前出现过好多个杀神，都是一个灭了几百甚至几千个天骄。这一次的灵岩更狠，居然灭了五千多个。虽然他也是走了狗屎运才杀了那么多人。嘶，听着你们分析，我怎么感觉事实就是如此？分析有理有据，大神给跪了。预言家刀了。整个宇宙之中人数无穷无尽，自然是有无数种猜想。而之上的这个猜想，因为极为合理，被选入到了十大最合理的解释之中。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猜想几乎已经和事实一模一样了。不过所有人都知道的却是，林岩是死了，而且林岩的实力也远没有他们想象之中的那么恐怖。当然了，这一切林岩都不知晓，因为此时的他已经随着一阵传送，出现在了一片高耸入云的巨大树林之中。周围的树木之高大，万米的随处可见，稍微高的一些树冠更是比地球都要庞大数倍。至于更加高大的，同样数不胜数。只是这些都不是林岩在意的，这种奇观在天启大陆之上实在是太常见了。 先找到苏妙然他们再说。林岩眼眸一闪，随后拿出来了一个坐标。这个坐标是之前苏妙然给他发消息的时候附带的。算算时间，距离消息发送过来已经快十分钟了，应该赶得上。林岩想到这里，脚下微微一点，整个人瞬息消失在了原地。七阶赛区，时间回到十分钟之前。十分钟前，距离林岩足足三百万光年之外的一个秘境深处，苏妙然和塞西利亚守在一个浑身被耀眼光芒笼罩的光球旁边。这个光球之中，不是别人，正是林默然。 不过，同样的是，在林墨染的旁边，还有一个高达数百万米的恐怖光明巨蛋，正在吞吐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整个秘境之中的所有野怪，均是被这巨蛋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压制的瘫倒在地上，无法动弹。即使是这个秘境的终极 BOSS，一尊圣王级的强大 BOSS，好在光芒被这个秘境的屏障所隔绝，所以外界的人根本就看不到这个秘境之中发生了什么。而在秘境之外，则是被无尽的魔能之力所笼罩，整个秘境都被包裹在其中。这一看就是塞西利亚的手笔。这样一来，强大的玩家就会知道。 这里被强者所占据了。面对同样强大的存在，没必要来抢这么一个红色的秘境。而那些弱者，即使是想要进来，也进不来。妙然姐姐，该不会出事吧？塞西利亚有些担忧的看着林墨染。就在刚刚，林墨染他们一起攻略这个红色秘境。区区红色秘境，即使是现如今的塞西利亚一人，估计都能单刷。只是没办法，塞西利亚和林墨染虽然都能单刷红色秘境，但是对于暗红色秘境还是束手无策。即使是天赋被林岩提升到了 R S S 的林墨染一个人也没办法。不过就在刚刚，林墨染受到了林岩发送过来的一个卷轴。 顿时就激动的和两人说了一声要转职，之后就就得开始了自己的转职过程。然而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转职居然如此的缓慢，最少都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行。无奈两人只能将整个秘境封锁，防止有人打搅林默然转职。应该不会，林岩给的东西不会出问题。苏妙然也是眉头一皱，随后认真的开口了：“林岩给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对林默然造成任何伤害，不然林岩也不可能送过来。可能是因为这一次转职的等级太高的缘故，所以才这么缓慢吧？那就只能等着了。” 反正现在我们积积分应该是够进入第二轮了。塞西利亚听到这里，无奈的说道：“因为有林墨染带，加上他们的等级都提升到了 LV 三四九，所以他们的积分提升的很快。”轰！然而就在此时，异变突然发生，整个秘境，确切的说是秘境之外，塞西利亚笼罩的魔能屏障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撞了一下。这巨大的力量让整个秘境都是颤抖了起来。出什么事了？感受到这巨大的颤抖，两女均是脸色一变。不好，有人在攻击我的魔能护盾！塞西利亚脸色有些难看的说道：“她已经感受到。” 那护盾马上就要破碎了，偏偏是这个时候，我已经联系了林岩，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来到。苏妙然看着已经到了转职临界点的林默然，脸色有些凝重。走吧，先去看看。姐姐还没转职结束，不能让他们进入副本。塞西利亚深吸一口气，随后凝重的说道，随后直接冲天起，朝着护盾被攻击的位置飞去。苏妙然也是跟了过去。只要被人进来，这些人看到一颗正在孵化的宠物蛋，绝对不可能放弃。这宠物蛋一看等级最低都是尊王级，甚至更高，别说是寻常的天才了。 就算是天骄级别的天才来了，也不可能抵得住诱惑。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人阻挡在外界。两人很快就冲出了副本，随后从魔能屏障之中飞了出去。然而，两人刚刚飞出去，就见到了一大群人正在疯狂的攻击屏障壁垒。而在这些人的最后方，一个少年则是老神在在的坐在一头巨大的巨龙头顶，周围还有一大群美艳的少女在伺候他。一看就知道是某个大家族的少爷出来历练的。两人刚刚出来就被少年看见了，看到苏妙然和塞西利亚的瞬间，少年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这种地方居然还躲着两个如此美女。 这一次值了呀！少年顿时就激动了，一把推开身旁的女子，站了起来。嗡、oh.！一阵耀眼的金光从少年身上绽放而出，下一刻，他的身形化作一道金光，快速飞到了塞西利亚和苏妙然两人面前。两位小姐，本少是烁金宇宙国伊利亚特家族少主伊斯塔穆尔，不知道可否有幸认识一下两位小姐？伊斯塔穆尔一脸笑意的看着两人，表面之上虽然看上去极为温文尔雅，可是从他那淫邪的目光就能看出来，这人心中估计在想别的什么。我们没有兴趣和你认识，这个副本已经被我们占据了，还请你们离开。 塞西利亚冷冷的开口了：“烁金宇宙国一个家族的少主，这个名头看上去挺唬人的。可是看着所谓少主带着的这些手下，打了一天都没有把自己的护盾打碎。这所谓的家族，怕是一个垃圾家族，甚至塞西利亚估计连他们莫斯特文明都远远不如。因此，他语气丝毫不给面子。而伊斯塔穆尔听到之后也是不恼。两位小姐或许不知道我伊利亚特家族，我伊利亚特家族可是烁金宇宙国一流家族，拥有十二阶的老祖。两位，我看你们应该是某个星域文明来的吧？”伊斯塔穆尔笑着开口了。 而听到他说居然拥有十二阶老祖之后，塞西利亚顿时就眉头一皱。十二阶老祖，对方家族居然有这等强者。十二阶等级在 LV 幺四零零级以上的强者，这种强者想要灭了他莫斯特文明，只需要一句话。你莫不是在开玩笑？哪个十二阶家族的少主带着的手下实力这么弱，连我的一个护盾都打不碎的？你该不会是旁系吧？塞西利亚很快就回过神来，冷笑的开口了。只是他的话似乎是戳中了伊斯塔穆尔的痛处，他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他虽然不是旁系，但是也是一个私生子。 而且天赋极低，只是达到了 R S 级，这天赋放在任何一个低级星域文明都能称之为天才了。可是，若是作为十二阶家族的少主，那就是废物级别了。这个等级的家族少主，最菜都能达到 R S S S 级以上的天赋。废物到家族，甚至舍不得花一分钱给他购买转职卷轴升级天赋。也正是这两重身份，他并不被家族承认。若不是伊利亚特家主，也就是他老爹没有儿子的话，他也不可能被家族接回去。可是即使接回去了，也没有人承认他少主的身份。好好，很好，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中低星域文明。 居然也敢对我不敬！伊斯塔穆尔脸色阴冷，怒极反笑。他就算是再落魄，也不至于被星域闻名来的天才嘲讽。不清给我把他们两个抓回来，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突然，伊斯塔穆尔朝着空气大喝一声。他的话一出，苏妙然和塞西利亚均是眉头一皱。难道周围还有什么强者？不清这个名字好像有些耳熟啊。而且这伊斯塔穆尔是如何知道他们只是一个中低等级星域来的人？嗡、哦！就在此时，周围的空间开始一阵扭曲。 随后，一个面色惨白的少年瞬移出现在了几人的面前。你确定只要抓了他们，就把东西给我？少年也就是不轻，在看到眼前的苏妙然还有塞西利亚之后，眼神冷厉的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伊斯塔穆尔。没错，我说到做到，只要你把他们两人给我抓过来，我马上就把你要的东西给你。伊斯塔穆尔冷笑的开口了。等等，不轻，你是排行榜第一的那个不轻？然而此时，苏妙然终于是想起来了，眼前之人的名字，他为何有些熟悉？什么？他就是不轻？塞西利亚也是脸色大变。 七阶的天骄级天才自然是比五阶的要多，毕竟高了两个阶段，寿命也是多了足足十倍，而十倍的寿命也就意味着天才数量也是差不多十倍。在七阶能达到排行榜前五万的，几乎都是天骄级别的超级天才。眼前的步青却是能在如此之多的天骄之中稳稳的成为排行榜第一，那其实力绝对恐怖无比。没错，眼前的步青正是整个七阶赛区积分排行榜的第一名。哈哈哈哈，知道怕了吧？我就说你们是从中低星域来的，但凡只要是高级星域来的，都一定听说过虚空宇宙国的虚空皇子步青。 被誉为整个虚空宇宙国近百万年来第一超级天才，我们上层的家族都知道，这一次的宇宙强者战是因为虚空之强者准备收徒，而眼前的步青绝对就是虚空之强者内定的弟子。看着眼前苏妙然和塞西利亚的震惊，伊斯塔穆尔阴冷的笑了。这一刻，即使是塞西利亚等人都是心头一跳。七阶赛区积分第一，而且还是虚空宇宙国百万年来第一天才，这是什么概念？可以说，此人绝对是整个人族宇宙区几百个宇宙国七阶赛区的最强者，即使不是最强的，也绝对能排在前十。 而这种顶级天才，此时居然会因为眼前的伊斯塔穆尔的一个东西受制于对方，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们两人是自己过来好好接受封印被奴役，还是我自己动手？布清看着塞西利亚两人，也是缓缓的开口了。他清楚这伊斯塔穆尔的为人，对方抓眼前两人无非就是为了奴役。只是他心中也是有些愤怒，居然为了抓两个蝼蚁一般的女人就将那东西给自己。还好对方不知道那东西的重要性，不然的话自己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将这东西给自己。当然了，伊利亚特家族要是知道伊斯塔穆尔找到了连布清都不得不听命的东西， 居然就为了抓两个女人的话，怕是要全家族都气得原地飞升。不清是什么存在？日后不死，就有一丝可能成为十五阶两千级强者的超级天才。即使达不到十五阶，那成为一个十四阶强者，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十四阶强者的强大，只要一句话就能将伊利亚特家族直接覆灭。只要抱上这种存在的大腿，日后伊利亚特家族得到的好处绝对是无与伦比的。而现在，这等超级天才居然被伊斯塔穆尔用来要挟抓两个女人。哼，多说无益，要动手就动手。苏妙然冷哼一声，纵然是死。 他也不可能被对方所控制，只是这话一出，步青顿时就笑了。和他动手，果然是小地方来的所谓天才。等等，然而就在步青准备动手的时候，塞西利亚突然开口了。他的话一出，步青不屑一笑。果然，听到自己的名头，这女人是准备束手就擒了吗？不过话说回来，眼前两个女的的确是角色，即使是他都没有见过多少能与之比拟的。等把那东西拿到手，这伊斯塔莫尔就可以死了。这两个女的自然也是他的。既然同意走了，那就自己自行封印吧，省得我动手。 步青说完就准备找伊斯塔穆尔拿东西，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什么时候说了要同意？步青是吧？五阶赛区的林岩你知道吗？没错，就是那个以一己之力杀了五千个天骄的林岩，那是我和妙然的男朋友。你确定要为了一个东西得罪他？塞西利亚听到了伊斯塔穆尔的话之后，顿时就冷哼一声，随后直接将林岩的名头搬了出来。只是这话却是让一旁的苏妙然俏脸微微一红。要是之前塞西利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些吃醋。不过随着他们一起在赛场之上奋战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也了解了塞西利亚的为人。 这女的就是那种比较开朗且直白的女人，不会像自己一样，即使是喜欢林岩，也不会说出来。只是塞西利亚的话一出，伊斯塔穆尔和布清乃至在场的所有人脸色都是微微一变。林岩的名头他们都听说过，毕竟现如今整个宇宙强者战之中最出名的几个人之中，绝对有林岩一人。而此时林岩还没有升级赛区，那足足五十亿金的积分可以说在所有赛区都是最高的。放屁！那等超级天才怎么可能会是你的男朋友？布清，我命令你，还不快点把他们给我弄过来！ 还是说你怕了那个什么灵岩不成？伊斯塔穆尔气得怒吼一声。不轻一听，双眼之中闪烁出一道杀意。这小子还真的拿他当佣人了。只是对方若是真的是灵岩的话，那他还真的不想得罪。能一个人灭了五千天骄的狠人，其天赋绝对不下于自己。可是那东西也极为珍贵。若是如此的话，就只能用硬的逼迫伊斯塔穆尔将东西拿出来了。哼，骗你们做什么？这是天启誓言石。若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直接发誓。塞西利亚说着，直接就从背包之中拿出来了一枚金色的石头。 誓言石，是女的，该不会是来真的吧？伊斯塔穆尔看到这里也是脸色难看了下来。天启誓言石并不是什么高等级的物品，只是红色的物品，但是它的效果却是极为恐怖，甚至连 LV 两千级的强者都能抹杀。只要对他许下誓言，若是违背的话，天启意志就会将这个人抹杀，或者按照誓言做出相应的惩罚。你敢用吗？步青也是脸色冷厉的看着塞西利亚，有何不敢？我塞西利亚再次发誓，第五赛区积分排行榜第一的灵岩和我们都认识，而且只要我们出问题。 他绝对会来报仇，而且不死不休。塞西利亚拿着手中的石头，郑重的开口了：“嗡、哦！”刹那间，那一枚金色的石头瞬间就绽放出一道耀眼的金光，金光瞬间没入到了塞西利亚的眉心。而下一刻，塞西利亚却是依旧完好无损的站在原地。这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均是脸色难看了下来。妈的，还想着那东西很容易得到手，谁知道这伊斯塔穆尔随便看上两个女的都有这种后台。此时的布青脸色极为难看，他只是一个平民天才，这也是为何他会被伊斯塔穆尔拿捏的主要原因。 要是他有足够的后台，在知道伊斯塔穆尔有他要的东西的时候，他早就上去以自己的性命和家族的存亡威胁对方交出来了。可是他却是只能以条件交换，主要就是伊斯塔穆尔家族有十二阶强者。十二阶，虽然他未来的成就远不止十二阶，但是那是以后。现在的他得罪了十二阶强者，只有等死的份。而灵岩敢得罪所有宇宙国，那身后一定是有极为强大的后台，不然的话不可能如此。当然了，此时脸色比他难看的还有伊斯塔穆尔。 可是看着不远处那两个如同天仙一般的少女，他不甘心啊！不清，你也是顶尖天骄啊，难道说你怕了这灵烟不成？无奈的他只能对着不清大喊一声：“你是在质疑我？”不清猛然看了过去，咔嚓咔嚓咔嚓，刹那间，伊斯塔穆尔周围的空间开始疯狂的崩裂开来，仿佛下一瞬间就会彻底崩碎，将他吞噬。伊斯塔穆尔看到这里，脸色顿时煞白：“你杀我，你也别想得到那东西！”伊斯塔穆尔怒吼一声，而听到那东西之后，不清也是冷哼一声。 他已经彻底决定了，等东西拿到手之后，就将这伊斯塔穆尔给灭了。只要对方没有证据，是不是自己动的手，那伊利亚特家族也不可能真的找他麻烦。虽然以伊斯塔穆尔的这垃圾天赋，因为复活实在是不需要什么代价，估计刚刚被杀，马上就被复活了。但是好歹解气一点。随后，他将目光看向了塞西利亚两女。林岩的威胁也是一个麻烦事情。那林岩如此强大的天赋，肯定会被某个 LV 两千级的强者看中，比伊斯塔穆尔还不好解决。这一下，他陷入了两难。现如今没有后台的他。 真的是哪一边都不敢随便得罪，这就是所谓平民天骄的无奈。少爷，有关于那灵岩最新的消息。然而就在此时，一旁的一个小弟却是突然眼前一亮，激动的朝着伊斯塔莫尔跑了过来。这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是看向了他。灵岩的最新消息。嗡、哦。然而下一刻，一道光芒冲天起，是那个小弟将一条条帖子投影到了虚空之中。劲爆！第五赛区排行榜第一，灵岩身死。内容就在刚刚，第五赛区的灵岩排名和积分消失，被确认为死亡。热门。 关于被杀的灵岩实力分析内容，这是一个整理了所有最为靠谱的一手资源总结出来的总结贴，真实性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按照斯卡洛尔等一众复活的天骄爆料，他们并不是被灵岩所击杀，而是被邪神亡灵所击杀。针对这种现象，已经有大神分析出来，灵岩乃是一个寻常亡灵系天骄，因为走了狗屎运爆出来了尊皇级 BOSS，被封印的邪神伊克纳格尼斯之的残魂和神元，因此创造出来了神级亡灵 BOSS。斯卡洛尔等人是攻略此 BOSS 的时候被神级亡灵诛杀的，而灵岩也被神级亡灵找到并且抹杀。 热门论一个普通天骄是如何被吹捧成至高天骄的。内容网友的脑补实力太强，导致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天骄的林岩，居然被吹捧成至高天骄。而且还有人说他有可能是这一届所有赛区最为耀眼的天才，简直可笑。现在人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被打脸。一个个帖子浮现在了在场所有人的眼前，只是看着这一条条帖子的内容，在场的所有人无一不是脸色飞速变化，就连塞西利亚和苏妙然的脸色都是有些惨白，因为他们都知道林岩的确是一个亡灵系的超级天才。 而且其实力虽然恐怖，但是还不至于能达到至高天骄。毕竟在此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林岩还只是一个连红色秘境都难以攻略下来的天才。这才一个多月就能成长到诛杀五千天骄，的确是有些不可思议。之前塞西利亚得到他师傅传来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就有些不敢相信。而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原来事实是这样。可是这样也就意味着林岩真的死了。想到这里，两人心脏疯狂的抽疼，仿佛什么失去了一般。哈哈哈，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没想到啊！ 那林岩不过只是一个亡灵系的普通天骄，而且还同时得罪了所有的宇宙国。这下我看谁会将他复活。而伊斯塔穆尔此时却是激动的狂笑了起来。伊斯塔穆尔，你的要求依旧没变吧？不清也是在亲自询问了一下自己的好友，确定了事情的真实之后，看向塞西利亚和苏妙然的脸色阴冷了下来。哈哈 <laughs> 没变，只要你抓了他们，我马上就将东西给你。伊斯塔穆尔双眼之中绽放出阴冷的光芒，说着，他还将一把钥匙拿了出来。随着钥匙出来的瞬间，周围的虚空开始疯狂的扭曲了起来。 步清也是在看到了这一把钥匙之后，呼吸开始急促了起来。他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虚空之体开始疯狂地颤抖了起来，全身每一个细胞分子仿佛都在怂恿他冲上去将钥匙给抢过来。他双眼之中的火热，让原本脑子不好使的伊斯塔穆尔愣了一下。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低估了手中钥匙的价值。在他看来，不过只是一个暗金色副本之中就能爆出来的东西，应该不值得步清如此。所以他只能要求步清干一些小事情。现在看来，自己好像有些亏了。不过下一刻他又精虫上脑了，管他值不值钱，再值钱的东西。 怎么可能比得上塞西利亚两人？不清，你还不快点上啊！伊斯塔穆尔连忙催促了起来，同时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钥匙。不清也是没有犹豫，直接就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苏妙然两人。既然你们不主动，那就别怪我了！不清冷哼一声，右手直接朝着虚空一握，嗡、嗯！刹那间，无尽的虚空之力直接朝着四面八方笼罩而去，瞬间，方圆数千万公里内的一切都被虚空封锁。似乎是感应到了虚空之力，那一把钥匙开始疯狂的颤抖了起来。看到这里，不清更是觉得。 这钥匙绝对是虚空至强者为他准备的拜师凭证，只要自己拿到手，自己就将成为虚空至强者的弟子。若是林岩在这里的话，一定会发现这钥匙居然就是虚空镇天塔的钥匙。这钥匙是在林岩刚刚进入到赛区的时候，虚空镇天塔感应到林岩的存在，所以为林岩准备的。没错，就是为林岩准备的。只是为何在七阶赛区？原因很简单，我的女人也是你们能动的。就在此时，一声平静的声音从无尽虚空深处传来，而周围的空间也是在这一个声音之中开始疯狂的颤抖了一下。 刚刚还在激动的不轻，瞬间就感觉到一股窒息的感觉，就仿佛一个平民看到了一尊帝王降临一般，那种源自于血脉深处的恐惧和尊敬，让他浑身忍不住惊恐的颤抖了起来。踏踏，踏突然一个脚步声从无尽虚空深处传来，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随着脚步声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声音所到之处的空间开始疯狂的裂开。伊斯塔穆尔的那些小弟、仆人，还有那些女人，全部被裂开的空间所笼罩。噗噗噗，仅仅瞬间，这些人全部被撕裂的空间扯碎成了漫天的碎片。 这是怎么会？空间怎么碎了？不清，你难道想要对我动手？伊斯塔穆尔脸色煞白，惊怒交加的朝着不清怒吼着。然而当他看到不清的时候，却是懵了，因为此时的不清居然面色惨白，一脸惊恐的跪伏在了虚空之中。他的目光不可置信的看着一个方向，伊斯塔穆尔顺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却是发现一个面容冷厉的少年从无尽虚空之中走了出来。那如同帝王一般的气息，让伊斯塔穆尔均是感觉浑身有些发寒。他是谁？他到底是谁？ 怎么仅仅只是一个眼神就将步青吓成这样？伊斯塔穆尔疯狂的运转那并不聪明的脑袋，惊骇的看着天空之中的少年林岩，真的是林岩，林岩来救我们了。而此时塞西利亚也是看到了从虚空之中走来出来的林岩，激动的他欢呼了起来，同时更加让他开心的还是林岩那一句他的女人，那是不是说林岩也喜欢自己？想到这里，塞西利亚也是忍不住小脸微红，他没死，我就知道他不可能那么容易就死的。而苏妙然则是忍不住浮现出笑容。 他知道，只要是自己有任何的困难和危险，灵岩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身旁。而两人的话一出，布清和伊斯塔穆尔两人心中大骇：他就是灵岩？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灵岩？他不是死了吗？他不是只是普通天骄吗？怎么可能把布清吓成这样？伊斯塔穆尔不可置信且不甘的怒吼了起来，而他手中那一枚钥匙却是已经疯狂的颤抖了起来，同时绽放出一阵阵黑色的虚空光芒。他是灵岩，他是灵岩，他怎么可能这么强？还有这力量，这力量是什么力量？虚空传送？ 破碎，不对，都不是，也不对，都是。难道这难道是传说之中的空间之力？而不清此时却是更加的骇然。他不是被吓的，确切的说，不仅仅是被吓的，而是灵岩才刚刚出现，他的虚空之力就被对方那恐怖的力量直接压制了下来。此刻的他感受不到身体之中一丝一毫的虚空之力，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抽干了一般。当然了，更多的当然是那无穷无尽的恐惧。在他眼中的灵岩如同一尊杀神一般，身上虽然没有透露出杀意，但是只是一眼，就仿佛要将他抹杀一般。 可是这怎么可能？他可是最为顶尖的天骄啊，距离至高级的天骄就差一点啊。同时，他也是发现了不远处伊斯塔穆尔手中的那一枚钥匙。要说他刚刚能引起的钥匙波动，只能算是平静湖面被微风吹拂那样的轻微的话，现在钥匙的波动就像是被台风直接整个湖面卷了起来。若不是伊斯塔穆尔死死的捏着那一枚钥匙的话，要是自己就朝着灵岩飞过去了。此刻的他终于知道了，原来这钥匙，确切的说是那虚空至强者要找的真正天才是灵岩啊，而他。 估计只是无数个虚空系职业者之中比较不错的一个吧。你就是这个赛区第一的步青，怎么，刚刚不是还想要对我的人动手吗？现在怎么跪下了？林岩居高临下的看着步青，缓缓的开口了。眼前此人的职业可是不错啊，杀了之后爆出来给自己老爹用。听到林岩的嘲讽，步青脸色极为难看，想要站起来却是做不到。士可杀不可辱。林岩没想到全宇宙对你的评价都是错的，你隐藏的好深啊！步青此时终于知道了为何林岩的积分清零，同时名字消失了。他不仅升级了赛区。 而且还直接升级了足足两次，这要是放在任何的天骄，亦或者自己头上，那对于战斗力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可是眼前的灵岩居然还能仅仅依靠一个气势就将自己碾压，那他升级赛区之前该有多强大？对了，那个邪神亡灵，那个邪神亡灵肯定是被灵岩彻底掌控了，并不是别人分析的那样失控。能掌控神级亡灵，那灵岩的亡灵天赋和实力该有多强？同时再加上这空间之力，眼前的灵岩到底是什么人？此刻不清脑海之中无数的疑惑。隐藏，我隐藏了吗？ 不过只是有些人喜欢脑补而已，脑补就算了，还以为别人都和他们一样是废物。林岩听到了不清的话之后，不屑一笑。他的话一出，让不清哑然。是啊，林岩从未说过自己是什么实力，同时也没有人公布过见过林岩的视频。对于他的消息，全部都是靠着猜想，只是猜想，谈何隐藏？不过下一刻，不清更多的却是危机和恐惧，因为他的天赋已经强大到了玄阶复活卡无法复活的程度，要想复活他，只有神级复活卡。可是，什么文明会为他花费一张珍贵的神级复活卡来复活他？ 特别是等林岩这一次考核结束之后，绝对能成为虚空至强者的弟子。到时候，即使有人想，也怕是没有那个胆子了。想到这里，他怕了。林岩，我只是一时糊涂，而且我也没有动手，都是这伊斯塔穆尔教唆的我。只要你能饶了我，我以后当你小弟都行。步青连忙对着林岩求饶。没错，他是怂了。作为一个后台不超过十阶的平民级人物，能成长到现如今的程度，那绝对是祖坟都烧成太阳了。若是这样一点成就都没有就死的话，他绝对不甘心。别担心，你们两个都得死。可惜。 林岩却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因此就对步青有任何的怜悯。说完，他的右手直接虚空一握，咔嚓咔嚓咔嚓，下一瞬间，步青这个顶尖天骄直接被空间之力崩碎成了漫天的碎片。丁，恭喜您成功击杀玩家步青，获得积分三千二百四十五金。林岩的积分瞬间暴涨三千两百多金，也就意味着这步青死之前曾经杀了至少六十四头以上的尊皇级 BOSS。要知道，这可是七阶的尊皇级呀、啊，等级高了一百级，相当于被动等级也是高了十级。 整体实力强大了不少，所以原本在五阶只能勉强能击杀尊王级的天骄，到了这里却是已经无法击杀了，除非是组队。这也是为何不清第一名也不过只是六千多金的积分而已。丁，恭喜您成功掠夺被动虚空之力 LV180，暗黑之力 LV190，力量强化。丁，恭喜您爆出装备虚空之神使套装 LV340，物品虚空神使转职卷轴 RRS。R R s, 与此同时，一连串的提示音也是随之传到了林年的脑海之中。 听着这个提示音的林岩也是嘴角微微上扬，这虚空神使听上去还挺屌的。随即他直接就给自己老爹发送了过去，同时还毕竟现在全家也就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达到 R 2级以上的职业等级了。林战，林战，卧槽，这是什么？林战，呜、呃，儿子我爱你。林岩，死死了。而就在林岩无语的和林战聊天的时候，伊斯塔穆尔看着步青在林岩手中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就被秒了，他整个人都是傻了。对了，还有你没杀，怎么？你想怎么死？ 直接说吧，林岩直接来到了伊斯塔穆尔的面前，冷冷的开口了。他的话一出，伊斯塔穆尔瞬间就吓尿了，是真的尿那种，一点都含糊。人才啊，先是拿虚空震天塔的钥匙让人泡妞，现在又尿裤子，这小子果然不是一般的人才。林岩之前来到的第一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对方手中的虚空震天塔钥匙，那个时候他还好奇这东西怎么都烂大街了，什么人都有。当然了，林岩也不在意，毕竟在他看来这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了，钥匙。 这要是那步青看上就和中邪了一样，一定是好东西。你只要不杀我，我就把这东西给你。你要是杀我，这东西就没了。伊斯塔穆尔突然想起来什么，随后连忙就将手中的钥匙拿了出来。这下林岩好奇了，这小子对步青那叫一个颐指气使，对自己居然这么怂。步青脾气那么好吗？你就不怕他？还有，你不是还能复活吗？这么怕死？林岩有些疑惑了。步青不过只是一个运气好的泥腿子而已，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杀我。至于复活，我的红色还有暗红色复活次数都没了。 家族也不可能使用玄色复活卡复活我，你要是杀了我，我就真的死了。伊斯塔穆尔一点不拿林岩当外人，直接就将自己的全部底牌都说了出来。这话都是让林岩有些无语。用不着你给我，我会自己报。林岩懒得和这人废话，直接虚空一点，咔嚓咔嚓，瞬间伊斯塔穆尔周围的空间全部裂开，砰！最终随着一声爆碎声，他周围的空间全部爆开，同时爆开的也有伊斯塔穆尔本人。丁，恭喜您爆出物品，虚空震天塔钥匙星号一。 同时，一个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林岩看了一眼背包之中两把放在一起的钥匙，居然一模一样。可是这伊斯塔莫尔明显是打不过尊王级 BOSS 的，难不成这东西还能在低等级的副本之中爆出来？林岩有些意外。不过意外归意外，这东西它虽然有两把，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使用方法。既然没有使用方法，那这东西对于他而言就没有多少用处。你们没事吧？此时林岩才想起来和不远处看着林岩随手就秒了排行榜第一的苏妙然和塞西利亚两人说话，看着两人那看着自己的眼神充满了爱意，林岩知道。 自己的小迷妹对自己更加迷恋了，哎，没办法，都是人太帅惹的祸。林岩心中感慨了一下，我们都没事，要不是你的话，我们这一次就麻烦了。听到林岩的话，塞西利亚激动的连忙飞了过来，苏妙然也是跟在了后面。还好你们联系我联系的快。对了，我姐呢？看着两女没事，林岩也是微微一笑。姐姐她还在转职，不知道现在成功了没有。还好你来了，若是你没有来的话，姐姐即使是转职成功了，我们这一次也打不过那个什么不轻。塞西利亚有些无奈的说道，没办法，他们遇到的强者都太强了。 没事，不过只是区区不清，等以后你们都能赶上对方的。林岩听到之后也是微微一笑，他手里完全有眼前两女需要的转职卷轴，而且等级最低都是 R 二以上，冰之力和火之力甚至能达到 R S 级。只是既然苏妙然准备自己转职的话，他也就没有准备现在就将东西给两女。轰！然而就在此时，几人不远处的那个秘境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轰鸣声，一股耀眼的光芒从秘境屏障之中绽放而出。砰！秘境的屏障瞬息之间就爆开了。 耀眼的光芒轰在了塞西利亚的魔能屏障之上，瞬间就将这个魔能屏障直接轰碎，而那光芒依旧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眼看就要轰在了林岩几人身上，只是就在此时，林岩右手随手一挥，嗡，<Whoa. S 1> 瞬间三人直接被拖入到了虚空夹层之中，在这里三人能清楚的看到外界的一切，但是外界的任何人都无法看到三人。同时不仅如此，一切的伤害只要不能打碎空间屏障，那就无法伤害到三人。莫然杰好像觉醒成功了，塞西利亚看到这里顿时就眼前一亮。啊。 突然，就在无尽的光芒之中，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吟声传遍了整个天地。随后，巨大的光芒之中，一尊庞大无比的光明巨龙开始飞速膨胀，其大小很快就超越了脚下的秘境，最终大小足足暴涨到了一亿公里的恐怖高度之后才停止了成长。一亿公里啊！即使是之前的那邪神亡灵，也不过只是三亿多公里的直径。啊！一声声高亢的龙吟声在整个天地疯狂的怒吼。躲在苏妙然肩膀之上的那一头还是黄级的冰火巨龙皇，看着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 而在耀眼的光芒之中，那一尊庞大无比的光明巨龙终于是从无尽光明之中飞了出来。在他的头顶，一袭银色光明铠甲的林墨染看上去英姿飒爽。哇，姐姐好帅啊！爱了爱了。而塞西利亚看到这一幕，顿时就眼睛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啊！感应到几人的目光，这一头光明神圣天龙也是高傲的长吟一声。他头上的林墨染脚下微微一点，唰<刷>！瞬息间他就化作一道光柱，瞬间落在了林岩几人的前方。老弟你怎么来了？看到林岩的林墨染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这林岩居然和苏妙然他们在一起。你还好意思说？我之前给你转职卷轴的时候，让你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转职，你倒好，直接就用了。要不是我来的话，你们怕师都得全部被抓去当别人的奴仆。听到老姐的话，林岩忍不住吐槽了一番：“什么奴仆？那个人这么大胆子，想要抓我当奴仆？”林墨染一听，顿时就怒火中烧：“人家是排行榜第一的不轻，你打得过吗？”听到了林墨染的话，林岩好没气的吐槽了一波。然而，听到排行榜第一 R, R S 的天才两个名头林默然，林墨染嘴角一抽。 这是什么运气？这种荒郊野岭也能遇到这种天才？林默然有些无语，还以为自己凭借林岩的原因，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了现如今 R 二的地步，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可是谁知道对方居然是 R 二的天才，这就有些难搞了，自己完全不是对手啊！嗯，小岩，你这一次做的不错，下一次也要来得这么早啊，不然你姐姐我要是出点什么事情，你心里如何过得去？随后，林默然一脸肯定的走过来，拍了拍林岩的肩膀，这样子就像是上司 push 下属一般 push 林岩。只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听得林岩嘴角一阵抽搐。好了。 既然安全了，那就我就先去练级了。你们要和我一起，还是单独行动？林岩看着三女，直接问道：“那当然是跟着你了。我们现在的积分也差不多足够了，用不着累死累活的去找那些副本和秘籍。林墨染直接开口了：“他们来的目的又不是出名，只要能通过第一轮、第二轮，那就不错了。若是能在第三轮也取得一些成绩，那就更好了。”好，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跟着我吧。不过，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我怕是快要被通缉了。”林岩点了点头，随后他眼眸微微一闪，缓缓的开口了：“通缉，这是什么意思？” 塞西利亚疑惑的问道：“丁，检测到你周围拥有杀戮等级达到四星之人，请注意躲避。若是击杀对方，可获得对方百分之百的积分，并且获得大量的积分奖励。”然而就在此时，一声提示音传到了三女的脑海之中，同时林岩的头顶也是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红色数值，数值之上标注的正是林岩之前击杀不轻的时候获得的积分数量。虽然林岩在升级赛区的时候积分清零了，但是林岩的红名却是没有清零，所有神级 BOSS 杀的人都会算在他的头上，而且他还发现杀一个天才。 获得的杀戮值更加恐怖，他之前杀了五千个带来的杀戮值，直接就让他的红名达到了数万光年之内都能看到的程度。这个标识之庞大，已经遮蔽了整个天空。按照大小来算的话，至少都是以后曙光年的大小。而且这个标识极为耀眼，即使是数万光年之外，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这是通缉？我去，老弟，你到底杀了多少人啊？看到这里，林墨染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嗯，算下来，估计相当于将我人族全部人屠杀的人数了吧？林岩计算了一下，无奈的给出了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不仅仅是神级 BOSS 杀的，还有他的那大量的亡灵疯狂屠杀那些秘境 BOSS 的时候，顺带不小心弄死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不长眼来送死的。只是他的话一出，苏妙然和林墨然均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相当于人族全部的人口。要知道，林岩之前所在的赛区可是五阶赛区啊！五阶强者其实力已经相当于龙腾星的新主龙腾那样的实力了。这等实力的存在，居然被林岩杀了接近万亿亿人，这和尸山血海已经没有区别了、啊。怪不得林岩说自己怕是马上就要被追杀了。不过，等一下。 林岩，你这积分排名都到第二名了，而且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之前的第一是你干掉的。谁敢来对你动手？很快，苏妙然眉头一皱。不错，寻常人自然是不会来找我麻烦，就怕那些天骄想不开来送死。毕竟我现在可是被所有宇宙国共同通缉的存在。林岩解释了一下关于他的留言。林岩从击杀的不清的亡灵身上就已经看清楚了。随着不清被他杀死，所有的留言都将不攻自破。林岩将彻底坐实屠杀五千天骄的罪行。这五千天骄，每一个宇宙国都有。 虽然顶尖势力的后人很少，但是即使只有几个，这些势力也绝对会随大流一起带头通缉林岩。而林岩在第七赛区的事情若是传开，那事情可是就好玩了。不过现如今林岩懒得理会这些事情，来了那就杀了就行。正好林岩就缺天才的被动，这些天才是真的屌。即使只是一个 LV160 级的被动，林岩即使是现在击杀尊皇级 Boss，那也是需要击杀至少十一次才能将一个被动升级到 LV160。十一次啊，林岩得刷到猴年马月去。而现在只需要杀一个天骄就能获得了，简直就是性价比首选。 而且还别说这些天骄之中，甚至有 LV 幺八零级以上的顶尖天骄。安抚了有些担忧的三女一下之后，灵岩直接原地开启地狱之门，瞬间就将击杀的所有天骄亡灵全部召唤了出来。这些天骄此时等级已经全部升级到了 LV 三四九级，因为这些天骄原本死之前自带的经验值就极为恐怖，毕竟都是能单杀尊皇级 BOSS 的存在。而尊皇级 BOSS 一头的经验值升级一百级绰绰有余。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天骄自带的经验值直接就让自己的等级达到了和灵岩一样。不仅如此。 那些尊皇级的强大 BOSS 也是被灵岩灌输了自己后台的经验值，这些经验值本身就是杀这些尊皇级 BOSS 获得的，现在不过只是还给他们而已。随着实力的提升，所有的尊皇级 BOSS 实力暴涨，元素被动的等级都是达到了恐怖的 LV 幺零五级。其中，灵岩也是将所有圣王级以上的机械族全部召唤了出来，在这些机械族的带领之下，这些 A 尊皇级 BOSS 还有那些天骄均是在整个赛区扩散开来。而灵岩也不闲着，因为拥有空间感知的灵岩，此时已经能感知到方圆一万光年内的任何事物。 所以他直接带着三女开始疯狂的瞬移，每隔一万光年他就瞬移一次，从而将这个范围之内的所有秘境和副本坐标传输给了那些机械族飞船，作为之后继续瞬移到一万光年之外。按照灵岩的估算，自己一分钟左右能探查到一万光年内的所有秘境和副本，方圆十万光年的面积是一万光年内的百倍，所以需要一百分钟。剩下的几个小时，灵岩最能探查到方圆五十万光年内的一切事物，也就是需要花费足足四个多小时，大致能探索到三十五万个玄色的秘境和副本。 这么多的副本足够我及其不少等级达到 L V 一百级以上的元素了。林岩一边瞬移一边思索着，只是他要做什么，苏妙然等人根本不清楚。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却是能看到林岩的积分在疯狂的提升。不过林岩的红名也是越来越红了，林岩的通缉范围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因为林岩一直在瞬移，所以想要抓到林岩还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果然和林岩预料的差不多，随着不清被杀，林岩的积分一跃成为排行榜第二，仅次于之前的排行榜第二的时候，林岩所有流传在网络之上的猜想。 谣言全部不攻自破，这些猜想所有的前提都是基于林岩死了之后的猜想，可是事实上林岩却是活得好好的。一时间，整个人族宇宙区彻底的沸腾了。而随着林岩的积分越来越高，很快超越了第一登顶，并且很快就远远的甩开了之前第一的时候，无数人疯狂了。卧槽，这林岩居然在宇宙强者战期间连跳两个赛区，他不要命了啊！他是疯子不成吗？很明显，对方不是，而且还极为理智。他的实力，即使是连跳两个赛区，照样能将其他的所有天才均是按在地上暴锤。 这等天赋根本就不是一般的顶级天骄所能比拟的啊！至高天骄，绝对是至高天骄。之前的那些猜想虽然都被推翻了，但是还是有些细节没错。这灵岩的确是亡灵法师，不同的是，他彻彻底底的掌控了神级亡灵。就凭借这一点，他的天赋等级就绝对不下于至高天骄，甚至在至高天骄之中都不是寻常的。不错，亡灵系的至高天骄，这特么的日后成长起来，岂不是又是一个亡灵至尊？一时间，人族宇宙区的所有文明论坛几乎都爆了。 毕竟，林岩这种横跨两个赛区去将原本的最强者击杀的事情，可以说前所未有。而且最主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林岩在这一次之前，从未有人听说过这一个人。这个人就仿佛凭空出现一般。可是这样凭空出现的存在，却是如此的强大，让无数人都是为之好奇。这林岩到底是什么人？能如此明目张胆的得罪所有宇宙国的存在？难道他是某位 LV 两千级强者的弟子，亦或者是某位至强者的弟子？这一切都没有人能解释。不过，唯一能解释的却是，这一次林岩绝对麻烦了。 若是他不被亡灵至尊收为弟子的话，整个人族宇宙区数百个宇宙国将没有他的容身之所。终于，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一个劲爆的消息传遍了所有的论坛。卧槽，我听说了，排行榜第二的卡斯罗姆特已经开始联合其他的天才，准备去合力击杀灵岩了。我也听说了，据说已经集结了三万个天骄，这三万天骄每一个实力都极为强大，他们就不怕死吗？灵岩可是杀了五千个天骄和不轻的存在啊！你想太多了，灵岩之所以能击杀五千天骄，是因为拥有神级亡灵，可是他越级两个大境界。 神级亡灵已经没有实力和顶尖天骄战斗了，更不用说这一次的三万天骄之中，顶级天骄的数量足足有三十人之多。死，这样一来，这灵岩的确是死定了啊！坐等好戏，坐等好戏啊！这一刻，整个人族宇宙区的所有人都是开始期待这一空前绝后的大战：三万天骄对战灵岩一人，其中还有三十多个顶尖天骄。这阵容，即使是至高天骄遇上，那都是要哭爹喊娘的跑路啊！突然，一场直播流传到了人族宇宙区所有文明的论坛。 并且瞬间就被置顶了。一时间，小到低级星域，大到宇宙国境内的所有人都是看到了这个直播。画面刚刚开启，足足三万个气息令人窒息，且每一尊都仿佛和天地相融的天骄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而为首的正是卡斯罗姆特，以及他身旁的三十多位顶级天骄。所谓顶级天骄，那就是被动等级达到了 L V 幺八零级到 L V 幺九九级的超级天骄。他们比寻常的 L V 幺六零到 L V 幺七九的普通天骄强大了不少。同时，顶级天骄也是拥有了稳定 L V 二百级以上至高天骄的资格。 毕竟，只要运气好，接到几个转生任务，等级就能超过 L V 二百。因此，这种天骄本质上和寻常的天骄有巨大的差距。之前，整个五阶赛区这种天骄的数量也不过只有四五个，而现在七阶赛区之中的四十多个顶级天骄，在卡斯罗姆特的召集之下，几乎都到齐了。很快，一个靓丽的少女出现在了直播的面前。人族的同胞们，大家好，我是这一次的主播伊芙琳。少女笑着开口了，她的话和笑容一出，所有的直播间瞬间炸了。伊芙琳，冰火双系的顶级天骄女神啊！ 没想到这一次的主播居然是他，贴贴好想贴贴啊！楼上的，你这是不想活了呀吗？卧槽，已经被注销了，估计人凉了。伊芙琳小姐也是你们能随便说的吗？人家可是寒冰至高神的后裔，死！寒冰至高神的后裔，名副其实的女神啊！随着伊芙琳的画面出现，无数人都是疯狂的讨论了起来。只是这可不是什么法外之地，一些口出狂言、言语污秽的人还没说两句就已经注销了账号，彻底凉凉了。明显是被自己文明的强者线下真实了。 而看不到任何内容的伊芙琳，则是继续开始介绍：“我人族的同胞，本次由我们三万名天骄共同组成的讨伐队伍已经集结完毕。本次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击杀那亡灵法师灵岩。众所周知，每一个亡灵法师天骄的出现，都是用寻常天骄的生命堆砌而成，所以这等存在，我们绝对不可能放任其为祸人间。”伊芙琳大义凛然的开口了，他的话一出，一阵寒冰气息从他的身上绽放而出，那圣洁气质瞬间就让无数人为之倾倒。这一瞬间。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场由所有天骄一起主导的讨伐之旅，而这一场讨伐之中的大魔王自然就是那灵岩。随后镜头朝着前方一去，赫然一个巨大的积分数值屹立于远方的天边，那庞大的数值几乎可以断定灵岩的位置距离他们不足一百光年。然而这一切，灵岩都已经通过莫斯特大帝给他的聊天直播全部知晓了。有意思，这些人居然这么急着来送死？看着画面之中足足三万个天骄，灵岩并没有任何的畏惧，甚至有些好笑。区区三万，不是送死？ 又是如何？随即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后台，此时的他通过疯狂的屠杀，尊皇级 BOSS 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尊，而且增长的速度比之前零岩计算的还要来得快。并且这只是尊皇级 BOSS 的数量，不包括那五千个天骄，还有步青这个超顶尖天骄。经过他的五倍实力强化，步青亡灵的实力已经堪比甚至超越了寻常的至高级天骄。当然了，这是装备差距不算的情况下，因为若是算上装备的话，步青的实力还是弱了不少的。准神级套装和神级套装的差距非常庞大，可是。 这又如何？这三万天骄之中，一个至高级天骄都没有，而至高级天骄才被使用的神级套装，他们自然也没有。小炎，这么多天骄，你要不还是避一避吧？同样看着直播的林默然有些担忧的看着林岩。林岩的位置自然早就暴露了，毕竟他的积分数值之恐怖，此时已经达到了方圆数万光年之内的所有人都能清楚的看到，想要查到林岩，那简直太容易了。避，没必要。林岩直接摆了摆手，他想要避开，自然是轻轻松松，但是有必要吗？并没有。妙然。 你看这个叫伊芙琳的天赋还行吧，冰火双系顶级天骄，他的转职卷轴等级应该不低。林岩嘴角微微上扬。啊，转职卷轴？听到林岩的话，苏妙然懵了。他还准备依靠自己的任务慢慢来提升天赋啊。这一次听我的，不仅是你，还有塞西利亚的天赋，我这里也有足够的转职卷轴提升到 R 2及以上。林岩平静却是霸气的开口了。这话一出，本来想要拒绝的苏妙然顿时就有些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知道，除非是自己能拿到大赛的第一。 不然的话，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职业等级。可是赛区第一啊，即使是顶级天骄，也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把握，甚至百分之十的把握都没有。阿离、啊，连我也有吗？塞西利亚更是有些懵了。当然有，你刚刚不是还说自己是小妍的女朋友吗？怎么现在就不想承认了？一旁的林默然也是笑着开口了。这丫头对林炎的帮助的确很大，而且一心一意为林炎。作为老姐，她还是非常满意这个妹妹的。她的话一出，塞西利亚顿时小脸一红，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她知道。 若是自己凭借自己的话，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将天赋达到 R S S S 级以上，更不用说是这种顶尖天骄的程度了。既然这些所谓的天才天骄准备拿我立威，那我就让他们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得罪得起的。林岩不屑一笑，同时嘴角微微上扬。在这宇宙强者战期间，即使是至强者，也不可能对他动手，大不了惹急了，林岩在后期直接疯狂提升自己的实力，或者自裁遁入其他平行世界之中，找他麻烦，简直可笑。啪！想到这里的林岩，直接双手猛然合十。 轰隆隆隆！刹那间，一股来自于地狱的毁灭之气从林岩身后爆发而出。是啦！瞬间，一条长达数十亿公里的恐怖裂缝从他的身后打开。随着林岩和那些尊皇级 BOSS 亡灵的等级提升，他们的体型也是庞大了很多，因此导致了林岩需要召唤的地狱之门也是庞大了很多。嗡 <Wow>！很快，地狱之门从裂缝之中缓缓的延伸了出来。最终，一扇高达数十亿公里的恐怖巨门屹立在了天地间。这一扇巨大地狱之门之上，刻画了无数狰狞的亡灵大凶。塞西利亚等人看到之后，都不禁背脊发寒。 仿佛被无数的大凶盯上一般的感觉，让他们心中沈腾起来一丝丝的恐惧。这就是小颜的地狱之门吗？看着这庞大的地狱之门，林墨染心中微微感慨：林炎是真的成长了呀。此刻，仅仅只是一个技能，就能让他感受到如此的恐惧。好，好啊！然而就在此时，一声接着一声从地狱深渊发出来的咆哮声传来，轰轰轰轰！下一刻，一尊接着一尊实力恐怖、等级最低都是尊王级别的恐怖亡灵从这巨大的地狱之门之中冲了出来，期间还夹杂着大量的尊皇级 BOSS。 尊皇级 BOSS 的数量很快就突破了一千，然后是两千尊、三千尊，最终足足一万一千尊被强化过，实力翻了足足七八倍的尊皇级亡灵出现在了整个天地，整个天地都是被这些庞大的尊皇级亡灵彻底的占据。看着这恐怖的一幕，塞西利亚等人无一不是忍不住咽了口口水。这些亡灵，即使是最弱的一尊尊王级亡灵，都不是苏妙然和塞西利亚能抗衡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尊皇级亡灵。等等，那个人，他不是不亲吗？ 突然，塞西利亚发现了，在一万一千尊尊皇级亡灵的夹缝之中，还有毫不起眼的五千个人形骷髅。只是为首的一个骷髅身上涌动的那虚空之力，以及他的灵魂气息，却是让塞西利亚一眼就认出来了，对方正是之前的不轻。那就是说，他身后的那五千个亡灵，全部都是天骄级亡灵，就是传闻之中灵岩杀了的五千天骄。可是这暴率是不是有些太过恐怖了？要知道，天骄级别的存在已经堪比尊皇级 BOSS 的实力了，顶级天骄其实力更是堪比准神级 BOSS。 而这种想要爆出来亡灵的可能性极为微弱，微弱到几乎不可能。杀几百万次能爆出来一个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这也是为何亡灵法师虽然拥有屠杀全宇宙的实力，但是却因为残魂不够，实力也就比寻常的同等级天骄强大一些的原因。毕竟无法形成足够的亡灵之海，他们的敌人就能冲破亡灵的海洋杀了他们。至于说可不可以购买，那自然是可以的。但是任何残魂对被杀之人都有天生的恐惧。你若是购买来的残魂对你没有恐惧的话， 你要是将之炼制成亡灵，大概率会叛变。叛变的结果就是追杀你。亡灵实力弱了就算了，要是实力强大，连亡灵法师本身都会被击杀。而购买的越多，这种可能性越发的恐怖。万一有朝一日，所有的亡灵顷刻间全部失控，等待亡灵法师的绝对只有死亡。而现在灵岩的暴率居然达到了恐怖的百分之百，这简直就是灾难级别的存在。岂不是说，若是等以后灵岩实力足够强大了，甚至能在整个宇宙掀起灭绝所有文明的天灾？塞西利亚这一刻看向灵岩的目光变了又变，不过很快就化作了坚定。 从认识林岩开始，林岩就是那种能不惹事就不惹事，但是若是事情找上来，绝对不怕的人。不管是不清，还是那五千个天骄，无一不是自己去找麻烦才被林岩所杀。现如今的三万天骄亦是如此。这种人，只要自己好好跟着就行。什么以后会不会掀起席卷整个宇宙的亡灵天灾，他根本不相信。弟弟，你准备动手了吗？林墨染凝重地对着林岩问道。毕竟这一次林岩即将面对的是三万天骄啊！不，这些所谓天骄太看不起我了，想要杀我，先过了这些亡灵再说。 若是连我的亡灵都对付不了，见到我也不过只是白白送人头而已。算是我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见到亡灵走人，我还能饶他们一命。灵岩平静的开口了，他这霸气的话一出，苏妙然和塞西利亚均是双眼泛光，而灵岩也是直接大手一挥，吼吼吼吼吼！刹那间，所有尊皇级 BOSS 亡灵直接怒吼一声，随后朝着那五千个天骄所在的位置快速飞了过去。而在他们飞行的途中，无数道空间传送通道打开，所有的亡灵全部冲入空间传送通道，彻底消失在了塞西利亚等人面前。 空间之力极为恐怖，作为究极元素之一，加上灵岩的等级如此恐怖，它所能爆发出来的威能简直超乎寻常人所想象。要知道，顶级元素最弱的 L V 一，相当于寻常元素被动的 S，也就是相当于寻常元素被动的 L V 十。而虚空之力这种强大的，则是 L V 一就相当于寻常的 S S 天才。这就是为何不轻 L V 幺八零级的虚空之力被称之为顶尖天骄之中的顶尖天骄的原因。因为 L V 幺八零级的虚空之力已经相当于火焰之力 L V 幺九九了。可是究极元素却是不一样。 Lv 一的究极元素最低都相当于 rs 以上，而空间之力作为几大究极天骄之中靠前的存在，林岩估计 Lv 一的实力就能碾压寻常的 rss。而 rss 的等级是 Lv 八零级，现如今林岩的空间之力等级可以根据十大空间之力的平均水准提升，林岩的空间之力等级达到了 Lv 幺六五左右，加 Lv 八零的话，理论上林岩的空间之力实力堪比寻常冰火这类元素 Lv 二四五级。若是其他的元素能达到这个等级的话，无一例外，只要有对应的宇宙本源之力给其融合。 绝对百分之百的能成为至强者，可想而知灵岩的实力有多么的恐怖。当然了，并不是说等灵岩等级达到 LV 两千级就能直接成为空间至强者，这只是相当于而已。灵岩本身空间之力的等级也要达到 LV 二百级才有资格融合宇宙本源之力，因此最好就是等级超过 LV 二百，达到 LV 二三零以上，这样融合成功的可能性才会大幅度的提升。至于那五千个天骄，因为实力更加强大，被灵岩留在了第二区域。若是这三万天骄能突破第一区域的话，就有资格和五千天骄的亡灵战斗了。 与此同时，三万天骄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诸位人族同胞，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全程我都会直播。任何对我人族造成损伤的邪恶之人都将被我人族天骄所抹杀。直播镜头之前的伊芙琳，在收到了卡斯罗姆特的进军讯号之后，也是笑着开口了。说完，镜头直接转到三万天骄，所有的天骄都是直接打出一艘艘飞船，准备前往灵岩所在的位置。这一刻，全网沸腾，终于要开始了！哈哈，之前好几次亡灵法师被讨伐，都只是一两个顶尖天骄动手就将之抹杀了。 唯一失败的一次就是那亡灵至尊年轻时候，不过谁让那亡灵至尊是暗黑至强者的儿子，不然他也得死。没错，亡灵法师虽然强大，但是也就比寻常的同等级天才强大几分而已。而且他强大也是因为亡灵之力乃是顶级之力之中最为强大的几种元素的原因。毕竟天启意志还是公平的，不会让某一个人或者职业打破平衡。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这个灵岩道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绝对能称之为数万亿年来第一人了吧？被三万天骄联手绞杀。 即使是一些稍微强大的至高级天骄，都怕是要吓死。不错，很期待林岩被吓哭。同上，希望看到林岩被吓哭。哈哈，一、二、一千二百一十一、四百四十二。一时间，无数文明都是因为林岩的这一件事停下了所有的动作，开始关注这一次的亡灵讨伐战，甚至就连至强者都开始关注起来这一次的战争。至强者虽然被称之为一个宇宙的最强大存在，同时也是策划了这一次考核的人，但是从考核开始，一切都交由天启意志控制，因为天启意志的限制。 即使是这些至强者，也无法看到任何的考核内容，只能跟随伊芙琳的直播查看这一次的讨伐内容。比起其他的，灵岩突然的崛起，绝对是这一次宇宙强者战之上最为令人关注的事情。一个神殿之中，七百多尊至强者全部悬浮在虚空之中，看着中央巨大的画面投影。啧啧啧，终于出现一个和我儿子一样有种的人了！宣战全人族！哈哈，不错不错，可惜不是暗黑系，不然我亲自收为弟子。这种天才走暗黑一脉，绝对是个人才。不过我儿子肯定感兴趣。暗黑至强者得意的笑了。 你儿子，就你儿子那只会依靠你躲起来的人，比得上这灵岩？况且这灵岩也马上就死了，难不成你还想复活他不成？按照他的天赋，我估计得不少神级复活卡才行吧？啊！光明至强者一脸嘲讽的开口了。光明和暗黑两者势不两立，并不是谁得罪了谁，亦或者什么和小说之中说的一样抢夺信徒之类的。原因很简单，光明会驱散黑暗，而黑暗同时也会吞噬光明，两者只要在一起，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和不爽，因此只要在一起，双方就会掐架。 同样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火焰至强者和寒冰至强者。这伊芙琳天赋还不错，可惜没有达到至高天才的标准，日后撑死十四阶。若是能达到至高级，本尊倒是可以勉为其难收为徒孙。火焰至强者说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看着不远处的寒冰至强者，面露笑意，明显是在搞事情。本尊的后裔，你有什么资格收？就你那三脚猫的实力，误人子弟！果然，寒冰至强者冷厉的开口了，目光冰冷的扫了一眼火焰至强者。 整个会场之上，并没有寻常人想象的那么严肃，亦或者神秘，几乎都是一大群至强者在相互对骂，可谓吵闹无比。然而，只有在人群之中，虚空至强者却是沉默不语，看着画面之中三万天骄，他的面色有些凝重。虚空塔之前疯狂震动，而那个时候正好是步青死亡，那就是说，这步青有可能是虚空塔选择的传承者。可是现在他已经被灵岩杀了，看来只能用复活卡复活这步青了。只是这步青虽然天赋不错，但是连至高天骄都没有达到，虚空塔。 为何要选他作为传承者？这一刻，虚空至强者百思不得其解。不过，现在不是他想这些的时候，复活不清才是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事情。管他是不是，先带去无尽虚空深处给虚空震天塔看看，不就知道了？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画面之中的内容却是再次发生了变化，而这变化却是让在场的数百个至强者的脸色都是有些变化了。这，这是怎么回事？啊？画面之中的内容让所有至强者脑海之中均是浮现出来这么一个念头。这一边。 卡斯特罗姆等人全部召唤出来，飞船在无数文明的见证之下，即将前往战场。然而下一刻瞬间，异变发生了。一些拥有空间类天赋的天骄突然察觉到，周围的空间开始疯狂的涌动起大量的波动。怎么了吗？你们一个个怎么脸色这么难看？这些天骄的变化让周围的天骄愣住了。卡斯特罗姆作为组织者也是眉头一皱，连忙问道：“有问题？有人要传送过来，而且数量很多。好恐怖的空间掌控！我传送之力 L V 幺六九居然无法阻止这一次的传送。不好，周围的空间被封禁了。” 我们无法逃离周围的空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这些天骄却是一个个脸色大变，开始不可置信的惊呼了起来。他们的话一出，在场的天骄无一不是眉头一皱。被封锁了，那不就是连飞船的空间跃迁功能都无法使用？即使不清来了，也做不到这一点吧？所有人戒备，有可能是林岩提前来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击杀那么多的尊皇级 BOSS，林岩也有可能是一个掌控空间类元素的天骄。卡斯特罗姆倒是没有慌，而是暴喝一声，直接收了自己的飞船。所有的天骄也都是如此，掌控空间类。 那又如何？能比得上他们三万天骄的联手不成？而三万个天骄的话和突然严阵以待的样子，让无数观众都是兴奋了。看来林岩的实力比想象之中还要强，这一场有的看了呀、啊！嗡嗡嗡嗡！嗯嗯嗯、然而下一刻，三万天骄的四面八方开始出现数百万个巨大的空间虫洞，随后无尽的血红色亡灵之力从这些虫洞的对面涌现而出，这亡灵之力瞬间就弥漫在了整个战场。而看着这么多的空间裂缝，三万天骄的心头不知为何浮现出来了一丝丝的不安。好，好。 好！终于，一声声震动整个天地的怒吼声从无尽虚空之中爆发而出。这一瞬，恐怖的气息碾压在了整个天地。随后，一尊接着一尊气息充满毁灭的亡灵从裂缝之中挣扎着挤了出来好。好，好，好！愤怒且嗜血的咆哮声如同无数海洋一般席卷着整个天地。三万天骄在感受到了这恐怖的气息之后，均是脸色剧烈变化。尊皇级亡灵，一万多头尊皇级亡灵，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灵岩哪里弄来的这么多的尊皇级亡灵？一万多？ 而且还是实力被强化了数倍之后的亡灵，看着已经将他们全部人包围，并且笼罩了空间的庞大亡灵，这三万名天骄均是心中升腾起一丝惊慌。寻常的尊皇级 BOSS 他们都能单挑，不过这种被强化之后的亡灵，只有顶级天骄才能单挑一个。他们要想击杀，只能四五个天骄同时动手。可是这里的尊皇级亡灵足足一万一千尊，理论上他们除非是有我四五万人才能打得过。说心中没有惊慌绝对是假的。而这一幕也是同时让直播对面的无数文明均是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 原本以为是三万天骄碾压林岩的场景，现在看来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只是这一刻，所有人的脑海之中都是有一个疑惑：林岩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能召集到这么多的尊皇级亡灵？他到底是屠杀了多少的尊皇级 BOSS？要知道，寻常的尊皇级 BOSS 亡灵，想要弄到一个，需要屠杀数百万个尊皇级 BOSS 才行。而一般的天骄，即使是不眠不休，天天去攻略副本秘境，一天的时间也最多就能打下一百个 BOSS，相当于要弄到一个尊皇级亡灵，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一万一千尊。 那不就是相当于需要足足几十万年？一个七阶强者，即使是寿命比较长的一些种族，也不过是几千年而已。而林岩之前还只是一个五阶，五阶不过只是几百年的寿命，如何能弄到这么多的尊皇级 BOSS？有趣，着实有趣。这林岩的实力，看来远比我们想的要强大。这次有的看了，哈哈！寒冰至强者，你不担心你的后裔被杀了吗？哼，若是三万人打一个都被灭，他死了也活该。一时间，所有的至强者都是好奇的讨论了起来。 然而，只有那虚空至强者却是在看到了所有亡灵出现的画面的时候沉默了。这些亡灵出现的画面代表的意义可是不简单啊！他能清楚的看到，所有的亡灵都是直接跨越虚空被传送过来。能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量的传送卷轴。可是作为整个宇宙空间系最为强大的，他清楚的知道，灵岩绝对没有使用任何的卷轴，使用的却是十大空间之力之中传送效果最强大的纯粹的传送之力。如此精准且一次性传送这么多的尊皇级 BOSS，这灵岩的传送之力似乎等级不低呀、啊！虚空至强者心中极为疑惑。 不过，这是传送之力，虚空塔散发出来的却是纯粹的虚空之力。这灵岩估计不是自己要寻找的人，自己要找的八成就是那步青了。不过步青估计也没有人会复活他，即使复活了，大不了本尊去找他就行。先看看这灵岩到底有什么本事。此时的虚空之强者对灵岩也是来了兴趣，和其他的所有之强者一起观看起来后续的发展。一万尊皇级亡灵出现的画面，的确是让在场的所有天骄都是脸色变了一下。不过为首的一群顶尖天骄却依旧平静。不过只是一些尊皇级的亡灵而已。 虽然实力都堪比准神级 BOSS，可是那也不过只是堪比，而且即使是准神级，我们也能秒了。卡斯特罗姆不屑的开口了：“不错，正好来刷一些积分，这准神级的 BOSS 一头可是相当于十头的积分啊！”哈哈，不错，那就看看这一次谁杀的 BOSS 多了。一时间，三十多个顶尖天骄均是狂笑了起来。而听到了他们的话，剩下的那些天骄也都是松了一口气，有这些顶尖天骄在，再加上他们的实力都不俗，还能打不过？所有人上！ 终于，随着卡斯特罗姆的一声暴喝，所有的天骄均是拿出武器，瞬间就朝着所有四面八方的尊皇级亡灵冲了过去。诸位，我先去杀几头尊皇级 BOSS，等一下再给你们讲解。伊芙琳则是依旧一脸笑意，轰！刹那间，冰火之力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救<球>同时，一头冰火凤凰虚影也是瞬间在他的周身凝聚而出。庞大的冰火凤凰仰天长啸，随后从冲天起，朝着那些尊皇级 BOSS 冲了上去。一时间，三万天骄和一万亡灵的战争彻底的打响。 直播界面是 V R 全息投影直播，因此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战斗的全过程。看着天空之中爆发而出恐怖战斗，所有人如同身临其境一般，感受到了天骄和这些准神级 Boss 的恐怖实力。那三十多个顶尖天骄的实力的确强大，每个都能单挑一两头尊皇级 Boss，而最强大的卡斯特罗姆更是以一打十。然而，很快他们渐渐的发现了这些亡灵的不对劲了。寻常的亡灵因为死了，即使是身前极为强大，但是对元素之力的掌控却是没有了那么强大。 除非是亡灵法师同时掌控了亡灵所使用的元素之力，并且等级也达到了和亡灵差不多的等级，不然的话，亡灵的属性虽然都达到了准神级 BOSS 的境界，但是实则实力却弱了数成，甚至连一半都无法发挥出来。可是林岩的这些亡灵居然每一个都能爆发出来属性所代表的全部实力，这让原本想要一个打一百个的卡斯特罗姆只能打十个，而且想要击杀这十个亡灵并不简单，他足足花了数分钟才将这十个亡灵斩杀，开始和其他的亡灵战斗。同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了其他的天骄头上。 当然了，这些亡灵比其他亡灵强大的其实并不多。若是平时的话，甚至没有人注意。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混战的双方人数太多了，而且原本应该是势均力敌的场面，随着这些亡灵的不同，开始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虽然亡灵被斩杀了，但是也有一些天骄因为大意被数个尊皇级 BOSS 同时攻击，直接被秒。而且这些亡灵仿佛全部都有身前的灵智一般，战斗起来极为阴。什么打着打着突然使用玄色技能偷袭，或者突然攻击一旁和其他 BOSS 打架的天骄，同样的事情玩家也会干。 可是 boss 血量厚啊，被偷袭十次都死不了。可是玩家的血量却是连寻常 boss 的万分之一都没有，一个偷袭下去，猝不及防之间直接就残了，被周围的 boss 一个补刀直接被秒。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亡灵虽然被杀了两千个，可是三万天骄却是已经死了足足八千个。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天骄慌了，这样打下去，他们是不是要出事？可恶，这些亡灵怎么全部都会有意识一样？他们不是只是残魂，只有天生的杀戮本能吗？终于，一个天骄忍不住大骂一声：“对啊，这些亡灵不对劲。” 很不对劲，何止不对劲，我感觉这些亡灵的配合比我们还好。难道是在如此战斗之中，那林岩还能同时操控这些亡灵？这怎么可能？寻常的亡灵法师都只是操控一个作为头领指挥战斗而已，剩下的就靠这些亡灵自由发挥了呀。林岩的灵魂怎么可能这么强大，能控制这么多的亡灵？一时间，这些天骄都是惊恐的讨论了起来。当然了，讨论的时候还是心思全部放在和这些 boss 的战斗之上，因为但凡他们有一点错误，就有可能会被这些 boss 抹杀。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轰！ 然而，就在此时，远方突然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只见不知道为何，一百多尊亡灵不知不觉和天骄战斗的同时，包围了一个顶级天骄。而这个爆炸声音，就是这一百多尊亡灵同时爆发，瞬间就将这个顶级天骄秒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就吓傻了在场的所有人。顶尖天骄被杀的画面冲击了所有人的脑海。后知后觉的卡斯特罗姆等人连忙朝着周围看去。然而，这一眼吓得所有天骄，就连卡斯特罗姆在内的所有顶尖天骄都是脸色煞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的尊皇级 BOSS，不好，快跑！终于感觉到死亡威胁的卡斯特罗姆怒吼一声，声音之恐怖，瞬间就传遍了周围的数十亿公里。而他的怒吼之中，还有无尽的恐惧，能不恐惧吗？其他的天骄都是一两百头尊皇级亡灵，而自己的周围却是已经被数百头笼罩了。好，好，好，好！可惜他还是晚了。随着他的怒吼一出，所有的尊皇级亡灵同时爆发玄色大招，而他们攻击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那些顶级天骄。 足足三十多个天骄还没有反应过来，全部被这爆发的大招全部笼罩在了其中。轰轰轰轰！仅仅刹那间，随着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所有的顶级天骄就淹没在了这恐怖的爆炸之中。这突如其来的画面将所有还在看直播的人均是吓傻了。即使是那些至强者看到这一幕，也都是眉头紧锁。全程看到直播的他们，自然是早就看到了所有亡灵的图谋。可是他们作为至强者，若是这个时候提醒，那岂不是丢脸丢大了？三万人打一个都打不过，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这灵岩到底长什么样。 还要他们这强者出手，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再说了，虽然这些天才是他们宇宙国的，但是除了那伊芙琳是寒冰至强者的子孙后代之外，剩下的这些所谓天骄和他们都没有关系。死了也就死了，大不了将一些有天赋的人复活罢了。而战场之上，随着所有的顶尖天骄被爆炸淹没，剩下的所有天骄无一不是吓傻呆愣在了原地。可是他们愣住了，那些尊皇级的 BOSS 可是没有愣住，全部都是疯狂的朝着这些所谓的天骄攻击而来。 一时间没有了那些顶尖天骄牵制那些原本就是准神级尊皇级 BOSS，死后更是实力暴涨的超级 BOSS。这些寻常的天骄遇到一头就相当于被疯狂徒手，这还是因为这种 BOSS 只有三四头的原因。不然之前不依靠偷袭，那些顶尖天骄都得全部死。可是即使如此，场面之上也是呈现出来一边倒的屠杀。要不我们还是跑吧？终于一个天骄忍不住开口了。他的话一出，在场的天骄均是心头一沉。跑？能跑吗？再说了，这要是跑了，以后还怎么做人？ 当然了，主要还是跑不了。他们可不相信这些尊皇级 BOSS 会放过他们。可是终究还是有胆小的人啊！你们要送死，那就去送。你们有背景有世家复活，我们死了就没了，我不奉陪了。终于，一个天骄忍不住怒吼一声，说完转身就跑。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却是，见到他跑之后，那些亡灵只是追了几亿公里就停了下来。而几亿公里对于这等亡灵来说，不过只是相当于几步路而已。他怎么能逃走的？这些亡灵居然不追！一时间，所有人天骄。 和看着直播的人无一不是梦了。看到他逃走成功，瞬间又有几千个天骄转身就跑。开玩笑，再打下去，人都死光了！你们这些懦夫，这种时候逃命，就不怕遗臭万年吗？突然，一个天骄怒吼一声。这话一出，一部分想要逃走的天骄顿时脸色一变。他们后面有家族，正是因为有家族，他们才不能跑。若是跑了，回去之后家族绝对饶不了他们。若是死了，家族也不可能复活他们这种耻辱。当然了，那些没权没势的天骄却是什么都不管，直接跑了大半。 只剩下了那些有权有势的天骄，这些天骄不能跑，毕竟他们死了也能复活，毕竟他们都不是顶级天骄，死了也只需要玄色复活卡就能复活，一张不够，大不了就一万张，给他们几百年时间，他们也能爆出来。家族舍得投资，可是寻常天骄就不一样了，死了就是真的死了。只是留下来的那些天骄却是看着这么多的尊皇级 BOSS，全部都是有些绝望。可恶，反正都要死，就算是死，我也要拉你们下水。突然，一个天骄愤怒的怒吼一声，直接就朝着一群尊皇级 BOSS 中间冲去。 轰隆隆隆！下一刻，这个天骄直接自爆，瞬息间毁灭一切的力量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十多个尊皇级 BOSS 直接被这爆炸所淹没。不过，当爆炸结束之后，这些尊皇级 BOSS 不过只是全部残血而已，并没有死。只是看到这一幕，一部分天骄没有任何气馁，反而眼中浮现出无尽的杀意。哈哈，就算是死，我也要拖你们下水！老子大不了复活，老子也是上炸了他们！活下来的人，给老子听着，给我们杀那个林岩！瞬间，大量的天骄怒吼着。 一个个决然的朝着周围的尊皇级 BOSS 冲了过去，轰轰轰轰！一时间，一声接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响彻整个战场。而这壮烈的画面，让整个人族宇宙区内的所有人无一不是受到了感染。这就是人族天骄吗？居然如此悍不畏死！终于，随着这些天骄一个接着一个的冲上去自爆，绕氏尊皇级的亡灵也耐不住，即使是那由半部神级 BOSS 弄成的超级亡灵，也是在承受了足足十个天骄自爆之后彻底死亡。而余波更是抹杀了二十多头低等级的尊皇级 BOSS。 随着爆炸声此起彼伏，仅仅只是损耗了两千多个天骄，剩下的近万尊黄级 BOSS 就全部在自爆之中化作了灰烬。活下来的一万多个天骄看着这一幕，均是愤怒的痛哭了起来。这悲壮的一幕，看得无数文明的人均是忍不住落泪。这灵岩太可恶了，一定要将他杀了！没错，这种亡灵法师，人人得而诛之。希望这些死去的天骄能被复活吧。一时间，几乎所有文明都是开始对灵岩口诛笔伐。诸位，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这灵岩杀了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就去杀了他！ 一定不能让他继续逍遥。若是等他缓过来再复活死去的亡灵，那之前那些兄弟就全部白白死了。而就在此时，一个天骄站了出来，慷慨激昂的大喊了起来。一瞬间，所有的天骄均是眼中闪烁出无尽的怒火。嗡嗡嗡！然而，就在此时，又是一阵空间波动从剩下的这一万多个天骄周围传来。感受到这恐怖的波动，在场的所有天骄无一不是脸色巨变。下一刻，一道庞大无比的空间裂缝出现，而这道空间裂缝的直径足足十多亿公里。 这恐怖的大小，让所有的天骄均是脸色凝重了下来。看着这个直播的所有人，也都是屏住了呼吸，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好，oh, 终于，随着一声诡异且深邃的低吼声传来，一团庞大无比的肉球从巨大的空间裂缝之中缓缓的飞了出来。肉球之上有无数双眼眸，同时无数条巨大的触手在整个天际挥舞。邪神伊克纳格尼斯兹亡灵登场，那属于神的威压在这一刻笼罩了整个天地。 所有的天骄在感受到了这神的威压之后，无一不是吓得忍不住倒退。神灵岩果然有神的亡灵，虽然他们清楚的看到了这个神的属性等级只有 L V 二九九，但是那恐怖的属性却是让所有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不知道为何，这神级亡灵的实力加持也是和尊皇级 Boss 一样，都是达到了恐怖的七倍。即使是因为等级低了足足 L V 五零级，导致比寻常的神级亡灵弱了足足三十倍，但是七倍的实力强化上去的话，这神级亡灵的实力只是比寻常的神级亡灵弱了四倍左右。可是。 即使如此，他的实力也是远超之前林岩拿出来的那几尊准神级亡灵。不过很快，一众天骄也是松了一口气，只要能破防，大不了他们自爆一百个，甚至一千个天骄，总能击杀这神级亡灵。诸位，击杀林岩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刚刚义愤填膺的那个少年直接暴喝一声，说完不等所有人反应过来，直接就朝着神级亡灵冲了过去。轰隆隆隆，下一刻，他直接在邪神亡灵的前方直接爆开。 恐怖的爆炸能量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直接就将整个邪神笼罩在了其中。所有人看着这一幕，来不及悲伤，均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爆炸。嗡！Oh. 然而就在此时，一阵神级的威压扫过，刹那间，毁灭一切的力量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笼罩在邪神亡灵身上的爆炸直接被全部吹散。随着爆炸火焰消失，邪神那毫发无损，甚至一滴血都没有掉落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而看到这一幕，不仅是在场的天骄，即使是直播背后的无数人族，都是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眼。 怎么可能一点伤势都没有？不对，那你们看，邪神最大的那一只眼睛之上的那是什么？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天骄敏锐的发现了不对劲，指着邪神中央那一枚巨大的眼眸，惊呼一声。他的话一出，所有人甚至看直播的都是将视角切换到了邪神中央的巨大眼睛之上。下一瞬间，他们发现了一个人类的骸骨静静地站在邪神的眼睛之上，而他那全身骨骼之上不仅有血红色的地狱符文，同时也有无数玄妙的虚空之力。他正是不轻的亡灵。 刚刚那个天骄的自爆，直接被他使用虚空之力转移到了无尽虚空之中，而他头骨之中那深邃的灵魂之火，则是静静地看着前方的一万多天骄。在步青的身旁，却是浑身燃烧着火焰和寒冰的另外一具骸骨亡灵。谁能想到，这个骸骨亡灵正是刚刚还在直播的女神伊芙琳？之前还有人说伊芙琳身材好，是骨感美女，现在是真的成白骨了。林岩最终还是没有派遣其他天骄前来，因为这两人就足够了，并且他也知道，一下子暴露自己能百分之百将被杀之人的残魂爆出来的话。 事情还是有些麻烦的。要知道，此时林岩若是想的话，已经足够召唤出来两万多个天骄了。毕竟刚刚就杀了两万多个，其中顶尖天骄更是多达三十多尊。当然了，其中最为强大的自然就是步青，伊芙琳也能排在前五。两个人族亡灵，而且这两人似乎是顶级天骄级别的亡灵，好恐怖的气息！他们的实力绝对在这等级不够的邪神亡灵之上，顶尖天骄绝对是顶级天骄。林岩怎么运气这么好？从哪里爆出来的？等等，这两人，卧槽！ 该不会是步青和伊芙琳女神吧？一时间，所有人看着步青和伊芙琳的亡灵，均是脸色一变。一些脑子不笨的人很快就猜到了两人的身份。这一下，全宇宙彻底沸腾。林岩居然敢将人族天骄制做成亡灵，这已经是相当于和两大天骄背后的势力宣战了呀！步青还好说，这伊芙琳可是寒冰至强者的后人。而不出他们所料，在无尽虚空的那个神殿之中，所有至强者都是看着脸色难看到极致的寒冰至强者，选择了沉默。哈哈哈,哈，这林岩胆子够大，我喜欢。 火焰至强者此刻忍不住狂笑了起来，自己的死对头这样，他自然是最为开心的。然而很快，所有人均是发现了，不仅是寒冰至强者脸色难看，就连虚空至强者都是眉头一皱。这一下他们才想起来，这一次虚空至强者似乎是为了寻找传承者才举行的宇宙强者战，而这步青绝对是所有的虚空一脉天骄之中最近一段时间最为出名的。当然了，也有比步青强大的虚空类天才，但是那些等级都已经极强了，要是被虚空至强者看中的话，早就举行宇宙强者战收那些人当弟子了。 而现在看到不清被炼制成亡灵虚空至强者脸色不好看，也是证实了几乎所有人的猜想。这虚空至强者就是想要收这步青为弟子。想到这里，他们心中不禁为灵岩默哀三秒。一下子得罪了两个至强者，一个是人族最强的几个之一，一个则是人族最记仇的几个之一。看来这小子以后不死都不行了。即使是暗黑至强者，都是开始考虑要不要让自己儿子放弃这灵岩，因为就在刚刚，他儿子亡灵至尊已经给他发消息了，他看中了灵岩，准备收为弟子，让自己造福一下。 先不说自己有没有能力在天启意志的手中造福灵岩，就算是能，也要掂量一下。为了灵岩得罪两位至强者，划算不划算？当然了，这里的一切自然都没有知晓。<laughs> 我的女神真的成骨感女神了！可恶的灵岩，我和你不共戴天！连女神都炼制成亡灵，完了，这灵岩完了！等等，灵岩的邪神亡灵等级不是只有 LV 二四九级吗？怎么现在变成二百九十九了？属性都比之前强大了几十倍。据说有一个亡灵系的神技名为天灾进化，这技能暴率极为恐怖，非常的低。 而且只有亡灵法师亲自去爆才有可能爆出来，等级也是最低都是暗红色，所以寻常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种技能。虽然玄色的天灾进化无法让神级 BOSS 达到和玩家一样的等级，但是等级低五十级还是可以的。当初那卡尔萨斯就是凭借这个同样屠杀了大量的人族天骄，只是没有想到灵岩居然也有这种技能。死，居然还有这种技能，不愧是神技啊！有了这个技能，那亡灵法师的亡灵岂不是能随着一起提升？的确如此，不过坏处就是多一头亡灵需要的经验值就要多一倍，几头还好说。 要是数量多的话，再牛的天才也供应不起。一时间，全人族开始疯狂的讨论了起来。不过，对灵岩的谩骂自然是最多的。毕竟，在他们看来，灵岩随意屠杀人族天骄这一点就已经极为恶劣了。而在知道眼前两个亡灵是布清和伊芙琳之后，那一万多尊天骄的脸色不可谓不难看。布清实力之恐怖，曾经卡斯特罗姆和他战斗，不过只是不到十招就认输了。毕竟，半步至高级天骄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还成为了亡灵，这简直就是在开星际玩笑。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步青可是恐怖的虚空之力拥有者。虚空之力战斗极为诡异。好、哦，可惜不等他们多想，邪神亡灵就已经仰天怒吼一声，唰唰唰！下一刻，无穷无尽的触手朝着那些天骄狠狠地砸落而下。所有的天骄看到这一幕，全部都是开始疯狂的躲闪。轰轰轰轰！可惜还是有一些实力不够的躲不开，直接就被当场拍死。嗡、哦嗯！而不清的亡灵也没有丝毫废话，直接开启虚空之力。 手持匕首的他，如同一个无影无形的刺客一般，疯狂的在人群之中收割。这些天骄根本挡不住步青的暗杀。同时，因为加持了灵年的气运，这步青亡灵几乎就是一刀一个小朋友，刀刀暴击，致命一击也出现了好几次。轰！而伊芙琳则是全身直接绽放出无尽的火焰和寒冰之力，幻化成为一尊实力恐怖的冰火神皇，朝着那些天骄疯狂的冲去。冰火神皇的火焰极为诡异，被点燃之后会在无尽的寒冷之中被烧成灰烬。而且加持了灵年的暴击，彗星一击，他们的伤害值直接爆表。 只要被点燃，那就不可能活下来。面对这么三尊恐怖的杀神，上万个寻常天骄哪里是对手？全部都是鬼哭狼嚎的被疯狂屠杀。即使是自爆，也是没用。林岩的所有亡灵都是心意相通，像是自爆这么一种基础的伤害，虽然威力恐怖，但是不轻，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打开虚空，将这自爆直接吸了进去。仅仅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无数强者的瞩目之下，上万个天骄全部陨落。看着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吓得沉默了，没有一个人说得出一句话来。林岩真的以一己之力。 灭了所有的三万个天骄，这恐怖的实力简直颠覆了他们的想象。同样是天骄，这可是三万人，其中还有足足三十多个顶级天骄，可是全部都死在了林岩的手中。这一刻意味着这个赛区的天骄几乎死绝，没死的除了没有来的，就是逃离的那两千多个平民天骄。这林岩绝对是至高级的亡灵天骄，不然不可能连步青和伊芙琳这等天骄都能炼制成为亡灵，并且还能将他们的实力提升到这种程度。有意思，至高级的亡灵，看来暗黑至强者，你的儿子这一次真的要收一个好弟子了。 当然了，前提是他有那个胆子。这一刻，一个个至强者也是感慨的讨论了起来。这林岩的实力，甚至比一些低级元素的至强者年轻时候都要强大了。哈哈，我儿子胆子自然不小。而暗黑至强者也是狂笑了起来。之前他还在纠结会不会得罪两大至强者，可是现在见到林岩如此恐怖的实力，他瞬间就不担心了。得罪那又如何？还能杀了他不成？即使是虚空至强者想要杀他，也得做好重伤的准备。而至强者重伤想要恢复。 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林岩赢了，但是我们却是连他的样子都没有见到。他自己本身的实力有多强，我们谁也不知道。毕竟当初他击杀步青的时候，可是没有依靠这邪神亡灵的。这邪神亡灵虽然等级提升了，比活着时候的步青都差不多了，但是步青可是虚空之力的掌控者，想要跑，这邪神亡灵不可能追得上。除非林岩还有更加强大的亡灵，亦或者他本身的实力极为强大。当然了，他拥有更加强大的亡灵的可能性绝对更高。只是我想不出来，什么亡灵实力能超越步青。 难不成是和他同等级的神级亡灵不成？总不可能是至高天教的亡灵吧？很快，一个至强者分析了起来。所有的至强者都是点头。这些谜团或许只能等第二轮和第三轮他们才能看清楚了。虽然所有天骄都死了，但是直播依旧继续。毕竟直播设备一直都没有被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嗡、哦！然而就在此时，直播画面却是开始变化了。一道空间波动再次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看着那开始裂开的空间，原本已经以为结束的人族境内所有人均是激动的看向了画面。 终于，随着那个空间裂缝裂开，一个少年缓缓地从空间裂缝之中飞了出来。而少年的样子一出现，所有人均是瞪大了双眼。他们想象过灵岩是什么样子，瘦骨嶙峋的白骨老人，亦或者和亡灵一般只剩下的白骨的骨架子。毕竟，这就是一般亡灵法师的样子。召唤亡灵，只要失败，就会遭到反噬，反噬会让亡灵法师变得人不人鬼不鬼，而且还是无法隐藏、无法变化的形态。可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个俊逸非凡、气质极为不俗的少年。 少年那俊秀的样貌，加上他那恐怖的实力，一时间居然让观看画面的无数人族少女为之心动。人族宇宙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族宇宙区，就是因为几乎所有种族的样子都是和灵长类差不多，因此所有人的审美都是极为接近的。除了个别已经算不得人族的种族除外，特别是林岩也是发现，几乎九成的宇宙文明长相和地球人族都是一模一样。越发顶级的文明，相似度越高，其中的缘由估计得等林岩接触到宇宙的高层才能得知。 当然了，林岩这如此俊逸的外形，却也是让无数男性更加的愤恨了。废话，他们能接受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弄死了那么多的天骄，但是绝对接受不了他们想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存在比他们还要帅，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啊！一时间，对林岩的谩骂在各大文明的论坛之上更加的火爆了。而林岩自然知道，可是他丝毫不在意弱者的看法，于他而言没有丝毫价值。林岩的双目冰冷的扫视到了直播仪器的镜头，瞬间那蔑视一切的目光让无数文明的人心头一颤。 仿佛被什么绝世大凶盯上一般，即使是一些等级达到了八九百级的强者，都是有这种感觉。如人族乃至宇宙所有看着这一次直播的人所想，我就是林岩。林岩缓缓的开口了。虽然知道他就是林岩，可是当他承认的一刻，全人族还是骂声不绝于耳。我知道现如今整个人族所有人都想杀了我，不过妈，想杀我的人多了，可惜他们都死了。林岩平静的开口了，而话语之中的傲气，却是让无数人更是骂得更欢了。第一轮的比赛也就只有一个小时了，闲着也没事。 我这里有个视频，想请在座的诸位看看。视频之中有所有你们一直在讨论的事情。当然了，看完之后还有人想杀我，我林岩奉陪到底。林岩不屑一笑，随后右手直接一挥，嗡！<Whoa. S 1> 瞬间天际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投影，而投影之中很快就出现了自从林岩进入第五赛区的事情，其中剪辑了林岩用亡灵杀怪的事情，着重介绍的就是林岩如何召唤出邪神的亡灵，并且将之强化到神级，同时邪神亡灵如何失控的画面。看到这里，全人族的人都是懵了。 林岩的邪神居然真的失控了，而且还在疯狂的追杀林岩。可是这邪神亡灵不是后来被林岩收服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然而下一刻，通过邪神亡灵的视角，他们也是看到了第一批五千个天骄来灭杀邪神亡灵，然后被邪神终极大招反杀的画面。这一刻，所有人懂了。林岩这好像是在澄清，澄清那些人比不是他杀的。一时间，原本对林岩口口声声说要喊打喊杀的人，顿时平息了一些。那五千个天骄的死，似乎真的怪不得林岩。 这些天骄去杀神级 BOSS，自身实力不足被反杀。即使这亡灵是林岩控制的，都怪不了林岩。更何况这邪神亡灵已经失控了。原来事情是这样。那之前斯卡洛尔他们的死的确和林岩没关系。他估计也是在获得的积分之后才知道这些天骄死的。不错，这是记忆投影术，不能作假。啧啧啧，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从林岩一开始的红名上看，他杀的人几乎都是失控的邪神杀的，而他本人杀的加起来，似乎连红名榜前一亿都排不上。这要是还说他杀人成性，不知道其他的那些天骄算什么。 那些天骄可是每一个都在前百万的排名之上的，而且这些天骄杀的人，仔细算算，也算是我们这些寻常文明的普通人。卧槽！那这样说来，林岩这还算是为民除害？一时间，关于林岩的舆论瞬间平息了一些。等等，他这个不对劲啊！邪神都失控了，他怎么在短时间之内将失控的邪神控制的？难道作假？不仅如此，还有就是不清不清的死，还有这三万天骄的死，怎么解释？对啊，他可是刚刚升级到七阶赛区就杀了不清后面更是将三万天骄全部杀了。 这还说不是嗜杀成性？虽然技不如人死了也活该，可是我们骂的也不错。就是就是，一时间一些人又开始骂了。他们均是想起来了那些死去天骄的惨烈，就因为这一点，他们都不能原谅林岩。然而面对这些评论，林岩诡异的笑了。画面也是快进，很快林岩出现。画面之中的林岩直接对着虚空开口了：“天启，将我的等级从 LV 二百提升为 LV 二四九级。”这么一个声音一出，所有看着这画面的人全部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林岩升级。 也就是说，之前击杀邪神的时候，灵岩的境界只是 L V 二百，L V 二百单杀堪比准神级 boss 的邪神。一时间，无数人为之骇然。等级提升，实力自然随之提升。画面之中，灵岩只是见到邪神亡灵，一瞬间就使用亡灵之术将对方彻底掌控。这恐怖的画面看得所有人头皮发麻。即使是其他赛区的那些天骄，看到这一幕都是倒吸一口凉气。如此实力，岂不是说明灵岩本身的战斗力也绝对达到了至高级天骄？不仅是这些天骄。 就连神殿之中的所有至强者看着这一幕，都是惊叹了。这灵岩本身实力居然能收服邪神亡灵，这战斗力三万天教书的不冤枉。若是灵岩亲自上的话，这一场战斗将结束的更快。好家伙，本身实力比亡灵还要强大，这宇宙开辟以来头一回啊！等等，你们看出来灵岩使用的力量了吗？这小子居然把自己如何收复的画面全部剪辑了，还真的是谨慎啊！可能他有什么短板，怕被人看出来吧？这小子自己使用的应该不是亡灵之力，亡灵之力。 就没有几个亡灵法师自己战斗的技能。要是我的破坏之力多好，我肯定收他为弟子。啧啧啧，暗黑之力我也收，让我儿子当他师兄，教他亡灵之力不是更好？这小子还真的是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期待啊！一时间，随着林岩的实力暴露，虽然只是一个照面，连林岩如何收服的邪神亡灵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一刻，所有人都承认林岩的战斗天赋绝对达到了至高天骄的级别。毕竟，即使是至高天骄，想要单杀神级 BOSS 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说是这种亡灵神级 BOSS。 这一刻，几乎所有的至强者对林岩都是来了兴趣。若是林岩修炼的是他们一脉的元素，他们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收其为弟子。而视频依旧在播放，只是接下来的画面却是让原本所有为不清打抱不平的人全部呆滞了。因为画面之中出现的是伊斯塔穆尔用不知道什么东西逼迫不清抢夺林岩女朋友的画面。虽然画面之中没有出现林岩女朋友的样子，但是林岩能拿出来，那这两人绝对是林岩的女朋友。之后，林岩升级赛区赶来，虽然没有任何林岩如何击杀不清的画面，但是这些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了，从林岩能收服邪神王林，他们就知道林岩的实力绝对远超不青。现如今，所有普通人最为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五千天骄是自己去攻略神级 BOSS 送死，林岩都不知道他们死了，这肯定怪不到林岩头上。至于不清，那就好笑了。好家伙，他们为不清打抱不平，还扬言要将林岩这么一个随意虐杀人族天骄的邪灵击杀，感情都是自己自作多情。这不青才是那个没事找事，还要抢人家女朋友的人，而他们一直为不青说话，搞得他们也是帮凶一样。而随着不青的人设崩塌， 一时间，那三万天骄联手去诛杀灵岩的事情也成为了笑话。他们口口声声打着为人族除害的口号去找灵岩，甚至上演了一幕幕感人肺腑、英勇就义的画面。现在看来却是那么的可笑。灵岩从始至终都才是受害者。若是灵岩实力没有这么强，那今日死的就是灵岩，而且灵岩这个名字也将成为全人类唾弃的存在。而视频到了这里，灵岩也是关闭了。这些所谓的天骄，为了所谓的名声，不调查事情的经过，也不管真相是什么，就来随便打杀他人。可笑的是，一群蝼蚁而已。 居然也敢来找我的麻烦！不过我这个人心比较软，我知道这些天骄之中有不少不明真相，并且只是底层出身的，所以给了他们机会。毕竟我也出自于底层文明，知道他们一步步走到这里不容易。若是被那些所谓的大世家当枪使了，被杀也是可惜。只要他们逃走，我的亡灵都不可能追杀他们。可惜了，这些人一心送死，我也不可能饶了他们。灵岩语气平静的开口了：“和他搞站在道德制高点，很好，那他就站在最顶端喷，看谁敢来说什么。”而说到这里，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 怪不得之前有天骄逃命，那些亡灵居然不追。要知道，只要亡灵追，那些天骄绝对跑不了。原来都是林岩饶他们一命。而随着林岩说出自己也是从底层文明出来的人的一刹那，事情就不一样了。任何地方都有贫富对立，而在这星际文明时代，对立更加的恐怖。整个宇宙九成九的文明和人都是底层文明，而所谓的底层文明其实并不底层。只要不是宇宙国，即使是顶级星域文明，都算得上是底层文明。因为宇宙国和星域文明差距实在是太恐怖了。这些文明出一个天骄。 那绝对是宇宙大爆炸以来头一遭，而现在居然被那些大家族的天才利用，来找林岩的麻烦，最终平白无故死了。一时间，整个人族宇宙区彻底的乱了。我就说之前没有听说过林岩的名字，原来也是从小文明出来的。妈的，我就说事情不对劲，这些所谓的天才口中大义凛然的说什么为了诛杀林岩自爆现身，还嘲讽那些逃走的平民天骄。他们当然敢自爆了，死了他们也能复活。可是其他人死了就是真的死了啊！哈哈，原来小丑才是我们，我们全部都是被伊芙琳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玩了。 他们策划这一次的讨伐，不就是为了出名吗？即使是万一失败了，他们也能复活。而林岩和那些底层出来的天骄，死了就是死了，没看到吗？你天赋好又如何？就连那步青，还不是被有权有势的人给玩弄的，和一条狗一般，最后连命都搭上了。当然了，步青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伊芙琳女神，我看八成是上层人的婊子而已。哈哈，这话我爱听。没看到他之前和好几个天骄都眉来眼去吗？怕是都被玩坏了。一时间，原本的舆论彻底反转。 当然了，林岩知道，说的再多也抵不过林岩一句自己是从底层文明来的这句话一出，才让所有人回过神来，察觉到这一次所谓讨伐的实际目的，无非就是伊芙琳等人来镀金，同时诓骗那些底层天骄一起来送死的吗？高层出一个天才就是人族之荣幸，而底层出一个天才那就是邪魔，需要被正义制裁。这种桥段最容易激起所有人的愤怒。同时，随着所有人都是回过神来，整个人族宇宙区几乎所有文明的论坛聊天平台都彻底爆了，即使是宇宙国的论坛也是如此。 毕竟，即使是宇宙国之中，也是有大量的底层人。伊芙琳等人和林岩的口碑可以说两极反转。此刻，林岩就是整个人族文明底层人的代表。即使还有一些人在骂林岩，也是马上就被冲下去，甚至有不少直接被线下真实。即使是各大文明的高层，都是怕被宇宙国所迁怒，连忙将所有的论坛下架。可是，天启论坛可是由天启意志所掌控，即使是这强者都无法对其做出任何的修改。因此，所有人都是转战到了天启论坛之上。同时，也因为这一次的屏蔽事件，几乎所有人都对高层越发的不满。 然而，看着这些灵岩知道还不够，因为他要让所有人知道，惹了他灵岩的下场是什么。最后还有一件事，直播之中，灵岩开口了，所有人均是激动的盯着天启论坛的直播画面，而那些宇宙国的所有拥有十五阶以上强者的高层，均是脸色难看的看着画面，想要看看灵岩到底要说什么。因为灵岩的这么几句话，他们原本稳固的统治地位遭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虽然他们的武力能绝对碾压，可是他们清楚，如此大规模的事件，除非是将整个人族底层都抹除，不然的话，他们越是压制，越是爆发。 同时，几乎所有高层对林岩都是有了灭杀的念头，甚至于至高神殿之中的所有至强者都是眉头紧锁。高层能有他们高？林岩这是在动摇他们的统治啊！况且人族动荡可不是一个好事情。不过，一些同样从微末之中走上来的至强者却是看着林岩充满了欣赏，其中就包括虚空至强者。当初的他可是承受了不知道多少压力才能走到这一步。此时的他也想看看林岩想要说什么。而在整个人族的瞩目之下，林岩最终开口了：“我林岩说这么多。” 并不是博取同情，只是想要说明一件事：我已经把所有能忍让的事情都做了。接下来了，若是还有人敢来招惹我，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什么身份，我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杀。即使你是至强者的儿子，敢来招惹我，就做好死的准备。灵岩冷厉的开口了。这话一出，全人族再次沸腾，无数底层激动的欢呼。虽然担忧灵岩，但是更多的却是兴奋。作为底层，他们之中也出了感世神之人。而灵岩最为劲爆的事情还没说，另外直接告诉你们，第二轮的比赛。 我将直接升级为第十届赛区，毕竟这个赛区的天骄都被我杀光了，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区区第一，我不在乎。到时候想杀我的，要么升级到第十赛区，要么自降等级到第十赛区来找我。我林岩等着你们。当然了，来之前记得写好遗书。林岩嘴角微微上扬，语气戏谑的开口了。说完，他指尖点了一下不远处的直播仪器，轰！随着一个轰鸣声，直播画面彻底消失。而林岩最后通知的消息，却是在一瞬间传遍了所有赛区，传遍了全人族宇宙区。宣战！ 林岩，这是和全人族宇宙区内的所有天骄宣战，自降等级也是能做到的，而且并不麻烦，只需要将自己的等级散去就行。只是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做这种事，毕竟到了后面，即使是天骄升级都是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你还要保证自己的寿命足够，比如一个十阶强者能活的时间不过只是三万年，可是一个十五阶，也就是等级达到了 LV 一千级以上、LV 幺幺九九级以下的强者，寿命却是达到了恐怖的一亿年。若是活的时间超过了三万年， 你将等级缩减到了十阶的话，瞬间就会化作灰烬死去。可是林岩的这个宣战一出，即使是那些十五阶赛区以下，也就是等级在 LV 一千级以下的天骄，全部都是双眼火热了起来。毕竟作为天骄，三万年以内都达不到十六阶的话，早就被人笑死了。因此，几乎所有的十五阶天骄寿命都能达标。也就是说，这一刻林岩是在对整个宇宙所有的人族十五阶以下的天骄宣战。一瞬间，无数人都为之骇然了。全人族文明的强者无一不是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的看着直播画面之中的林岩。 他怎么敢呢？一人宣战全宇宙的人族天骄，要知道这么多的天骄之中，至高级天骄都不止一百个，而来自于底层文明的所有人却都是激动的欢呼了起来。这一刻，林岩是他们所有人的偶像，是他们所有仰望的存在，而这些人几乎是占据了全人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哈哈，<laughs> 不愧是我的儿子，这话就是霸气！十一阶赛区一个秘境之中，刚刚才单手搅碎了一头尊王级 BOSS 的林战，看着画面之中的儿子，忍不住仰天大笑了起来。 作为父亲，他此刻对自己拥有这么一个儿子格外的自豪。至于危险，他自然知道，可是那又如何？他相信自己的儿子，同时也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任何可能会损害自己的事情，因为那小子从来都是如此，做任何事情都会将后果考虑清楚。叮，第一轮考核结束，即将开始传送至第二轮赛区，请所有通过考核之人做好准备。同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提示音也是传遍了整个人族赛区，无数人听到这个提示也是脸色一变。第一轮终于结束了。 而没有等这些人回过神来，林岩的直播直接中断。同时，所有赛区那些积分能达到第二轮标准的天才，都随着一阵空间波动，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虚无之地，这是一个没有一切物质的地方，没有光，甚至没有黑暗，任何人都无法感知自己所在位置以及周围有什么。此刻，所有成功晋级的玩家都是出现在了这里。然而，随着所有玩家的出现，他们的周围渐渐出现空间光芒，很快，周遭就变成了一片白色的空间，所有人都能看到其他同赛区的人站在自己的不远处，不管是上面。 还是下方密密麻麻，一望无际都是人。因为进入到了第二轮的准备点，所以原本已经组队的人都被打散了。林岩周围也是看不到了塞西利亚他们。不过林岩没有在意，自己已经将两人对应的转职卷轴给了他们。只要他们不是去送死，在这第七届赛区，他们都将没有敌手。卧槽！林岩，林岩在我们旁边！突然，位于林岩不远处的玩家发现了林岩，并且不可置信的惊呼一声。他的话一出，方圆数万公里的人都是看了过来。卧槽！林岩，真的是林岩！林岩居然就在我们附近！偶像，我的偶像啊！ 可惜无法移动，不然一定要找他签名。一人宣战，整个人族宇宙区，这得有多么恐怖的实力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哈哈，终于有人对那些所谓的高等文明开炮了。一瞬间，林岩在这附近的消息越传越远，无数人都知道了林岩的大致方向。这一刻，他们所有人都是激动的，因为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是所谓的底层文明来的，毕竟宇宙国，而且在宇宙国之中还能算是高层的人太少太少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声声欢呼声，同时崇拜林岩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而林岩则是笑着和周围的人点了点头。 嗡、哦！然而，就在此时，一阵无上的波动传来，随后一尊通天彻地的神影浮现在了天空之中。这一刻，所有人都是朝着神影看了过去。然而，这一眼顿时就让不少人瞳孔一缩。只见一尊手持巨大神剑的铠甲人影静静的站立在无尽遥远的地方，但是每一个赛区，每一个玩家却是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对方那庞大无比的体型。天启执法者，居然是天启执法者！据说不是每一次宇宙强者战都会出现天启执法者的，甚至于数万次都不一定出现一次。 但是只要出现，无一例外，日后都会在各个赛区的优胜者之中诞生一尊至强者。卧槽，还有这种事情？百分之百吗？对，百分之百，没有例外。上一次出现是三万亿年前破灭之强者他们那一届。死，那岂不是说我们这一届也会出现一个至强者？难道是林岩？对，很有可能就是林岩。亡灵至强者的位置还空着，不可能。林岩的天赋和实力虽然都很强大，但是林岩的亡灵等级，按照他的亡灵实力分析，估计不会超过 L V 幺三零。这个天赋虽然强大。 但是比起现如今亡灵一脉的最强者，亡灵至尊可是弱了不少。亡灵至尊可是已经 L V 二百级的亡灵系超级天才了，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强亡灵系天才。不错，林岩虽然强大，但是这一次断然不可能是林岩。而且林岩的强大也仅限于十阶以内，到了十阶以上的赛区，至高天骄数量不少。若是到了十五阶以上，更是多。同时，能达到二十阶的强者，无一不是至高级天骄。若是这一次真的出亡灵系的至强者的话，亡灵至尊才是最有希望的。无数人此刻开始疯狂的讨论了起来。 天启执法者出现的画面实在是太震惊了，就连那些在观看的至强者都是坐不住了。百分之百出现至强者，这就是天启执法者出现的牌面。即使是这一届没有一个有资历达到的，只要出现天启执法者，那必然有人能成为至强者。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出现至强者的时间可能是一天、十年、一万年、一亿年，不过绝对不会超过一亿年。一亿年内，人族将会出现下一尊至强者，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届时，整个人族宇宙区的领地划分都会开始疯狂洗牌，为这个新的至强者腾出一个新的宇宙国位置。这一瞬间，他们也开始好奇，到底是谁能成为至强者。同时，所有人都是将目光看向了十五阶以上的赛区，因为只有十五阶以上的赛区才有可能出现这等天才，百分之百出现至强者吗？有趣。不过这个和我没关系吧，我可是必然成为至强者的。而林岩看着这些，却是微微一笑，没有在意。他这一次之所以一次性宣战所有天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疯狂叠加被动。他是看出来了。 在自己现在的等级，即使是击杀神级 boss 能获得的被动等级，也不过只是 L V 幺七零级。要想获得 L V 幺六零级以上的被动，就只能去击杀天骄。七阶赛区被他杀光了，八阶、九阶，估计自己进去，别的天骄跑都来不及。只有十阶，还能有人敢和自己战斗一波。不过，绝对不会出现这一次的三万天骄来围攻自己。所以，灵岩只能对全宇宙宣战。至于十一阶、十二阶，没办法，灵岩获得的经验值不够让他一下子升级到那么高的等级，所以只能在十阶赛区宣战。 希望这十阶赛区会多来一些 boss 给我刷刷刷，不然到时候装备等级跟不上，怕是要被人锤爆一，到时候就丢人了。林岩无奈的想着。叮，人族宇宙区强者战第二轮开启，规则介绍：本轮比赛为登天模式，每个赛区的天才都将将会出现在一条天梯之上，天梯每一层都会出现相应的 boss，登天等级越高，分数越高，同样的天梯数量则以速度为准。七阶赛区最终排名在前一万斤的玩家将直接进入第二轮。然而，这第二轮的考核一出。 全宇宙的人族却是都愣住了。登天模式，这不就是说明零岩的宣战暂时用不了了，只能去第三轮了。毕竟登天模式，任何玩家都不会遇到对方。同时，这登天模式和第一轮那种需要实力和运气相结合的考核不一样。登天模式只看实力，纯纯的实力。当然了，你若是辅助系的话，就自求多福吧。而且这一次的淘汰率那也是恐怖到极点，一波之后直接就将人数缩减到只剩下一万斤。一万斤的人数很多吗？多啊。 可是，在大宇宙之中却是少的可怜，一万金就是一万亿亿的人口数量，比人族现如今的人口数量都多不了多少。要知道，现如今人族的人口数量可是达到了几千亿亿。第二轮结束，全赛区就只剩下了这么一点人，可想而知，接下来的考核将会有多么的恐怖。怪不得说，这第二轮能通过的人，至少都是 R S S S 以上的天赋。不过，这个天梯模式似乎也挺不错的呀，几乎就是给我准备的。林岩看到这里，顿时就眼前一亮，自己宣战的十阶赛区正好。 趁着现在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时间能提升到的巅峰，到时候自己也不会太过被动。丁，即将开始传送，请做好准备。而就在此时，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嗡嗡嗡！瞬息间，林岩周围的人都是随着一阵阵空间波动消失在了原地，林岩也是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下一额，当林岩再次恢复意识之后，他的身形却是已经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通天光幕面前。林岩抬头看去，光幕足足三千层。 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天梯，应该是自己上去的层数越多，就能获得越好的成绩。随即，林岩打开了排行榜，却是发现就在自己看的这几秒，已经有人冲到了十多层了。看来这些人是真的勇。不过这天梯是面对所有第二赛区的玩家的，那前几轮应该不会出现特别厉害的存在吧？既然如此，天启意志，给我解锁所有的经验值，升级到十阶，同时使用所有的装备升级卡，升级我的装备等级。林岩没有犹豫，直接对着天启意志直接开口了。丁，接受指令，开始升级等级。一声提示音瞬间传来。 轰隆隆隆！刹那间，林岩清楚的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开始疯狂的涌动起来，狂暴的力量。同一时间，林岩的气息开始疯狂的暴涨，十倍、百倍、千倍。同时，林岩身上的套装也是开始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等级也是飞速提升。而随着装备等级的提升，林岩的属性暴涨的越发的恐怖。终于，随着林岩的经验值疯狂的消耗，他的等级从原本的三百四十九一路飙升，最终直接暴涨到了 L V 五零三级才停止，因为此时林岩的经验值耗尽了。 足足三万多个天骄，每一个的经验值都卡比尊皇级，而尊皇级的经验值是可以越级二百个等级的。可是即使如此，此时还是全部耗尽了，因为等级差距太大的原因，到了后期经验值的消耗几乎就是天文数字。不过好在林岩的等级还是堪堪达到了十阶的门槛，也就是 L V 五百级，接下来只需要提升等级就行。丁，恭喜玩家，您的等级提升为 L V 五零三，装备等级提升为 L V 五百级。丁，恭喜玩家，您全属性提升三点五万倍，达到七千金。 两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属性果实还没加，若是加上的话，应该能刚刚好提升到一万斤的全属性。林岩感受了一下自己现如今的实力，思索了起来。除去装备之后，林岩的基础属性也能够十斤的。果然，只要等级足够，即使基础属性都能让自己的实力达到无比恐怖的程度。不过，同样的，所有的野怪等级高了，实力都会提升不少。没有装备，即使是天赋再高，最终也会因为连最弱的小怪都打不过，从而卡死在某个境界，无法提升境界。天启，我现在进入天梯的话。 这个天梯应该就是十阶赛区的了吧？随后林岩读者天启意志开口了，因为他的等级提升了这么久了，天启意志居然没有提示自己提升赛区。定是的，天梯会根据您的个人实力提升而提升等级，最终统计将会按照您等级所处的阶段来统计。不过这样的统计方法有一个很直观的数据，那就是不管你的等级是 L V 十还是 L V 一千，只要的天梯等级比 L V 一千的高，你的同等级战斗力就比对方强大。面对林岩的疑问，天启意志却也是做出了回应，这解释让林岩恍然的同时也是眉头一挑，没想到还有这种说法。 也就是说，自己的天梯若是比二十个赛区的所有强者都搞的话，也就意味着同等级之内自己就是无敌的。当然了，一两层自然是差距不大，要想拉开差距达到真正的无敌，至少也得几十层吧。有意思，让我看看这个所谓的天梯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林岩说完，直接一步跨越出去，瞬间就进入到了光幕之中。嗡 <Wow>，随着一阵天旋地转，林岩的身形直接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火海之上。林岩仔细一看，却是发现脚下的不是火海，而是一颗正在燃烧的恒星。 而且这一枚恒星极为庞大，直径至少都是太阳的百倍以上，甚至在恒星的某些地方已经化作了黑色，也就代表那些地方的引力之庞大，已经让光线都无法穿透的地步。叮，您进入天梯光幕第一层，即将开始考核，请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嗡、嗯！然而就在此时，林岩脚下的火焰居然开始疯狂的涌动了起来。好！突然，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声从脚下的火焰之中爆发而出。轰隆隆隆！随后，在一股恐怖的气息之中。 一尊庞大无比的巨兽从恒星之中冲了出来，当然了，它的庞大仅仅只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实则它的高度也不过只是数百万公里，相当于寻常的十阶王级 BOSS 的水准。这才第一层就已经是王级 BOSS 了吗？林岩看到这这一幕，顿时就眉头一挑。要知道，按照自己老爹林战曾经二级的天赋，即使是十阶的王级 BOSS，他也打不过。可是这一次第一轮的考核就是王级，那也就意味着，即使是第一层的天梯，也需要至少二甚至二 S 级的天赋才能通过。有意思，不知道后续的关卡会不会更加的困难？ 林岩看到这里也是笑了，boss 的实力越强，他自然是越发的开心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能报到更高等级的被动。好，而就在林岩思索的时候，那一头王级 boss 已经来到了林岩的面前，张开了巨大的口，朝着林岩狠狠的咬了下来。林岩只是右手微微一挥，轰，一股无尽的火焰直接如同潮汐一般轰在了这一头体型比地球都大了数万倍的恐怖巨兽之上，在被火焰笼罩的瞬间，巨兽直接就被火焰烧成了灰烬。丁，恭喜您击杀 lv 五零三级王级 boss，获得经验值一百金，获得星元。 一百丁，恭喜玩家成功复制被动火焰之力 Lv 五零，50, 力量强化 Lv 六零，速度强化 Lv 六零，体质强化 Lv 六零。同时，一连串的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灵岩倒是没有在意，仅仅只是王级 Boss 就能爆到 Lv 五零的被动了吗？不知道尊皇级 Boss 能爆到多高的被动？灵岩有些期待了。丁，您通过第一层，即将开始第二层。一声提示音传来，灵岩眼前再次一晃，下一刻，他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却是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森林上空。好，好。而下一刻，两个低沉的嘶吼声从森林之中传来。轰隆隆隆！下一刻，大地开始疯狂的塌陷、裂开。瞬息间，无穷无尽的藤蔓从大地之中破土而出。这些藤蔓冲天而起，朝着天空之中的灵岩疯狂的打了过来。这一次是木属性吗？数量也多了。灵岩眉头一挑，倒是没有犹豫，直接指尖朝着下方一点。嗡、哦！瞬间。 无穷无尽的木之力直接笼罩了方圆数百万公里的大地。下一刻，一条条比这些朝着灵岩拍打过来的藤蔓要粗数万倍的巨大藤条疯狂的从地底长了出来。这些藤条长出来之后，直接插入到了地底开始搜寻。很快，两团巨大的藤蔓球从地底破土而出。而在藤蔓球之中，则是两个巨大的树根。这两个树根就是这次的 BOSS，同样是 LV 五零三的王级 BOSS。灵岩也是没有在意，直接随手用力一捏，巨大的藤蔓球瞬间收紧。轰轰！ 两个巨大的树根直接就被巨大的藤蔓捏爆，死在和自己一样的属性手中，也算是死的比较惨了吧。随后再次传来提示，灵岩复制了对方的被动，同时即将开始第三层，和灵岩预估的才差不多。第三层的怪也是王级，不过数量达到了三头。之后第四层四头王级，第五层五头王级，以此类推，一直到足足九十九层，就是足足九十九头王级 BOSS。而九十九头王级 BOSS 虽然强大，甚至每秒的输出已经高于帝王级 BOSS 了，但是真的打起来，帝王级 BOSS 能诛杀他十次。 原本林岩以为到了第一百层会变成黄级 BOSS，但是令林岩意外的却是，这一次出现的却是一百个王级 BOSS。这一瞬间，林岩有些懵了，这总不可能三千层就是三千个王级 BOSS 吧？林岩嘴角一抽，不过他也知道不可能，很快他也就释怀了。他之所以看不起一百个王级 BOSS，是因为自己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但是若是面对这些 BOSS 的是一个寻常的 R S 天才的话，一百个王级 BOSS 足够把他打的妈都不认识。这可是十阶 L V 五零三级的王级 BOSS。 其攻略难度远比 L V 0百级的帝王级 Boss 都要来的强大。不过令林岩意外的却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这一百多层的 Boss 每一层的元素都不一样。随后他开始好奇了，这天梯一共三千层，难不成三千层的天梯每一层的元素都不一样？若是如此的话，岂不是意味着这最后的一层就是传说之中的时间之力？想到这里，林岩瞬间就将脑海之中对着天梯的轻视一扫而空。时间，一切元素的终极所在，从未听说过有人能觉醒时间之力。 而这种元素此时却是有可能出现在这天梯的最后一层，那林岩如何能打得过对方？看来这天梯没有我现在想的这么简单啊！林岩的眼眸微微一闪，不过他还是深吸一口气，随后继续天梯。到了一百层之后，每提升一层却是多足足十头王级 BOSS，这是让林岩有些意外的。不过他倒是没有在意，继续开始闯。很快就达到了二百层，第二百层拥有王级 BOSS 足足一千一百头。不过到了这里，每提升一层将会多足足一百头王级 BOSS，这就让林岩开始惊喜了。 因为这样一来，二百九十九层正好就是一万一千头，一万一千头王级 boss 已经相当于给林岩提供一个 L V 七零级的被动了。这还只是王级，之后就是黄级 boss。若是林岩猜的没错的话，三百层就是黄级 boss。果然，和林岩猜测的一模一样，第三百层的 boss 的确是黄级 boss，而且还不止一头，足足十头黄级 boss。每一头击杀之后都能爆到 L V 五零级的元素之力。当然，即使是十头，其难度也是远远低于二百九十九层的一万一千头王级 boss。不过，林岩没有在意。 只是动手疯狂击杀，和之前一样，到了四百层开始，每加一层就是足足一百头黄级 BOSS，而到了 LV 五百层开始，就是足足加一千头黄级 BOSS，五百九十九层，足足十一万头黄级 BOSS，这恐怖的数量让林岩都是忍不住感慨，这考核果然没有想的简单，这么多的黄级 BOSS 能给林岩带来的元素之力等级直接提升到了 LV 八五，虽然对于现在的林岩而言以及用处不大，不过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还没有结束，六百层开始就是帝王级 BOSS，开局就是一百头，而这一次。 帝王级 BOSS 一头能带来 LV 七零级的被动，可以说极为恐怖了。怪不得到了这个等级，要想击败帝王级 BOSS，只有 RS 级的天赋才行。这么高的被动加上 BOSS 本身的血量就极为厚，没有 RS 的天赋站着不动给你打，估计都要打几个月才行。这一次到了八百九十九层的时候，帝王级 BOSS 数量达到了一百一十万头，全部击杀之后能给灵岩带来的被动等级已经达到了整整 LV 一百级。接下来就是九百层，圣王级 BOSS。当等级到了这里，灵岩才惊觉，三百层提升一个 BOSS 等级。 那岂不是说一千二百层就是尊王，一千五百层就是尊皇，一千八百层以上就是神级 BOSS，两千一百层以上就是神级之上，而且数量还不止一头。这一刻，林岩倒吸一口凉气，操了，这三千层的天梯什么人能打穿啊？刚刚还嫌弃前几百层 BOSS 数量少、实力弱的林岩，此刻被啪啪啪的打脸。不过他估计这个三千层，整个宇宙都没有人能打穿，甚至于两千层以上都没有。毕竟两千层以上的神级 BOSS 数量极为恐怖。 即使是能击杀神级之上 BOSS 的存在，也无法打穿。不过林岩很快就有些激动了。为何激动？这个赛区有神级以上 BOSS 啊，而且还有大量的 BOSS 可以给林岩爆。只要林岩慢慢来，将这些 BOSS 都转化成为亡灵，那凭借着亡灵之力可以提升亡灵实力这一点灵岩，林岩就有可能一路将整个天梯彻底打穿。想到后期有可能遇到的时间之力拥有者，林岩就有些兴奋了。若是真的能成功的话，自己将彻底无敌。冲了！林岩没有再犹豫，直接一巴掌朝着下方拍了下去。轰隆隆隆！ 瞬息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还没露头的圣王级 BOSS 就被灵岩直接抹杀。接下来九百零一层。而与此同时，就在灵岩闯关的同时，整个宇宙的二十个赛区也是在闯天梯，同时排行榜也是同步直播在了几乎所有文明之中。之所以能有直播，也很简单，所有赛区之中都会有不少人自知自己就是来充人数的，所以他们就兼职将各个赛区的排名发送给自己在外界的好友，而那些人也是在外界进行直播，从而收取钱财。当然了，直播的人太多了。 所以能不能赚钱也是要看自身的名气或者实力，而且越到后期被淘汰的人越多，不少的直播间主播因为被淘汰，所以无法直播，也就导致越到后期能直播的人都是天赋强大之人。到了第二轮，能直播的人天赋至少都是 R S S 及以上。现如今天梯已经进行了足足数个小时的时间，即使是再怎么熬时间，也要闯到五百层以上才没有被淘汰，而这些人的天赋无一不是 R S S 以上。当然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二十个赛区的排名情况，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次的排名，不管你是一阶赛区还是二十阶赛区，难度都是一样的，就相当于只要你在三阶赛区闯到一千层，你的实力到了二十阶也能闯到一千层。至于如何调控，自然是按照天赋被动的等级，能闯到一千层的被动等级最低都是在 L V 幺四零级以上。而有人计算过，这个天梯的层数其实也很好计算，就是你的被动等级四十级星号时，一般就是你能闯到的层数。比如你的被动是 L V 二百，刚刚达到至高天骄级别，你就能闯到一千六百层。 而这个层数，按照零年之前的算法的话，在十阶赛区已经算是尊皇级之中比较强大的存在了。这个层数的实力已经能被称之为准神级，再强就是数量比较多而已。也就是说，刚刚达到至高级的天骄，依旧能和准神级的 BOSS 战斗。只不过，若是在七阶赛区的话，至高级天骄面对这种准神，可是秒杀级别。现在只能勉强战斗而已。也就是说，想要达到两千层，你的被动等级最少也得大大 LV 二四零。至于三千，别开玩笑了，整个宇宙的文明不仅仅是人族。 即使是其他的种族的所有天骄加,加起来，能闯到两千层以上的都是屈指可数。三千根本不可能，那是传说之中的领域。而这一届的二十个赛区至高级天骄数量不少，毕竟宇宙强者战的考核对象囊括了人族所有除却至强者之外的所有人。即使是实力仅次于至强者的 LV 两千级的强者，都是来参加了。能达到两千级，那一个不是至高级天骄之中的佼佼者。因此，有好事者直接就将二十个赛区的排行榜合并为了一个榜单，并且实时更新。 一时间，看不同赛区排行榜的人几乎就没了。所有人此刻都是来看着总榜，因为这一次总榜的第一就意味着是除却所有至强者之外，天赋最强大之人。而他只要能活下去，日后成为至强者的可能性将达到几乎百分之百。当然了，若是他主修的元素已经拥有了至强者的话，这百分之百就变成了无限接近于零。而那唯一一点微弱的可能，就是这种元素的至强者陨落。破灭至尊果然不愧是曾经好多届二十届赛区的第一，这么快就已经到一千七百层了。是啊，他的破灭之力。 乃是几大究极元素之中破坏之力的下属之力，也算是顶级元素了，并且等级达到了 L V 二三零级。这一次不知道能不能冲击到两千层。若是成功的话，他就是除却那寥寥无几的几个至强者之外，唯一一个活着的两千层妖孽之一了。破灭之强者的位置，非他莫属。是啊，太期待了。我感觉这一次的至强者位置，估计就是他一个人的了。我也如此觉得。那那个灵岩呢？他的天赋应该也不错吧？的确不错，绝对是只高级天才。可惜，这可是宇宙强者战。 一个二十阶的强者能存活十万一年，足足十万一年的时间啊，能积攒多少的至高级天才？这么多的至高级天才，能成为两千级强者的都百不存一，这林岩如何能比？是啊，若是给他时间成长为二十阶强者的话，他还有可能在这期间内做到几个转生任务，从而让自己的天赋提升不少。可惜了，他崛起的还是太晚了。而且我不相信，得罪了那么多高层，林岩还能活到下一次的宇宙强者战。是啊，可惜了。宇宙之中无数的人族都是在疯狂的讨论，而他们的讨论内容也是五花八门。 不过，作为当下热度第一的林岩，自然是所有人讨论的焦点。但是，只要是对宇宙的强者有一点基础认知的人都清楚，林岩的天赋强大，也就只能在十五阶以下混混了。十五阶以上，哪一个赛区不是积攒了大量的天骄？而且，这么多的天骄之中，至高级天骄更是多的一批。林岩想要在这么多的天骄之中出头，几乎不可能。从现在林岩的排名就能看出来了，此时林岩的排名连前一万都没有进入。 很明显，即使是后期能进入林岩的排名，想要进入一千以内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说是夺冠。当然了，这一切林岩自然是不知晓的。第三百七十六章升级 LV 五九九，十阶巅峰。此时的他正悠闲的闯天梯，每一层的天梯守关的 BOSS 林岩都是要看一下他的技能这些才会选择动手。毕竟林岩也能看到赛区的排名，自己的排名虽然在总榜之上一万都没有进入，但是却是第十赛区排行榜妥,妥妥的第一。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那么急？再急到了你打不穿的关卡，照样打不穿。 一千二百层了，这一层开始就是尊王级的 BOSS 了，终于像点样子了。而随着林岩进入到了一千二百层，也是微微一笑。嗡，下一刻，他的眼前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出现了十头暗黑系的 BOSS。林岩发现，随着层数的提升，不仅 BOSS 的实力会变得强大，就连他们所掌控的元素之力也会逐渐变强。不过一千二百层却是只有十头 BOSS，倒是让林岩有些意外。要知道，之前九百层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圣王级 BOSS 可是足足一百头。看来随着 BOSS 等级的提升，第一次出现的 BOSS 数量也会减少。 不过也是，boss 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了。这要是还提升数量的话，怕是没有人能是其对手。灵岩思索着，好，好，好。而就在此时，一声声 boss 的怒吼声传来，尊王级 boss 全部朝着灵岩喷出一道巨大的暗黑破灭光束，一上来就是暗红色的超级技能。这些 boss 果然是不讲武德。而灵岩也不和这些 boss 废话，右手直接一滑，噗噗噗噗，瞬间一道空间裂痕直接在石头尊王级 boss 的脖颈裂开，直接就将石头尊王级 boss 脑袋斩落了下来。 而他们打在灵岩前方的十道破灭光束，也是随着周围的空间一阵扭曲，从而消失不见。丁，恭喜您击杀十头 L V 五零三级尊王级 Boss，获得经验值十万亿金，获得星元十万亿。丁，恭喜玩家成功复制被动暗黑之力 L V 幺二零，力量强化 L V 幺三零，速度强化 L V 幺三零，体质强化 L V 幺三零。尊王级 Boss 已经能给灵岩提供足足 L V 幺二零级的元素之力了。 林岩可是记得，之前的 L V 二五零级尊王级 Boss 只能带来 L V 九零级的加持，算下来足足高了三十个等级，就连经验值也是多了不少。不知道后续的尊皇级 Boss 能给我带来多少？应该不会低于 L V 幺六零级的被动吧？这样的话，已经相当于一个最弱的天骄了。林岩想到这里也是有些期待，随后继续开始刷一千三百层、一千四百层。很快，林岩就刷到了幺四九九层，足足十一万头尊王级 Boss 也是直接就让林岩在这一层掠夺的被动等级提升到了 L V 幺四五。 而接下来就是尊皇级 boss，尊皇级 boss 一千五百层依旧只有十个，不过和林岩之前预估的一样，每一个都能给林岩带来一个 L V 幺五零级的元素被动，十个就是 L V 幺五五级。当然了，这个等级的 boss 对于林岩而言，依旧都是送菜。很快，林岩就打穿了一百层，达到了一千六百层。哇、哦！瞬间，林岩的排名层数直接由原本的幺五九九层提升到了一千六百层，而这一层能达到的，无一不是这高级天才。 这一瞬间算是彻底确认林岩是绝对妥妥的、当之无愧的至高级天骄。当然了，没有人意外，毕竟能击杀三万名天骄的存在，其实力绝对是天骄级别的。而林岩是什么等级的天骄，就要看最终林岩能闯到哪一层了。不过到了这一层之后，林岩原本稳步提升的脚步却是直接停了下来。林岩看了一眼自己的后台，经验值已经满得用京都无法统计，已经开始用勾统计了。这么多经验值，早就远远足够我升级到五百九十九的十阶极限了。先升级吧，之前一直没有升级是装备等级强化卷不够。 现在也够了，下一层之后可以一次性将所有的玄色属性果实全都叠满。林岩眉头一挑，随后也是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升级等级。叮，即将开始升级玩家等级。叮，即将开始升级玩家装备等级，预计升级 L V 九五，每五级需要消耗卷轴四百张，需要消耗玄色升级卷轴七千六百张。一连串的提示音此时也是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好在刚刚林岩爆了十几万张玄色升级卷轴，不然的话还真的不够。轰！ 就在此时，一股恐怖的力量涌入到了灵岩的四肢百骸，刹那间，灵岩的所有属性开始疯狂的暴涨。L V 五零三级的灵岩全属性达到了恐怖的七千斤，而这一次足足暴涨数百倍，将灵岩的等级全属性提升到了足足四百万斤的恐怖程度。灵岩计算了一下，等自己将所有的玄色属性果实全部吃了的话，就能将自己的全属性提升到五百万斤。想到这里，灵岩也是没有废话，直接开启幺六零幺层。这一层的怪数量为一千二百头，全部都是尊皇级。 而且等级也是随着灵岩的等级提升而提升到了 L V 五九九级，同时就连被动等级也是提升到了 L V 幺五九级。也就是说，再提升一个等级就能达到一百六十级，两个就相当于一个最弱的天骄。而这个天梯模式最不缺的就是 boss 的数量，也就是说，只要灵岩杀的死幺七九九层，将会有足足十一万头尊皇级等着他，相当于五点五万个天骄。而且在之后的一千八百层，就是灵岩一直心心念念的神级 boss，也是时候开启亡灵天灾了。 林岩嘴角微微上扬，下一刻，他双手猛然一拍，轰隆隆隆！瞬息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林岩的背后裂开了一条蔓延到了无尽遥远处的空间裂缝。嘣、嗯！下一刻，空间裂缝之中，一扇通天彻地的庞大地狱之门缓缓的从裂缝之中升了起来。好，好，好，好！霎时间，无数声令天地都开始颤抖的怒吼从裂缝之中冲了出来。下一刻，数万道血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空间裂缝，直接朝着那一千多尊尊皇级 BOSS 冲了过去。 这些身影不过只是寻常的人类大小，不过当这些身影撞在这些尊皇级 BOSS 身上的瞬间，直接就将这些尊皇级 BOSS 直接轰成了漫天的血雾，而所有的血雾瞬间就被这些血色的身影吸收。这些身影不是别人，正是那三万多个天骄的亡灵。这些亡灵的实力绝对比这些所谓的尊皇级 BOSS 强大不少。不过林岩也是发现了亡灵的限制，虽然他有了天灾进化，可以让亡灵的等级跟随自己的等级提升，但是他们的被动等级却是无法和这些 BOSS 一样，随着境界的提升，被动也会随之提升。看来野怪和 BOSS 的这种机制是有限制的。不过也对。 若是真的能连被动一起提升的话，亡灵法师绝对是无敌的存在。一个寻常的天骄级亡灵法师，在 L V 二百级左右弄一大批尊皇级别的亡灵，等他的实力达到了 L V 一千级以上，那他的实力之强大，就连至高级天骄都能随便秒杀。若是到了 L V 两千级的话，那就更加无敌了，都不需要尊皇级的亡灵，一个帝王级的亡灵都能让亡灵法师直接无敌。因为按照等级提升的原则算的话，帝王级别的 Boss 实力达到了两千级的时候，估计其被动等级最低都是达到了 L V 二百以上，甚至更高。不过林岩的这些天骄却是例外。 一些顶级天骄，他们本身的天赋和实力就能秒杀准神级 BOSS 了。现在被强化之后，实力更加强大，能击杀这些 LV 五九九的尊皇级 BOSS 也是正常的事情。好，好，好！而下一刻，林岩身后大小已经达到了一光年的地狱之门再次爆发而出，无数声怒吼声。接下来，一尊接着一尊的尊皇级 BOSS 此刻也是从里面咆哮着冲了出来。这些尊皇级 BOSS 就是刚刚被击杀的那些尊皇级 BOSS 变成的亡灵。随着这些尊皇级 BOSS 转化成为了亡灵。 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变得比之前恐怖的数倍，那毁灭一切的力量更是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感受着这恐怖的力量，灵岩自然是极为满意。L V 五九九级别的神级 BOSS 啊，不知道实力有多强。灵岩有些期待了。嗡、哦！下一刻，随着周围的空间一阵波动，灵岩连同他的所有亡灵同时被传送到了下一层。这一次刚刚出现的灵岩直接大手一挥，下一刻，在无数声怒吼之中，所有的亡灵疯狂的朝着这一层的一千三百个 BOSS 冲了过去。接下来，随着灵岩的层数开始飞速的上涨。 灵岩所击杀的 BOSS 数量也是越来越多，他的亡灵大军也是越发的恐怖。之前低等级的那些尊皇级亡灵全部被灵岩淘汰了。毕竟同样都是尊皇级亡灵，但是因为被动等级低了足足几十个，因此这些亡灵的实力，即使是亡灵也就比寻常的尊皇级强不了多少。打起来浪费时间不说，还占地方，召唤起来还会过多的消耗灵岩的魔力。不仅如此，升级这些亡灵灵岩需要的经验值更多。不过那些天骄的亡灵灵岩倒是保存了下来。 这些天骄的实力和天赋还算不错，至少目前为止，他们的实力比之寻常的尊皇级 BOSS 要强大不少。即使是这些 LV 五九九的尊皇级 BOSS 成为了亡灵，实力大涨，这些天骄亡灵的战斗力也弱不了多少。不过林岩知道，这些所谓的天骄，也就是暂时还能用一下了。等之后，林岩的主要对象将会变成神级 BOSS。而与此同时，随着林岩的层数越来越高，外界的议论也是越来越大。我操，一千七百层了！按照十阶赛区的话，这一层的 BOSS 都已经变成了顶级的准神级 BOSS 了。虽然数量减少到了一百头起步。 但是若是达到幺七九九层，那就是足足一万头准神级 BOSS 了、啊。这灵岩的实力果然不俗。不过这个等级也就相当于被动在 LV 二幺零级的至高级天骄。这个天赋最终的排名应该能达到排行榜前一千不到一点了。不知道他能不能达到幺七五零层以上？若是可以的话，他的天赋绝对能排到前一千。若是能到前一千的话，日后成为 LV 两千级的大能几乎就是七八成的可能了。是啊，不过王林一脉还是有些水分，因为王林本身就是对这种海洋战比较擅长。 他能达到幺七五零层，估计水准也就相当于其他的元素天赋者达到一千七百层的水准。说的有道理，亡灵系面对这种 boss 海战斗，的确是占尽优势。随着林岩的天梯榜达到了一千七百层，整个人族惊叹的人越来越多了。不过，因为林岩亡灵法师的身份，他的成绩还是水分不少的。当然了，只要层数足够碾压其他人，水分再大也没有人敢说什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刻林岩的排名已经在前一千了，而且有可能被超越的概率很低，因为此刻很多天骄都已经放弃了攻略。 因为他们知道，在攻略上去最多能多攻略个七八层、十层，但是代价就是有可能陨落。能达到这个实力，没有一个天骄是蠢货，他们都清楚自己的天赋再强也要活着才行。死去的天骄那就是废物。而且到了至高级别的天骄，要想复活可是没有那么容易，需要神级复活卡就算了，最低都需要足足一百张。他的等级低一些的话，还有可能会有强大的势力来赌一下。但是这一届至高级天骄，等级最低的都是八阶了，八阶的他们想要再攻略到足够的神级复活卡，极为困难。 虽然很多只高级天骄在等级低的时候都给自己准备了不少的复活卡，但是最多也就复活两三次，每一次都是至关重要，他们赌不起。也就是说，还在天梯之中的天骄，随时都有机会超越他们，或者将他们甩得越来越远。其中的灵岩自然是最受期待的一个。不过，就在此时，排行榜之上另外一个名字却是突然变红了。正常还在考核的人名字都是绿色，名字变红代表人死了，名字变成金色代表这个人已经结束了考核。而这个变红的名字却是位于总榜的榜首。 当所有人看到名字的一瞬间，就让整个人族宇宙区无数人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因为这个名字名为破灭至尊，死，破灭至尊死了！一时间，整个人族无数人不可置信的倒吸了一口凉气。破灭至尊，这一届公认的第一天才，参加过宇宙强者战不知道多少届，而且还是前十届宇宙强者战的蝉联冠军。然而，这等强大的存在，这一次居然在冲击两千层的时候死了！一时间，无数人都是感觉有些玄幻。 一个 LV 两千级的超级强者，居然就这么死了！一瞬间，那些还想要尝试一下自己极限的天骄，顿时就被吓得连忙结束了考核，将自己的成绩彻底定格。一时间，排行榜之上前一千的至高级天骄，九成的名字全部变成金色。无数人看到这一幕，均是感慨：这些天骄的选择极为明智。连破灭至尊都死了，他们要是还冲击的话，万一也死了，岂不是亏待了？况且他们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没必要为了高几个排名、低几个排名用命赌。不知道这破灭至尊还有没有复活卡？复活卡？ 什么复活卡能复活他？破灭之尊的天赋可是相当于 R R、SS、S S S，神级复活卡已经无法复活他了。可是五彩的超神级复活卡，他有吗？超神级复活卡，整个人族加起来都没十张，都是掌控在至强者手中。死，那这等强者，这等天才就这么死了？是啊，他可是有可能成为破灭至强者的存在啊！人族至强者会不会看在他的天赋之上复活他？理论上不可能，所有人族至强者曾经共同规定过，超神级复活卡只有为人族立下汗马功劳的超神级天才才有资格复活。 破灭至尊，不好意思，他虽然实力强大，但是为人可不行。曾经他年轻时候面对其他种族，如我人族天骄，他都没有出来，还在看戏。就这种人，绝对不配使用超升级复活卡。卧槽，还有这么一段？那这破灭至尊的确是没有资格说自己复活什么的。这么一个 LV 两千级的超级强者，没想到就这么彻底的死了，着实算是我人族的一大损失。希望林岩别那么逞强，打不过就算了。还有第三轮，只要他被死亡至尊看中收为弟子，也没有人敢对他动手。是啊，这林岩好歹也算是我人族底层来的一个新秀。 若是死了，那整个人族估计要乱一次了。毕竟好不容易出现了这么一位至高级天骄，一时间无数人都是开始讨论起来。这一次破灭至尊的死，实在是太过震撼了。LV 两千级的超级大能，实力仅次于至强者的存在，居然死在了一次比赛之中，这是何等大的损失！可是让无数人族疑惑的却是林岩依旧没有出来。不过很快，他们就将目光从林岩身上挪开了，因为在所有的排行榜之上，有一个名字却是稳步以极快的速度攀升排名，而这个人的名字，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仅仅只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名字居然就从一万名以后直接达到了一千名左右，也就是说，他的层数也已经达到了一千七百层左右。而这个名字名为林战。可惜的是，银河系的人族因为没有一个人挺进第二轮，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战神此刻在第二轮居然达到全宇宙一千名的程度。七阶赛区已经早早的结束了考核的塞西利亚三女原本是在好奇的观看这一次的考核的，当然了，他们观看的人自然就是林岩。然而谁知道林战的名字居然快速追了上来，我去，老爹，十一阶！ 真的是他！看到林战的名字，林墨染顿时就惊呼一声：“真的是战神大人！他居然这么强！这可是至高天才的排名等级了。”林岩从哪里弄来的至高天才转职卷轴？苏妙然也是惊讶了。或许不是弟弟的原因，弟弟之前说过，他只是给了老爹 R S S 的虚空类转职卷轴，距离至高级还有一点距离。林墨染看到这里也是眉头一皱。说实话，他对自己老爹的了解也是最近才有的，因为在此之前，林战都是他们从小到大听闻的传说级人物。 虽然当初知道了自家那个颓废老爹就是战神的时候，他有一种偶像梦碎的感觉，但是随后他越来越多的接触到真实的老爹之后，才知道林战绝对当得起他的偶像，能让人族在几乎灭绝的边缘站起来的存在，值得每一个银河系人族的崇拜。等我先问问看小炎吧。林墨染沉吟了一下，随后开口：“啊，问林岩，他现在不是在考核吗？会不会影响到他？”塞西利亚有些担忧：“你太小看那小子了，现在的他估计在摸鱼，不然早就两千层了。” 然而，听到了塞西利亚的话之后，林墨染白了一眼这傻丫头。随后，他直接联系了林岩。另外一边，的确在摸鱼的林岩突然接到了老姐的消息。要是别人，他倒是还能不接；但是老姐的消息要是不回，回去怕是要被揍。然而，当林岩看到了对方的内容，林岩顿时瞪大了双眼：“等等，啥玩意？老爹这么猛的吗？”林岩懵逼了，他连忙打开了老姐传来的直播内容，一看，整个人之家妈了。综合排名自己的屁股后面，正是林战。不对劲，这很不对劲！林岩眉头一皱。 随后直接给林战打了视频，可惜林战虽然不知道为何天赋暴涨，但是很明显是没有林岩这么悠闲的，根本就没有时间接林岩的电话。难道是天赋提升？可是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天赋等级提升至少 L V 十一个等级？林岩很疑惑，自己虽然将那不清的准神级尊皇级套装给了林战，但是实则在天梯之中，套装的加持其实是不算在里面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几乎所有的玩家只要天赋差不多的，其实都用同等级的套装，因此对被动的强化是每个人都被强化了。 所以相当于每个人都没有被强化，林战能闯到这里，绝对是天赋提升了。除非他运气爆棚，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虚空系的神级套装。算了，不管了，等考核结束也就知道了。希望老爹别死了，不然现在要复活他需要的神级复活卡数量可是就有些多了。林岩无奈，随后没有再多想，而是继续疯狂的刷怪。很快，林岩这边就达到了幺七九九层，而这一层的怪数量达到了恐怖的一万头半步神级 BOSS。这些什么半步神级的 BOSS，对林岩而言可以说最为坑爹。 杀了之后，除了召唤出来的亡灵稍微强大一些，装备稍微强大一些之外，其他的被动什么的等级都是和寻常的尊皇级 boss 一样。不过要是有选择的话，林岩还是觉得刷这种半步神级 boss 来的爽，毕竟转化出来的亡灵更加强大。而在林岩那数十万的亡灵海洋包围之下，这些半步神级的 boss 仅仅出来露了一个面就被全部秒杀。丁，恭喜您成功通关幺七九九层，即将进入一千八百层，请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嗡、wow。 下一瞬，林岩眼前的画面也是一阵扭曲，随后林岩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外界，卧槽！林岩真的到幺七九九层了，那他岂不是能进入一千八百层？废话，幺七九八层和幺七九九层不过只是差了一百个 BOSS 的数量，对于林岩来说，九千九百个都杀了，还差这一百个，肯定是能进入一千八百层的。而且一千八百层在十阶赛区之中已经是神之领域级别了，一千八百层的难度绝对是幺七九九层的十倍不止。若是林岩那个通关一千八百层，那就意味着他能单杀神级 BOSS。 只是他或许不知道，能通关这一层的几乎都是那些拥有神级套装的至高级天骄，不依靠神级套装就能通关，那天赋等级最少都得达到 L V 二五零级以上。比如曾经的狂暴至强者，就在十阶实力的时候通关过一千八百层。可是那一次他将竞技的狂暴技能用了足足十多个，不仅差点陨落，即使是赢了之后，也是神元受损，休养了几万年才恢复。所以凭借半神级套装打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了，最主要的就是他的亡灵面对神级 boss 没有多少用处，死。 还有这种说法？不错，没有神级套装不可能通过的。我去，这灵岩不是从底层来的吗？他肯定没有神级套装啊，这岂不是输定了？废话，他虽然天赋强大，可是再强大能超过 L V 二五零级的被动天赋？若是有这么强大的话，早就冲到一千八百层了，还用等到现在？可是他之前不是有神级 Boss 的亡灵吗？有又如何？那个亡灵只是 L V 二五零级的，之前灵岩放出来和三万天骄战斗的时候，不是都看到了？等级比灵岩低了五十个不说，就连被动等级也没有跟着成长。 现在那个亡灵，怕是对上一个十阶的尊皇级 boss 都不一定打得过，好像也是。看来灵岩九成是要停留在一千八百层了，除非他能弄到神级套装。可是神级套装有那么容易获得吗？一时间，无数的天骄都是就灵岩这一次的事情开始疯狂的讨论了起来。毕竟装备的差距，让灵岩现在通过一千八百层，比破灭至尊要通过两千层都要困难无数倍。嗡，oh. 在一阵耀眼无比的光芒之中，灵岩的身影却是突然出现在了一座悬浮在无尽虚空之中的神国之上。 这个神国就像是被一个气泡笼罩，在气泡之中还有无数的神之建筑，这些建筑乃至这一个神国的大地、天空，仿佛都是用无尽的光明之力所汇聚。耀眼的光芒让林岩都是有些晃眼。这一层是光明之力吗？林岩一下子就猜到了这一层的首关 BOSS 是什么属性的。嗡 <Wow>！然而就在此时，下方的神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而在光明之中，神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开始瓦解，化作耀眼的光点冲上天际。 那一望无际、直径至少也得有数万亿公里的巨大神国化作的光点，最终在天际飞速的汇聚，成为一尊通天彻地的十六亿天使。八对巨大的羽翼在他的背后猛然张开，圣洁无比的光辉在这一瞬间化作无数的羽毛，铺满了整个天地。天使那高贵且凌厉的目光缓缓地朝着灵岩看了过来。卑微渺小的人类，你擅自来到光明神国，并且居然敢使用这肮脏的地狱生物污染光明神国的圣洁，是否想好如何陨灭了？天使平静地看着灵岩，如同看着一尊蝼蚁一般的冷漠。而他看向了灵岩身后的亡灵大军之后。 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有的只有无尽的厌恶。啧，你这鸟人口气倒是不小啊！林岩看着眼前的鸟人，忍不住嘲讽了起来。人族蝼蚁！听到林岩的话，光明炽天使长冷哼一声，而林岩则是懒得理会他，直接打开了他的属性表。BOSS，光明炽天使长，神级，等级 LV 五九九，99, 天赋被动，光明之力 LV 二百，200, 审判之力 LV 幺八零，180, 神圣之力 LV 幺九零，190, 信仰之力 LV 幺八零，180, 生命之力 LV 幺八零。 火焰之力 LV 二百，力量强化 LV 二幺零，速度强化 LV 二幺零，体质强化 LV 二幺零，血量十勾十勾，魔力一百万一1一百万一斤，攻击力五千斤，速度五百斤，防御力五万斤。技能神圣冲击 LV 五，玄色爆发出光明和神圣一击，生命复苏 LV 五，玄色瞬间恢复自身血量百分之二十，冷却时间十秒，光明神之信仰 LV 一，神级。 光明神的光辉将照耀到方圆十光年之内，一切被神之光辉照耀之人将会对光明神产生发自内心的信仰。光明神之审判，L V 一神级审判十字架降临，天地间一切罪孽都将消弭于无形，可审判一切罪人。对有罪恶值之人伤害值最低翻倍，最高伤害可提升五倍。林岩看着眼前一尊庞大天使的属性，忍不住嘴角一抽。好家伙，这就是神级 boss 的强大吗？这两个神级技能啊，而且被动的等级最高都达到了 L V 二百，这实力。 可是比尊皇级 BOSS 强大了不止一星半点啊！怪不得口气这么大，没想到原来是有实力的。不过林岩也不虚，上，教他做鸟。林岩也是没有废话，直接大手一挥，好，好，好！瞬息间，数十万尊实力达到了准神级的亡灵带，带领着同样数十万尊尊皇级亡灵，直接就朝着光明炽天使长冲了过去。这么多的亡灵，那恐怖的气息，一瞬间就笼罩了天地。所有亡灵化作的血色洪流，如同乌压压的血色火云一般，朝着光明炽天使长碾压而去。肮脏的地狱生物。 找死！看到这一幕，光明炽天使长冷哼一声，大手直接朝着虚空一握，嗡、哦！瞬息间，一柄光明权杖出现在了他的手中。神圣冲击！光明炽天使长直接猛然一扫手中的权杖，嗡、哦！刹那间，耀眼的光明直接绽放到了整个天地，一道神圣之力、光明之力、火焰之力融合而成的巨大冲击波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瞬间，这些冲击波就轰在了漫天的亡灵海洋之上。吃吃吃！这些亡灵在碰触到了这神圣冲击之后，就像棉花糖遇到了水一般。 瞬间消融，只不过随着亡灵的笑容，那神圣冲击的力量也是越发微弱，最终林岩在损失了十多万头亡灵之后，彻底的将神圣冲击抵消。好，好，好！下一刻，所有的亡灵同时爆发大招，刹那间，一道道血色冲击波直接朝着光明炽天使掌冲击而去。光明炽天使掌权杖猛然朝着前方一扫，嗡、哦！瞬息间，一个巨大的护盾凝聚在了他的前方。轰轰轰轰！接下来，无数道恐怖的攻击狠狠的撞在了护盾之上，咔嚓！ 瞬间，护盾裂开，轰！随后护盾直接爆开，数十万道冲击波直接轰在了光明炽天使长的身上。轰轰轰轰！刹那间，一声声巨大的轰鸣声传遍了整个天地。光明炽天使长头上也是疯狂的冒出来大量的伤害值，负两千万斤，负两千万斤，负三百万斤，负三百万斤。数十万道攻击伤害，硬生生将光明炽天使长的血量直接打掉了二勾的恐怖血量。按照这个势头，只要再来四轮，光明炽天使长绝对必死无疑。嗡、哦！ 然而就在此时，一道巨大的绿色光明瞬间从光明赤天使掌身上绽放而出，刹那间，光明赤天使掌头上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量恢复值，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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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晶。巨大的血量恢复直接就让他损失的五分之一血量直接恢复。看到这一幕的林岩嘴角一抽，好家伙，这十秒恢复五分之一的血量，这特么怎么打？此刻的林岩感觉很蛋疼啊！轰！然而就在此时，一道耀眼的神圣冲击再次从绿色的光芒之中爆发而出，噗噗噗噗。 刹那间，又是十多万头亡灵被神圣冲击直接轰碎。而下一刻，满脸愤怒到了极点的光明炽天使长从绿光之中走了出来。凡人、蝼蚁、肮脏的地狱生物，居然敢伤到尊贵的炽天使长！一声冰冷且没有感情的低吼声从炽天使长的口中爆发而出。嗡、哦嗯！刹那间，耀眼的光明再次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巨大的权杖开始疯狂的挥舞起来。下一刻，一道接着一道的神圣冲击如同潮汐一般，一浪接着一浪的朝着所有的亡灵冲击而来。 所到之处，所有的亡灵就像是泡沫一样，瞬间被驱散。仅仅片刻，灵岩的所有亡灵都被消亡，而那一道道剩下的神圣冲击，则是朝着灵岩疯狂的轰了过来。嗡、哦！灵岩的周身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随后一个以上千种元素打造的护盾瞬间就出现在了灵岩的周身。嗡嗡嗡嗡！哦哦哦、下一刻，所有的神圣冲击轰在了灵岩的元素护天盾之上，灵岩的护盾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仅仅片刻，护盾直接充能结束，剩下的冲击直接就被充能满了之后的护盾弹开。 神之技，而看到这一幕的光明炽天使瞳孔一缩，这么喜欢攻击，那我也送你一个。灵岩眼眸一冷，右手虚空一握，下一刻，笼罩在灵岩身体周围的元素护天盾瞬间化作一个光球，出现在了灵岩的手中。蝼蚁，拥有神技也是蝼蚁。光明炽天使长冷哼一声，是吗？这可不是寻常的神技哦。然而灵岩却是诡异一笑，说完，灵岩脚下一点，嗡、哦，瞬息间，灵岩消失在了原地。嗯，瞬移。 光明赤天使长金色的瞳孔猛然一缩，连忙寻找灵岩的位置，在这里。然而下一刻，他的眉心前面突然传来一个低喝，没有等他反应过来，灵岩已经将手中的光球直接就按在了对方的眉心之上，而灵岩的身形再次消失。光明赤天使长作为神级 BOSS，高达数百亿公里，即使只是额头，其面积都比输一个地球的表面积大。灵岩的光球不过拳头大小，可以说微不足道。然而，就是这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光球，在打在了光明赤天使长眉心之上的瞬间，赤天使长的脸色大变。 他猛然振翅，想要逃离，可是已经晚了。嗡<问>！那一枚元素护天盾光球瞬间爆开，刹那间，一个巨大的彩色爆炸疯狂的扩张，恐怖的力量直接就将光明炽天使长的脑袋轰得直接炸开。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那毁灭一切的力量疯狂的扩散，所到之处，光明炽天使长的身体就被能量吞噬，随后湮灭的无影无踪。轰隆隆隆！随着光球扩张到了将整个炽天使场笼罩的程度之后，轰然爆开。 刹那间，无尽的毁灭之力直接朝着周围虚空席卷而来。只要被能量碰触到的一切事物，均是被瞬间湮灭为虚无。不过这一层的空间本身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物质，因此即使是被湮灭，也没有多少东西被湮灭的。而爆炸也是疯狂的扩散开来，最终扩散到了方圆一光年之内。而在虚空之中的灵岩看到爆炸彻底的消失之后，才从空间夹层之中脱离出来。只是出来之后，他却是眉头微微一皱：，怎么没有击杀讯息？那个 BOSS 没被杀？灵岩有些疑惑，随即他看向了爆炸中心。 然而，很快他就在爆炸中心看到了一枚涌动着光明之力的金核。嗡、wow.！而就在此时，金核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光芒瞬间扩散开来，最终居然再次汇聚成为了光芒炽天使掌。只不过，区别就是他的血量少了足足三成。这都没死？刚刚的金核是什么东西？林岩看到这一幕有些惊奇，随后好奇地对着光明炽天使掌问道：“那东西居然能抵挡住自己的大招？要知道，在自己攻击的前一瞬间，林岩可是直接开启了以命换命，将自己的血量直接锁定在了一点。” 同时，随着血量降低，林岩的被动回光一击也是启动，两者叠加，直接给林岩提升了足足数百倍攻击的他，居然没有秒了那个金河凡人。你刚刚的招数到底是什么？然而，光明炽天使长却是忌惮且愤怒的看着林岩，自己居然差点被一个凡人一招打死，这简直不可能的事情。我先问你，你不应该先回答吗？林岩无语，一点礼貌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天使吗？那是本神器的神格，天下间最为坚硬的东西，神格不损，则神不死。光明炽天使长一脸骄傲的说道。 可是为什么你的血量还损失了三成？然而听到他的吹牛，林岩忍不住拆穿了他。果然，林岩的话一出，光明炽天使长脸色黑了下来。我已经回答了你一个问题，该你说了。你刚刚的攻击为何我感受到了数十种不对、数百种不同的元素？那到底是什么招数？可惜，光明炽天使长却是再次对林岩询问：“一个我自创的小招数而已，相当于超神级技能。”林岩倒是也不瞒着对方，直接说道：“什么自创超神级技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你不过只是渺小的人类，最为卑贱的人类，怎么可能创造出来超神技？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然而听到了林岩的话，光明炽天使长不可置信的惊呼一声，同时愤怒的看着林岩，他感觉林岩是在拿他开涮。现在轮到你回答我了，你不是说神格是最坚硬的东西，无法损坏吗？怎么你会掉血、啊？你要是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你我如何创造这个技能。林岩却是没有回答对方。听到林岩的话，光明炽天使长瞬间沉默了，似乎在思索林岩话语的真实性。神格虽然是我们世界最为坚硬的东西。 但是说起来，其实神格也就是宇宙本源之力的凝结体。你们世界有没有神格我不知道，但是应该也有类似的东西。有这个东西，就能保证拥有宇宙本源之力的存在不死不灭，宇宙不灭而人不死。可惜我现在不过只是投影罢了。按照天启意志，只要是投影出来的野怪、BOSS，只要挨打就会掉血，掉血归零就会死。光明炽天使长解释了起来：“一，这东西其实他不说，以灵烟的天赋，在所在的世界也是超级天才，日后也会知晓。可是那超神级技能的创造方法，他却是极为眼热。” 虽然他不过只是投影，无法将记忆传输给本体，但是他还是想要知道。原来如此，而林岩听了之后也是恍然大悟。这个世界的确是流传着至强者不死不灭的传说。林岩以为只是传说，看来是真的。不过，至强者的不死不灭其实也是伪命题。比如宇宙毁灭也会死，或者被其他的至强者以引爆自身本源之力同归于尽的方法杀死也会死。甚至，若是你只是一个低位至强者，而一个高位至强者要杀你，也不需要同归于尽，只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就行。但是。 这是对于至强者这个级别以上的存在而言，若是对于至强者以下的话，即使是至强者站在原地让你杀，你都杀不死。我懂了，那我也直接告诉你创造超神级技能的方法，你可是要听好了。一，林岩嘴角微微上扬，他可是很讲信用的。听到林岩的话，光明炽天使长顿时精神一振。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能掌控一千种元素之力，并且将它们全部融合在一起，就能创造出来一个超神级技能。林岩微微一笑，随后将制作方法说了出来。然而他的话一出。 光明赤天使长瞬间不可置信的看向了林岩，人类，你敢戏弄本神？下一刻，感觉自己被林岩耍了的光明赤天使长愤怒低吼一声，轰！瞬息间，他的身上直接绽放出恐怖的光明之力，光明之力汇聚成一道光柱，瞬间冲天而起，直接轰在了无尽虚空之中。嗡、哦！刹那间，天空之中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就被轰了出来。下一刻，空间裂缝之中缓缓的降落下来一架巨大的十字架。 而这一具十字架从灵岩的头顶缓缓地落下来，直接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将灵岩锁定在了原地。嗯，灵岩眉头一皱，这一瞬间，他感觉全身的力量都像是被封禁一样，居然无法使用一丝一毫的力量。至高无上的光明主宰啊！以你至高无上的神威，审判眼前的罪人吧！之前光明炽天使长虔诚的开始祈祷。嗡、哦嗯，而那巨大的十字架也是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光芒朝着灵岩笼罩过来。灵岩原本是想要使用空间之力躲避的，不过他倒是想要看看这所谓的审判威力有多强。 所以直接站在了原地，他的动作让还在祷告的光明炽天使都是懵了。这么勇的人，他可是第一次见到。下一刻，林岩身体不受控制的双臂打开，你背后出现了一个能量十字架，直接就将林岩锁在了十字架之上。我去，老子又不是耶稣，这样对我是不是太过分了？林岩有些无语，不过他倒是想要看看这光明炽天使长的这个光明神之审判到底是有什么强大的地方。有罪，神罚。而就在此时，无尽虚空之中，一声宏大的低语传来，轰。 下一刻，灵岩上方的巨大十字架直接爆发出一道恐怖射线，瞬间轰在了灵岩的身上。一瞬间，灵岩的身体开始飞速消融。我去，这有点东西！看着自己飞速消融的身体，灵岩眉头一挑，自己感受了一下，除了空间之力能调动之外，其他的一切被动都无法使用了。等等，好像有些不对劲！感受着自己从脚到身体都是开始飞速的消融林，灵岩突然发现不对劲了。自己的空间之力虽然能使用，但是居然无法脱离这个十字架的束缚。我去，这是什么情况？天启，给我解释一下！灵岩懵了。 审判之力已经封锁你的灵魂、肉体，即使瞬移离开，审判也会到来。面对林岩的疑惑，天启一直开口了：“这样啊，那大不了等断尾求生复活之后再说。”林岩一听，有些无语。不过随后，林岩突然脸色一变：“断尾求生的力量自己调动不了，也就是断尾求生这个被动，此刻都用不了了。”卧槽，这是什么情况？林岩懵了。丁，检测到玩家被光明主宰的审判之力笼罩，光明主宰实力远超神级 BOSS，其力量等级极高。 您的断尾求生等级低于 L V 幺四零，无法阻止其审判。而就在此时，天启意志却是直接开口了：“草了，天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林岩懵了。丁，就是你要死了。天启意志直白的说道。只是这话一出，却是让林岩整个人彻底蒙圈。不可能，我举报，我举报这狗东西开挂！一个神级 boss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技能？林岩气得骂娘。丁，举报无效，此技能可以躲避。你有不下十种方法躲避，可是你没有躲。本次死亡是您大意导致。 请下辈子注意。然而，面对林岩的无能狂怒，天启意志直接开口了。林岩听了之后，就差给天启意志贴脸输出了。谁知道自己的断尾求生会因为等级太低无法启动？不过想想是有些低了，LV 一百级都不到，想要规避 LV 幺八零级的审判之力是有些勉强。那我的重生技能能启动吗？林岩此时是真的有些小慌了。这一刻，他开始反省了。随着自己有断尾求生的之后，自己就有些太过目中无人了。这好歹也是神级 boss，神之所以被称之为神，那自然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可是自己却是无视对方的神之技能，想要硬抗。现在好了，玩脱了。丁，重生之力为时间之力附属元素，只有时间之力能压制。然而就在此时，天启意志却是平静的解释了一下。这话一出，林岩瞬间眼前一亮。操了，自己好像反省早了，早说，吓死我了。林岩有些无语，死不了就行。不过我死也要弄死你丫的。不过下一刻，林岩瞬间恶向胆边生，他猛然闭上了双眼，下一瞬间。 他双眼猛然睁开，刹那间，耀眼的银色光辉从林岩双眼爆发而出。下一刻，无尽的空间之力直接如同排山倒海一般，瞬间笼罩了不远处的光明炽天使长。怎么回事、啊？感受到周围笼罩的力量，光明炽天使长脸色一变。空间崩灭！然而下一刻，林岩直接一声低喝，砰！光明炽天使长所在的空间瞬间爆开。同样爆开的还有光明炽天使长以及他的神格。丁，恭喜您击杀神级 BOSS 光明炽天使长，获得经验值一百勾，获得宇宙币。 100, 一百亿宇宙币等于一亿亿星元。一声提示音，此时也是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可惜，当光明炽天使长死去之后，林岩却是发现身体之中的审判之力依旧还在。这一刻，他终于知道得这审判之力是光明主宰的能量含金量有多大了。因为他已经不属于光明炽天使长的力量了，而是光明主宰的。至于光明主宰有多强，林岩不知道。但是按照天启意志的介绍，至少都是超神级，甚至超神级之上的等级。得死在这种存在手中，也不算是亏。 林岩有些无语，不过随后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包。丁，恭喜玩家，气运轮盘发动，被动复制概率提升为一百亿倍。恭喜您成功复制被动。光明之力 LV 二百，审判之力 LV 幺八零，神圣之力 LV 幺九零，信仰之力 LV 幺八零，生命之力 LV 幺八零，火焰之力 LV 二百，力量强化 LV 二幺零，速度强化 LV 二幺零，体质强化 LV 二幺零。一连串的被动提示音传来，神级 boss 就是不一样。 直接就让灵岩的三大基础强化等级提升到了 L V 二幺零，同时光明之力和火焰之力都是达到了 L V 二百，也算是再创新高。气运轮盘转动，暴率提升一万亿倍，获得装备 L V 五九五十六亿光明炽天使长套装，神级技能神圣冲击 L V 五玄色，生命复苏 L V 五玄色，光明神之信仰 L V 一神级，L V 五九五级神级装备升级卷轴星号五，神级精粹星号一百亿，十六亿光明炽天使长残魂星号一。 十六亿光明炽天使掌转职卷轴星号一，R、SS、S S S 级全属性果实 L V 五九零神级星号十，复活卡神级星号十，技能经验卡神级星号十，技能等级升级卷神级星号一，秘境终极隐藏物品光明神国星号一准超神级。看着这些奖励，林岩也是有些无奈。好家伙，这么多好东西，早知道自己秒了对方算了，谁知道被对方坑了。算了，找个平行世界，将我的重生技能等级练得高一些。 到时候就能百分之百指定某一个平行世界了，到时候也就能回来了。林岩倒是没有太过在意自己死，不过只是去其他世界而已。天启，我要是到时候重生回来的话，这个世界的时间点是我走了多久就是多久，还是我重生回来还是现在的时间点？林岩随后疑惑的对着天启问道。此时的他全身已经消融的只剩下头了。丁，重生等级足够高就可以指定时间点。面对林岩的疑问，天启也是直接开口回答。这答案让林岩还是比较满意的。也就是说，至少现在是无法指定时间点的。 那就将等级练到足够的等级之后再说。林岩想到这里笑了，而他的头颅也是在笑容之中彻底消散。整个一千八百层瞬间恢复了寂静，黑暗。林岩只感觉到无尽的黑暗。叮，检测到玩家死亡，被动重生发动。叮，气运轮盘转动，重生概率提升十亿倍，百分之百重生。叮，您需要在以下的世界之中选择一个作为重生对象。而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林岩听到了一声声天启意志的提示音。嗡。 下一刻，林岩眼前绽放出上千个光点，无尽的黑暗瞬间就被这些光点照耀的消散。呼，重生了吗？那就是说，刚刚我是真的死了。虽然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感觉还是不好。林岩此时有些无奈，还好自己事前将重生等级提升了上来，不然这一次万一没有成功的话，就真的死了。看来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找个高等级的混乱鬼域，把我的重生等级干高一些。林岩想到这里，很快就决定好了。随后，他开始看向了这些光球，这些光球之中每一个都有一些画面闪烁出来，而林岩仔细一看。 却是看到了不少自己的画面，在这些光球之中，有的光球里面的自己浑身笼罩雷霆，似乎觉醒了雷霆系的异能；而有的则是浑身燃烧着火焰，有的则是在疯狂的瞬移，使用的很明显是老爹的虚空之力。看来终于是有一个平行世界的自己子承父业了。不过林岩看了一下时间点，这些时间点也都是在高考之后不到半年。这些平行世界的自己混的都不怎么样。最强大的第一个，林岩看了一下，就是那个虚空之力的，那个林岩的虚空之力等级达到了二等级，才几个月就已经达到了 LV 三百级，可惜了。 这么快的提升等级，日后的成就可能还不如林战，飘太飘了。林岩给对方的评价如是。不过某些人可能忘记了，自己就是因为太飘，所以死球了。嗯，这个怎么没有我的画面？然而就在林岩还在纠结进入哪个平行世界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其中一个光球之中居然没有自己的画面。不过闪过的画面之中却是有几个林岩熟悉的身影，浑身绽放出光明之力，正在和斯塔鲁文明强者战斗的林墨染，被一大群至尊级的强者围攻的林战，同时为了守护林墨染战死的莫灵韵。 这些画面让林岩瞳孔剧烈的收缩，这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惨烈？还有这个世界的我呢？林岩懵了。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这个世界的时间线居然是高考之后至少几十年，甚至可能上百年了。难道这个世界的我死了？林岩这一刻眉头紧锁。可是自己死了，为何这个平行世界会出现？之前天气可是说过，因为重生等级的原因，林岩只能进入有他的世界，并且侵占那个世界的他才能活下来。 当然了，这一次因为重生等级足够了，林岩的一切等级等等都能保存。可是这个世界的画面之中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就在林岩疑惑的时候，他却是看到了一片星系废墟之中，苏妙然站在星空之中，看着眼前的一幕。而在他的面前却是数十位十阶至尊。林岩看出来了，这些至尊之中有不少从之前画面之中见到的围攻林战的。苏妙然手持一柄冰火长剑，看着眼前的数十位至尊。莫然姐姐死了，战神大人死了，光神前辈死了，师尊也为了救我魂飞魄散了。林岩。 你若是还活着，你若是能将你的被动掠夺师职业开发出来，或许我人族就还有希望吧。苏妙然惨然一笑，而他的话一出，林岩脑袋瞬间轰的一声炸开了。死了，所有人都死了。被动掠夺师，那不就是自己？这，这是我上一世的世界。林岩看着画面之中的一幕，忍不住张了张嘴。而下一刻，画面之中数十个至尊对苏妙然围攻，苏妙然实力极为恐怖，以一己之力斩杀了十多尊至尊，可惜最终还是因为年纪的太小。 等级不够，最终惨死在了这些至尊手中，全死了。天启，给我选这个世界。林岩没有犹豫，直接低喝一声。他原本在知道战神就是自己老爹之后，顿时就松了口气，因为意味着他离开的那个世界，自己老爹、老妈、老姐都活得好好的，而且有战神守护，全家应该都很安全。然而，谁知道自己离去之后，他们居然都死了。虽然他知道自己现在回去也已经晚了，因为他无法选择时间点进入，只能按照技能随机出来的时间点进入。不过，那又如何？ 他还能使用复活卡复活所有的家人，他的复活卡很多，非常多。丁，是否选择此世界？此世界是您曾经去过的世界，你可以以本体降临，不需要掠夺其他人的身体。天启意志瞬间做出回应，同时也是直接确认了这个世界就是灵岩的上一世。别废话，给我选择！灵岩直接开口。丁，开始传送。天启意志声音传来。嗡，<Wow. S 1> 下一刻，灵岩直接消失在了原地。银河系，太阳系，一枚暗淡的恒星在太阳系静静的悬浮着。 而在这恒星的行星轨道之上，却是有大量的星球残骸，其中有一片蔚蓝色的星球碎片，这就是地球崩碎之后的地球。终于杀了这银河人族，为何这么难缠？之前是那个战神，后来又是这个苏妙然，两人让我们帝洛星系损失了十多位至尊。要不是花了大价钱找了塔罗文明请了十位至尊的话，我们这一次怕是要全军覆没。一个样子有些像是刀锋战士一般的帝洛星系至尊语气有些冷厉的说道：“他这一次出来，足足二十七位至尊，现在只剩下了十三位。” 所有人都是死在了一个连至尊都没有达到的小姑娘手中。据说着苏妙然才一百多岁，这简直太恐怖了。若是让她再成长一些年的话，他们绝对不可能拿下人族的。好在这一次，所有人都死了。嗡、哦嗯！然而就在此时，无尽虚空之中却是传来一阵诡谲的波动。感受到了这一道波动的所有至尊都是眉头一皱，难不成这里要出现某个秘境或者副本不成？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这些人还是远离了一些。下一刻，一道空间裂缝在波动的源头缓缓的打开，随后。 在十三位至尊疑惑且诧异的目光之中，一个人族少年面色平静的从空间裂缝之中走了出来。人族，这里怎么会出现人族？是，居然还有漏网之鱼，这人族还真的是有够难缠的。不过只是一个小孩，随手杀了便是。一时间，在场的所有至尊无一不是冷笑一声，其中一个地洛文明的至尊更是直接走了出来，准备灭了灵岩。地洛文明，看来在上个世界之中，我对你们太过仁慈了。看着眼前的至尊灵岩，却是平静的开口了。而他的话一出，地洛文明的一众至尊顿时愣住了。 小子，你在胡说什么？你一个小小的人族，难不成还能和我地洛文明的抗衡不成？地洛文明的至尊冷哼一声，随后没有犹豫，直接一掌就朝着虚空之中拍了出去。嗡、哦！刹那间，一道恐怖的雷霆之力划破虚空，直接朝着灵岩打了过来。只是下一刻，令所有人都是为之骇然的事情发生了：这一道雷霆瞬间轰在了灵岩身上。原本以为灵岩会瞬间被炸成灰烬，可是那雷霆居然就像是一滴水落在了海洋之中一般，瞬间就融入到了灵岩的身体之中。二级的雷霆天赋，哼！ 废物一个，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雷霆！林岩冷哼一声，轰隆隆隆！刹那间，一声震动整个天地的雷霆声突然从林岩的身上爆发而出。下一刻，无尽的雷霆就从林岩的身体之中咆哮着喷薄而出，雷霆直接化作一道雷龙，瞬间就朝着为首的那一位至尊咆哮着吞噬而去。十一阶？不对，不只是十一阶，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谁？而看到这恐怖的雷龙，为首的至尊吓得惊呼一声，他想要逃走，可是速度根本就不可能比得上这恐怖的雷龙的速度。 仅仅瞬间，他就被这一头雷龙瞬间一口吞没，在雷龙口中，瞬息间就化作了灰烬。不仅如此，雷龙继续朝着剩下的几大至尊疯狂的冲去，跑，快逃啊！一时间，所有的至尊都是惊恐的开始逃窜。可惜，随着雷龙化作一道雷光一闪而过，全部的至尊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彻底的化作了虚无。整个星空瞬间恢复了平静。这些所谓的至尊，实力之弱小，甚至连一头同等级的精英怪都能吊打他们。 而面对灵岩这个同等级之中，甚至连神级 BOSS 都能击杀的恐怖存在，这些所谓至尊的实力的确是不值一提。更何况现在的灵岩等级已经 LV 五九九了，远比这些人来的强大。随后，灵岩看了一眼周围的星空，却是沉默了。纵然心中有无尽的愤怒，可是看着已经只剩下一片残破的太阳系，灵岩还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不仅是太阳系，灵岩将自己的空间感知瞬间扩张到了方圆十万光年之内，也是发现了此刻的银河系生命星球数量十不存一，还没有被毁的那些生命星球，也是几乎都被地洛文明彻底占领。可笑的是。 布拉茨、斯塔鲁等一群顶级文明，此时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现如今，就连他们的领土都是被帝洛文明占据了九成以上，就连至尊也几乎都死绝了。如此讽刺的画面，若是这几大文明的至尊知晓的话，会不会还引狼入室？当然了，人族作为曾经那么大的文明，自然是不可能全部被灭，只不过日子极为不好过，有不少人躲在了飞船之中，在银河系漂泊，数量并不少。这些人此时在帝洛文明的排查之下，只能苟延残喘的在各个生命星球只见来回穿梭，只要发现有不对劲，就直接跃迁离开。 可是，即使如此，每时每刻，人族还是有无数人死去。而看到这一幕，林岩彻底的愤怒了。地落文明、塔罗文明，既然你们敢对我人族动手，那就准备好迎接灭族吧！林岩目光瞬间阴冷了下来。下一刻，他双手猛然合十，轰隆隆！刹那间，他的背后瞬间张开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随后一扇通天彻地的恐怖地狱之门从裂缝之中缓缓的升腾而起。好，好，好，好！刹那间，无数声震天动地的怒吼传遍了整个天地。 随后，一头接着一头实力恐怖到极致的 L V 五九九级的亡灵从地狱之门之中冲了出来。这些亡灵最多都是精英级别的超级亡灵，最强大的更是达到了恐怖的尊皇级，而且数量极为恐怖。这些亡灵一出现，就直接被灵岩调动空间之力，瞬间全部传送离开。一在此之前，灵岩的等级还是在 L V 三四九的时候，就能将任何的亡灵传送到方圆一万光年之内的任何地方。而这一次，随着等级提升两百级，实力暴涨的他，已经能将这个范围提升到足足一百万光年。 如此恐怖的距离，早就将整个银河系都囊括在了其中。不仅如此，就连距离银河系最近的地落文明，都有一大半被灵岩的传送范围所笼罩。而灵岩也不废话，直接就将所有的亡灵送了出去。一时间，屠杀彻底开启。至于灵岩本人，却也是在银河系的范围之内寻找着人类的足迹。剩下的人族虽然少，但是不能再让这些人死了。嗯，这是……然而，突然，灵岩从某一片星域之上看到了一艘熟悉的飞船。没有犹豫，灵岩直接脚下一点，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银河系。 炎神星系，一艘千疮百孔、勉强在星空之中飞行的飞船，在一片星系之中隐匿着身形。这一艘飞船之上还刻画着一团火焰。不错，这一艘飞船正是炎神星系的飞船。这一艘飞船还是一艘八阶的飞船。整个炎神星系唯一一个拥有八阶飞船的，只有一人，那就是炎神。不过可惜的是，这一艘飞船的操控者却不是炎神，而是他的弟子慕容星宇。慕容大人，飞船的自我供给系统在上一次作战之后几乎损毁的差不多了，现如今食物和空气。 还有水都最多只能供给三千万人了。慕容大人，最新的一批学子进入新手村之后，因为急着提升实力，死亡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这样下去的话，我们飞船的人口将会一年比一年少。第十七、十三、十八搜寻小队又搜寻到了三百多个被殖民的生命星球。我们要不要前去救援？那三个生命星球同属于兹特星系，曾经是一个终极星系，所以现如今守护的最强者实力已经达到了七阶巅峰。飞船的控制室之中，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且极为成熟的慕容星宇听着手下的汇报，眉头紧锁。 这一艘飞船之上有足足一亿多人，听上去多，其实对于一艘八阶飞船而言，这么一点的人口，几乎连正常的飞船运转都只能算是勉勉强强。可是现如今，不仅要愁着被地洛星系发现，同时也要担忧食物的问题。原本能供给飞船之中至少数百亿人生存的维生系统，此刻连一亿人都有些勉强。可是想要修复这一艘飞船，却是极为困难。人族已经灭绝的差不多了，那些维修人员虽然有对应的知识，但是却没有材料和工具，即使是想要修复，也只能是奢望。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解救被殖民的生命星球，三百多个呀！若是解救下来的话，人族的幸存者数量将会提升至少千亿人次。可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百年的时间，他虽然已经成长到了八阶前期，即使是他的天赋已经提升到了二八阶前期，也是他的极限了。虽然这三百多个星球的守护者只有七阶巅峰，但是他却是不能上。毕竟，即使是将这三百多个星球解救下来又如何？他带不走那么多人，星球也不可能跟着移动。这三百多个星球之上的人族子民，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被地洛文明所毁灭。 甚至还会将这一艘飞船的人全部都搭进去。寒冰至尊传来消息了吗？他缓缓的开口了。寒冰至尊乃是这些年来人族之中突然崛起的一位超级天才。原本战神死亡之后，人族就已经开始了灭绝之路。可是寒冰至尊的出现，却是让人族再一次焕发了生机。而这寒冰至尊的实力也是越发的恐怖。就在一个月前，前线传来战报，寒冰至尊和四位地落文明的至尊战斗，最终以压倒性的战斗力将四位至尊彻底抹杀。这一战，一时间传遍了整个人族，所有人族的幸存者无一不是激动的泪流满面。 因为他们知道人族又出现了新的守护者，而这一次的守护者和战神一般的无敌，所有人都是重新燃起胜利的火苗。因此，最近一个月，银河系各个地方的飞船幸存者基地的首领都是到处打听寒冰至尊的消息。首领并没有，那个手下无奈的说道：“哈哈哈，哈，自然没有，那寒冰至尊已经死了。”然而就在此时，一声狂笑声却是突然透过周围的空间传到了炎神号飞船的每一寸角落，所有人都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同时在听到内容之后，所有人无一不是脸色煞白。 是谁敢来我炎神号妖言惑众？而听到声音的慕容星宇也是瞬间轻喝一声，直接冲出飞船。只是下一刻，他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却见一艘同样八阶的飞船此时悬浮在星空之中。这一艘飞船的主人，他却是认识。奎斯洛，你这个人族叛徒，居然还敢来这里！慕容星宇冷哼一声：“没错，这人就是曾经人族至高学府之上和灵岩抢夺慕容星宇的那个、SS、S S S 级天才奎斯洛。在这个灵岩早早就死亡的世界，奎斯洛没有被人打压过，所以一直纠缠慕容星宇。” 只是后来，在人族陷入危难之后，奎斯洛所在的家族全员背叛了人族，因为其天赋强大，后期更是阴差阳错意外完成了转生任务，所有天赋等级也是达到了二。只可惜，这等天才若是在人族的话，成为一个八阶强者，加上一艘八阶飞船，至少也能守护住数十亿的人族。可惜的是，他确实背叛了人族，甚至导致人族有不少人都是因此死去。现如今，他更是和帝洛星系请求追杀慕容星宇。这几年，若不是他的话，慕容星宇的炎神号也不至于损毁这么严重。 因此，现如今在看到了奎斯洛居然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慕容星宇愤怒的想要将他杀了。啧啧啧，我纵然是叛徒又如何？我的选择何等的正确！现在成为了高贵的地落文明之人，只要好好努力，日后成为九阶强者不在话下。而你却只能和一条丧家之犬一般，被我追得到处跑。奎斯洛不屑一笑，对慕容星宇的话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好好想想吧，只要你投降，以你的天赋，日后和我结为夫妻，在地落星系绝对能成为一大世家。奎斯洛随后继续对着慕容星宇笑着开口了。正是因为对慕容星宇的觊觎。 所以他才一直来追杀，一来是怕他被其他的地洛文明强者杀了，二来自然是想要活捉了对方。我问你，你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只可惜，慕容星宇却是懒得理会奎斯洛，而是冷冷的问他关于寒冰至尊的事情。一听到他的话，奎斯洛笑了。我作为地洛文明的高层，自然是接到了消息。我地洛文明的十多位至尊，加上和其他文明借调的十多位至尊，一共三十多位，就在十分钟之前，已经将寒冰至尊彻底抹杀，抹杀的世间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关于他的痕迹了。 小小的银河系马上就要成为帝落星系的领土了，哈哈哈哈！奎斯洛忍不住激动的狂笑了起来。而慕容星宇听到这里，心中绝望的同时，却也是生出无尽的杀意。奎斯洛，你找死！慕容星宇怒吼一声，随后手中直接出现一柄巨斧，凌空就朝着远方的奎斯洛狠狠的斩落而下。刹那间，一柄长达数十万公里的恐怖巨斧，以毁灭一切的姿态，朝着奎斯洛狠狠的砍了下来。冥顽不灵，不过只是用一套蓝色装备，也想和我抗衡？而看到这一幕的奎斯洛却是不屑一笑，轰！ 下一刻，他的身上直接浮现出一套暗黑魔龙王套装，王级套装的出现，直接就让奎斯洛的实力暴涨了数倍。随后，他手持巨剑，狠狠的朝着天空之中斩落而下的恐怖巨斧虚影砍了上去。轰隆隆隆！瞬息间，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就传遍了整个天地，那恐怖的巨斧瞬间崩碎开来。不过，还没有等奎斯洛开心两秒，慕容星宇却是已经双手之中汇聚出一支箭矢，唰！刹那间，这一枚战神之箭矢瞬间划破虚空，仅仅一刹那间就来到了奎斯洛的胸口前方。 奎斯洛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剑矢瞬间就穿透了他的胸口。不过奎斯洛的胸口却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伤势，只是大片的符文直接从他的胸口开始扩散开来。封禁之剑，你居然敢阴我！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开始疯狂的被封印，奎斯洛忍不住对着慕容星宇怒吼了起来：“阴你，战斗而已，你始终觉得你当狗之后就能碾压我了？可是你怕是忘记了，从你投靠地洛文明之前就一直不是我的对手。真的以为投靠给别人当几年走狗，实力就能真的超越我不成？” 我不过只是需要找一个能对你一击必杀的机会罢了。况且，你真的以为你能找到我的飞船，是因为你运气好？慕容星宇冷静且高傲的开口了。而听到了他的话之后，奎斯洛脸色变得越发的难看。此刻，他终于知道了这是一个陷阱，是慕容星宇针对他的陷阱，而自己还完全不知晓的跳了进来。人族的叛徒，今日我慕容星宇以人族的名义判处你死刑。而慕容星宇也是浑身瞬间爆发而出战神之力，刹那间，他的身上直接浮现出一尊庞大的战神虚影。 战神双手猛然举起一柄长达数万公里的恐怖巨斧，瞬间凝聚而出。下一刻，巨斧轰然斩落。慕容星宇，你杀了我，你也别想活。只有我才能带你加入帝罗文明。看着斩落而下的巨斧，奎斯洛不甘地怒吼着。可惜，随着他的怒吼声结束，那一柄巨斧也是瞬间斩落在了他的身上。恐怖的战神之力，一瞬间就将奎斯洛的身体直接湮灭。所有人听令，占领奎斯洛的飞船。随后，慕容星宇暴喝一声，下一刻。 炎神号之上的所有强者全部冲出飞船，杀向了奎斯洛带来的八阶飞船。没错，慕容星与炎神号的位置就是他们主动暴露给奎斯洛的。而且以奎斯洛的性格，绝对会为了这一个功劳而一个人前来。即使是飞船之中还有一些亲卫，但是这些亲卫也不过只是当初和他们家族一起叛逃的人，亦或者是一些被奴役的人族。地洛文明的人怎么可能给奎斯洛当下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被奴役的人族在得知奎斯洛死去的第一时间，全部发动叛乱。再加上炎神号强者的里应外合。 整个飞船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被彻底掌控了下来。首领太好了，这个飞船的维生系统是完好的。现在加上我们的延伸号，两艘飞船最少能容纳三十亿人了。而且收编了那些被奴役的同胞，我们的人口数量达到了三千万。另外，燃料的问题也大致解决了。飞船之上的燃料是刚刚充满的，足够我们在星际航行至少一百年。所有人终于吃上饱饭了，多亏了首领你的这个计谋。奎斯洛号飞船之中，慕容星宇听着周围属下的汇报，也是忍不住露出了笑意，同时却也有无尽的苦涩。没想到。 他们居然会有朝一日为了一口吃的而把生命拿出来赌，好在这一切都赌对了。你们出去好好整顿一下飞船内部，看看有没有遗漏的躲在那里的敌人没有处理。我先休息一下。慕容星宇随后缓缓地开口了，周围的人听到之后也都是没有多言，全部下去了。而慕容星宇则是来到了巨大的防护罩前方，透过透明的飞船屏障，朝着外面的无尽星空看了过去。寒冰至尊，你到底还活着吗？慕容星宇悠悠地开口了。按照奎斯洛的说法，足足三十多个至尊级强者共同袭击。 寒冰至尊能活下来的概率几乎微乎其微，他已经死了。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平静却让慕容星宇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听到这个声音，一时间，慕容星宇居然想不起来这是谁的。只不过，作为强者的本能，他手中瞬间出现一柄巨斧，狠狠地朝着背后砍去。嗡、哦！瞬息间，巨斧直接停在了背后一个少年的头顶。然而，看到眼前的少年，慕容星宇整个人都是不可置信的张了张嘴：“死丫头，好久不见了！”看着眼前。 已经和曾经那个冲动鲁莽的少女有天壤之别的女孩林岩笑着开口了，而听到了这个熟悉的称呼，慕容星宇却是不知道为何，双眼忍不住微微一红。或许是这一个声音让慕容星宇想起了曾经在炎神星那无忧无虑的日子，有师傅的教诲，有家人的陪伴，有好友打的闹闹。可是现如今却一切都没了，所有人都死了。而看着慕容星宇的样子，林岩自然也知道这个世界的他遭遇的实在是太多了。林林岩，怎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你不是死了吗？ 看着眼前的林岩，慕容星宇忍不住开口了，同时却也是有些警惕。林岩若是活着，那他是敌是友？而且林岩是如何能出现在自己的飞船控制室的？因为曾经出现过叛徒对岩神号的控制室动手脚，导致百万人民死亡的事情。所以慕容星宇刚刚掌控这一艘飞船，就将所有的权限控制在了自己一个人的手中，即使是最为亲近的下属都无法随意进出。我算是复活了吧？正好感应到了你在这里，就过来看看。没想到我死了的这一百多年时间里，人族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再一次见到了熟人的灵岩，也终于是感受到了曾经在这个世界的一切。这一刻的他，才彻底的融入到了这个世界之中，同时心中的愤怒却也是变得更加的狂暴了。复活？谁复活的你？你的天赋至少都是二级，难道是地洛文明？然而听到了灵岩的话之后，慕容星宇的语气却是瞬间就冷了下来，同时一股无尽的杀意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纵然纵然曾经的他和灵岩是好友，可若是对方已经投靠了地洛文明，那他也绝对不会对灵岩手下留情。复活我！ 地洛文明这种高级星系文明还做不到，连宇宙最强的宇宙国文明都无法做到。别说是我，寻常的二级天才，若是他地洛文明能做到的话，文明内的至尊怕是至少数万人以上了。而林岩听到了慕容星宇的话之后，却是缓缓的开口了。他的话一出，慕容星宇也是愣住了，好像也是。红色秘境副本那么的强大，地洛文明想要攻略的确是不可能。甚至他也知道，曾经地洛文明攒了几千年，攒了十个二的天才和一个二的填词啊去攻略，可是一个都没有活着回来。所以。 想要攻略下来圣王级 BOSS 地洛文明绝对做不到，即使是做得到，也不可能复活灵岩这么一个鸡肋的职业。那你到底是怎么来到我这里的？还有，你刚刚说寒冰至尊已经死了，你也怎么知道的？慕容星宇将脑海之中一连串的疑惑全部都说了出来。不知道为何，他一个等级达到了 LV 三六八级的强者，居然看不穿灵岩的等级是多少，这就让他有些疑惑了。按理来说不可能啊，灵岩死之前的时候等级连一百级都不到，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这里只是想要告诉你们，从今天以后，地洛文明、塔罗文明。 乃至一切对我人族动手过的文明都会消失在宇宙之中。林岩平静的开口了。说完，不等慕容星宇反应，他缓缓的来到了控制室的最强虚空一点。嗡！Oh. 下一刻，天际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瞬间打开。空间裂缝出现的瞬间，所有在奎斯洛飞船之中的人族之人全部都是看到了前方出现的恐怖裂缝。这是一道横跨足足数十亿公里的庞大裂缝，仿佛是宇宙星空裂开了一般的恐怖。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裂缝？难不成要出现什么红色以上的副本或者秘境吗？不可能啊！ 即使是狠色以上的副本和秘境有这么庞大吗？一时间，数千万飞船之上的人族全部都是激烈的讨论了起来。林岩，你到底做了什么？而知道是林岩干的，慕容星宇的脸色大变。可惜林岩却是没有回答他。嗡、哦！然而下一瞬间，一艘庞大无比的恐怖飞船却是从空间裂缝之中缓缓的飞了出来，仅仅只是露出来了一个头，这个飞船的大小就已经让在场的无数人都是为之骇然。很快，一艘长达百亿公里、高达数十亿公里的恐怖飞船从空间裂缝之中挤了出来。 而飞船之上还涌动着无尽的虚空之力和湮灭之力，仿佛只要靠近，一切存在都会被湮灭一般。这恐怖的大小，一时间让所有人族都是张大了嘴巴，无一不是惊骇到无以复加。嗡 <Wow>！而就在此时，这一艘因为灵岩的等级提升，所以同样达到了 LV 五九九的圣王级机械族 boss 虚空湮灭号，直接射出一道传送光束。光束打在奎斯洛飞船的瞬间，奎斯洛飞船之中的所有人瞬间被传送消失。下一刻，所有人感觉眼前一花，再次睁开，却是发现他们所有人都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钢铁城市之中。 这一座城市极为科幻，不仅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同时有无数的飞船在天空之中急速穿行。所有人仿佛都是穿越到了比人族更加高科技的文明之中。而天空之中还有一颗巨大的恒星在缓缓的绽放出光芒，这是怎么回事？啊？林岩，这里是哪里？慕容星宇连忙对着林岩问道：“这里就是人族暂时的家园。”虚空湮灭号一号的船舱内部，林岩听到了慕容星宇的话，缓缓的开口了：“这个世界的银河系已经被毁，那他就带着人族一起离开，终于重建家园。” 他已经想好了对策。什么？虚空湮灭号船舱？这是刚刚那一艘飞船的内部？慕容星宇不可置信的看向了林岩，而林岩也不解释，直接意念一动，咔嚓！突然，天空之中的天幕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下一刻，整个天空乃至那一枚恒星都是从中间裂开，随后整个天空缓缓的打开。被传送到这里的所有人族均是不可置信的抬头看去，却见随着天空打开完毕，一片浩瀚的星空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 星空之中，甚至还漂浮着岩神号和奎斯洛号两艘飞船。不过下一刻，虚空湮灭号直接将两艘飞船传送到船舱内部的维修中心，开始维修。虚空湮灭号乃是一个圣王级别的机械族 BOSS，而机械族的前身就是智脑。何为智脑？那就是掌控一切机械的最强大脑。这一艘飞船的一切事物都能由虚空湮灭号所控制，加上灵岩的意志，所以虚空湮灭号直接将自己的内部改造成为了适合人族生存与生活的环境。而按照现如今虚空湮灭号的体型，足够将整个人族的人都容纳。 毕竟这个船舱的直径达到了恐怖的四十亿公里，其直径相当于地球展开的二十万倍，其面积就相当于地球的足足四百亿倍。这可是纯纯的使用面积，即使是去除演化出来的山河湖海，照样也有至少二百亿倍的地球居住面积。即使是全盛时期的人族都能容纳下，更不用说现在的人族已经因为战乱活下来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了。林岩，你到底要做什么？而此时，慕容星宇却是被眼前庞大的飞船所震撼了，同时看着眼前这个和百年前一样年轻的林岩。 慕容星宇有的却是只有陌生。银河系重建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人族就先生活在这里吧。林岩缓缓的说道。听到林岩的话，慕容星宇瞬间就激动了，甚至双目开始微红。人族似乎真的有家园了。不过随后他的神色却是再次变得有些绝望。话虽如此，这个飞船也足够庞大，但是地洛文明吗？还有那塔罗文明，有这些文明在，我们人族终究还是没有希望。我们最多只能一直逃亡，做一个丧家之犬。慕容星宇惨然一笑。 连唯一一个可以和帝洛文明抗衡的寒冰至尊都死了，他们还能有什么希望？不用急，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而林岩看了一眼眉宇间充斥的只有绝望的慕容星宇，却也是没有解释。他知道，再多的解释都不如事实摆在眼前。况且这个时代的人族已经见过太多的希望和希望破灭，估计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的期盼了。想到这里，他也是有些心情沉重。这就是自己父母拼了命才能守护下来的人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将人族彻底重建，并且将死去的所有人彻底复活。不过在此之前，他需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先将这个世界还活着的人族全部救下来。而听到林岩的话，慕容星宇也没有再多言。不知道为何，看着眼前的林岩，虽然他是百年前的少年模样，但是总感觉林岩无比的沉稳，和他最后一次见林岩的时候完全就是两个样子。同时，他也是好奇，为何林岩刚刚复活就能拥有这么强大的一艘飞船，并且他居然无法看穿林岩的等级，那是不是意味着林岩的等级比自己还要强大？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何，这个神秘的突然出现的林岩带给了他无尽的希望，至少这么大的飞船。 他应该能救下更多更多的人族了吧？对了，慕容星宇，可以给我讲讲我死后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吗？林岩有些好奇的对着慕容星宇开口了。听到林岩的话，慕容星宇也是微微一愣。好，随后他点了点头，开始讲解。当年林岩死后，人族也是发生了好几次大事，比如拥有八阶强者的诸葛家族被战神和光神抹杀，整个家族没有一人幸存，甚至连旁系都是被战神全部找出来一个不剩的全部屠杀。听到这里，林岩感慨自己老爹虽然守护了人族数万年，但是终究是一个人。 自己的儿子被人害死，作为父亲的他也是失去了理智，就连一向温柔的母亲也是如此一，可想而知自己的死对他们打击有多大。当初战神大人的事情轰动全人族，甚至有不少的人族强者都表达了不解，为何要对诸葛家族赶尽杀绝？虽然诸葛剑天有嫌疑杀害了你，但是作为二的天才和死去的且已经被抛弃的天才，一般人族都会选择诸葛剑天这个活着的天才。慕容星宇缓缓的讲解，只是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语气明显有些愤怒，对那些所谓强者的愤怒。当初的林岩是他为数不多的好友。 可是林岩的死，在他们的口中居然只是如此简单的一句。他们考虑的也不错，毕竟当初的我的确无法开发我的职业。当初我比起一个 r 的天才，的确无法比较。林岩微微一笑，却是毫不在意，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就行。两人当初在暗中给了林岩能给的不少资源，甚至连暗金套装都给自己随便使用，这可是人族之中几乎没有的待遇。只可惜当初的他天赋相当于普通人，即使是使用了暗金套装，战斗力也不过只是相当于一个 A 级天才使用了一套绿色武器罢了。 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达到八九十级已经是极限，而听到林岩的话，慕容星宇却也是看了林岩一眼，发现他的确没有生气，也是松了一口气。毕竟现如今的林岩拥有如此庞大的一艘飞船，若是生气因此迁怒于人族，那人族就真的没希望了。不过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也知道，若是当初的林岩的话，绝对不可能生气的。另外，你死后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光神隐藏的弟子一人杀入到了斯塔鲁文明之中，硬生生毁灭了数万生命星球之后全身而退。那位名为林默然，也就是你的姐姐，而且。 随着人族和其他几大文明的战争爆发，你的姐姐也爆发了超强的天赋，以极快的速度达到了八阶强者的水准，并且你姐姐还和后来的寒冰至尊大人是好友。到了你姐姐成为八阶强者的那一天，人族的强者才知道为何战神和光神为何亲自为你报仇。原来你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天才的弟弟。慕容星宇说起林墨染的时候，双眼之中的崇拜却丝毫不下于对寒冰至尊的崇拜。要知道，人族无数人曾经分析过，林墨染若是能活着，日后绝对能成为至尊级的强者。 后来，林墨染虽然成为了八阶后期的强者，但是战神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因为其他几大文明联手地洛文明的至尊而战死。当然了，几大文明和地洛文明当初参战的至尊也全部战死。也因为呃这件事，地洛文明彻底加入了战场，数十位至尊的加入，银河系其他几大文明顷刻间瓦解，人族各大九阶强者相继战死。光神为了守护林墨染逃离，也战死了。可惜没有过多久，逃亡路上的林墨染却是为了守护曾经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寒冰至尊离开，最终陨落。而他陨落之前。 甚至将九阶强者都击杀了，他的战绩也是震惊了帝洛文明，同时也加深了帝洛文明要铲除人族的心。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人族的人口锐减到了百分之一，剩下还活着的之所以没死，无非就是成为了殖民地的奴隶，要么就是乘坐飞船朝着银河系之外逃离。然而，就在不久之前，寒冰至尊苏妙然强势归来，以无敌的姿态出场，就抹杀了四位至尊，在之后的时间里，更是诛杀了帝洛文明七八个至尊。而就在今天。 地洛文明却是以银河系所有殖民地星球之上的人类为要挟，让苏妙然现身。同时，地洛文明已经锁定了所有在银河系内的人族飞船，只要不现身，人族将彻底灭绝。最终，在数十位至尊的围攻之下，这一位昙花一现的无敌至尊同样陨落，人族再次陷入黑暗。当然了，今天的事情却是林岩说的，慕容星宇并不知晓。当他得知寒冰至尊的真正死因的时候，整个人直接呆滞了。他没有想到是他们这些累赘才害死了苏妙然，而苏妙然大可不出来。 等人族灭绝之后去躲着发育，等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归来的。可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为的就是给他们争取最后的一点时间。另外，你可能不知道，你们的踪迹，地洛文明在之前就基本锁定了九成，只是苏妙然的突然出现打乱了他们的屠灭计划。若是没有苏妙然，人族几个月之前就彻底灭绝了。而现在他死了，地洛文明的灭绝计划也开始启动了。林岩缓缓的说道：“这些知识都是他将地洛文明绞杀苏妙然活下来的至尊炼制成为亡灵之后，从他们的记忆之中得知的。” 什么？灭绝计划已经开始了，这怎么办？林岩，我们快点去救其他人啊！听到这里的慕容星宇脸色大变。放心，已经全部救回来了。然而，听到了慕容星宇的话之后，林岩却是突然感应到了什么，随后直接冲天起。什么就回来了？你要去哪里？慕容星宇见到之后，也是连忙追了上去。很快，两人就飞到了船舱的高空三千多米的位置。嗡嗡嗡！嗯嗯、下一刻，一道道空间波动却是从飞船内部传来。 随后，在慕容星宇惊骇的目光之中，一枚接着一枚的生命星球，居然被传送到了飞船的船舱内部，而且就连这些星球之上活着的人，也都是全部被传送了进来。这些生命星球全部悬浮在船舱的上空，而且数量越来越多，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这些星球大大小小，小的和月球差不多，大的比太阳都要庞大数百倍。可是，在这一艘庞大的飞船内部，足足一千多万个星球放入到其中，照样有不少的空间。按照飞船长度百亿公里、数十亿公里计算。 能放入地球这么大小的星球数量，至少都是千亿级别。整个银河系都没有这么多的生命星球，更何况是被屠杀了百年有余的人族。随着所有的殖民星球都被送入到了这里，林岩和慕容星宇也是直观的对殖民地人族的生活有了一些感官。这些人族全部身穿统一的囚服，不仅每时每刻都要遭受到折磨，并且参加最原始的体力劳作。同时，所有人都是面黄肌瘦，几乎都只是保证不死，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是一副活死人的样子。是我人族被殖民的星球，而且居然全部都被送过来了。 林岩，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而看着这一幕的慕容星宇，虽然心疼，但是却更多的是惊喜，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从今天开始，生活将彻底发生改变。只是他很好奇林岩是如何做到的，然而他却不知道这一切还没结束。嗡嗡嗡嗡，又是一阵阵的空间波动传来，接下来一艘接着一艘的飞船也是被传送过来。看到这一幕，慕容星宇彻底震惊了。要说这些星球的话，坐标都有，想要找到很容易。可是这些飞船不仅数量极为恐怖，毕竟只要达到四阶，就能遨游宇宙。 当初人族数亿个生命星球，每一个至少都冲出了几百艘飞船，多的甚至有数亿艘。而现在，这么多无穷无尽的飞船，居然都是被传送了过来。看到这里，慕容星宇忍不住张开了小嘴，双目渐渐通红。终于，所有人都回来了。同时，无穷无尽的电子机器人冲天而起，直接冲入到了这些星球之上，将星球和飞船之上的所有人族全部都接了下来，并且还为所有人安排了属于他们的住房、食物、医疗器械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原本那些已经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人，在接受了治疗和面对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吃过的食物，彻底绷不住了。一时间，激动的哭喊声开始响彻整个飞船。而看着这一幕的慕容星宇，双眼也是忍不住缓缓落泪。我人族终于安全了，他忍不住啜泣的说道。看着这个曾经的暴力女线如今多愁善感的模样，林岩也是叹了口气。在战争之下，再坚强的性格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过了很久之后，慕容星宇才平静了下来。林岩，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趁现在地落文明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还是快逃走吧。等以后。 若是有机会的话，再回来报仇。而慕容星宇很快就想起来这个重要的事情。零年的飞船虽然庞大无比，但是他猜测这应该只是一艘运输类的飞船。这种飞船的战斗力可是很弱的。再说了，只有一艘飞船，即使是在如何强大，面对地洛文明，那么一个拥有相当于十多个银河系大小领土的文明，一艘飞船也无法做到什么逃。为何要逃？我说了，这个飞船只是让人族暂住。等我将银河系重建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回来。以银河系的大小重建起来，应该用不了多少时间的。然而，听到了慕容星宇的话之后。 林岩却是笑了，他的话一出，慕容星宇懵了。重建银河系，而且用不了多少的时间。林岩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说重建已经支离破碎的银河系，毕竟那么多的星球都被毁了，要怎么才能重建？而且地洛文明已经占领了银河系，现如今他们将这些殖民星球偷走，若是被发现，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嗡、哦！然而就在此时，整个飞船的天际却是在这一刻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下一刻，一幅巨型的画面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飞船之中的银河人族也是发现了天空之中的巨型投影，所有人都是好奇的抬起头来，而这一眼却是让所有人都是瞬间呆滞了，因为画面之中播放的正是灵年的那些超级亡灵正在疯狂的屠杀地洛文明和塔罗文明的画面。那一尊尊高达数十万公里的恐怖亡灵，每一招下去都能将一个太阳系大小的星系瞬间轰碎成虚无，而且最为恐怖的是，这种亡灵的数量数不胜数。粗略一看，天空之中的每一个画面之中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亡灵，而画面的数量达到了数万亿之多。 而且，其中几个画面更是让无数人族为之沸腾。画面之中，地洛文明还有塔罗文明至尊级强者，在被亡灵杀上门之后，直接就冲上迎战。然而，仅仅只是数百万亿个亡灵之中的随意一小个的随手一招，就将这些是所谓的至尊瞬间秒杀。看着这一幕，所有人族彻底吓傻了。这些至尊，他们作为被殖民的人，这些年来天天都会被洗脑，效忠于这些所谓的至尊和他们的文明。可以说，这些至尊的样貌算是刻画在他们所有人的脑海之中了。因此，他们清楚的认识这些如同蝼蚁被击杀的每一个至尊。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看到了这些至尊被屠杀的画面，他们所有都是被吓傻了。杀这些至尊的，不过只是所有亡灵之中最为弱小的一个，而这种亡灵却是有数百万一个。如此恐怖的画面，让他们心中震惊到了极点。不仅是他们，就连慕容星宇都是不可置信的张开小嘴，一脸的骇然。这，这些都是至尊级别的亡灵？不对，不仅仅是至尊，这些亡灵的实力至少都是十一阶的存在。数百万亿个十一阶亡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慕容星宇忍不住惊呼了起来。 这种存在，别说是对方一个小小的地洛文明和塔罗文明，就算是比这两个文明强大数百万倍的传说之中站在宇宙顶端的顶级星系文明来了，怕是都要被轻轻松松屠灭吧。在银河系人族乃至塔罗文明等所有星系文明的认知之中，宇宙最为顶尖的文明就是顶级星系文明。这种文明的大小最少都是地球的数百万倍以上，最大的甚至是数十亿倍。可惜，即使是顶级星系文明，也照样逃离不了被科技封锁，甚至这些顶级星系文明所在的宇宙。 就是他们所能探查到的全部。再次之外的宇宙已经被高等级的星域文明所封锁，所以顶级星系文明以下的文明并不知道顶级星系文明之外还有更加恐怖的星域文明。而且星域文明都还分为低级星域、中级星域、高级星域和顶级星域。在顶级星域文明之上，更是还拥有宇宙国这一恐怖的设定。只有这些顶级星系文明之中有人能打穿红色级别的副本或者秘境，才能像是曾经的灵岩一样冲破科技的封锁，接触到星域以上的文明。当然了，寻常十个天才组队好不容易才打穿红色秘境的话。 最终能接入的文明只是低级星域文明。若是一个天才单刷能打穿的话，能接触的就是中级星域。要是不仅能一个人能打穿，而且还能做到秒杀的话，就能直接接触到高级星域。灵岩就是这样，所以直接就接入到了高级的天眼文明。而重生到了这个平行世界之后，灵岩看了一下自己能接入的天眼文明接入口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自己得重新打穿一次红色秘境和副本。不过这对于灵岩而言却是没有丝毫难度，别说是红色，就算是暗红色，甚至于玄色副本，灵岩都能秒杀通过。另外。 想要接触到更加高级的文明，也不仅仅只有这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进行宇宙强者战。然而，可惜的是，宇宙强者战有一个机制，那就是星域文明以下的文明，在强者战结束之后，就会瞬间被天启意志抹除所有关于宇宙强者战的记忆，同时也会抹除所有记载。当然了，除非是灵岩这种能自行接触到星域文明的存在，亦或者能接触到星域文明的那些星系文明。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灵岩问过天启意志，对方的回答是为了守护星系文明。 毕竟，知道的太多，对于这种低等级的文明而言，可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毕竟你想想看，要是现在有人告诉你，你一辈子努力奋斗到死，最终的成就就是当乞丐，那你还会奋斗吗？这些星系文明也是如此。言归正传，此时林岩直接拥有了数百万亿个十一阶的亡灵，可想而知，慕容星宇为何会如此的惊骇了。林岩，这些亡灵难道是你带来的？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你并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去了某个顶级星系文明，亦或者获得了某个顶级星系文明的传承吗？ 慕容星宇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岩问道：“差不多吧？”林岩随口说道，毕竟他也不好解释嘶。果然都是你的，那你现在岂不是相当于宇宙无敌的存在了？慕容星宇不敢相信的问道。要是在此之前的话，他绝对不可能相信的。可是现如今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不相信。这话让林岩有些无奈。星系文明不过只是蝼蚁而已，顶级星系文明也是如此。这个宇宙很大，大到你无法想象。林岩解释了一下，说完直接就将关于这个宇宙的实力划分。 文明等级划分的情况全部传输到了慕容星宇的脑海之中，而接受了这些知识的慕容星宇，一瞬间就被那恐怖的讯息所震惊的惊骇万分。这一刻，他的世界观直接崩塌。他曾经在知道顶级星系文明有多么庞大和恐怖的时候，就已经够震惊了，甚至觉得这种恐怖的文明是不是真的存在于世界之上。后来，随着地洛文明和塔罗文明这么两个位于高级星系文明之中底层的文明出现，并且对银河系轻轻松松产生碾压的时候，他对顶级星系文明的恐怖就更加的深刻了。然而，现在林岩却是告诉他。 这个世界上比顶级星系文明还有更加恐怖的存在，甚至于顶级星系文明都不过只是天启意志所圈养的新手村。这一瞬间，他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了。不管宇宙有多么的庞大，我们地球人族的根基都是在银河系，所以别想那么多。那些强大文明虽然强大，但是却不会在意我们这种蝼蚁。看着慕容星宇有些怀疑人生的模样，林岩也是适时的开口了。果然，听到了林岩的话之后，慕容星宇也是好受了一些。也是啊。 银河系这种蝼蚁，甚至都不算的文明，在那些星域文明的眼中，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自己何必在这里杞人忧天？只是为何总感觉有些苦涩？不过好在是看着天空之中地落文明以及塔罗文明的覆灭，慕容星宇心中瞬间好受了不少。此刻的他知道，人族这一次是真的彻底解放了，而且有了灵岩这么一个超级强者的守护，人族终于可以重建家园了，甚至他们能做到更好。想到这里，慕容星宇缓缓的看向了灵岩，随后郑重的和灵岩弯腰鞠躬：“灵岩，感谢你对人族做出的一切。” 慕容星宇感激的对着林岩说道，听到对方的话，林岩却是沉默了。说起来，一切的起因和我有不小的关系。另外，我也是人族的一份子，你用不着和我道谢。”林岩缓缓的说道。虽然慕容星宇没有说的太明白，但是林岩从对方讲解的时间线之上，就基本理清了思路。其他几大文明之所以联手对人族动手，导火索实则就是自己的姐姐林墨染杀入到了斯塔鲁文明之中。等自己姐姐归来之后，斯塔鲁文明的数十个中型星系，就是相当于炎神星系这种拥有数百万个生命星球的星系，被一夜之间毁灭。 死去的九阶八阶强者数量加起来不下百人，也正是因为那之后，斯塔鲁文明开始对人族进行疯狂的打压，而战神自然不可能任由，所以就杀到了斯塔鲁文明，将斯塔鲁至尊一招就打得差点陨落。若不是这个世界是游戏降临的世界的话，这斯塔鲁至尊就算是不死也彻底的废了。其他文明也是被战神的强大实力所震撼，随后就开始秘密联合，同时那布拉斯卡从秘境之中出来，开始以强大的实力主导文明联合。不过这极大文明最终商议之后发现，战神的实力太过强大。 即使是他们联手，最终的结果也是他们死亡好几个才能将战神击杀。他们自然都不想死，所以就提议花钱找地洛文明的强者帮助。地洛文明和塔罗文明都是可以以雇佣的形式出租自己的强者，甚至在周围的数百个高级星系文明之中都有不小的信用，所以不用担心引狼入室。然而，谁知道即使是他们雇佣了十位至尊，加上他们自身的至尊，照样被战神一人全部反杀。虽然战神也被重伤，最终被躲在暗处的九阶强者捡漏，但是银河系的所有顶级文明这一刻也算是彻底废了。 不管是人族还是其他的顶级文明的至尊全部死亡，至尊死亡相当于这个文明已经成为了无主之物。帝洛文明因为损失十位至尊，所以也对这几大顶级文明以及人族文明恨之入骨。加上银河系成为了无主之物，所以帝洛文明直接开始攻打银河系。可惜事与愿违，他们没有想到人族居然刚刚开始攻打就出现了光神这么一个至尊级强者。不过都开始打了，自然不可能退缩，所以数位至尊的联手之下，光神这个新晋至尊彻底陨落。 只是后来，谁知道人族居然又出现了苏妙然这么一个寒冰至尊，最终将他们反杀一半的至尊。可以说，人族的至尊要是一次性全部出现的话，帝洛文明估计都要被灭了。可惜的是，没有人给他们时间。现在灵岩归来，虽然将帝洛文明彻底灭绝，但是人族的这些至尊却是已经死了一次。因此林烟说，灵岩说这一次的人族劫难和他有关系，那绝对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好在现在一切都不算太晚。而远方飞船之中的所有幸存的人族，在见到了天空之中播报的画面之后，无一不是激动的欢呼、痛哭了起来。 人族终于可以从地落文明的阴影之下出来了。林岩，现在地落文明都被毁了，那要不要把人族放出去，开始重建家园？慕容星宇看着这一幕，也是对着林岩开口了：“重建家园自然是要重建，不过却不是依靠现在剩余的人族。现在人族的人口总数连曾经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要想发展到巅峰时刻，至少最少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才行。而且死去的人就彻底的死了。”林岩说道。慕容星宇听了之后也是点头。可是若是不依靠人族的话，我们还能依靠谁？还有死去的人。 难不成还能复活吗？慕容星宇虽然知道林岩说的有道理，但是却依旧有些苦涩。复活卡等级最低都是金色，想要复活全人类所需要的复活卡数量最少都得至少数千亿一张。这么多的复活卡从哪里弄到手？况且要复活那些人族的顶尖强者所需要的复活卡等级最低都是红色。谁说不能全部复活？然而林岩听到慕容星宇的话之后，却是微微一笑。他的话一出，慕容星宇瞬间懵了。难不成林岩能弄到数千亿一张的复活卡？这怎么可能？即使是林岩的实力强大，可以刷通关金色副本。 但是灵岩一人之力要刷一张金色复活卡，估计所需要的时间都得是好几天的时间。毕竟现如今灵岩的等级肯定也不低，能召唤出来十一阶的亡灵。灵岩的等级最低也是十一阶，而十一阶的金色副本通关难度太大太大了，依靠灵岩一人是绝对不可能刷出来那么多的复活卡的。不过我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的复活卡，所以我准备去一趟高级星域文明购买一些。你要不要也去？顺带找一些施工队把银河系重建了。林岩回头对着慕容星宇问道：“啊，购买复活卡，去高级星域文明，还要找施工队重建银河系？” 只是林岩的一连串讯息，却是让慕容星宇整个人都是傻眼了。这些名词他都能听得懂，但是组合在一起，却又感觉极为陌生。到了就知道了，走吧。林岩却是没有过多的解释，直接虚空一点，他的前方瞬间就打开了一道空间裂缝。林岩直接一步走了进去。慕容星宇虽然疑惑，但是却还是连忙追了上去。帝落星系寂静的星空之中，一个巨大的副本裂缝平静的悬浮在虚空之中。这一个副本裂缝是一个名为光明圣龙副本的 L V 六百级的红色副本。这个副本很早很早就出现在了帝落星系。 只不过地洛星系的至尊，甚至连进入的勇气都没有。毕竟里面的怪等级最低都是精英，而且还是无穷无尽，任何一头都能击杀寻常的至尊，更不用说是无穷无尽的野怪了。而且还有那些头领、王级，甚至最高圣王级别的 BOSS。嗡 <Wow>！而就在此时，随着一阵空间波动之后，林岩和慕容星宇的身形直接来到了这个副本裂缝的面前。慕容星宇刚刚出现，就一眼看到了这个副本的介绍：L V 六百级的红色副本。这，林岩，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慕容星宇瞬间傻眼了。 这么高等级的副本，难不成林岩要去攻略不成？虽然林岩的实力强大，但是很明显，眼前的这个副本之中的野怪也拥有毁灭一个顶级星系文明的实力。要想进入高级星域文明，就需要单刷并且秒杀里面的终极 boss。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到时候我带你去高级星域文明见见世面。林岩随口解释了一下，随后不等慕容星宇反应，直接一步就跨入到了这一个高达数百亿公里的恐怖空间裂缝之中，秒杀里面的终极 boss，那不就是秒杀圣王级 boss？林岩到底是在说什么？慕容星宇的 CPU 感觉都在冒烟。 虽然能知道林岩的意思，但是如此恐怖的事情，他如何敢相信？嗡、哦。然而还没有等他多想，林岩却是已经从副本里面出来了。呼，我就说秒杀圣王级暴什么的，应该是不可能做到吧？慕容星宇松了口气，走吧，去天眼文明的天启大陆。然而刚刚飞出来的林岩却是直接虚空一点，再次出现一个空间裂缝，随后林岩直接拉着还有些蒙圈的慕容星宇进入了空间裂缝之中。天眼文明，天启大陆，一座 L V 三五零 L V 五九九的主城街道之上。 在灵岩带领之下的慕容星宇直接就出现在了街道之上。然而，刚刚落地，慕容星宇就看到了周围大量的等级看不透的超级强者，不过也有不少等级他能看穿的。不过，这些人的等级最低也都是 L V 三五零，也就是说，周围的人全部都是八阶的强者。看到这里，慕容星宇顿时惊奇的瞪大了眼睛。丁，恭喜您进入天眼高级星域文明天启大陆悬空城，此主城可容纳 L V 三五零、L V 五九九的玩家，你已经拥有可沟通天眼高级星域文明商城以及论坛等各种主网络的资格。 而就在此时，慕容星宇脑海之中却也是传来这么一个提示音。听到提示音的瞬间，慕容星宇才彻底的确定，原来自己真的来到了天眼高级星域文明。林岩单刷红色秘境成功之后，自然就拥有了让自己和让人族服务器的任何人进入天眼高级星域文明的能力。这里居然真的是高级星域文明？这、这、这、这怎么可能？啊？慕容星宇此刻是真的激动了。走吧，去天启商城看看我们要购买的东西。林岩则是直接打开了商城传送界面，瞬间，慕容星宇两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虚无空间之中，而在两人面前，则是出现了一块巨大商城界面的投影。叮，欢迎来到天启商城，天眼文明区，您可以输入任何想要的物品进行搜索，亦或者直接进入商城的主页浏览。此时，一个提示音传到了两人的脑海之中。真的可以购买到任何东西吗？慕容星宇疑惑了。随后，他好奇的打开了天眼高级星域文明的商城主页，很快就在其中看到了无数等级最高高达 LV 幺二零零级的物品，有装备，有物品。 甚至还有灵岩之前说的文明星球复原施工队。不过慕容星宇第一个就是想要看看复活卡的价格，因为他想要复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随着他的点开，不同颜色的复活卡价格库存都映入眼帘。其中金色复活卡存货数量直接标注无限，只不过价格也不低。同时按金色复活卡、红色复活卡都有。红色复活卡的价格可是不便宜，一张就要足足一亿星元。这恐怖的价格让慕容星宇整个人直接傻了。把银河系卖了估计都买不起一张红色复活卡吧。无奈。 他只能放弃，从而看看更高的能级的复活卡。同时，他也是第一次知道了红色复活卡之上还有暗红色复活卡，只是那个价格之恐怖，要购买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足足一金星元，相当于一亿张红色复活卡的价格。这么恐怖的价格，让慕容星宇倒吸了一口凉气。另外，商城最顶端还有玄色复活卡，只不过不是购买的链接，而是收购的链接，标价一百万宇宙币，一宇宙币等于一亿亿金星元，等于一亿亿亿亿星元，等于一亿亿亿亿亿星币。 林岩，你看这个暗红色复活卡居然就这么贵，那玄色复活卡岂不是更贵的多？不过这宇宙币是什么单位？不知道这么一张玄色复活卡够不够买下一个低级星域了。慕容星宇看着玄色复活卡的价格，整个人都是有些震惊。那你可是小看了这个玄色复活卡的价值了，估计购买下一个低级星域不知道不知道多少次了。至于修复银河系要的钱，估计用不了几张红色复活卡。听到慕容星宇的话之后，林岩缓缓的开口了：“什么？真的吗？难道修复银河系很便宜不成？”林岩的话。 慕容星宇激动的连忙打开了这个文明星球复原施工队的介绍。文明复原施工队可复原任何文明的星球和星系。中型星系复原价格一百万至一亿星元，大型星系复原价格一亿至十万亿星元，顶级星系复原价格一百万亿星元至一百万金星元，低级星域复原价格一千万金星元至一千万亿星元。输入所在星系的名称、坐标，可计算需要的星元。提高工期速度需要额外加钱。注意，任何场景都只是只复刻，即使是花草树木、普通的植物、动物等等都是如此。 并不是复活，若是需要复活星系内的人口，需要额外加钱，价格有些昂贵，请慎重选择。看着这个介绍，慕容星宇傻了，居然连花草树木和普通的动植物都能复刻，这也太逆天了吧！甚至还有复活星系内所有人的套餐，就是用脚趾头也能想。若是选了这个套餐的话，估计这复活的价格得翻几万亿倍都不止。还是先看看仅仅只是修复银河系的价格吧。慕容星宇无奈，毕竟若是太贵的话，估计他只能和人族的强者一起带着所有人族开启艰苦奋斗的几万年历史了。叮，星系锁定。 莫斯特星域境内大型星系银河系修复星球价格二点五六亿星元，修复所有星球以及复刻所有普通动植物价格十五亿星元，修复所有星球以及复刻所有 LV 五百级以下动植物价格七十五亿星元，修复所有星球以及复刻所有 LV 五百级以下动植物，并且复活所有天赋等级在 R 级以下人族玩家价格一千万金星元，加上 R 级以上 R 级以下人族玩家总价三千万金星元。而看着计算出来的价格，慕容星女整个直接傻了，这这价格也太贵了吧！ 不复活人都要十五亿星元，慕容星宇傻了。他作为炎神的弟子，还是知道人族的资产的。曾经整个人族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只是几百万星元而已。而按照刚刚他看到的打包出售价格，整个银河系连同里面的人全部卖了，也只能卖五千万星元。可是现在要修复，还不包括人都需要足足七十五亿星元的恐怖价格。这价格简直高得令人发指，相当于把一百五十个银河系卖了才能修复一个。而且林岩仔细看了一下，若是将所有人二级以下的玩家全部复活的话，总价格居然达到了一千万金星元。 这么多的星元都足够修复一个低级星域文明了，相当于至少要出售两三百个低级星域文明才能凑齐这么多钱。林岩，这么贵，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依靠自己的双手恢复银河系吧，虽然需要个几十万年，也说不一定。慕容星宇苦着小脸，对着一旁的林岩开口了：“这价格还在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仔细算算，其实也很便宜了。”然而，听到了慕容星宇的话之后，林岩却是摸了摸下巴，随后淡然的说道：“啊，就这还便宜？”慕容星宇傻眼了，就这还算便宜的话，那什么才算贵？ 然而就在此时，林岩却是直接从自己的背包之中拿出来了一张黑红色的复活卡。看着红的发黑的复活卡，慕容星宇瞬间惊骇了。暗暗红色复活卡，林岩，你居然有暗红色复活卡！慕容星宇不可置信的惊呼一声。一张暗红色复活卡，足足一斤的星元，足够银河系修复了，甚至就连所有等级在 LV 五百级以下的动植物都能修复几百万次了。只是下一刻，林岩的话一出，慕容星宇却是整个人呆滞了。错了，这不是暗红色复活卡，这是玄色复活卡，这才是暗红色复活卡。林岩缓缓的说道。 同时又拿出一张真正暗红色的复活卡，这两个复活卡颜色对比的瞬间，慕容星宇脚下一软，差点就摔倒在了地上。玄玄玄玄色复活卡，慕容星宇吓得结结巴巴的。虽然玄色复活卡的一百万宇宙币到底是价值多少他还不清楚，但是他清楚的是暗红色复活卡的价值都能修复银河系几百万次了。这玄色复活卡的价值绝对更加的恐怖，将整个人族复活都绝对可以了。天启出售这一张玄色复活卡，林岩也是没有废话，直接开口了。玄色复活卡有多珍贵？ 别说是天眼文明这种高级星域文明，就算是那种顶级星域文明，想要爆出来一张，那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毕竟没有 r 二级以上的天才带队的话，想要打穿玄色副本的难度非常恐怖。而这个等级的天才，在顶级星域文明，那都是数万年才会出现一个的存在。嗡 <Wow>！而就在此时，林岩手中的那一张复活卡，也是在下一刻直接化作一道道流光，消失不见。叮，出售成功，您获得宇宙币一百万枚。随后，天启意志的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 以最快的速度修复银河系的所有星球和复活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天赋的，一共需要多长时间？灵岩对着天启一直问道。定，最快可在一天之内修复。星球修复的价格需要翻十倍，需要七百五十亿星元。复活人口需要的星元数量不变，依旧是三千亿金星元。天启一直回答。什么？只需要一天？一旁的慕容星宇听到了这个提示音之后，整个人都是惊呆了。他想过修复速度会很快，可是却没有想到一天的时间就能彻底的修复。这可是整个银河系啊！ 那么多的星球数量，想要修复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量。可是现在居然说只需要一天的时间，这天眼文明真的有那么的恐怖吗？好，直接修复。林岩没有犹豫，直接开口：“定，接受指令，已经委派施工组，施工队将会在一个小时之内携带所有需要的资源抵达银河系境内。”而就在此时，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好了，没想到这么快，看来是不需要让人族在我的飞船之中生活太久的。林岩也是回头看向了还在震惊的慕容星宇。 而慕容星宇听到之后，只是忍不住咽了口口水。他看向林岩的目光充满了不敢相信和惊骇。林岩，你现在到底有多强？这玄色复活卡，该不是你爆出来的吧？慕容星宇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了。听到他的话，林岩也是陷入了沉思。我的实力其实算不得强，不过同等级之中，整个宇宙能和我战斗的人，我估计很少了吧？林岩缓缓地说道。他虽然大意死在了神级 BOSS 光明炽天使长的手中，但是实则不是那个神级 BOSS 将他击杀的。 真正将他击杀的是光明主宰的审判之力，对方的审判之力等级绝对远远超过了 L V 二百。当然了，当初林岩想要破解光明炽天使掌的那一击，有很多的方法，可是他偏偏选择了硬扛，也是如此才导致了林岩的死亡。但是若是真的打起来，林岩有信心击杀对方，最多也就需要一秒的时间。毕竟现如今林岩的背包之中还躺着一套光明炽天使掌的神级套装，曾经准神级套装都能轻松击杀对方，现在若是换了神级套装的话，秒杀应该不过分吧？能秒杀神级 boss 的存在。 已经算得上是整个宇宙之中最顶尖的战斗力了，因此林岩说整个宇宙同等级没有几个能和他战斗，也不算是说大话。而听到林岩的话，慕容星宇忍不住张大了嘴巴。若是之前的话，他绝对会怀疑，可是现在他却是知道林岩这句话八成是真的。只是他非常的好奇，在林岩死之前，不是只是一个寻常的 L V 八零多级的普通人吗？为什么死了百年之后复活反而变得如此强大了？难不成死了并不是真的死了，而是会被送到地狱之类的某个地方？想到这里，慕容星宇都有些想要自杀看看了。不过很快。 他就否决了这个可能性，因为他虽然没有死过，但是却复活过不少人。这些人复活之后都说过死后的感受，就是一瞬间，前一瞬间才死，后一瞬间又复活了，中间没有任何的东西。好了，先回银河系吧，我已经把通往天眼文明的通道权限给你开启了，你随时可以来。就在慕容星宇胡思乱想的时候，林岩却也是开口打断了他。慕容星宇一听，也是连忙点头。与此同时，残破的银河系传来了大量的空间波动，随后一艘艘庞大的飞船穿透星空虫洞，出现在了这个星系。这些飞船。 每一艘的大小都达到了恐怖的数千亿公里，其庞大程度可以说放下整个银河系的所有行星、恒星、黑洞等等都轻轻松松。而现在，这种飞船却是有足足一万艘来到了银河系的范围之内。这些飞船之上还刻画着一个维修星球的标志。若是一些高等级文明的人看到飞船，就会知道这些飞船全部都是属于同一个公司——星系修复公司的飞船。星系修复公司并不仅仅服务于天眼文明，而是服务于整个人族宇宙区。据说其创办者是好几个至强者，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会被坑。 当然了，也没有人敢得罪，得罪这个公司就相当于得罪足足数个之强者。咔嚓！而就在此时，为首的一艘飞船门缓缓的打开了，随后一个体型高达数亿公里的巨灵族强者从里面走了出来。巨灵族，一个宇宙之中体型比较庞大的种族。这个种族天生职业等级最低都是二十级的巨化类天赋者。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种族的成员每一个都体型庞大。啧啧啧，这么小的一个星系，居然出了那么多的钱让我们来修复？难不成这个星系是某个大佬的故居？亦或者是某个大佬看上了这个星系的某个人？ 巨阙目光朝着周围一扫，瞬间就将整个银河系方圆十万光年之内的一切事物都是看在了眼里。同时，他也是发现了不远处有一艘圣王级别的亡灵飞船，不过等级只有 LV 五九九，所以他并不在意。随后，他拿起联络器，在天启聊天界面之上给林岩发送了消息。嗡、哦嗯！然而就在此时，一阵玄妙无比的空间波动瞬间就在巨阙的前方传来。感受到了这一股空间波动，巨阙顿时眉头一挑，这好像是不止一种空间类的元素波动，这是怎么回事？啊？巨阙顿时就惊奇了。 空间系的元素之力，每一种都极为珍贵。若是双元素的话，再怎么弱也比寻常的 S S S 级天才难得。即使只是 L V 一，若是三四种元素，那就更加珍贵了。而现在，他似乎感受到了至少七八种，具体几种，因为他不是元素类天赋者，所以虽然等级达到了 L V 一千级，但是照样无法看出来。嗡 <Wow>。而就在此时，在空间裂缝之中走出来一男一女，两人刚刚出来，慕容星宇的瞬间就被巨缺着恐怖到极点的身躯吓了一跳。至少数亿公里的恐怖高度，意味着太阳在他的手中都如同尘埃一般的渺小。 阁下就是这一次的雇佣者吧？你好，我是星系修复公司的，你叫我巨缺就行。而这等强者见到林岩之后，却也是笑着开口了。能花这么多钱的人，要么是超级强者，要么是超级二代。当然了，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他们的客户，这服务态度必须足够好。你好，我就是。银河系的修复工作就麻烦你们了。林岩看着巨缺，也是笑着点头。对方是 LV 一千级，而天赋却只是达到了 RSS 级，虽然已经足够高了，不过林岩却不放在眼里。林岩想要击杀对方，只需要将所有的经验值解封。 到时候自己的等级最少能提升两百个等级，到时候 L V 七九九的他想要击杀巨缺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当然了，林岩也不会这么无聊。嗯，本次工期大概是你们银河系的地球时二十三点二四个小时，还请稍等片刻。巨缺微微点头，随后他直接大手一挥，嗡嗡嗡嗡。下一刻，周围的一万艘飞船直接启动，随后所有的飞船直接遁入虚空，瞬间消失在了这一片星域。而林岩却是能清楚的感受到，这些飞船此时已经平均的分配在了银河系的各个角落。下一刻。 无数强者从飞船之中飞了出来，这些强者等级最低都是 L V 五百级，最高的则是达到了九百多级。当然了，这些强者并不是修复星球的主力，修复星球主要是依靠那些飞船。只见这些飞船伸出无数条伸缩臂，这些伸缩臂直接在虚空之中打出一道光束，瞬间光束全部汇聚在了中间的一个点。下一刻，一个个星球就像是使用三 D 打印机一样，从地核开始打印出来。在地壳之前，这些星球打印的速度都极快，只是到了地壳之后，开始有大量不同的地质外观。 所以打印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也只是一点点。而随着星球的地貌全部打印出来之后，无数条小型伸缩臂伸出来，将大量的植物、动物复刻体全部都放入到了这一个星球之上。这些动物自然不可能还是曾经的那一批，不过好在就是宇宙之中的任何星球都被天启意志所笼罩，而作为至强者，可以从天启意志里面调集所有星系的事实情况。这些星球的情况则是被星系修复公司的记录在了电脑之中。这些星球都是被损毁之前的模样，就连动物都是被改造的和曾经的那一批几乎一模一样。 最后的栽种环节自然是最慢的，星球的主体打印时间都不超过一分钟，但是这些栽种却是栽种了十多分钟的时间。不过好在一艘飞船可以同时创造足足数十万个星球，因此十多分钟就有足足数十万个生命星球被彻底的修复，而这些星球则是被一艘艘小了很多的飞船运送到了原本对应的运行轨道之上。接下来就是下一批生命星球，因为这里有足足一万多艘飞船，因此仅仅只是第一批就将银河系几乎所有的生命星球全部修复完成，而接下来就是更多的寻常星球。 感应到这里的灵岩却是陷入了沉思。生命星球数十亿个已经全部修复，就连上面的建筑、家电、家具都全部修复。这一次要修复的星球都只是那种没有生命的星球。若是让人族复苏之后再来改造的话，需要花费的时间至少都需要数万年，而且很多星球的改造极为复杂，目前人族的科技很难做到。他也不可能天天盯着。巨缺前辈，麻烦问一下，剩下的那些星球，我若是想要让他们全部改造成生命星球的话，需要加多少钱和时间？灵岩随后对着巨缺问道：“人族需要发展。” 但是灵岩却是暂时还不想让人族离开银河系，因为这个宇宙的强者太多，出去就需要战争，战争就需要死人，没必要太多的流血。而人族也不可能不发展，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由灵岩出资，将银河系剩下的星球全部改造为生命星球，这样人族发展速度也将极快。这个星系有三千多亿个行星，若是全部改造的话，只需要加一万亿星元就行。另外，多创造一个额外的生命星球的话，只需要多加一亿星元就行。至于时间，估计得三天。巨雀思索了一下，随后给出一个比较中肯的报价。 毕竟，林岩还需要定制大量植物和动物在这些星球之上，那就全部改造。另外，再在每一个小行星系多创造十倍的生命星球，在太阳系之外给我再创造一个你们目前能创造的最庞大的星球，和加上对应的反重力设备，重力调节到地球的十倍以内，按照最快的速度来。林岩微微点头，随后将自己的要求全部都说了出来。而听到了林岩的话，巨缺也是点头。也就是说，一共创造三万亿个生命星球是吧？那这样，我给你再派遣九万艘飞船，到时候你只需要给我总共三亿星元就行。 复活人的钱另算，因为这个也不是我卖复活。不过按照你复活人的钱来算的话，别说是一共创造三万亿个生命星球，就算是创造三万斤的星球，我想阁下应该也能承受吧？”巨缺笑着的说道，“承受自然是可以，只是没必要，你说是吧？”林岩也是笑了。巨缺一听也是笑了：“是啊，不过只是为了讨这么一个小姑娘的欢心而已。再说了，这个银河系的人数就那么一点，创造这么多的生命星球，是准备一人送一个吗？”很明显，此时的他已经猜到了。 林岩估计是某个强大世家或者强者的后人，花这些钱也是为了身旁这个小姑娘。之所以这么想，也很正常。林岩身上的套装虽然不显，但是一看最低都是暗红色的套装。能穿得起暗红色以上套装的天才，其天赋最低那都是 R S S S 以上的天才。这种天才背后的背景自然是不简单。只是他有些羡慕慕容星宇了，这么一个小文明的弱小存在，居然能被林岩这等超级二代给看上，甚至给他花这么多的钱。不过巨阙也来不及多想，现在的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他连忙联系了总部，然后将这一次需要的飞船和材料全部运送过来。因为飞船数量提升了十倍，所以三万亿个生命星球最终估算的时间还是能在三天之内完成。慕容星宇，我先送你回去，通知一下飞船之中的人族，三天之后他们就可以搬回去了。林岩看着慕容星宇开口了：“那你呢？”听到林岩的话，慕容星宇连忙问道：“我、哦、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林岩缓缓的开口了，而说完之后，他也不管慕容星宇在想什么，直接右手一挥，嗡、哦，瞬间慕容星宇直接就消失在了原地。 而灵岩则是脚下一点，嗡、oh.！瞬间，随着周围的空间一阵扭曲，灵岩却是出现在了一个不大不小，但是却极为熟悉的生命星球上空。这个星球正是灵岩的老家龙腾星。此时修复完成的龙腾星已经安静的悬浮在了他的轨道之上。因为灵岩的特殊要求，所以龙腾星算是最早修复的一批星球了。这个世界的龙腾星，在我死之前就毁灭了十年了，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到。灵岩看着眼前熟悉的星球，心中思虑万千。随后，他直接一个瞬移，回到了曾经的那一个平静的小家。 这星系修复公司的工作效率绝对不是盖的。眼前的这个家和曾经灵岩记忆之中的一模一样，甚至一些桌子磕碰等等都没有丝毫的区别。回到自己的房间，感受着周围的空气和曾经一模一样，林岩也是悠悠的叹了口气。先复活一下这个世界的爸妈他们吧。林岩想到这里也是有些激动，甚至拿出那复活卡的手都是有些颤抖。因为这个世界的家人才是林岩最初的家人，和上一个自己重生的家庭不同，那个家庭在自己的守护之下没有遭受过任何的苦难，可是。 这个世界的家人却是不一样。从慕容星宇的讲解之中，他就能清楚地感受到，作为人族最强者的林战和光神，在知道了自己死后会是多么的愧疚和愤怒，甚至于因此失去理智，做出了让整个人族都无法理解的事情，将诸葛一族上上下下全部灭绝。天启，给我复活银河系人族战神林战和他的妻子莫灵韵。林岩直接对着天启开口了。丁，接受指令，是否确认复活以下两位玩家？天启意志瞬间就做出了回应，同时两个人的投影出现在了林岩的面前。不错。 就是他们，林岩深吸一口气，直接开口。叮，接受指令，消耗两张红色复活卡，开始复活玩家。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来。嗡，oh. 瞬间，林岩背包之中的两张红色复活卡直接化作红色的光芒，从林岩的身体之中冲了出来。这两道光芒直接朝着林岩的前方汇聚而去。很快，两人影在红色复活卡的汇聚之下渐渐成型。而看着越发凝实的两个身影，林岩的呼吸也是略微急促了起来。嗡，oh. 终于，这一世。 胡子拉碴的林战和有些憔悴的莫林韵出现在了林岩的面前。下一刻，两人也是缓缓的睁开了那一双饱经沧桑的双眼。我、哦、不是死了吗？这里好像是家。林战睁开双眼之后，看了一眼周围，有些迷茫。这个家虽然只是他住了几十年的家，但是却是他一辈子最快乐的几十年。不过下一刻，他就看到了站在前面的林岩和身旁同样刚刚睁开双眼的莫林韵。小妍，你是小妍？莫林韵在看到林岩的瞬间，双眼就流下了眼泪，激动的他连忙快步上前，激动的打量眼前的林岩。 妈妈，好久不见。林岩看着眼前的林母，也是双眼泛红的笑了，同时将林母直接搂入怀中。小岩，真的是你！小岩，莫灵韵趴在林岩的胸口啜泣了起来。小岩，真的是小岩！还有林韵。这里到底是哪里？难道是传说之中的地府？可是，若是地狱的话，林韵你怎么在这里？林战看到林岩和莫灵韵虽然激动不已，但是下一刻却是脸色有些凝重了。莫灵韵也在这里，难道她也死了？可是她当初可是拼命之下将其他极大文明和他们找来的帮手全部击杀了呀！ 虽然还有一些九阶强者，但是那些九阶强者的最强者几乎都被他斩杀了。人族还活着的九阶强者的综合实力绝对比他们强大，况且还有莫林运这个即将突破到十阶的超级强者在，人族不应该会败啊！你死后没多久，帝洛文明就大举进攻银河系，其他几大顶级文明全部被灭，而我为了掩护莫染离开也死了。莫林运惨然一笑，此时的他心中只希望林墨染能好好活下来。也就是说，这里真的是地狱吗？是啊。 当初你和我带着莫染去祖星进行天赋测定的时候，龙腾星就被斯塔鲁文明偷袭被毁灭了。这里不是地狱，还能是哪里？林战想到这里也是无奈一笑。没想到这个世界真的有地狱，他能清清楚楚的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不是虚幻，自己是真的还活着。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能见到小妍了，我的好儿子，都怪爸爸妈妈没有保护好你。莫灵韵看着眼前熟悉的林岩，眼泪再次滑落了下来。而林战也是走了过来，不知道为何眼前的灵岩比曾经死之前坚毅成长了不少，但是却年轻了很多。 但是林战都不在意，他能清楚的感知到眼前的孩子就是自己的那个儿子，那个因为他的失误而死去的儿子。对了，小炎，你或许还不知道，你老爹我就是战神，人族的战神，而你妈则是人族光神。当年龙腾星被毁，我和你娘还有你姐姐其实都没有死。随后，林战缓缓的将自己和光神的身份说了出来。这个我已经知道了。然而，林岩的话却是让林战夫妻愣住了。另外，这里也不是地狱，而是龙腾星，我们的家中，你们都复活了。林岩笑着说道。 什么复活？这怎么可能？听到林嫣的话，林战瞬间惊呼一声：“等等，难道是墨染和妙然？墨染或者妙然成功活了下来，带着人族走出来了，而且还攻略了红色副本，才将我们复活的？”一旁的莫灵韵却是突然眼前一亮，激动的开口了：“他就是为了救下林墨染和苏妙然才死的。苏妙然他自然是非常的熟悉，作为当年林嫣生前最为要好的一个朋友，他这个母亲对苏妙然也是非常有好感，甚至出面让人族九阶强者冰神收他为弟子。不过苏妙然却是拒绝了。” 后来的苏妙然如同开挂一般，天赋飞速提升，在短短的百年时间之中，天赋成功超越了已经达到了二级天赋的林墨染，达到了二的天赋。这期间，光神他们其实已经相处的和一家人没有多少区别了。而他死之前被帝洛文明的至尊盯上，为了让两人逃离，他选择了自爆。同时，他也相信只要林墨染和苏妙然都活着，以后的成就绝对不下于他和林战。所以现在得知自己和林战都是复活之后，莫林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妙然活着，林墨染成长到了能爆出红色复活卡的程度，所以才将他们全部复活。若是妙然那个丫头的话。 只要活下来，的确是有可能成长到那个程度。就连林战在听到了莫林韵的话之后，也是认同的点头。姐姐和妙然也都死了，死在了你们之后，最终也没能将地落文明彻底消灭。而你们是我复活的，只可惜林岩却是缓缓的开口了。轰！这话一出，莫林韵和林战的脑海瞬间炸开了。死了，都死了，这怎么可能？而且他们是林岩复活的，可是若是如此的话，是谁复活的林岩？等我先将他们复活，你们就知道了。林岩也知道自己解释不清楚。 所以只能先等所有人复活了之后再说，不然等林墨染和苏妙然复活之后，自己还要再解释一遍，的确是有些麻烦。下一刻，林岩直接拿出几张红色复活卡。当林岩拿出来红色复活卡还是几张的时候，林战和莫灵韵顿时不可思议的看向了林岩：“儿子，这复活卡你从哪里来的？还有，到底是谁复活的你？”林战此刻脑海脑海之中无数的疑问，此刻的他开始怀疑周围的一切是不是都是自己死之前的幻想，毕竟这么多的 bug 看着就不真实。然而，林岩还没有将林墨染和苏妙然复活。 眉头却是瞬间紧锁了。天启，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无法复活？林岩直接怒斥一声。他的话一出，林战夫妻脸色一变。无法复活？谁？林墨染和苏妙然吗？丁，无法复活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此人没死；第二，你的复活卡等级不够；第三，此人死了，但是没有完全死，他们的灵魂和意识尚且存在于人间。然而，面对林岩的疑惑，天启意志直接开口了。这个声音，三人都听到了。言儿。 难道是你姐姐他们还没死？莫林韵惊喜的说道：“没死？不可能！我明明从位面画面之中看到了他们的死。”林岩眉头紧锁，凝重的说道。而这话一出，林战和林墨染都是懵了。位面画面？那是什么东西？眼前的这个儿子似乎和曾经完全不一样了。等等，儿子，我怎么看不穿你的等级？突然，林战意识到了什么，顿时惊呼一声。莫林韵一听，也是连忙看向林岩的等级，果然什么都看不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一种林岩使用了强大的隐匿类技能，隐藏了自己的属性。 第二就是等级已经超越了他们。林岩听到之后，也是开放了自己的等级。当他那 L V 五九九的等级出现的瞬间，林战和莫林运两人均是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L V 五九九，十阶极限，这怎么可能？难道是复活卡等级不够吗？天启意志，那我用暗红色复活卡复活，不行就玄色复活卡。林岩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直接对着天启意志冷冷的说道：“暗红色复活卡，玄色复活卡，那是什么东西？”这两个陌生的名词出现的瞬间。 战神和莫灵韵两人都是感觉林岩有些不对劲了，难不成林岩是在说胡话，还是说是他们两人不对劲了？两人难道真的都是临死前的幻想？不然，林岩一个职业都无法使用的人，怎么可能会成为 LV 五九九级的十阶巅峰强者？只是林岩现在没有时间解释而已。定依旧无法复活，可惜面对林岩的询问，天启意志的话却是让他的脸色再次难看了下来，依旧无法复活。也就是说，前两个可能都已经排除了，唯一的可能就是最后的一种：两人都死了，但是没有完全死。 这一刻，林岩脑海之中回忆起来重生之后的第二世界之中林墨染的种种异常，瞬间他笑了，他无奈的笑了。姐姐，原来你真的一直都在我的身旁，你真的也重生了。林岩笑了，也就是说，苏妙然和林墨染都没死，只是两人的灵魂不知道什么原因和自己一样重生到了第二世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林岩猜测他们两人的重生意识应该是没有自己那么清晰的，亦或者还没有彻底的觉醒。重生，小岩，你到底在说什么？你姐姐到底怎么了？ 听到了林岩的话，莫林韵担忧的问道：“虽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但是他对林岩口中的林墨染照样十分的担忧。”而林岩知道林墨染和苏妙然的情况之后，也是没有再沉默。“老爸妈妈，我接下来说的话都是真实的，而且事情有些复杂。”林岩缓缓的说道。听到林岩的话，林战和莫林韵也都是愣了一下，随后严肃的听了起来。“我当初虽然的确是死了，但是却没有完全死，因为我在死之前终于找到了我的职业的使用方法，并且复制到了第一个被动重生，所以。” 在我死后，我并没有消散，而是重生到了其他的平行世界。那个世界同样有我们全家，有人族，有一模一样的宇宙。只是因为我的重生，一切都不一样了。林岩缓缓地开口了，随后他将自己重生到那个世界之后，在银河系的事情都说了一遍。至于宇宙强者战，他却是没有提，毕竟需要给林战和莫林韵一些消化的时间才行。果然，随着林岩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番，两人很快就接受了。毕竟两人都不是普通人，接受能力自然不弱。只是。 这些内容却依旧让两人震惊的无以复加。也就是说，你死了之后去到了你说的第二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之中成为了超级强者，并且灭了银河系其他的所有文明。不过因为大意被 BOSS 暗算，最终死亡又重生回来了这个世界。只是回来之后，时间却不是你当初死的时间点，而是我们所有人都死亡到现在。而且这个世界的地落文明、塔罗文明等等都被你全部灭了。现在的地球是你找宇宙之中强大文明来重建的。林战捋了一下思路，整个人都是有些惊骇，没想到平行世界的理论居然是真的。 而且听林岩的意思，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和不同的平行世界。不错，就是这样。林岩微微点头。等等，那就是说你姐姐和妙然现在在其他的世界？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们？莫灵韵却是极为担忧的开口了。问题应该不大，有很多种方法去到其他平行世界。我现在掌控了空间之力，而且等级已经不低了，只要我将实力提升上来，就能实现平行世界间的跨越。林岩思索了一下，缓缓的说道：“当然了，还有一个方法，他没有说。” 怕林战和莫灵韵担忧，现在就要去找的话也行，只要自杀之后重生就行。只是这种方法的话，想要去到老姐他们所在的第二世界世界，就要看运气了。空间之力就是虚空之力吗？你掠夺到了虚空之力，被动等级到多少了？天赋等级最低都达到 R 以上了吧？还是说已经超越了 R？林战疑惑，有些好奇。林岩之前的故事之中，只是讲了自己灭了第二世界的地落文明，但是却没有说细节。因此，林战猜测重生之后的林岩，估计是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将实力提升到了 LV 五百级以上。 随后，凭借强大的等级和虚空之力，将地洛文明覆灭的，不是虚空之力，只是融合成空间之力的十种元素之一。另外还包含了破碎、储存、瞬移等一共十种的空间类元素。这些元素被动的等级都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融合成为空间之力。林岩随口解释了一下。作为虚空之力的拥有者，他估计林战应该也能听得懂。什么？这么多被动融合？这些被动之中，好几种可都是最低 S 级甚至 SS 级的强大被动啊！战神听到林岩的话，忍不住震惊了。果然，我就知道。 我们小妍的职业绝对很强，莫灵韵则是只是自豪的笑了。当初林岩被不少人推断为鸡肋职业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什么鸡肋职业能被称之为唯一职业？肯定是没有正确的使用方法。果然，当林岩找到了正确的使用方法之后，这职业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无敌。对了，爸妈，这里是一些复活卡，我留着也没用。等过两天，银河系的人族都差不多全部复活之后，你们看看哪些你们认识的人没有复活，就用这些复活卡复活吧。想起来什么的林岩也是从背包之中按出来一大堆的红色、暗金色、金色复活卡。 数量之多，让林战两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其他复活卡也就算了了，这红色复活卡足足数百张，两人估计足够他们将人族历史上的所有二级以上的天才全部都复活了。对了，银河系的所有星球都是在恢复了，你们要不要去看看？另外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和施工队的人谈谈。林岩对着林战和莫林韵说道：“施施，施工队。”听到这个名词，就连林战都是有些懵了。不过他却是有些异动，毕竟是银河系的重建，他这个人族曾经的守护神，还是想要看看银河系会被重建成什么样子。去什么去？ 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一下，都给我在家好好待着。然而就在此时，一旁的莫林韵却是冷冷的开口了。这话一出，林战顿时脖子一缩，哪里还敢说出去转转的事情？接下来的几天，林岩一直在家中陪着林战和莫林韵。至于银河系的修建，则是通过转播观察。这几天的时间，林岩也是大致的知道了这些年自己死后人族情况的一些细节。当然了，现如今对于林岩而言，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银河系今天终于修建结束了，并且生命星球的数量比之前多了足足千倍。 这么多的生命星球，即使是灵岩将人族全部复活，想要开发满也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就在所有星球完工的下一刻，巨缺却是发来了消息：“巨缺老板，生命星球的重建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生命复苏的人来和你们对接复活银河系的人。那有机会再合作，再会。”巨缺的消息发送过来，随后拥有空间感知的灵岩就感受到了，巨缺这一次带来的所有飞船都随着一阵阵空间波动彻底的离开了银河系的范围。随后又是一艘巨大的飞船进入到了银河系的范围。 而这一艘飞船等级比之前巨阙的十四阶飞船要来的庞大，明显是一艘十六阶的飞船。飞船刚刚进入到人族境内，就飞出大量的子飞船，这些飞船很快就抵达了曾经银河系人族统治的所有生命星球上空。随后一条消息随之传来：“你好，我们是生命复苏公司的，你确认一下是要复活现在算起一百年内的所有人族之人吗？”林岩看了一下，也是回复：“不错，全部复活。”随着林岩的消息发出，林岩瞬间就感受到了银河系境内开始产生了大量的生命之力，虽然很弱。 但是林岩能清楚的感受到这些生命之力之中那熟悉的人族血脉。滴滴滴滴，你有新的聊天消息。滴滴滴滴，你有新的聊天消息。滴滴滴滴，你有新的聊天消息。然而就在此时，林岩身旁的林战还有莫灵玉瞬间就接收到了大量的消息，两人连忙打开了聊天界面，随后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聊天窗口出现，这些人无一不是人族曾经的顶尖强者，比如炎神、暗黑武神等等，数千个八阶九阶的超级强者。看到这里，林战忍不住笑了，哈哈，活了。 终于都活过来了，林战畅快的大笑了起来。多亏了小妍，若不是小妍的话，我人族这一次是真的灭绝了。莫灵韵也是自豪的笑了。林岩是他的儿子，他独一无二的儿子。而看着开心的父母，林岩也是忍不住笑了。这样的话，他就能放心的离开了。爸妈，既然人族的人都复活了，那人族接下来的分配和善后工作就交给你们了。另外，这是一些转职卷轴，你们两个先用了，剩下的你们看需要的话就分配给其他人。林岩说着，直接就虚空一挥。 瞬间，一份份强大无比的转职卷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些转职卷轴之中，等级最高的还有虚空类的 R S S 的以及光明炽天使长转职卷轴。这可是神级 Boss 身上爆出来的强大转职卷轴，其等级很高，已经达到了 R S S 的恐怖程度。只要使用，就能获得光明之力、审判之力等等数种元素之力，并且等级都是达到了 L V 二三零级。可以说，这转职卷轴只要莫灵韵使用，直接就能成为个宇宙之中最为顶尖的天才。然而，看着这些等级恐怖的转职卷轴，莫林韵却是没有丝毫的开心。 反而，他的目光看向了林岩，充满了担忧。小岩，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去哪里吗？莫灵韵拉住了林岩，生怕这个一百多年没有见过的儿子再离他而去。妈，我还要去找姐姐。等我找到了姐姐，我就带她回来。而且，短时间之内我也去不到其他世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林岩看着莫灵韵，笑着说道。听到了林岩的话，莫灵韵双目微红。是啊，自己的女儿现如今还在其他的平行世界。虽然听林岩的话说，她在其他的世界很安全。老婆，儿子说的对，小冉回来才是。 我们全家真正团圆的时候，你还是让他去吧。一旁的林战也是拍了拍莫林韵的肩膀。听到这话，莫林韵才不舍得松开了林岩的手。那小妍，你可是要记得经常回来啊！我就在家里等你。还有，一切都要以小心为上。要是不小心再死了，谁知道能不能再复活？莫林韵对着林岩小心的嘱咐着。嗯，我知道的。那我走了。林岩认真的点了点头，随后脚下一点，飞出了林家。离开林家的林岩没有直接进入天气裂缝，而是先朝着龙腾星的帝都发现飞去。此时。 龙腾行动的天空之中，一艘巨大的飞船绽放出一道道的牵引光束，在这些牵引光束的力量之下，一个个刚刚被复活的龙腾星居民被送回到了龙腾星之上。此刻，所有人都是一脸懵逼，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记得好像自己在一阵巨大的爆炸之中死了呀，怎么又活过来了？难不成他们是被人救了吗？有老爸老妈两人在，银河人族应该能尽快接受自己复活的事情吧。林岩想到这里，目光则是朝着龙腾星的帝都位置看了过去。 却见在哪里，帝都学府之中，司空雪云也是有些猛的看着周围，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复活了，而且他飞到空中之后，能清楚的看到帝都学府的所有人都复活了过来，即使是一些在当初星球毁灭之前就已经死在天启大陆之中的学生也复活了。这一刻，他有些震惊了。嗡、哦，突然就在此时，天空之中降落下来一道红色的光束，轰，瞬息间，一股恐怖到极致的力量直接涌入到了司空雪云的全身上下。 这一瞬间，司空雪云能清楚的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火焰之力等级瞬间开始暴涨。原本 S 天才的他在死之前卡在 L V 九九级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可是随着转职成功，他的转生任务瞬间消失，而这么多年来积攒的经验值也是一瞬间就将他的等级冲破到了 L V 幺零九级。不仅如此，他清楚的感受到自己现如今的实力比之前强大了至少十多倍。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司空雪云不敢相信的捂住了小嘴。丁，恭喜您成功转职为火焰神元使 R S S。 获得被动火焰之力 LV 幺零九，光明之力 LV 幺零九，三大基础属性 LV 幺幺九。然而就在此时，一声提示音却也是在这个时候传到了他的脑海之中。转职？我什么时候转职的？而且 RSS 这是什么等级？被动等级 LV 幺零九？我难道是在做梦？司空雪云整个人都是懵。而数万公里之外的灵岩看着这一幕，却是笑了。司空导师的恩情终于还了。不过话说回来，第二世的司空导师，我还没给他提升天赋。 不过后续再说吧，毕竟对我有恩情的是这个世界的司空雪云，而不是第二世的林岩。想到这里之后，也是没有再犹豫，手指朝着虚空一点，嗡 <Wow>，瞬间一道天启大陆的裂缝直接开启，林岩一步跨越而出，瞬间进入到了天眼文明旗下的天启大陆。进入到天启大陆，林岩直接找了一个主城，随后花费了不少的星元，直接将自己传送到了天眼文明在天启大陆的最大主城——天眼主城，一个等级限制为 LV 五百 LV 幺五零零。 上一个世界的灵岩之所以没有来过，主要是这等级的限制。当然了，这个等级限制针对的是非天眼文明公民的人。灵岩上一世想要进入，只需要弄一个天眼文明的公民认证就行。boom、哦、而随着一阵空间波动，天眼组成的某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之上，灵岩的身形出现在了这里。一进入，他就感觉到一阵无形的威压将自己笼罩。叮，净空法则之下，任何人无法飞行，除非等级达到 LV 一千级以上，亦或者天赋等级为 RSS 以上。一个提示音随之传到了灵岩的脑海之中。 居然还有净空领域，不过也是，要是人人都能随便飞的话，这天空早就被密密麻麻的人占据了。林岩看了一眼周围拥挤的街道，忍不住想到。不过我这一次的最终目的却还不是天眼文明，而是宇宙国，银河系所在的宇宙国为暗影宇宙国，算是不打不小的一个宇宙国了，境内应该有神级副本和秘境，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混乱鬼域的神级副本和秘境存在。林岩有些好奇，之所以要找混乱鬼域的副本和秘境，自然就是为了提升重生被动的等级，若是没有的话。 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找一些玄色秘境刷一下了。林岩想到这里，也是有些无奈。玄色秘境等级虽然也不低了，但是最多也就只能将重生被动的等级提升到 LV130 左右，想要更高，还是得神级秘境。不过现如今，他得先在整个人族宇宙区境内露露脸才行，这样才有可能被暗影宇宙国的高层注意到，从而有资格进入神级副本秘境之中攻略。对了，之前在宇宙强者战之中，好像听说过天才有一个排行榜，不同阶段的排行榜第一都有不同等级的奖励。 这十阶排行榜的第一名，含金量应该很高。毕竟是七百多个宇宙国共同争抢，运气差一点的话，这暗影宇宙国估计得几百届没有出现过一个第一了吧？林岩想到这里，顿时就有了目标。十阶强者能活足足三万年的时间，三万年就算是一万年一阶，几百届那也是几百万年的时间了。只要成为第一，绝对能成为暗影宇宙国几百万年来第一天才。这种地位，想要攻略宇宙国内的神级副本，绝对不是什么难事。毕竟只是攻略，又不是将副本和秘境带走。天启。 我要挑战这人族宇宙区的天才排行榜。随后，灵岩直接对着虚空开口了：“丁，您目前为高级星系文明公民，无法挑战人族宇宙区天才排行榜。人族宇宙区天才排行榜需要先加入任意一个宇宙国，成为其公民才能挑战。然而，令灵岩有些无语的提示音传来，这就让灵岩蛋疼了。加入宇宙国，成为其公民才行，那就有些麻烦了。我得先成为天眼文明的公民，并且在天眼文明之中出名，有可能转入到顶级星域文明。在顶级星域文明成名之后，才能转入到宇宙国。” 林岩想到这里，出名最简单的方法，估计还是这排行榜。那这天眼文明有没有所谓的排行榜？林岩直接问道。有的，天眼天才榜，只需要成为天眼文明公民，就能开启挑战。你可以前往天眼主城的公民认证点进行认证。面对林岩的疑惑，天启意志做出了回答。给我坐标。林岩没有犹豫，直接开口。坐标已经下发，请尽快前往。一声提示音，此时也是随之传来。看了一眼坐标。 林岩直接一步跨出，瞬间空间之力涌动，林岩的身形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当然了，这一幕没有引起周围人的在意，毕竟在别人看来，林岩要么是使用了传送卷轴，要么下线了，要么就是有瞬移类技能。天眼文明公民认证中心，这是一座极为巍峨的悬空城，就位于整个主城的上方。当然了，整个天眼主城有不止两层，一共足足九层，层数越高，想要进入就需要越高的权限。这天眼文明公民认证中心虽然是在第二层，但是也是唯一一个不需要权限就能进入的官方机构。 其他第二层的机构，寻常人就无法进入了。而与此同时，嗡 <Wow>，随着一阵空间波动，一个背负一柄魔能巨剑的少女，却也是出现在了中心的前方。而她的身旁，则是一个浑身气息浑厚且磅礴的老者。当然了，这个老者的气息在周围却也只能算是平常。师傅，你说我能认证到三星公民吗？上一次我二星公民都只是勉勉强,强强才能成功啊！少女有些担忧的对着老者说道：“你可是我莫斯特大帝的弟子，区区三星公民算得了什么？只要你接到转身任务，天赋达到 R S S。” 就算是四星公民都有机会。老者听到自己弟子的话，顿时就忍不住傲然的开口了：“师傅，咱能不能别吹牛了？现在可是说正经的、啊。”只是这话一出，少女都是有些无语一，自己师傅太吹牛了，自己都只是一个三星公民，还想着让自己成为四星公民？没错，这少女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世界的塞西利亚。这个世界的塞西利亚经过百年的成长，等级已经达到了 L V 五九九级，只是因为没有灵岩的原因，他的天赋等级依旧只是 R S。这个天赋想要成为三星公民，的确是有些困难。 当然了，虽然一百多岁了，但是对于拥有三万年寿命的十阶强者来说，依旧是极为年轻的状态。你这丫头，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听到徒弟的吐槽，莫斯特大帝也是有些无奈。哇、哦、然而在此时，两人的前方突然传来一阵空间波动，随后一个少年从空间波动之中走了出来。莫斯特大帝看到少年出现的情况，眉头一皱，他似乎感受到了不止一种空间之力，难道是某种特定的传送卷轴吗？少年不是别人，自然就是林岩。嗯，塞西利亚。然而灵岩出现的瞬间。 看到塞西利亚，整个人都是懵了。你认识我？我们见过。听到林岩叫出自己的名字，塞西利亚顿时疑惑的看向了林岩，她好像没有印象。此时林岩才反应过来了，这个世界的塞西利亚和他没有见过，只是他有些无语，这都能见到对方，难不成自己和对方这么有缘？嘿嘿，莫斯特文明的天才美少女，我自然还是听说过的，仰慕已久，仰慕已久。林岩随口找了一个借口。果然，女人都是喜欢听别人的夸奖。听到林岩的话，塞西利亚顿时就开心的笑了。多谢夸奖。 你也是来认证公民的吗？你要认证几等公民？难不成你也是我们莫斯特文明的？塞西利亚自来熟的对着林岩聊了起来，也算是吧。我叫林岩，第一次来认证公民还分等级吗？林岩好奇的问道。说着，他也是将自己为了来天眼主城，在莫斯特主城办的公民认证拿了出来。这你都不知道？你这小子那个家族的，连这些基础的知识都不懂？而莫斯特大帝却是在听到林岩也是他们莫斯特文明的人之后，眉头一皱。这种基础的指示 理论上来说，只要是一个莫斯特文明的中层人士，应该都知晓吧。能进入天眼主城，自然称得上是中层人士。毕竟进入主城的入城费可是不低。而且林岩这个年纪看上去不大，等级居然已经有了 LV 五九九，这天赋绝对顶尖。当然了，在他看来，比起塞西利亚自然是差了不少。不然他作为莫斯特文明的大帝，不可能不知道。听到莫斯特大帝的话，林岩只能尴尬的笑了笑，总不可能说自己是一个终极星系文明来的吧？不对，现在银河系人族已经是高级星系文明了。看来是一个只知道埋头刷怪的。 那我就给你讲解一下吧。看到林岩的样子，塞西利亚也是热心肠的开始讲解。毕竟能在这么远的地方遇到老乡，可是不容易啊。天眼文明应该说是所有的高级星域文明都有一套公用的公民体系，那就是按照天赋等级和实力划分的公民等级。最低级的自然就是一星公民，这种公民只需要达到二级以上的天赋，亦或者 LV 四百级的实力就能认证成功。而二级之上就是二星公民，需要 RS 以上的天赋，LV 六百级。 三星公民则是 RSS 和 RSS 级和 LV 八百级以上的等级，四星为 RSS 的天赋和 LV 一千级以上的等级。至于最为顶端的，那就是 RSSS 以上的天赋和 LV 幺二零零级以上的实力才能成为的五星公民。当然了，五星之上就是所有高级星域文明的顶级公民了，需要天赋等级达到 R 二以上，至于等级就需要 LV 幺四零零级以上。这个公民等级也是传说的级别，天眼文明建立到现在，认证成功的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十个。塞西利亚对着林岩讲解了一下。 原来如此，林岩恍然。随后他开始在自己的后台之中搜索了一下，林岩的被动数量现如今已经达到了数千种，元素被动都有足足两千七百多种。想要认真什么等级都行，只需要随便调出来一个就行。那我若是想要接入到宇宙国的天启大陆的话，顶级公民足够了吗？林岩好奇的问道。什么？接入宇宙国？顶级公民？你在说什么胡话？即使是在宇宙国之中，能达到 R 2的天赋，那都算是准天骄级别的存在了。你说能不能接入宇宙国？ 听到林岩的话，塞西利亚有些无语的看了一眼林岩，我也就是问问。林岩笑了笑，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要去认证就快点，三星以下的公民认证排队还要排很久的。此时莫斯特大帝也是对着两人催促了起来，莫斯特文明能出一个二星以上的公民，对整个文明而言都是好事，所以他对林岩也算是客气。知道了，师傅，那我进去了，我先去了，你要一起啊？塞西利亚点了点头，随后和林岩说了一句，作为天才，结交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好，林岩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直接朝着中心走去。进入认证中心，映入眼帘的是五个巨大的空间传送门。传送门之外，分别排着一个个队伍。每个传送门之上都有星级标志。从左边到右，正好是一星、二星，直到五星的星级公民认证窗口。你要认证二星公民的话，就直接去二星公民的窗口；若是要认证三星的话，就直接去三星那里排队就行。塞西利亚和林岩说了一句之后，就直接朝着三星认证窗口走去。虽然他的天赋是 R S，但是实际的战斗力会稍微强大一些，对比寻常的 R S S 也差不了多少。 这也是为何他有信心来认证的主要原因，而和他一样想法的人很多。毕竟只要认证成功，地位和待遇都会直线飙升；失败了也没有惩罚，最多也就付出一些资金而已。林岩看了一圈，却是眉头一皱。这里只是五星公民的认证点，也就是说，顶级公民是无法在这里认证的。不过也是，顶级公民、天眼文明都只是传说的存在，甚至于顶级星域文明，那都是不知道多少年才会出现一个。这种公民的认证自然是不可能在这么简单的地方。先认证五星，到时候只要开口，绝对有人带我去认证顶级公民。 林岩想到这里也是没有犹豫，直接大步朝着五星公民认证窗口走去。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毕竟就连四星的窗口几天都不一定能有一个人，更何况是五星。林岩一个人来到这里，自然是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塞西利亚见到林岩朝着五星公民认证窗口走去，也是吓了一跳。林岩，你走错了，那便是五星认证窗口啊！塞西利亚连忙大喊一声：“吃，这小子原来是走错了，我就说嘛，天眼文明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超级天才，是我们不认识的。泽泽”啧啧。 不用担心，这要是天赋太差去认证五星公民的话，会被认定为没事找事，到时候可是要受到惩罚的。什么？认证不通过还会受到惩罚？别担心，只要你的天赋不是弱到连四星都够不上，就去认证五星就不会有事。这也是防止浪费公众资源，毕竟认证五星公民的话需要一个等级，至少 LV 幺二零零级五星公民在场才行。原来如此。等等，卧槽，这小子还真的进去了！完了，这浪费公众资源罪，怎么这也够他牢底坐穿了？ 一时间，周围的人看着林岩进入到了空间裂缝之中之后，也都是议论纷纷，认为林岩这一次是死定了。就连塞西利亚也是有些无语，这林岩怎么不听劝啊？他都说了，那是五星公民认证的地方，不能随便去。至于说林岩会不会真的能通过五星公民认证，他丝毫不怀疑，肯定是失败的。毕竟主动成为他们莫斯特文明公民的人，天赋不可能超过四星，这点自信他还是有的。嗡、哦，而这一边的林岩在跨越到了空间裂缝之中之后，瞬间就被传送到了一座通天神殿的前方。 这一座神殿极为庞大，灵岩估算了一下，太阳这种级别的星体在他的面前就如同尘埃一般的渺小。灵岩也是脚下一点，就朝着神殿急速飞了过去。虽然他就在大殿的门口，但是距离却足足数千亿公里，因此为了节省时间的灵岩使用了瞬移，才瞬息间进入到了神殿的内部。灵岩朝着周围看去，却是发现周围刻画着大量的壁画，而这些壁画之上是一个个人物形象，每一个人的头顶都有五颗星星。看来这些人都是曾经认证成为五星公民的存在，数量不少啊。灵岩看了一眼周围。 发现数量不下于数千人，不过也是五星虽然稀少，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是出现了不少个。嗡、哦，而就在此时，一阵波动传来，随后一个身穿神袍的老者从虚空之中走了出来。老者走出空间裂缝，在见到林岩的瞬间，眉头一皱，因为眼前的林岩他不认识，他不认识，那就意味着林岩并不是四星公民，不是四星公民，直接认证五星。这小子是不是不知道这五星公民的认证可不是好玩的？若是被认定为捣乱的话，这辈子就毁了。就是你要认证五星公民吗？ 你可知道，五星公民的认证是整个天眼文明的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观你年纪尚小，若是准备认证其他星级公民走错的话，现在离开还可以。老者凝重的对着林岩开口了：“我的确是准备认证其他的等级。”林岩缓缓的开口了。老者一听，也是暗自点头，这小子还识时务。然而林岩的下一句话，直接就让他彻底傻了。只是那顶级公民认证窗口我找不到，所以只能先来认证五星公民了。林岩有些无奈的说道。这话一出，老者瞬间脸色黑了下来。这小子难不成是来找死的？还顶级公民？ 顶级公民这等天才，整个天眼文明出现到现在数千亿年的时间里，也不过只是出了区区几个而已。现在眼前的少年居然说要认证，简直不知所谓。既然你没走错，那就开始吧。我是你的公民认证官，科尔维斯侯爵。科尔维斯侯爵缓缓地开口了。即使是灵岩真的是来找死的，他也要走完流程。认证五星公民需要达到以下任意一个条件：一、等级达到 LV1200 及以上；二、天赋等级达到 RSSS 以上；三、对我天眼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第三个条件。 你应该是达不到的，毕竟，你若是能做出相应贡献的话，我不可能不认识你。第二个条件，你的等级也没有达到要求，所以你现在可以展现一下你的天赋了。天赋彰显需要你的天赋等级截图，另外的话就需要在这大殿之中展现出天赋，到时候天启意志会对你的等级做出评价。科尔维斯没有废话，直接就对着灵岩将全部的条件说完，而他极为敷衍的询问却是正好对了灵岩的想法，他本来就赶时间。说完，他直接在自己的天赋之中搜寻了一圈，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弱的元素被动。 波动之力，可掌控天地间一切物品的波动，从而造成强大的攻击。就你了，林岩说完，直接也是就将这 L V 幺六九级的波动之力后台发送给了科尔维斯侯爵。科尔维斯侯爵下意识的看了一眼，然而瞬间他就被那 L V 幺六九级的恐怖等级惊骇的瞪大了双眼。嗡、wow，突然，周围的空间开始疯狂的颤抖了起来，而随着波动的传来，周围的空间居然都是开始疯狂的颤抖了起来，甚至整个大殿这一刻也是飞速的抖动。叮，检测到波动之力，等级。 L V 幺六九，职业评级 R R，一声冰冷的电子音也是在这个时候从虚空之中传来。天天天天骄，你你是天骄？科尔维斯侯爵不可置信的惊呼一声。这一刻，他看向林年的目光充满骇然。天骄，他们天眼文明居然出了一个天骄。虽然不一定是出自于他们天眼文明，但是只要认证了他们天眼文明的公民，那他们天眼文明就能说这一位天骄就是他们天眼文明的。嗯，刚刚达到天骄标准罢了，低级天骄，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知道这五星公民认证能否通过？我赶时间。林岩看着已经震惊的、满脸肌肉抽搐的科尔维斯，笑着开口了：“这种级别的天骄的确是不值一提，毕竟在上一个世界，林岩随手杀的都是几十万个，哪一个不是天骄？可以，可以，可以！这位殿下能成为我天眼文明的顶级公民，是我们天眼文明的荣耀。”科尔维斯连忙恭敬的和林岩行礼。他虽然是一个 LV 幺二四九级的十六阶超级强者，但是面对天骄级别的存在，他还是不敢有丝毫的不敬，因为天骄即使是最弱的一个。 日后成为 LV 幺四零零级的十七阶强者，那都是轻轻松松的事情。这等强者都能建立一个极为强大的高级星域文明了，那就麻烦通报一下，我准备接入宇宙国的内网。我现在的天赋应该足够的吧？林岩笑着说道。够了，够了，肯定够了。我马上联系天眼大帝陛下，还请天骄殿下随我去天眼文明的帝都。但凡只要成为我天眼文明的顶级天骄，都有大量的奖励。不知道殿下可否有时间？科尔维斯连忙点头，随后试探的对着林岩问道：“我赶时间，需要多久？”林岩眉头一皱：“最多几个小时。” 绝对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科尔维斯连忙对着林岩说道：“好，那就麻烦侯爵带路。”林岩思索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好的，殿下，这是我天眼文明的五星公民徽章，您带着这个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进入我天眼文明的帝都了。等到了天眼文明帝都，天眼大帝陛下会亲自授予您顶级公民的徽章的。”科尔维斯连忙将一枚徽章递给了林岩，林岩随手拿了过来。丁，恭喜您成为天眼文明五星公民，将拥有所有五星公民权限。一声提示音也是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五星公民权限。 无非就是在天眼文明境内的所有副本秘境都能免费进入，同时加上每年还有大量的资源奖励。当然了，有好处自然也有义务。作为五星公民，需要在没事的时候为天眼文明进行一些副本的攻略等等。不过，你若是不要资源奖励的话，也不用做任何事情，而且还能拥有五星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所以，这也是所有人挤破头也想成为五星公民身份的原因。至于顶级公民，那就没有任何的义务了，唯一需要干的事情就是日后发达了之后提一嘴自己曾经是天眼文明出来的人就行。就这么一句话。 就能在前期获得大量的资源奖励，而灵岩本身也是从天眼文明旗下的银河系出来的人，自然不可能不承认自己不是天眼文明境内的人。殿下，你现在只需要选择退出天启大陆，就能直接传送到天眼帝都的帝都主星了。天眼大帝已经收到了消息，在天眼帝都恭候您的大驾。科尔维斯侯爵笑着对灵岩说完，灵岩点头，随后直接选择退出天启大陆。丁，您目前有三个地点可以退出：第一，银河系龙腾星；第二，莫斯特文明帝都；第三，天眼文明帝都。 请做出选择。一声提示音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听到这里，林岩直接选择天眼文明帝都。至于说怕不怕有意外，那自然不可能怕的，大不了自裁，先重生到其他平行世界，然后在其他平行世界提升重生技能的等级。同时，天眼大帝只要不是脑残，都不可能对一个从他们自己文明出来的天骄动手。要知道，天眼文明成立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天骄级存在的，现在出现一个当小祖宗供着都不为过，怎么可能伤害他？天眼文明帝都，远远的看去。 天眼文明的帝都仿佛一个巨大到直径有足足十多光年的恐怖星球，但是实际上，天眼文明的帝都却是一个由无数的巨型星用大量的桥梁和通道连接成一个密密麻麻的超星系天体，巨行星的数量足足万亿枚，每一枚的直径都超过数亿公里，最中央的天眼主星更是庞大到足足千亿公里的直径。传闻这一枚主星是天眼文明将一个低级星域的所有星球全部糅合到一起改造而成，同时运用了从顶级星域文明重金购买的超级反重力系统，才将这一枚主星的重力降低到标准重力的十万倍。 重力再高，这个超级主星估计就要坍塌成一个超级黑洞了。而足足十万倍的重力，也就意味着等级低于 LV 五百级的存在根本无法在这主星之上生存。当然了，不是你达到了 LV 五百级就能进入主星，还需要自己亦或者家族有一定的地位才行。也就是说，这一枚主星居住的人都是整个天眼文明最为顶尖的世家弟子。然而，就在几分钟之前，一声巨大的钟声传遍了整个天眼主星，霎时间居住在主星之上的所有人无一不是惊骇的，连忙朝着主星的皇城方向飞去。 这钟声响起，就代表着天眼文明之中出了大事，而且这种大事还是能影响天眼文明走向的重大事件。上一次响起，还是天眼大帝登基，仅仅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只要是还在天眼主星之上生存的人，不管是在闭关，亦或者还在天启大陆练级，马上就退出，然后全部聚集到了皇城之外，恭敬的悬浮在了皇城的天眼大道两边。无数人翘首以盼的看着皇城中心的皇宫，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居然连天眼神钟都响了。轰！突然，一股至高无上的恐怖气息从皇城之上传来。 这熟悉无比的气息，让所有天眼主星的人无一不是恭敬的单膝跪地，恭迎天眼大帝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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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霎时间，无数声恭敬的声音传遍整个天眼主星，甚至整个天眼地都数万亿枚巨型星之上生活的人都听到了这宏大的声音。一时间，无数人惊骇的全部朝着天眼主星的方向跪伏了下去。而在万众瞩目之下，天眼大帝。 L V 幺四六八的超级强者在银色光辉的笼罩之下，出现在了皇城之上。然而，不等所有人仔细观看，那天眼大帝居然恭敬的朝着虚空之中跪伏而下。天眼文明第九世大帝恭迎老祖降临。天眼大帝恭敬且宏大的声音瞬间传遍整个天地。一瞬间，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瞪大了双眼。老祖，天眼老祖，第五任的天眼大帝，那一位天眼文明的守护神，他居然要出现了！这一瞬间，所有人骇然了。他们知道。 这一次出的事情远比他们想象之中的恐怖。恭迎老祖！恭迎老祖！恭迎老祖！在场之上所有天眼文明高层无一不是连忙跪伏在地上行礼。嗡、wow！下一刻，一股古老且神秘的气息从皇城之中传来。这个气息出现的瞬间，整个天眼主心之上所有人均是感觉到自己仿佛被上上下下全部看穿了一般。随后，一位身穿白色地服的老者从虚空之中走了出来。而他出现的瞬间，整个天地的力量都仿佛被禁锢一般，在场所有人都无法调动一丝一毫的力量。 老者正是天眼老祖，相传等级已经达到了 L V 幺五九九一直在闭关突破的超级强者。只要突破成功，或许再过几十亿年的发展，天眼文明就将成就顶级星域文明。这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居然连天眼老祖都出现了。难道说老祖突破成功了不成？一时间，无数人都是激动的朝着天际看去。人来了没？天眼老祖平静的看了一眼天眼大帝。老祖马上就到。天眼大帝恭敬的连忙说道：“嗯，很好，你做的不错，比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做的好多了。” 天眼老祖满意的抚了抚胡须，天眼大帝听到之后，顿时就如同被表扬的小孩子一般激动的笑了。说起来，在天眼老祖面前，他的确是孩子。而两人的对话没有任何的隐藏，因此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听到了。什么人要来？难不成是某位超级强者要降临我们天眼文明？很有可能，不然的话不可能惊动天眼老祖。听老祖的话，这一次似乎是有大好事。哈哈，好事就好，好事就好。一时间，下方跪伏的所有天眼文明高层，无一不是激动的讨论了起来。 哦、wow，终于就在此时，天眼大道的尽头，随着一阵空间波动，两个身影缓缓的浮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所有人下意识的看了过去，却是发现，居然是科尔维斯侯爵带着一个少年出现在了大道的尽头。而看到两人之后，天眼老祖和天眼大帝直接落在了天眼皇宫的前方迎接。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是懵了。难道要迎接的人是这个少年？等等，你们看，科尔维斯侯爵大人穿的衣服好像是公民认证中心的衣服，难不成眼前的少年认证了顶级公民？不对啊！ 科尔维斯侯爵也没资格认证一个顶级公民啊！而且顶级公民应该还不至于引动老祖他老人家。不知道，等一下就知道了，别乱猜了。看到林岩的瞬间，在场的所有人无一不是议论纷纷，这排场是不是有些大了？而林岩看着这么多人跪伏在两旁，而这些强者之中，林岩感受到了不少等级超过一千级的超级强者，甚至有不少实力比科尔维斯还要强大的存在。同时，镜头的两位存在林，林岩知道其中一个是天眼大帝。 而另外一个老者，不用想也能猜到，就是天眼文明的最强者天眼老祖。毕竟，也就只有天眼老祖才能让天眼大帝恭恭敬敬地站在其身后了吧？殿下说笑了，这就是天骄的待遇。我们天眼文明只是一个高级星域文明，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还请见谅。然而，听到林岩的话，科尔维斯却是连忙笑着说道。他的话一出，林岩也才意识到，天骄对于一个高级星域文明来说，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不过想想看，他也就释怀了。L V 幺六九的被动等级，注定了林岩并不是最为寻常的天骄。 而是那种只需要再提升一次就能达到顶级天骄的存在，而寻常的天骄对于顶级星域文明来说都是一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对于高级文明更是遥不可及的存在。等级达到 LV160 级的寻常天骄，只要不死，日后的成就最低都是 LV1600 级，也就是超越天眼老祖的存在。而林岩这种仅次于顶级天骄的存在，日后达到 LV1700 级都不是太过困难的难事。若是能有一些奇遇意义或者被强者看中培养一下的话，成为 LV1800 的十九阶强者都有不小的可能。那就走吧。 林岩想通之后，也是没有再多言，而是微微一笑：“殿下，请。”科尔维斯恭敬的点头。林岩也是脚下一点，直接飞了起来，以极为恐怖的速度朝着远方急速遁去。速度之快，让周围观看的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L V 五九九级的速度能达到这么快吗？我去，我都已经十四阶了，怎么感觉速度还没有这位少爷速度快？他他该不会是天骄吧？不可能，即使是天骄 L V 五九九的等级，也没有这么恐怖的速度吧？一瞬间，周围的强者都是被林岩那恐怖的速度给震惊了。 就连天眼老祖都是惊骇的倒吸一口凉气，他的他天赋为 R 二级，距离天骄还差了七八个等级。但是就是这七八个等级，让他达到 LV 幺六零零级几乎难如登天。他的等级在 LV 五九九级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如此恐怖的速度，甚至连现如今灵年的两成的速度都没有。这位天骄难道还有所隐藏？难不成他的天赋其实已经超越了天骄，达到了顶级天骄的存在？想到这里的天眼老祖脸色飞速的变换，顶级天骄啊，那可是只有宇宙国才会出现的超级存在。嗡、哦。 终于，灵岩的身形来到了天眼大帝和天眼老祖的前方。晚辈灵岩，见过大帝，见过老祖。灵岩也是笑着拱手。这两位算得上是银河系的顶头上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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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态度好一点，对他人族没有坏处。灵岩天骄客气了，你的天赋当与老夫平辈，以后叫老夫天眼就行。天眼老祖听到灵岩的话，却是连忙笑着开口：顶级天骄级别的存在，只要不压制等级，想要达到 LV 幺五零零级以上，最多不会超过百年。 而百年对于他们这等强者来说，和寻常人说的几分钟没有区别，和自己平辈绝对是对这等顶级天骄该有的尊重。若不是林岩现如今等级太低的话，他都准备称呼林岩为大人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天眼前辈。林岩也是没有客气，不过还是加了一个尊称，毕竟眼前这老头可是活了几百亿年的存在。对了，林岩天骄，按照程序，我们得再确认一下你的天赋等级，希望你不要介意。天眼老祖有些迫不及待的说道，同时也是对林岩解释了一下，生怕林岩产生什么不开心。无妨。 小事，林岩没有犹豫，直接施展了波动之力，同时将波动之力的被动等级截图出来。轰！瞬息间，在感受到林岩波动之力的强度之后，无数天眼文明的高层均是沸腾了。天骄真的是天骄，而且还是那种准顶级天骄的超级天才。等等，听老祖的话，这顶级天骄是准备成为我天眼文明的公民。哈哈，太好了，太好了，还能申请我天眼文明的公民，那就意味着在此之前，这位天骄的公民等级最高不会超过高级星域文明。难道这位天骄真的是我天眼文明出现的天才？ 若是真的，那我天眼文明这一次在整个暗影宇宙国都将出名了。一时间，无数人兴奋了。一个天骄能带来的名望，足够让他们天眼文明以后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些特权。毕竟，没有一个顶级和顶级以下的文明敢随便得罪拥有天骄级天才的文明。谁知道对方以后成长起来会不会超越他们？好好好！而天眼老祖更是忍不住连声到了三声好，激动的他胡子都是开始颤抖了起来。而灵岩此时也是才从周围人的议论之中听出来。 原来申请了一个高等级的文明公民之后，就不能申请比他等级低或者其他同等级的文明公民了。比如成为天眼文明的公民，他就不能再申请库里木文明亦或者莫斯特文明的公民，但是却是能享有这些文明最顶级公民的权利。同时，也不能申请其他任何高级星域文明的公民。这也是为何知道灵岩来申请他们星域的公民之后，天眼老祖都出现了。毕竟灵岩若是真的天骄的话，那就意味着灵岩是从他们星域出生的概率极大。只要真的是从他们星域出身，那意义可是就不一样了。 灵岩天骄，那个麻烦问一下，你是不是在我天眼文明出身的？是出身于哪个文明？天眼老祖激动的看着灵岩，好奇的问道。而灵岩也没什么好隐藏的，我出自于莫斯特文明旗下的一个大型星系，现在文明的名称是银河高级星系文明。灵岩摸了摸下巴，随后缓缓的说道：“毕竟若是还要说自己是人族文明，那怕是要被笑话，连种族和文明名称都搞不懂。”轰！只是他的话一出，全场哗然。高级星系文明，星系？不是星系文明出天骄？ 我的乖乖，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废话，天骄能和你开玩笑？虽然几乎没可能，但是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历史上出现这种事情的也不是少数。毕竟星系文明才是整个宇宙之中人口基数占比最大的。只是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了我天眼文明。哈哈，好事啊，这是大好事啊！那就说明林岩天骄就是我天眼文明土生土长的天骄，我天眼文明也孕育出天骄了。对，没错，哈哈哈，我天眼文明也出天骄了。 在震惊过后，无数人更多的却还是惊喜，浓烈的惊喜。这一瞬间，全场沸腾。出自于星系文明，虽然有些令人震惊，但是仔细想想也就释然了。星系文明在整个人族宇宙区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都是星系文明，因为它的数量实在是太过庞大的。而且，星域文明其实统领的最基础单位都是星系文明。当然了，虽然占比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但是出现的天骄却是连百万分之一都没有，一百多万个天骄里面只有一个会出自于星系文明。 这就不得不说起来天赋的遗传了。越是天才的后人，就越是有机会觉醒更加强大的天赋。别说是宇宙之中那些强大的文明了，就说银河系的人族，林岩的姐姐天赋极佳，生来觉醒就是 SSS。主要的原因就是林战和莫林运的天赋，两人都是二级。当然了，这个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林岩都是意外，这两个世界的林岩都觉醒了独一无二的唯一天赋。但是在其他的平行世界，林岩之前看到过，几乎每一个世界的林岩觉醒的天赋都是在 SSS 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 RS。这就是遗传的重要性。 而这一部分出自于星系文明的天骄，几乎都可以归咎为运气。曾经灵岩穿越之前，有句话说得好：“我三代努力，就凭你十年寒窗，就想比得过？”这句话在这个世界更加的突出。没想到我天眼文明居然出了你这么一位超级天才，真是我天眼文明的福气啊！既然你是从银河文明走出的强者，那从今天开始，灵岩天骄，你就是我天眼文明的银河大帝，执掌包含库里木文明在内的三千万个终极星域，地位和老夫平齐。不知灵岩天骄，你意下如何？ 天眼老祖忍住激动的心情，笑着对林岩开口了：“三千万个终极星域，对于天眼文明来说，虽然只是领土的十分之一，算不得什么，但是这已经是作为一个文明能封赏出去的最大的领土面积了。三千万个终极星域已经比寻常的高级星域要庞大很多了。而现如今，林岩不过只是一个 LV 五九九级别的天才，就被封上了这么庞大的一个疆域，可以说，这天眼老祖不愧是能窥视到天机的人，他从林岩身上看到了极为尊贵的气息，他清楚的知道，日后的林岩绝对能成为一代超级强者。现在交好。” 绝对稳赚不赔，即使是灵岩，在他引导了这么庞大的一个领土，就这样送给自己，也是有些惊奇。三千万个终极星域，一个终极星域至少有百万个，甚至上一个低级星域文明的大小。现在足足三千万个终极星域，说送就送，这天眼文明果然大气。当然了，最令灵岩满意的还是这个银河大帝的称号。这个称号不错，以后银河大帝的称号终将传遍整个天地，那我也就却之不恭了。最终也是笑了笑，接受了这个称号。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林岩在天眼帝都和天眼老祖聊了不少的事情，同时也是知道了自己想要接入宇宙国很简单。天眼文明每年都有数万亿个名额，这些名额一般都是配给天眼文明的高层。而现在除了天眼老祖之外，谁的地位比林岩高？所以林岩才提起天眼老祖，就直接给了林岩足足一万亿个名额，让林岩自己分配，而且还是每年一万亿个名额。毕竟每年数万亿，天眼文明也不差这么一万亿个名额。当然了，林岩也用不了这么多，不过还是没有拒绝。后续银河系肯定有需要的。 毕竟能接触的文明等级越高，想要变得更强也就越发的容易。身份既然已经弄到手了，灵岩也是在告别了天眼老祖之后，直接进入到了天启大陆。天眼老祖他们自然知道灵岩要接入宇宙国的原因。天眼文明虽然强大，但是面对天骄级别的超级天才，还是显得有些太弱了。灵岩这等天才想要得到最好的培养，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进入到宇宙国之中。而天骄加入宇宙国，成为宇宙国公民，也是极为简单的事情。天眼主城公民认证中心，塞西利亚有些无奈的走了出来。 早就在外面等候多时的莫斯特大德见到了自己弟子的表情之后，也是无奈。没通过？莫斯特大帝问道。嗯，差了一点。我的战斗力虽然达到了，但是只是勉强达到标准。那个考官最终还是没给我过。塞西利亚有些无奈。不过这也不是考官的原因，毕竟战斗力仅仅只是勉强达到标准，天赋没有达到的这种天才实在是太多了，一般都是不会给过的。要是战斗力超出标准一些的话，绝对不可能不过。没办法，只能等回去再好好练一下战斗技巧了。若是百年之内再突破不了，就彻底没办法了。莫斯特大帝无奈的说道。 对了，和你一起进去的那个林岩呢？他认证了二星公民吗？还是认证了三星？随后莫斯特大帝好奇的对着塞西利亚问道：“他进去就去认证了五星公民，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扰乱秩序的罪名被抓了。”塞西利亚听到林岩气不打一处来，自己都提醒他了他，他还是执意要进去，这就怪不了他了。什么？这小子真的去五星公民认证点了？莫斯特大帝一听，顿时脸色一变，毕竟这种扰乱公民认证中心的人被抓之后，不仅自己要承担责任。 就连他这个文明的主宰都要受到牵连，最少都是罚款。若是事情极为严重的话，他们莫斯特文明都要遭受巨大的打击。定，你有一条天眼文明官方消息。然而就在此时，一声提示音却是直接传到了莫斯特大帝的脑海之中。提示音出现的瞬间，莫斯特大帝脸色大变。师傅怎么了？见到自己师傅的样子，塞西利亚忍不住问道。天眼文明官方已经给我发消息了，看来这一次那小子闹的事情很大，我们莫斯特文明要倒大霉了。莫斯特大帝脸色极为难看的说道。啊，不是。 他有病吧？塞西利亚一听也是懵了。是啊，若不是有病的话，谁会无缘无故去送死？莫斯特大帝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后打开了消息。只是当消息浮现在眼前的瞬间，莫斯特大帝的脸色瞬间飞速变化。看到自己师傅的脸从愤怒变成错愕，再变成了不敢相信，塞西利亚也是心头一紧。难不成这一次真的很严重？这这怎么可能？他是天骄，他怎么可能会是天骄？一时间，莫斯特大帝不可置信的呢喃了起来：“天骄，师傅你在说谁？谁是天骄？” 塞西利亚懵了，而莫斯特大帝只是默默地将刚刚看到的消息投影了出来。塞西利亚疑惑地看了过去，正好就看到了消息之中关于灵岩成为天眼文明银河大帝的消息，同时也是对莫斯特文明做出了嘉奖，奖赏之恐怖，居然是足足一个终极星域的领土。这一瞬间，塞西利亚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天骄，灵岩居然是天骄，而且还是仅次于顶级天骄的存在，这这怎么可能？这一刻，塞西利亚也是不可置信地捂住了小嘴。 同时想起来，自己前一秒居然还骂林岩，整个人都是浑身发寒。还好周围没人，即使是有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在骂林岩，不然的话，他乃至他所在的莫斯特文明都将万劫不复。哟，你们还在啊？对了，塞西利亚，你刚刚说谁有病来着？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疑惑的声音从两人背后传来。这个声音一出，莫斯特大帝和塞西利亚瞬间浑身僵硬，有些惊恐的回头看去，正好就见到来人就是林岩。嘤嘤迎,迎，银河大帝陛下，莫斯特恭迎大帝。莫斯特大帝见到林岩的瞬间，整个人都是浑身一颤。 随后直接跪伏在了地上，朝着林岩行礼。塞西利亚恭迎大帝陛下。塞西利亚也是吓得连忙跪在了地上。你们都知道了？事情传得这么快吗？见到两人都朝着自己跪下，林岩也是有些无奈。本想着和他们平淡相处，谁知道对方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对于刚刚塞西利亚骂他的事情，他倒是不在意。毕竟这个世界的塞西利亚虽然才刚刚和林岩见过一面，不过也算是给林岩讲解了不少的知识。再加上上一世两人的关系，林岩自然不会在意这种小事情。大帝陛下，刚刚小人有眼无珠，还请陛下见谅。 莫斯特大帝连忙对着林岩说道：“塞西利亚更是已经吓得瑟瑟发抖，不敢再说话了。”好了，起来吧。若不是你们的讲解，我也还不知道能直接去认证五星公民。对了，塞西利亚，你的认证没通过吗？”林岩直接接过此事，不想再提，反而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塞西利亚。“嗯嗯，是的，小人天赋不行，所以没能通过三星考核。”塞西利亚松了一口气的同时，连忙说道：“嗯，这样吧，我手下五星公民名额还有一些，一人送你们一个，也算是谢礼了。我还有事，就不和你们多言了，以后有缘再见。” 林岩思索了一下，随后对着两人随口说道。说完，不理会吓傻的塞西利亚和莫斯特大帝，直接一步走出，跨入到了空间裂缝之中，消失不见。定，你有一条来自于天眼文明的官方通知。而就在塞西利亚和莫斯特大帝还跪在地上，久久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又是一声天启意志的提示音传来。两人连忙点开一看，果然，内容正是两人已经成为了天眼文明五星公民的消息。师傅，我们刚刚是不是在做梦？塞西利亚有些猛的看着周围，自己怎么好像感觉迷迷糊糊的？五星公民？ 自己成五星公民了，好像不是做梦。莫斯特大帝狠狠的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直接将自己的血量打掉了几亿亿之后，才有些不确定的开口。不怪两人如此的不敢相信，实在是太过诡异了。自己随便遇到一个人，这个人不仅是他们莫斯特文明出来的，同时居然还是天骄级别的超级存在，而且还一人送给他们了一个五星公民的身份。这一切的一切，两人平时的时候连做梦都不敢这么梦啊！就好像是你去国外旅游，突然遇到一个没见过的同村老乡，老乡居然是世界首富，见你有眼缘，直接送你了几百亿作为见面礼。 这么梦幻的事情，现在就切切实实的发生在了两人的身上。当然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林岩，但是林岩却不是第一次见到两人，只是见到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两人罢了。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塞西利亚和林岩的关系可不一般，甚至是林岩承认的女友之一。不过，随着林岩将五星公民认证送给这个世界的塞西利亚，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塞西利亚和林岩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可能，以后也不会有多少的交集。另外一边，林岩通过天眼文明的最高权限，已经直接升级了自己的接入点，因此。 他来到了天眼主城的传送中心，直接就传送到了暗影宇宙国在天启大陆的某一座顶级主城之中。这一座顶级主城乃是一个顶级星域文明的主城，等级下限依旧是 L V 五百，不过上限却是达到了 L V 幺八零零。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一个顶级星域文明的实力远超一个高级星域文明。这种文明最低都已经有了十八阶的强者坐镇，甚至一些极为强大的顶级星域文明连十九阶甚至二十阶的强者都有。二十阶就是等级在 L V 两千级以上，在整个宇宙之中那都是极为顶尖的存在了。每一个宇宙国之中。 二十阶的强者数量都不超过一万人。来到这个主城的第一件事，林岩就是直接打开了暗影宇宙国的天才榜。嗡、wow.！随着林岩点击天才榜的瞬间，林岩的身形直接消失在了主城之中。下一瞬间，林岩再次出现，已经来到了一座雄伟且通天彻地的神碑之前。这一块神碑的上空悬浮着几个大字：“尚书暗影天才榜”。林岩好奇的看了过去，这巨大的榜单之上，从左到右一共有足足十五个榜单，分别就是从一阶到十五阶的榜单，每个榜单都罗列了足足前一万名的名字。 甚至还有关于这个天才从什么文明出来的资料。至于十五阶以上，就是强者榜的范畴了。而且这些榜单之上的名字一直在疯狂的变化，这竞争可以说极为激烈。给我挑战十阶排行榜第一的林岩，没有犹豫，直接就对着天启一直霸气的开口了：“丁，您目前排名太低，无法挑战排行榜前一名。”可惜的是，林岩马上就被打脸了。这提示音一出，林岩嘴角一抽。不过想想也就释怀了。一个宇宙国那么多人，要是谁都能随便挑战的话，那岂不是乱套了？ 那我要挑战排行榜第一，最快得多长时间？林岩直接问道。丁，您目前没有排名，所以要挑战排行榜前一的存在，需要连续挑战一百场。第一场，挑战排行榜排名在前十分之一的任意一个在线玩家；第二场，挑战排行榜排名在前百分之一的任意一个在线玩家；第三场，则是排名在前千分之一的任意在线玩家。以此类推，六十六场之后就能挑战排行榜前一的天骄了，相当于你的排名每打一场就能晋升十倍。前一名若是挑战胜利的话，你将可以挑战排行榜前一千万名。 以此类推，最终达到排行榜前十，则可以挑战排行榜第一。因此，理论上最快您需要一共战斗七十七场才能成为排行榜第一。一个提示音随之传来。听到这里，林岩也是微微点头。才一百多场，消耗不了多少时间，那就给我安排一下。林岩直接对着天气一直说道。叮，接受指令。一个提示音随之传来。嗡、哦。下一瞬间，林岩眼前的画面瞬间一阵扭曲，随后周围的一切瞬间变化，林岩的身形也是出现在了一座巨大的擂台之上。林岩粗略一看。 这擂台的直径最少也是一亿公里，而且林岩用力一踩，轰！巨大的力道居然没有让地面碎裂，这质量给十阶强者作为战场绝对是绰绰有余了。丁，即将开启速通模式，即将随机挑战第一场对手。与此同时，一个提示音随之传到了林岩的脑海之中。嗡！下一瞬间，林岩前方的不远处一阵空间波动传来，下一刻，一个佝偻的老者出现在了林岩的面前。看着这老者，林岩嘴角一抽，这不是让他欺负老人吗？嗯？ 年轻人。然而，对面的老者在见到林岩之后，顿时就眉头一皱。我弃权。下一刻，让林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老头居然直接认输。呃，不是，老头，你这就认输？林岩无语了，还以为老头战斗经验丰富，应该更难打，谁知道对方直接认输了。哈哈，年轻人，你就别激老夫了。老夫天资平平，到了这个年纪才勉强达到五百级，和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赋比不了。与其打起来被杀，还不如直接投降。面对林岩的疑惑，老头却也是诚实，直接就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 这话一出，林岩也是恍然。是啊，对方才刚刚达到五百级，天赋也才刚刚达到二。若是生在银河系的话，能达到九阶就算是极限了，怎么可能达到十阶？丁，恭喜你第一轮战斗胜利，即将开启第二轮战斗。而与此同时，天启意志也是开口了。随后，林岩前方的老头瞬间消失不见。下一刻，再次一阵空间波动之后，又是一个老头出来了。这一刻，林岩再次嘴角一抽。而这个老头也是极为光棍的弃权，毕竟这排行榜的挑战，若是输了，对手还是那种残忍的，只有死路一条。 这些年老的选手，无一不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人精，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过只是丢着玩玩。对于他们来说，排名上涨下跌没有任何的区别。而这种情况，直到林岩打了二十多场，才慢慢的缓解。二十多场啊，这么多的场次，相当于现在林岩的对手实力都是能达到排行榜前几亿亿一分之一的强者。然而，这等强者的实力，大致也就只是二斯天赋的 LV 五九九级强者的实力。同时，对手的对象也是从原本那一些行将就木的老人，变成了一个个中年人。 按照十阶强者的寿命，这些人的年纪大致都得在几万岁了。几万年的寿命就达到 L V 五九九，可想而知，对于这个天赋的人而言，日后最多最多也就能达到十一阶，想要达到十二阶都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不过面对这些强者林，林岩都是直接一招将其打成残血。只要不是蠢到家的人，都不可能不投降。若是真的蠢到那个地步，林岩也不介意送他一程。毕竟想要赢得胜利，只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对方认输，第二种就是杀了对方。林岩自然不可能因为对方不认输就熬着。 不过能达到这个等级的，就算智商低也不会低的太多，因此没有一个人选择找死。直到林岩一路打到了第六十三场的时候，才、哎、遇到了一个傻叉。这傻狗上来就被林岩打成了残血，谁知道他直接跃起，开了一个十秒无敌的技能，就朝着林岩冲过来。可惜被林岩直接一掌，连同无敌技能打碎了。所谓无敌，只是相对无敌。这个天才的天赋已经达到了能进排行榜前百万亿的程度，也就是说，他的天赋已经达到了 R S S S 级。这种天赋，就算是放在顶级星域文明，那都是顶尖的天才了。 他的玄色无敌技能使用之后，甚至就连寻常的天骄都无法一击秒了他。可惜他遇到的却是林岩，所以仅仅只是一招就死的不能再死了。终于在林岩打穿足足六十八场之后，有了挑战排行榜前亿的资格。虽然天才榜之上只记录了排行榜前一万的存在，但是任何一个能在宇宙国达到排行榜前亿的存在，都会被无数人所注意到。当然了，这所谓的注意并不会掀起太大的风浪，毕竟只是前亿而已。而林岩也是没有在这个排名在多久。接下来，林岩连续秒杀了四场，直到林岩的名次达到了前一万。 彻底进入天才榜之上的时候，才引起了轰动。此时此刻，暗影宇宙国论坛之上，一个帖子迅速爆火，震惊！某天才一言不发，直接从排行榜末尾打到排行榜前一万。目前挑战还在继续，难道他的目标是干翻排行榜第一的若灵雪？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这个帖子一出，无数人都是好奇的点开了天才排行榜。果然，很快就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要知道，宇宙之中虽然强者众多，但是能达到排行榜前一万的就那么几十万个人，这些人几乎都是轮流来的。 即使是不认识，也见过他们的名字。可是现如今九千五百二十七名之上的“灵岩”两个字，却是让所有人都是疑惑了。这灵岩到底是谁啊？怎么没有听说过？难道是最近完成了转生任务，所以天赋大涨？看看历史战绩，不就清楚了？卧槽，这人不对劲！他几个小时之前还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排行榜，就连十阶以下的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人是今天才开始参加暗影天才榜的排位。难不成这人是其他宇宙国来踢馆的？等等，天眼文明高级星域文明！卧槽，这人出自一个高级星域文明！ 而且从天眼文明的官网之上可以查询到，这人现在是天眼文明的银河大帝，是一个天骄。卧槽，这你们都能查到？嗯，这就要说起，我有一个穷亲戚是天眼文明的大将军。卧槽，天眼文明的大将军，那不是最少都是十七阶的超级强者？这种都是穷亲戚阁下，难道是十八九阶的超级强者？鄙人七阶，不过我有暗影宇宙国的公民身份，比他们这些人高贵多了。嗯，十七阶强者好像也是暗影宇宙国的公民，而且还是高级公民，那怎么能比？他们是后面加入的。 我可是土生土长的，我爷爷辈就已经加入暗影宇宙国了。你说的大将军啊，他祖上三万代人都是暗影宇宙国的公民。你是不是对穷亲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胆敢伤我道心，有种单挑啊！可以，不过你得申请一下。我十五阶的实力和你七阶的打，我怕别人说起欺负你。一时间，整个论坛之上均是关于灵岩的讨论。有人进入前一万道不是什么太过稀奇的事情，稀奇的是这灵岩居然是天骄，而且还是从一个高级星域来的，这就让所有人感兴趣了。 按照他们查询到的灵岩的天赋等级，最多最多也就能打到排行榜前一万。不知道接下来灵岩最终的成绩如何？若是能进入前一千名的话，灵岩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暗影宇宙国。而与此同时，天眼文明帝都主星之上，天眼老祖和天眼大帝看着灵岩的排名已经达到了前一万，也是激动的浑身颤抖。他们文明从诞生到现在最高的成就，也就是进入前一万一名，而灵岩居然一下子就刷新到了前一万。其实从灵岩进入前亿的时候，两人就已经提前得知了，所以连忙将灵岩出自于天眼文明的消息。 并且将灵岩现如今是天眼文明银河大帝的消息提前发送了出去。这一下，可以说整个暗影宇宙国的人几乎都能知道天眼文明这个曾经毫不起眼的高级星域文明了。哈哈，果然不愧是老祖你啊！这一下我们天眼文明算是长脸了。接下来一段时间移民到我天眼文明的人数，怕是能让我天眼文明的总人口提升数倍不止。天眼大帝此刻也是开心的大笑了起来。作为宇宙高等级文明，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当然了，是那种天赋不错的人口。只要人口数量足够，诞生出超级天才的概率就极大。 因此，每一个文明对移民的条件其实都很低。当然了，前提是对方所在的文明等级至少也得是和天眼文明一样的高级星域文明。若是低等级文明进入高等级文明，就不叫移民了，这种叫做公民等级提升。这种要求自然是要高不少。而现如今，林岩的名声传播出去，周围的星域移民过来的人口肯定不少。有一个名气大的星域文明作为后盾的话，以后在天启大陆之中办事都会稍微简单不少。不然的话，也不会出现宇宙国的七阶玩家看不上星域文明的十六阶玩家这么离谱的事情。 灵岩的潜力远不止这么简单。我的推演之力虽然无法将灵岩的未来看清楚，但是不知道为何我总感觉这灵岩绝对能在暗影宇宙国大放异彩，甚至有可能打到排行榜前十的行列，让整个人族文明都知晓他的名字。然而天眼老祖听着天眼大帝的话，却是目光微微闪烁，他的语气之中充满了惊骇。他总感觉这灵岩绝对非同寻常。只是这话却是让一旁的天眼大帝有些懵：自家老祖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脑子不好使了？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老祖。 我承认，这灵岩的天赋很强大，但是终究也不过只是 R2 的天骄，距离顶尖天骄都还有一段距离。我暗影宇宙国的排行榜前二十都是顶级天骄，这些天骄还都有玄色的装备，甚至最强大的那位天骄还有神级的装备。灵岩天赋再强，装备等级跟不上，属性果实跟不上，想要和这些顶级天骄的抗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还要连续打赢十个，达到前十名。天眼大帝一点都不相信自己老祖的话，毕竟他老祖的话实在是太离谱了。他们天眼文明能接触到灵岩这等天骄，就已经非常逆天了。 还想着让林岩在全人族宇宙区扬名，这要是传出去，怕是要被无数人笑掉大牙。或许吧，天眼老祖也是无奈一笑。是啊，或许真的是自己被这突然出现的天骄冲击的有些脑子不清楚了。嗡、哦！突然，就在此时，两人前方的天才榜投影突然一阵刷新，瞬间，林岩的名字就消失在了九千五百二十七的行列。看到这里，两人的第一想法就是，会不会有人狙击了这个林岩，将林岩的名字挤出了排行榜前一万？因为他们一路看下去，连续几千个名字里面都没有林岩的。不过。 当两人看到了二百四十名的时候，全部彻底傻眼了，因为林岩的名字赫然在列。轰！瞬息间，仿佛一道惊雷在两人的脑海之中炸响。林岩居然真的打入到了排行榜前一千，而且还一次性就达到了二百多名。这这好快的速度啊！距离林岩进入前一万似乎还没几分钟吧？天眼大帝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林岩的名字，此时的他心中震惊到了极点，没有想到林岩的天赋居然会如此的恐怖。快快看看有没有那个被林岩打败的天才的消息。不可能，论坛之上没有一点动静。 突然，天眼老人对着天眼大的催促了起来。天眼大帝一听，连忙打开了论坛。瞬息间，一条血红色的置顶帖子映入眼帘。那一秒，我见到了我太难。来自被灵眼秒杀的排行榜二百四十名天才自述。看到这一个帖子，两人直接打开了帖子。置顶的正是关于刚刚被暴打天才的自述。被灵眼打了一拳的我，无力的躺在地上，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在传来剧痛，眼前的画面越来越模糊，耳边却回荡着他的嘲笑：“怎么还是这么弱？下一个，我狠，愤怒。” 我想要反抗，但是身体已经无法动弹。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我太奶，他在对我招手。可是我知道他已经死了几万年了，痛太痛了。看着这内容，所有人对这个天才的内心戏极为无语的同时，也是有些震惊于内容之中最早的一句话：一拳，仅仅只是一拳。这个距离顶级天骄只差一丝的强大天才，居然就被灵岩打败了。那灵岩到底是有多强？能一拳秒杀他的，怕是只有排行榜前三的存在了。难道这灵岩是顶尖天骄，甚至在顶尖天骄之中都极为强大的存在？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他不过还是一个高级星域文明出现的天才，即使是有玄色套装，也和那些服用了大量玄色属性果实的顶尖天骄比不了。不错，玄色套装还能依靠自己爆，可是玄色属性果实需要的量那么大，寻常顶级天骄若是没有文明的支持，想要叠满玄色属性果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许是这天才被打懵了，所以在疯狂吹施暴者。这叫啥来着？你管他叫什么？是不是真的强大？马上就知道了。若是他真的能秒了这位天才的话，前世肯定有他一席之地。 暗影宇宙国境内的无数文明，这一刻都是开始对灵岩的突然崛起开启了激烈的讨论。然而，就在他们讨论没有几分钟的时候，终于灵岩的排名再次变化了。而这一次，原本二百四十名的排名直接来到了八十八名。一时间，整个宇宙再次沸腾。气势之所以等了几分钟，主要是因为排行榜前一百的人一个都不在线。灵岩开始挑战的时候，天启意志才通知了这些天才。排行榜八十八的天才第一个接受了挑战，然而等到他的结果就是被灵岩直接秒了。只是没有等所有人反应过来。 灵岩的排名居然瞬间就来到了第七名。没错，这第七名也在线，而且在得知灵岩挑战他的瞬间就接了挑战。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被瞬间秒杀，没有丝毫的悬念。而随着第七名被秒杀，整个暗影宇宙国所有关注这一次灵岩挑战的人全部傻了。整个论坛在这一刻都是陷入了停摆，一条消息都没有。足足半分钟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第七名也被秒了，秒了！第七名被秒了，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 第七名可是被称之为防御力最强大的顶级天骄啊！就算是排行榜第一的若灵雪，当初击败他都是花了十分钟才做到啊！这林岩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天才？顶尖天骄？不可能，第七名的攀岩也是顶级天骄，他能被秒，林岩的实力很有可能达到了至高天骄。开什么玩笑？我感觉最多就是掌控了神级技能的顶级天骄。至高天骄怎么可能出自于一个星域文明？或许是使用了某种禁术，限祭了自己的身体之类的，乘着攀岩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将他秒杀的。有道理，很有道理。嗯。 我感觉也是如此，有个锤子的道理！你们是不是傻？这是天才榜，又不是生死战。他既然能使用这种技能秒杀对方，为什么不好好的打？即使是好好的打，也能打败潘岩吧？为了快一点打败潘岩，直接残害自己？不错，一个个就别在这里自欺欺人了。这林岩即使是没有达到至高天骄的级别，也绝对是顶尖天骄之中的最强一批，而且有可能拥有神级技能。不错，就是如此。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言论，这一刻都出现在了论坛之上，但是…… 随着分析，几乎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这灵岩的实力绝对是有可能达到了至高天骄的层次。也只有这种天骄，才能击杀攀岩这种存在。而这一刻，甚至其他的宇宙国都是开始关注起来这一次灵岩的战斗了。因为每一个宇宙国的前十有任何的变动，对于整个人族宇宙区那都是极为重大的事情。因为只要能进入各个宇宙国的前十，那在整个人族宇宙区那都是排名在前一万的存在。更何况这一次灵岩是直接秒杀。不过，随着第七名的攀岩被灵岩秒了。 所有人都是久久没有看到潘岩出来讲解这一次的战斗，同时林岩的名次也没有再继续变化。当然，没等几分钟，一些攀岩的好友在论坛之上爆料了，潘岩已经死了。这一瞬间，整个暗影宇宙国，甚至整个人族宇宙区彻底哗然。潘岩不仅被林岩秒了，而且还杀了。可是让所有人疑惑的却是，从林岩之前的战斗之上来看，几乎从未杀过人，几十场就只有两人被杀。这攀岩为什么被林岩杀了？而作为顶级天骄的攀岩死后，也只有神级复活卡能复活。 而对方的文明虽然其强大，但是却不是那种能搞到神级复活卡的超级文明。也就是说，这攀岩是彻底的死了。想要知道缘由，或许只有林岩亲自开口了。擂台之上，林岩看着脚下那一个深不见底的恐怖深坑，却也是冷然一笑。这个深坑自然就是林岩秒了攀岩时候打出来的深坑。打了几十场，还是第一次见到上来就敢骂人的蠢货。可惜他的实力不足以支撑他说这些狠话。林岩算是极为忍耐了，毕竟这些所谓天骄每一个杀了都能爆出来不少的好被动。但是即使如此。 对方不招惹自己林，林岩也不会随意下杀手。而这潘岩却是仗着自己防御力强大，觉得林岩即使击败他，也不可能在他投降之前杀了他，所以上来就对着林岩一阵输出，说什么林岩这种低贱的星域文明出来的天才不配和他战斗之类的蠢话。而林岩也是直接一招就将对方瞬秒。不过话说回来，我现在的实力秒杀这些所谓的顶尖天骄，是真的太容易了。而林岩此时也是有些感慨，随着他这一次重生，他也是将那光明炽天使长的套装给穿上了。装备：光明炽天使长套装，等级。 LV 五九零，90, 品质神级，属性全属性三十万金，特性光明系、信仰系、生命系、神罚系、火焰系、神圣系，伤害加成一百倍。被动等级 LV 二十，回魔回血五万金，S 破甲破魔效果百分之五千，附加效果光明之神威，使用之后方圆十万光年之内所有人无法脱离战斗转态，并且神级以下天才 BOSS 全属性负百分之九十，神级以下负百分之五十。技能。 光明神之领域吸收天地间所有人心中的光明和希望，创造出光明神之领域。领域之内，光明之力等级提升 L V 二十，并且对一切邪物造成更加强大的伤害。吸收进度百分之零。光明预言借助光明主宰的力量调动命运之力，可算到一些细微的事情。光明主宰的意志配合技能“光明神之审判”，可召唤出光明主宰的意志，从而让光明神之审判的威力大涨。这就是神之套装的恐怖之处，夹杂了大量的强大效果，其中更是有光芒主宰的意志可以用来强化“光明神之审判”这个技能。 当初的灵岩就是被这一招阴了，所以才死的。不过现在这一招是自己的了。对了，还爆出来了一个神级技能升级卡，正好将亡灵之海的等级升级为神级的话，就能将全圣形态的邪神亡灵，还有这光明炽天使长的亡灵召唤出来了。灵岩想到这里，直接选择了升级技能。丁，恭喜您成功消耗神级技能升级卡，星号一，亡灵之海等级提升为神级，亡灵之海 LV 十，神级技能可最高将神级 Boss 残魂冲入到地狱之门之中，将之转化成为亡灵，圣王级以下所有野怪转化成亡灵之后，可提升实力。 百分之一百六十，以目前亡灵之力的等级，可达到四十六倍实力强化。尊王级 BOSS 可提升实力百分之八十，结合亡灵之力可达到二十三倍。尊皇级 BOSS 可提升实力百分之四十，结合亡灵之力可达到十一点五倍。神级 BOSS 可提升实力百分之二十，结合亡灵之力可达到五点八。两声提示音随之传来，随后林岩直接就将光明炽天使掌的冲入到了地狱之门之中。霎时间，原本地狱之门之上那无数的邪灵就多了一尊狰狞的天使浮雕。 看来只有达到神级 BOSS 才有资格在这地狱之门之上刻画下面容。林岩看了一眼位于最底端的天使面容和邪神的形象，这些都只是最低端的。那最顶端的那些该是什么存在？打开属性表。想到这里，林岩没有犹豫，直接对着天启意志再次开口了。属性表：姓名林岩，种族人族，职业被动掠夺师，气运之子，等级 LV 五九九百分之一百，力量三十四万斤，LV 二幺零星号八百万倍。 敏捷三十四万金 l v 二幺零星号八百万倍，体质三十四万斤 l v 二幺零星号八百万倍，灵魂三十四万金，天赋被动断尾求生，LV 六四死亡归来，实力提升百分之四千二百，空间之力 LV 幺七二星号二十四万倍，光明之力 LV 二百四十星号六四零零万倍，亡灵之力 LV 幺幺零星号三四倍至四千倍，强化精通 LV 三七一千二百四十一万二亿，强化上限 LV 七四，技能。 以命换命 LV 十玄色八十倍，虚空穿梭 LV 一神级无消耗，可穿梭于宇宙之中任何地方，即一次穿梭一百万亿光年。地狱神皇塔 LV 十玄色三百二十倍伤害，献祭所有生命值可爆发七百二十倍的持续伤害。灭世法箱 LV 十三彩七百二十倍，空间灭神斩 LV 十三彩神级，催动一千种 LV 幺六零及以上的元素之力爆发的毁灭一击，可造成七百二十倍的综合伤害。若是融合空间之力，技能威力翻倍。 并且斩断空间，将敌人打入虚空乱流之中。装备：光明炽天使掌套装 LV 五九零，神级；冰火邪帝之眼，红色，火焰、寒冰同树等级 LV 五。受宠三头地狱雷龙，帝王级 LV 五九九，99, 不在同一时空，无法召唤。金钱一百万宇宙币。看着自己现如今的属性，灵岩也是眼眸微微一闪。特别是那光明之力，因为装备的加持，最高可直接提升到恐怖的 LV 二四零级，其能强化足足六千四百万倍的恐怖加持，让灵岩都是有些震惊。 如此恐怖的加持，林岩估计自己现如今的实力，对上寻常的 L V 九百级强者，估计都能将之战胜。当然了，那些至高级天骄也都有神级套装，只要是神级套装，穿上之后就能强化 L V 四零级的属性。所以，对上同等级的至高级天骄，林岩想要碾压，需要的却还是那虽然只是 L V 幺七二级，但是绝对比 L V 二四零的光明之力更加强大的空间之力。而那些所谓的至高级天骄，他们的被动等级已经达到了极限，转生任务几乎不可能接到，而且即使接到，也无法再提升几个等级。 但是林岩却是不一样，他的被动等级还能随着实力提升而提升，他能报到更多更多的被动，只要被动足够，他的天赋等级就能无限的提升，直到超越所有人。因此这一次他的目标就是那些神级秘境和副本，只有在这些副本和秘境之中，他才能让自己的被动等级飞速提升。即使是玄色副本，对于现在的林岩而言都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了。这就是为何这一次他如此高调的原因。天启还没有排到那个第一名吗？他是不是不准备接受挑战？林岩对着天启一直开口了。 若是对方不接受的话，林岩就准备结束了。毕竟第七名的成绩也足够他进入任何一个暗影宇宙国的神级副本和秘境了。丁，对方目前正处于神级副本之中，无法脱离。对方向您预定三天之后决战。然而，面对林岩的疑惑，天启意志也是直接开口了。听到这里，林岩顿时就眉头一皱。三天之后，自己可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等他。算了，不打了，退出天才榜。林岩说完，直接选择了下线。嗡 <Wow>，瞬息间，他的身形直接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下一刻。 他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已经回归到了之前所在的那个主城。而随着林岩退出排行榜之上，他第七名的名字也是瞬间就黯淡了下来，代表着林岩已经下线了。一时间，林岩下线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人族宇宙区。林岩下线了？难道他被若灵雪击败了？不应该啊！按照林岩能秒杀第七名的实力，绝对不可能被若灵雪击败的。难道真的是和别人猜测的一样？林岩之前击败第七名的攀岩的时候，使用了禁术，导致实力下降？有可能。不过，即使是如此。 若林雪足足半个小时才将他击败，这林岩的实力绝对毋庸置疑。若是全盛时期，若林雪不一定是其对手。败了就是败了，说这么多干什么？一时间，林岩败了的猜测甚嚣尘上。不过即使如此，林岩那强大的实力也足够让所有人为之惊骇。从今天开始，林岩的名字也将让整个人族宇宙区所熟知。至少在近几千年的时间里，林岩的名气绝对不会有多少的减弱。能成为任何一个宇宙前十的存在，都能有这种待遇。况且林岩还有可能成为排行榜第一的存在。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尘埃落定的时候，一条消息却是瞬间刷爆了所有帖子。大消息：林岩之所以下线，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和若琳雪就没打起来？按照可靠消息，若琳雪大小姐据说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攻略神级副本，排行榜前十有七个都被她请走了。这么一条消息一出，整个人族宇宙区的所有论坛都被刷爆了。卧槽，这么大手笔，前十请走七个，不愧是大小姐。是啊，若家可是正儿过暗影宇宙文明之中最为顶级的家族之一，家族之中有 LV 两千级的老祖镇守。 这若林雪被称之为若家近几十亿年来的第一天才，自然待遇极佳。有意思了，很期待若林雪大小姐出来的时候和林岩的战斗。神级副本要想攻略下来，最少最少都得几天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林岩即使是使用了什么禁术，也刷的差不多了。看来这一场战斗真的有意思了。一瞬间，原本已经没有期待的所有人再次心思火热了起来。毕竟看热闹，而且还是这种超级天才之间的战斗，绝对是所有人都极为期待的。只是作为主角的林岩，此时却是看向了自己的天启后台。 对面是暗影宇宙国官方发送过来的消息，而且还不是一条。暗影官方，尊敬的天骄，你的天赋已经收到暗影皇族玄皇子的认可，暗影皇族十皇子邀请您前往暗影皇宫一见。暗影官方，尊敬的天骄，你的天赋已经收到暗影皇族灵皇子的认可，暗影皇族十三皇子邀请您前往暗影皇宫一见。暗影官方，尊敬的天骄，你的天赋已经收到暗影皇族神雅公主的认可，暗影皇族神雅公主邀请您前往暗影皇宫一见。这一刻，几乎所有的暗影文明的皇子都给林岩发来了消息。 当然了，基本都是一百位以后的皇子，因为一百位之前的皇子都已经因为年纪过于久远，全部死亡了。毕竟暗影至强者已经存活了几十万亿年的恐怖时光，即使是几千亿年才诞生一个皇子，那也是不知道多久的时间了。其中玄皇子是存活的皇子之中年纪最大的，虽然不是实力最强大，但是也是十九阶的超级强者。至于二十阶的皇子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暗影至尊，是暗影至强者的一百二十五位儿子。不过那等强者已经不再和自己的这些所谓兄弟姐妹争抢什么了。 达到 LV 两千级以上的这些至尊，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和自己修炼同一种元素的至强者隔壁，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至尊。当然了，这种可能几乎为零，所以这些至尊几乎都是享受人生。林岩看了一圈，最终发现还是这个神雅公主可能好一些。一来对方年纪最小，只有七千岁，是一个强大的十六阶强者；二来对方风平是所有皇子之中比较不错的，加之是所有现存的皇族之中天赋最好的，甚至他的天赋比那个暗影至尊都要强大。同为至高天骄。 最为重要的就是，她所觉醒的元素并不是暗影之力，而是深渊之力，是一种比暗影之力更加高级的元素。因此，就连暗影至尊也对这个妹妹极好，毕竟不是竞争者，以后还有可能相互帮扶。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元素没有至强者，所以神雅公主日后的成就很有可能达到至强者级别。这也是神雅公主被暗影至强者最为看重的原因。最主要，据说这神雅公主绝美，被公认为暗影宇宙国第一美女。虽然有家族光环的加持，不过漂亮绝对不假。 而在神雅公主联系林岩的最后一条讯息之中，还有一个直接的传送链接，只要在天启大陆，就能直接传送到神雅公主的行宫，正好去见识见识这个所谓的第一美女。林岩也是微微一笑，随后点击了传送链接。丁，您即将传送至暗影至高主城，是否确认？一个提示音随之传来。确认。林岩没有犹豫，直接点击了传送。嗡、哦，瞬间林岩身形化作一道光芒，消失在了原地。暗影至高主城，一座悬浮于天启大陆上空的庞大主城。 也是暗影宇宙国区域内最为庞大的一座主城，悬空主城直径足足数万光年的恐怖直径，这可是一座主城啊！这么庞大的大小，所能居住的人口数量极为恐怖。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主城各个地方都有大量的传送阵，这些传送阵可以连接主城周围方圆数千亿光年内的所有练级点，可以让任何一个玩家出门就能练级，从而可以让实力飞速的提升。而且此主城的等级无限制，但是却有天赋限制，那就是想要进入主城的人，只有天赋等级达到了二级以上才有资格进入。 不过，即使有这种限制，整个主城的人口数量依旧恐怖非凡，数十万光年的主城几乎人满为患。而在主城的中央，则是暗影皇族居住的一栋栋通天神殿，整个暗影皇族的居住面积几乎占据了最中央数千光年的直径。当然了，其中最为庞大的，自然就是暗影至强者的暗影至高神殿，那高达数百光年的恐怖神殿，在整个主城任何位置都能看到。而在暗影至高神殿的周围，则是其他皇子的行宫，一共一百多座，将整个暗影至高神殿围在中央。在外围就是其他的皇族了。 可以说，这种布局极为古老且简单，因为不少星域文明的皇族都已经开始玩异次元了，将皇族隐藏于异次元空间之中，让人感觉神秘且强大。可是，这至高神所在的皇族却是如此明晃晃的生活在大众视野之中。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古老且简单的布局，整个暗影皇族的驻地也更加的显得庄严和压抑。而神雅公主所在的神殿，正是位于整个皇族驻地的东方。这是一座暗黑系哥特式建筑，巨大的神殿庄严而肃穆，而在神殿的周围，则是有一片无尽的花海。 花海的中央，一个一袭黑红色长裙的少女正在喂养一只黑白相间、肥嘟嘟的受宠。嗡 <Wow>！而就在此时，一阵空间波动在少女的身后传来。下一刻，林岩的身影出现在了这一片花海之中。然而，来到这里的林岩顿时就被周围的花海所吸引。这里的花几乎每一朵都不一样。仔细一看，这些花几乎都是极为顶级的材料。当然了，最大的区别就是全部都极为漂亮。而林岩也是看到了，在前方一个一头长发迎风飘荡的少女。少女仅仅只是侧脸，就让林岩感觉到了一阵惊艳。 不愧为暗影宇宙国第一美女，即使不看全脸，灵岩都能清楚的知道对方的容貌绝对远超苏妙然他们。灵岩见过神雅公主，而灵岩也是直接对着少女微微行礼。这神雅公主别看才一千多岁的年纪，但是灵岩可是查询了一下，在前面几百年里，她一直都是暗影宇宙国各个排行榜当之无愧的第一。现在成为了十六阶的超级强者，她的排名依旧在第一，而且在整个宇宙的十六阶天才之中，她的战斗力都能排在前三。你来了，听到灵岩的声音，身影公主也是微微一笑。 随后抱起地上那个黑白色的兽宠站了起来，回头朝着灵岩看了过来。而这一刻，灵岩也是将对方的全貌看在了眼中，只是这全貌却是让灵岩瞳孔一缩。神雅公主侧脸绝美无比，然而在右脸之上却是有一块巨大的疤痕，疤痕之上充斥的是浓郁无比的深渊之力，其等级之强大，质量之恐怖，让灵岩想到了当初将她诛杀的神罚之力。如何？是不是很失望？所谓美女却是一个丑八怪。而神雅公主见到灵岩诧异的目光之后，却是淡然一笑。 似乎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林岩却是能看出来对方眼眸深处的苦涩。若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深渊之力应该是超神级以上的深渊之力吧？然而林岩却是看着神雅公主的面容，平静的开口了。听到林岩的话，神雅公主顿时一愣，看向林岩，目光瞬间浮现出惊奇。林岩居然能看出来，要知道，即使是他的哥哥暗影至尊当初都无法看出来这深渊之力到底有多强大。你是如何能看出来的？神雅公主有些好奇的看向林岩，此时她才仔细感知林岩的实力。 L V 五九九的等级是明面上的，可是除了这等级之外，他一个十六阶超级强者，等级达到了 L V 幺幺九九的超级强者，居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一时间，他对林岩的评价变得更高了一个档次。原本以为林岩就是一个寻常的至高天骄，看来林岩绝对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自然看不出来，只是猜测罢了。若不是超神级以上的深渊之力的话，暗影至强者陛下不可能无法消除。林岩随口找了一个借口，只是他的这话却是没有让神雅公主彻底信服。 作为顶级天骄，深渊之力等级达到 L V 二二零级的至高天骄，他似乎能感受到林岩身上似乎也有深渊之力，而且等级也不低。好了，不说这个了。你的天赋很强，所以你也知道我请你来的目的吧？我作为公主，自然是以皇族利益为重，因此代表皇族，想要让你加入我暗影皇族。我暗影皇族也将会为你提供所有能提供的资源。神雅公主没有在这一件事之上多言，而是看着林岩笑着开口了：“那我需要做什么吗？”林岩倒是不在意什么所谓的好处。 他只要能进入神级副本和秘境的权限就行，所以并不想要什么束缚。这就要取决于你的天赋了。你若是普通的天骄的话，每一百年需要提供一张玄色复活卡，当然资源稍微少一些。若是顶级天骄的话，每年需要提供一张玄色复活卡。不过同样的，几乎所有宇宙国的顶级资源都能给你使用。但是，你要是是高级天骄的话，你将不会有任何限制，只需要同意加入我皇族，成为我皇族的客卿就行。同样的，所有宇宙国的资源你都能给你使用。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待遇？ 看着眼前的林言，沈雅公主微微一笑，而她那深邃的目光也是好奇的看着林言，不知道林言到底是准备如何选择。听她的语气，似乎已经笃定了林言的天赋绝对是至高级天骄了。这天赋也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林言一听，无奈一笑：“你说是，那就是；我说是，整个宇宙没人敢反驳。”然而听到林言的话，沈雅公主却是平静的开口了。这霸气的话让林言都是眉头一挑，这女的果然不愧是公主啊，说话就是霸气。不过， 对方也有霸气的资格，深渊之力也是顶级元素之一，L V 二二零相当于寻常被动的 L V 二三零级，这等天赋在整个宇宙之中，只有那些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 L V 两千级二十阶强者之中有人能超越。那我就算是至高天骄吧。而灵岩也没有隐瞒，缓缓的开口了。哇！而就在他说完的瞬间，一阵耀眼到极致的光芒从他的身上绽放而出，这正是光明之力，而且还是 L V 二百级的光明之力。看到这里，神雅公主却是眉头一皱：“你怎么会是光明之力的拥有者？” 他有些诧异的看向了林岩，我为什么不能拥有光明之力？林岩反问。这话一出，神雅公主哑然。是啊，为什么不能是？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元素之力也达到了顶级天骄的级别？随后，神雅公主连忙看向了林岩。嗯，的确有。你说的是深渊之力吧？林岩说完，直接释放了 L V 幺八七级的深渊之力。这是林岩从一个超级天骄的身上爆出来的，对方差一步就能达到至高天骄了，可惜这辈子都没那个机会了。深渊之力因为是顶级元素，所以只要 L V 幺九零就能算是至高天骄了。 光明之力和深渊之力居然能同时共存，这简直不可思议！神雅公主看到林岩的属性之后，忍不住惊叹。要知道，深渊之力属于暗黑之力的最高属元素，和光明之力最高属的神圣之力对应。两种力量，一个是黑暗，一个是光明，可以说只要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就会疯狂的摧残这个人的身体，导致这个修炼者一直处于虚弱状态。可是林岩的两种元素居然如此安稳的共存，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的天赋的确是已经达到了至高天骄的水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暗影宇宙国的皇族客卿。 地位等同于至高级公民，这是你的身份凭证。神雅公主虚空一点，随后一道符文瞬间就在她的手中飞速的凝聚出来，符文凝聚成一块令牌，落入到了林岩的手中。至高级公民只有至高级天骄，亦或者等级达到了 LV 两千以上的公民才有资格申请到，而神雅公主却是能直接赋予林岩这个公民等级，可想而知，这神雅公主在暗影宇宙国的地位有多么的恐怖。林岩估计，即使是暗影至尊，怕是都没有这个妹妹地位高。 毕竟，林岩要是暗影至高神，天天有一个盼着自己早点嗝屁的儿子，怎么着也不会开心。多谢公主，林岩也是将这令牌直接收了起来。有了这个，自己想要进入暗影宇宙国内任何一个神级副本秘境，都不需要排队，亦或者申报之类的，也不需要出钱。去其他人族宇宙区宇宙国的神级副本，也只需要出一些入场费就能畅通无阻。而进入一次神级副本所需要的资金，也不过只是相当于一万宇宙币。一张玄色复活卡卖了之后，能进入一百次。林岩最不缺的就是玄色复活卡。 他的玄色复活卡甚至比暗红色复活卡都要多。对了，公主，恕我多嘴，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 BOSS 能把你的脸伤成这样？然而就在此时，林岩却是好奇的看着神雅公主开口了。他的话一出，神雅公主却是眼眸微微一闪，似乎不想提起那一段记忆。不过她还是开口了：“是深渊魔神副本的终极 BOSS，这是一个神级 BOSS，LV 六百级。我当初太过大意，以为拥有一整套的神装加上装备，可以轻松击杀对方。可是谁知道……” 对方的大招，深渊主宰的凝视却是能调动深渊主宰的力量。那是一个实力超越了超神级 BOSS 的恐怖存在，而我仅仅只是被深渊主宰的凝视扫到了脸一下，就变成了这样。而且，那还是我自爆了一整套神装才抵消了对方大部分的力量。若是被扫到了全身，估计我已经死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小看那种有终极信仰的神级以上 BOSS。神雅公主也是没有对灵岩隐瞒，并且对着灵岩告诫了起来。只是对方的话却是让灵岩格外的熟悉。好家伙，这不就是自己被秒的经过吗？ 只是这神雅公主不仅有全套的神装，而且天赋等级还比自己强大，加上没有被扫到全身，所以才活了下来。而林岩就有些倒霉了，直接就被秒了。终极信仰？那是什么？不过林岩也是好奇了了起来，这个名词他还是第一次听说。终极信仰就是一部分神级 boss 有信奉的超位神明，这些神明到底有多强，谁也不知道。只知道能让神级 boss 都信仰的人，其实力绝对非同寻常。而达到了神级 boss 就能调动一丝丝这种超位神明的力量，这种超位神明的力量几乎是无解的。 碰到就必死。